梦怡这个老尼姑，打的时候怂成狗，现在知道佛莲在我手上了，居然想偷袭我拿回佛莲。师太，不是我看不起你，这个佛莲现在给你，你也把握不住。我笑了起来，根本不把梦怡师太放在眼里，她偷袭也杀不了我。梦怡师太匕首一紧，继续威胁道：“你管我那么多，佛莲和佛印都是我们灵音寺的，快给我交出来，这是属于我的。”“好好，别激动，你要就拿呗，佛莲就放床上。”我指了指床头上用黄布抱着的东西。 示意他随便拿，这老尼姑可真是不知死活。你可别耍花样，跟我来，不准乱动。梦遗师太用匕首挟持着我，慢慢走到了床边，而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干笑。到了床边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兴奋，好像重要的东西失而复得一样。佛莲都不知道丢了多少年了，现在他如果找回来的话，那可真是离阴寺的功臣。离阴寺还可以重建，但这些宝物可不是随时都能找回来的。 他伸手就去翻那块黄布，可是翻开后，顿时一股黑火燃了出来。他本事不够，根本镇不住黑暗的火佛莲，手直接融化了，血喷了出来，染红了整块床单。狰狞的伤口依然附着黑火，还在剧烈的燃烧着。啊！梦遗师太一声惨叫，直接卧倒在地上，鲜血喷的到处都是。这时候，我连忙夺过他的匕首，然后狠狠踩住他的残臂，将他的残臂直接斩断。残臂掉落地上，瞬间成了灰。梦遗师太虽然断了一臂。 但是捡回了一条命，不然黑火会将他烧成灰。你为什么救我？孟医师太捂着伤口，龇牙问道。疼痛仍他面目狰狞，满脸苍白。不过他也看得出来我在救他。我冷哼一声道：“你们佛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心地善良，放你一马。他还有利用价值，我暂时不会杀他，不然他现在尸体都凉了。”我不信佛，也不信道，我信我自己。在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满天神佛不会理你。 能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你就是天，神佛叩首，妖魔皆怕。这就是野心。梦遗师太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失血过多，除了疼痛，本身也极其虚弱。算你小子有点良心，阿弥陀佛。但良心不多，故意引我。梦遗师太一直都是装傻，她可不傻，我早看出来了。我将带血的匕首丢到了她面前，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我之所以说她还有利用价值，是因为我还有话问她。 离阴寺的地牢里面，为什么关着那么多男和尚？离阴寺从和尚庙变成尼姑庙，一定不简单。还有离阴寺三宝失踪的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说了，我放你走；你不说，你自己选个葬身之地，我送你去见佛祖。我悠哉悠哉地坐下来，然后倒了一杯茶。是听故事呢，还是茶凉杀人？他自己选，自己找上门来的就要有觉悟。我已经很善良了，还给他机会。当年荆轲刺秦王失败了，可没这样的机会。 孟遗师太好像并不是什么忠良之人，及其识时,时务。看着失血越来越多，即使不杀我，他也会死，只能乖乖交代，然后去止血。孟遗师太说：“其实真正的离音寺是黑庙，所谓的黑庙就是供奉的黑佛，也就是无天佛祖。无天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比较靠谱的说法，他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新号新号化身，拜他等于拜七情六欲，跟正佛刚刚好相反。其他的说法则太杂了，无法分辨。” 黎英寺的黑，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跟黑店一样。这个庙的和尚犹如强盗，无恶不作。他们会杀刘庙的人，甚至烹食、抢劫钱财；女的则关入地牢，留作享受。全员恶僧，但又无人知晓。这不是佛，也不是庙，相当于地狱。他们都是恶魔。他们拥有三宝：佛莲、佛印、佛钵，这三样东西极其厉害。他们利用这个杀人、修行、作恶，无声无息，无人知道。 就算偶尔有几个正义之士来了，也是被分尸，根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说到这的时候，我听出一身冷汗。一个庙宇如毛饮血，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以恶修行，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一旦有战争、干旱之类的灾难，那靠近这种庙的都会死得非常惨，杀都算轻的了。还有更加残忍的说法，人会被养着吃。太平有佛，灾难有魔。梦遗师太说，灵隐寺最后也终于迎来了报应。在民国时期，灵隐寺来了一个女人。 叫墨兰，这个墨兰有点奇怪，她的头发颜色一半黑一半白，嘴唇跟中毒一样，橙紫色，眼睛有一只猩红无比，跟染了血似的。每当月圆之夜，两只眼睛都会变红，而且红的发紫。那时候都以为她是外国人，头发、眼睛和瞳色跟我们都不一样，而且还真没有听说过谁姓莫。毕竟民国时期大家都见识短。这个墨兰说自己是魔族，跟我们确实不一样，说话极其奇怪，而且脾气很暴力。他之所以来离音寺，是为了给义妹报仇的。 前段时间，离音寺关了一个女人，养着玩腻后，最后杀了分尸烹食了。他们要是杀了直接埋还好，烹食那个女人是他们做的最蠢一件事。墨兰来了后，直接跪地痛哭，说自己看到了每个和尚的身体里都有她，死的太惨了。墨兰一定要替他报仇。和尚们立刻知道这个墨兰不简单，想将墨兰也杀了。那个女人吃进肚子里后，早都变成屎拉出来了，还能看见人在肚子里，这墨兰能是普通人吗？ 可他们居然加起来都不是墨兰的对手，所有和尚全给打趴下了。墨兰没有杀他们，而是以一样的方式将他们关在地牢里，一天一天的折磨，以十倍的方式奉还，替自己的义妹报仇。说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情，姓莫。苏婷和苏魂的母亲不都是姓莫的吗？但不是叫墨兰。之前好像听说过苏魂和苏婷的母亲是一族的，魔族有这个族吗？苏婷和苏魂真的很像。 这两个家伙都有点疯子的感觉，暴力无比。苏婷人称苏家暴君，苏魂更是残忍无比。苏婷要不是有家主这个担子压着，他估计杀得更疯。还有青儿是苏魂的女儿，她跟别的女娲后人极其不一样，而且她有预知死亡的能力。这些都有联系吗？莫兰将那些和尚折磨得不成人样，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比他们更加暴力。那些和尚简直就是生不如死，折磨到差不多了，莫兰就想结果了他们，帮义妹报仇。 可是这时候出来了一个高人指点他，说他义妹死得太惨，怨气冲天，又死于地牢这种阴暗无天的地方，还是黑佛之庙。如果再造杀孽，恐怕都不能去投胎，永堕地狱之苦，无轮回之日。死于这个庙下的人都会有此遭遇。墨兰虽然暴力，但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闻听此言，立刻收手，不敢再造杀孽，生怕义妹无法投胎，还求高人指点该如何让义妹正常轮回，不受半点苦，让他做什么都愿意。高人看他有情义，便指点了他一下。 说将黑佛庙改为正庙便可行善积德，让那些和尚在地牢日夜诵经，为他们犯下的杀孽超度。这比以恶制恶再造杀孽来得好。莫兰照做了，所以才有了和尚庙变成了尼姑庙，而那些和尚一直被关在地牢之下念经，直到死亡。所以我那天才在地牢之下看到了那么多和尚尸骨。这些都是离阴寺的手札中所记载，句句属实。可莫兰只是建造了尼姑庙，他并没有当老大。十年以后。 他带着离音寺的三宝离开了，也就是传说中的佛莲、佛印、紫金钵，但这三样跟传闻有点出入。其实他们是无天的东西，黑佛之法宝。至于指点墨兰的高人，手札中没有说，孟遗师太也不知道是谁。不过那时候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军阀很多，很多高人都是非常低调的。至于原因，自己琢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离音寺三宝是墨兰带走的，也就是说，当年火男偷走离音寺三宝，但是却被追回来了。 梦遗师太点了点头。其实那个人叫后伞，就是之前黑庙的和尚弟子，拜的无天，自然心有贪念。他偷走了离音寺的黑暗三宝，可是离音寺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追到了他。他撂下三宝保命，还逃到了黄河躲避追杀。首发网址。可是他害怕离音寺最终找到他要他命，他必须变强。那可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给抓住是什么下场？他比谁都清楚。那庙害的人已经数不胜数，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真不少。 阴差阳错之下，他知道了黄河神功，也就是朱雀之庙。于是他怂恿朱雀一族的人跟他一起进去，没想到啊，两人都没有好果子吃。朱雀一族的人犯了规矩，受到了诅咒，后代全部背负着朱雀之火，无法正常生活，代代要留在黄河。而后散则被邪灵与南明离火交融诞生的东西附体，成为了火男这种怪物，最后还被张道陵和叶寒衣给封印了。说白了，离音寺的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全部惨死。 黄河神宫的所有谜题到这里就全部解开了，还得谢谢这个梦遗师太解答了我最后的疑问。不过关于墨兰的，我还有疑问，那就是他带走了离音寺三宝，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佛印和佛莲都出现在茶庄？还有一样去哪里了？他姓莫，苏婷和苏魂的母亲也姓莫，是一族的吗？魔族？姓莫？阴阳两道都实在没有听说过，不是我孤陋寡闻，是真没有。苏家倒可以查名字，但只有名字而已。 关于苏婷和苏魂母亲的事几乎没有记载，因为他们不算苏家的人。其实苏家是很严的，包括制度和规矩，毕竟人太多了，而且规矩不严会有人争家主之位。其他的我不知道，但苏婷跟苏魂倒真不像一个正常人，有时候暴力的像一个疯子。但苏婷的儿女倒没有，因为苏婷的老婆不姓莫。可以放我走了吗？我该说的都说了。梦遗师太已经嘴唇都发白了，血流太多，我是故意不给她止血的，不然她脑子有时间思考。 那他就会说谎。人在这种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而且还伴随着疼痛，基本上不可能撒谎，因为脑子不够用了，也没有心思去编一个这么大的谎言。走吧，记住，你是正庙的尼姑，这三样都是黑暗佛宝，你把握不住的。如果还想死，随时欢迎来拿。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本来以为那些和尚死于地牢是灵隐寺的尼姑作恶，没想到是这么一个事情，他们死有余辜。那这个梦遗师太也不算恶之传人，是正儿八经的尼姑。想想也就算了，懒得杀他，而且。 他对我也造不成什么威胁，你敢用这些东西？梦遗师太扶墙站了起来，准备离去，但临走的时候还是问了这么一句话：“我把茶一饮而尽。刀有正邪，但没有善恶，只有执刀之人有，明白吗？”希望如此，就怕你被邪恶吞噬，沦为傀儡。梦遗师太警告了我一声，直接走了。他既打不过我，也拿不了这佛莲，估计不会再来了。断了一臂以后，心里估计都有阴影了。他一走，我立刻打了个电话给蔷薇。 让他帮我查查京都还有谁姓莫的，而且网上查最好查到民国那个时期。这个年代交通发达了，各种姓我们平常时候都能遇到。要是放在以前，比较偏的姓都过不来，只能在特定的地区。这个莫兰一定不是京都城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来了这里以后，可能就是他所谓的义妹接济了他。后面义妹没了，估计他也无法生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这黑暗三宝给当卖了。辗转几手后，让茶庄的主人给收了。当然了。 还有一种可能，她当年嫁给了那个茶庄的主人。民国时期很乱，墨兰始终是一个女人，厉害也未必能有口饭吃。查她只有一个原因，佛莲佛印都找到了，三宝还有一件，我想集齐了。还有，我猜测，除了她，应该还有别的墨姓人。苏婷和苏魂的母亲都是，我有很强烈的直觉，如果生的后代跟她姓，或许那些还是她的女儿。不过那个年代能男随母姓。魔族，呵呵，有意思。青儿如果是因为继承了什么血脉。 才有预知死亡的能力，那这个魔族就非常有趣了。什么样的人种？头发是两种颜色的，而且还有血瞳。月亮出来后，更是能激发瞳色。这是人吗？还是说是一种奇怪的病？很多很多年前，皇帝与蚩尤大战，一巫族部落惨遭牵连，食不果腹。有部分恶红眼的巫族人抢食蚩尤大军的尸体后，被蚩尤大军怨灵附体，全部发疯癫狂，嗜血暴力，屠杀同族人。 巫族一青年角为了拯救巫族，深入丛林寻找神鸟朱雀，可青年没有回来，神鸟朱雀则出现了。他吞噬了那些发疯的人，连同蚩尤大军的怨灵也一起吞噬了。怨灵和南明离火融合了，诞生了新的邪恶之火，灼烧巫族之人，惨不忍睹。朱雀为保巫族，选择了自杀，后留下遗愿，选出十二人造神宫，并且世世代代守护。于是有了朱雀一族，也有了黄河神宫。东汉时期，一黑庙以供奉无天佛祖为主，修魔佛。 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甚至劫财劫色，无恶不作，名为离音寺。离音寺有三宝：佛莲、佛印、佛波，三样法宝极其厉害，这让他们可以很好的掩饰身份，又可以持恶行凶，无人知晓。离音寺出了一叛徒，名为后伞，他盗走了三宝，想远走高飞。可离音寺的人不是吃素的，很快就追上了他。后伞为了保命，弃三宝而逃，来到了黄河。离音寺找回三宝，可谓放弃追杀后伞，是要清理门户，对叛徒五马分尸。 后伞为了保命，需要变得更强，于是怂恿朱雀一族到朱雀陵墓，也就是黄河神宫。可进入黄河神宫以后，后伞和朱雀一族后人都没有好下场。后伞被蚩尤大军邪灵附体夺舍，朱雀一族惨遭诅咒。后伞被附体以后，成为了火男，出来后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记住网址。东汉同时期的张道陵、叶含一知道后，以五官作为封印。 根据黄河神功水的特性，将火男封印于黄河神功，贴上傅长生流传下来的灵符，让其永远无法出来。许多年后，时间来到了民国，那一间离音寺甚是厉害，居然在时间长河中屹立不倒。或许是没有人发现，或许是有人发现了，但不敢惹，因为对方手中的黑暗三宝极其厉害。他们不但潜伏存活了许多年，还继续保持着罪恶的手段，杀人无数，劫财劫色一样不落。可是他们也有倒霉的时候，终于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一个叫莫兰的女子找上门来，还将他们所有人打得不敢还手，趴地上无法起来。或许时代让人变弱了，也或许这个叫莫兰的真的极其恐怖。她不但收拾了这些恶魔，还改了离音寺，让其成为尼姑庙。可她没有留下来当多久尼姑头子，而是带着三宝消失了。民国时期非常乱，不知道她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为了生存，她早将三宝变卖了，又或者有了别的遭遇。三宝中的佛莲、佛印，我在地藏的茶庄里面找到了，还有一样不知去向。 这就是关于黄河神宫的所有线索，从黄帝时期牵扯了朱雀、蚩尤大军亡魂散落的小部落巫族，再到东汉时期张道陵、叶家祖宗叶寒一，包括赵无言、火男等，然后来到了民国，恐怖的离音寺，自称魔族的墨兰女子，没有身份的高人，还有失踪的三宝。这就是黄河神宫的全部内容。我经历的一切，仿佛打开了时间的本子，看着一件件事，带着时间回流，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唯一的遗憾。 应该就是张道陵和叶寒一没有发现这个离阴寺的猫腻。不过那些和尚手中有三宝，又善于伪装，躲过他们也非常容易。注：智商可以低，看不懂就问，不要跟个小丑在那里骂，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最蠢的那批，还花半张给你梳理。压屎啦嘞！师太走后，我打电话让蔷薇查姓莫的人，估计很快就能有结果了。这个自称魔族的女子非常有趣，更加有趣的就是这个佛莲了，吸收了火男的力量后。 恐怖翻倍，而且自带黑色火焰。我想学着师太那样去触摸黑莲，但我很小心，因为我知道它极其恐怖，稍有不慎，估计跟梦遗师太一样被断臂。可是火莲突然发出一股吸力，这让我有点猝不及防。我还以为它要喷火呢。尽管已经很小心了，但黑莲好像不是吸我的人，而是吸我的魂。嗖的一声，我眼前一阵黑光，直接就好像进入了哪里一样。这玩意想将我也一起吞噬了吗？大意了，其实我有闪，但没闪出来。 防了一手他的火，但他没喷火，而且吸就算了，居然吸得我魂魄，并且太快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反应得过来。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但好像混沌未开一样，周围都是雾，有很多黑色的东西飘着，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看着像鬼，又或者残渣。残渣就是被他吸收的物体留下来的残躯。说物体是因为他应该跟妖刀一样，什么都吸收，不止吞噬生物。这是黑莲的身体吗？我不断观察着周围，甚至想在这里拉一泡尿。 不过想想，只是自己的魂魄进来也就算了。我走不出这里，仿佛给困住了，而且很大，貌似一个无穷无尽、没有边界的新世界。不过，是昏暗的，有点像地狱。这时候，突然有无数的笑声传了出来，然后就见到黑色的怨灵，数量有点多，脸面苍白而狰狞，穿着很古老的衣服。他们将我围了起来。周围有一只朱雀在飞，但很虚幻，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哈哈，你小子也有今天！你也进来了吗？你这个杂碎！ 居然因我们，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呵呵，你这么贪心，被这朵佛莲吞噬也是早晚的事。揍他！这群玩意应该是蚩尤大军的邪灵，没想到在黑莲本体里面遇到这些玩意。他们人多，我一个人，而且是魂魄状态，不知道以什么姿态跟他们打。他们一拥而上，直接就将我按倒了，想要以牙还牙报仇。可是我突然体内迸发出了一股火焰，然后化作了麒麟，一口将他们全部给喷没了，剩点渣灰飘荡在周围。 李奶奶的都被吸收了，在我麒麟之子面前装什么？麒麟咆哮，混沌震慑，火焰烧天，那些邪灵瞬间就没了。变成麒麟的我还遁开了一条大道，我见缝就插，呸，我见缝插针，顺着那条道跳了出来。出来后瞬间回魂，人一下子就醒了。黑莲见吸收不了我，居然飞起来夺身而逃。他跟之前一样消失了，但他身上有黑火，这对于他来说是新的东西，可能还没适应。虽然黑莲本身可以消失，但那团若隐若现的黑火出卖了他。 也就是说，他消失的这个特性已经彻底废了。我连忙追了上去，但他好像不怕我了。可能吸收了火男的时候有些虚弱，那时候才不搞事的。现在已经恢复了。黑莲绽放出一股恐怖的黑火，想要将我烧成灰，但我躲过去了。我比刚才小心一万倍。这种黑火无论烧到哪里，基本上不会灭的，直到你成灰。我还要用它来对付张三丰，怎么可能让他跑？但他有点猛，一时之间我居然降不下他。而且房间的桌、椅、床全部成了灰。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灵风吹了进来。狐仙踏步而行，直接用灵力压制他。妖孽还不降服？别逼我毁了你！狐仙大喝一声，手捻兰花指，所有的灵力凝聚成了一点，然后口念咒语。这是我为数不多见狐仙用术的场面。灵力弹出，犹如一道冰锥，随后瞬间将黑莲冰住了。你吸收了极大的力量，尚未完全恢复。我昆仑山千万年积雪，凌冰咒足以镇住你。 狐仙说完后，所有的狐毛突然长了出来，然后如锁链一样涌向了黑莲，将其包裹着，好像困住了他一样。因为被冰封住，所以他无法激发黑火。狐仙的狐毛将其牢牢锁住了。复灵符阵。与此同时，狐仙以六张符贴在了冰面上，瞬间黑莲就不动了。啪的一声，直接掉在了地上，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卧槽，师傅，几下就搞定这黑莲了！我连忙抱起黑莲，将其重新用黄布包起来。这下他老实了。 狐仙收起所有的灵力，恢复了原形，随后说道：“以后惊叹词放后面。什么叫我草师傅？你喊师傅，卧槽也行。”我连忙捂住了嘴巴，奈何没什么文化，只会说卧槽，失言了。现在是他最虚弱的时候，降住他不难。那火男的力量也不是吃素的，没有那么容易消化，反而损耗了他的力量。要是他真正融合了那股力量，恐怕我也难制服他了。狐仙说着，还指了指上面的六张符。 这种符就是当年贴在黄河神宫的封印符，叫复灵符，火男都能封印，六张符还封印不了他吗？我有些惊讶，就是这个符，我当初接不下吗？给苏阳接下来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这个符沾了我的血，只有我能拿下来。同理，黄河神宫那张沾了师傅的血，只有师傅能拿下来。就算是张道陵用的，他也无法拿下。狐仙解释了我的疑问，可新的疑问又诞生了，那我拿不下来，是不是证明我不是傅长生？ 我刚想开口，可狐仙却先开口堵住了我的话。别问我要问你去问你爷爷，你最好保证什么都是真的，不然的话，不然什么？我连忙接了他的话头问道：“他该不会要杀我吧？”那找我爷爷杀去啊，关我什么事？我挖他尸体出来给你鞭尸，不然就割了你小星号星号，让你们家断后。我听了后双腿一夹，下体有些发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会这么无情吧？不会的，我一定是傅长生，我一定是爷爷不敢玩这么大的。 算命的人不赌是常识。对了，师傅，这么晚你来找我干什么？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午夜了。他平时一个时间不会来找我。狐仙冷哼一声，突然瞪着我问道：“张三丰那老头是不是找你去练顶了？”我知道瞒不过，直接点头承认了。狐仙可没那么容易骗，想蒙混过关都不行。你答应过我什么？还记得吗？狐仙脸色一沉，直接质问道。我又点了点头，当然记得，没有赢你，不得冒险给张三丰练天。 那你赢了吗？狐仙又问道。我摇了摇头：“老子赢个屁！他把诸葛恪绑起来了，我怎么赢？还化成诸葛恪的样子，比我都阴险，就好像一个钟馗不停在野区勾你蓝一样，玩了个寂寞。”那还不走？狐仙眼睛瞪着我，好像在逼迫。但他也是为了我好，进张三丰的炉顶，或许能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太冒险了，给他傻乎乎练，最后会出什么事，谁也不知道。而且我本来就答应了狐仙，根本无从抵赖啊。现在吗？ 我连忙扒开窗观察着，和尚那帮人全去洗脚做大保健去了，剩的人不多，而且深夜应该也不会注意到我，就怕张三丰了。狐仙却厉声保证道：“你放心，保你走还是没问题的。我们联手杀了那个老头都可以。”张三丰没有露底，没有完全展示实力，所以狐仙才用了最稳妥的办法，走为上计。如果改为杀，却杀不掉，后面会多一大麻烦。行，可以走，但我要救两个人。我竖起了两个手指头。 白苏苏姐妹太惨了，就算看在天意的面子上，我也得带他们走。留在这里，不知道张三丰会对他们做什么。狐仙有点为难，这时候去救人根本不是明智之举。可考虑再三后，狐仙还是同意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收拾好东西，直接跟狐仙偷偷来到了关押白苏苏的地方。虽然有人看守，但是对于我和狐仙来说，解决他们比沙坤都简单。他们全部倒下后，我扭断了锁，然后闯入了房间里。 可是黑暗的房间里却传来了一阵阵恶心的血腥味。我脚不知道踩了什么，感觉有点异样，低头看了半天才知道是血。我心里咯噔了一声，坏了，有人死了！不会，白苏苏姐妹已经被……我想起了天意和李天的惨死，顿时毛骨悚然，冷汗直流。我不会来晚了吧？屋子太暗了，我连忙想掏出手机照亮这里。虽然闻到了血腥味，但却什么都看不见。我极其担心白苏苏他们，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迎面撞了过来，我顿时大喊一声：“谁？”说话引起他注意的同时，手已经朝前掐向了他的脖子，可是掐了个空。这货不会这么矮吧？还是缩头了？可是前方却传来了古怪的声音，而且有些兴奋：“苏阳吗？是不是苏阳？太好了，苏阳，你见到我的头吗？”我愣住了，这特么谁啊？问我头哪去了？你问的是？这时候狐仙手一挥，顿时房间的灯都亮了。 我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人，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问那句话了。因为这家伙压根就没有头，脖子上空空如也，挂着的脑袋不知道哪去了，脖子也没有血涌出来，衣服干干净净的，非常诡异。可地上有血，血不知道哪里来的。而面前的这个人虽然没有头，但却可以说话，气氛非常古怪。你，你是谁啊？怎么没头还可以说话？我想起了苏婷，他等下不会掏出刀子给我来一下，然后说自己是苏婷吧？ 首发网址，杨乐马、啊，他慌忙说道：“没，我是说我是杨乐马，苏阳，你不认识了我吗？”他又问道：“杨乐马，我好像记起来了，八大财团其中的一位，杨姓皇帝的血脉，但跟他不怎么熟。我微信基本都是女人，别说其他方面了，对男人不感冒。这家伙头都没有了，我上哪认得他去啊？你要是个女人，我还能认三维，你这无头没脸的，我怎么知道是谁？” 这家伙好像是八大财团中除了我最好色的。等等，他半夜三更来这里，不会是想对白苏苏姐妹？这个垃圾真不是东西，我呸！苏阳，你还在吗？我好害怕，我头不见了，我看不见东西。你不要不说话，快给我找头，要不把主人找来也行。杨勒马，快哭出来的样子，听声音都在颤抖，估计害怕死了，就差没尿裤子了。你怕个毛线啊？该害怕的不应该是我吗？你大爷的眉头还能说话？你到底中了什么邪？ 我连忙扫了一下屋子周围，除了鞋以外，就是白苏苏和白木了。白苏苏和白木没有事，就是人晕倒了过去，绑着他的绳子和塞住嘴巴的白布都好好的。可是我并没有找到杨乐马的头，整个屋子都没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为什么头没了？人还活着？你头呢？我真想扇他一大嘴巴子，但是没地方扇，只好作罢。老子第一次见把头弄丢的。杨乐马依然声音颤抖的说道：“我不知道啊。” 我想着过来玩一下天意的女儿姐妹花，来个双管齐下的。可一进门，咔嚓一声，我头就不见了。我愣神了一秒，才慢慢发现的。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呜呜，我找了半天，我也没找到我自己的头。苏阳，我会不会死？我不想死。是不是主人知道我近色，所以惩罚我呢？快帮我求情！求你大爷，跟你很熟啊。张三丰没这么无聊，明天都练天了，应该是另有人搞鬼。但你的头到底在哪里呢？我掐着下巴思考了起来。 连角落、房顶，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杨勒马的头。到底是谁在搞鬼？为什么偷他头？为什么没有头还可以活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狐仙指了指杨勒马的肚子，在这。我有些惊讶，杨勒马的头在杨勒马的肚子里。我看了一眼他的肚子，并不鼓，而且人的头那么大，能塞进肚子里吗？我检查了一下他的肚子，没有伤痕，非常完整。我用手摸了一下。 根本没有摸到肚子里有头的迹象。你说别人割开他的肚子，将他的头塞进去还有可能，可肚子完整不破呀、啊。而且塞进去的话，肚子应该鼓鼓的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他的头怎么能跑肚子里面去？自己吃进去的？那特么的也得用嘴啊！他嘴在他头上啊，怎么用嘴把头吃进去？就跟先有鸡还有先有蛋一样。苏阳，你干什么？摸我肚子干什么？别闹了，赶紧找主人吧！肯定是他知道我近女色，故意惩罚我。 我知错了，我自厌，我自厌，我歌一永志，好吧。杨乐马估计现在都吓破胆了，他不是阴阳中人，没有了头又还能活着，他肯定怕。不过这男人为了活下去，宁愿根子都不要了，真是搞笑。好一个歌一永志，可应该不是张三丰走的，他求饶也没用，张三丰才没空管他。既然如此，又找不到他的头，那就选择相信一回狐仙吧。我突然拿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然后一刀将杨乐马的肚子割了开来，他头都没了。 应该也不在乎这个了吧？他好像感受不到疼痛，肚子被割开了也不知道。这时候哗啦一声，肠子从开口流了出来，掉了一地。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也滑出来一地，有点恶臭。这时候透过割裂的肚皮，我看到了杨乐马那张脸，他的头颅真的在肚子里，而且很完整。这诡异的一幕差点把我看得毛骨悚然。别说什么实力强悍，恐惧来源于未知，邪门这两个字永远都会让阴阳中人感到汗毛倒立。割开肚皮以后。 杨乐马的头好像终于能看到东西了，他非常兴奋，不停的说着：“哈,哈哈哈，找到了，找到我的头了，哈哈哈，终于找到了！原来在肚子里，原来他的声音在肚子里发出来的，怪不得有点奇怪。可奇怪的点很多，不止这么一个。”这时候，杨乐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等等，我的头怎么会在肚子里？怎么会？不可能，不可能！啊啊！”杨乐马突然怪叫了起来，然后肚子里的头颅七孔流血，撕心裂肺的尖叫后，扑通一声，突然倒地身亡了。 极其怪异，看得我瞠目结舌。找到头害了他吗？那找不到他的头，是不是可以这样活很久？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又一个八大财团丧命了。师傅，是巫，最诡异的术。狐仙好像知道我问什么，直接回答了。巫术流传千古万世，其起源甚至能追溯到蚩尤的年代，而且比较小众，用的人非常少。我认识会巫术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苏苏。 不过巫蛊不分家，很多会蛊毒的人也会巫术，而且蛊毒就属于巫的一种。杀羊勒马的人或许跟杀天意的是同一个。这屋已经没有其他人，凶手应该逃之夭夭了。胆子好大，竟然敢在这里下手！如果被张三丰发现，他会死无全尸的。还救人吗？救人的话，现在这种情况你会背锅。狐仙看都不看死者一眼，虽然死得诡异，但他并不上心。巫术本来就奇，不管过程怎么样。 目的也只是将人杀死而已，但能用这么高巫术的人，本事绝对很恐怖。朱雀一族的人不就是十二巫的后代吗？不会是他们吧？浓情，十三哥一直都没有出现了，可是他们也不会蛊毒啊。那种蛊，除了白姑谁都不会。就现在走！我非常坚定的回答着，然后一手一个背起了白苏苏和白木姐妹。现在就他们走，那必定杀羊勒马的罪名会扣我头上。为救白苏苏，杀掉八大财团。 那真是恰到好处的嫌疑，可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狐仙要我走，我不可能留下他们两姐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狐仙手一挥，灯立刻灭了，带着我夺窗而逃。没多久，房间里就传出呼叫声：“死死人了！杨老板死了！来人来人！还有那两个女的跑了！”声音一出，很多人都涌向了那个房间，而我跟狐仙已经走掉了。可不远处站着一个白影，正在以古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跟鬼一样。 身影飘忽不定，时显时隐，是凶手吗？我连忙低声朝狐仙问道。狐仙眨了眨眼睛，随后也低声回答道：“是张三丰。”张三丰？起先我心里咯噔了一声，但随后又安心了下来。这货不敢追我们，狐仙在，又加上我，他心里也得掂量掂量才赶上。快走！狐仙带着我加快了脚步。那个白影最后还是消失了。张三丰仿佛放弃了追捕我，或者现在他没有把握赢下我们两人。 离开龙虎山，但我没有回京都，而是去了女娲后人所在的大厦。我要去找青儿，然后送白苏苏姐妹回小区。小区有老乞丐和柳西林，就算想抓白苏苏，到时候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不过张三丰不会轻易放弃的。刚刚好，我也该回去古屋躲一段时间了。我要炼化这朵黑莲，需要一段时间的琢磨和修炼，还有鬼王的培养和进化。这十只鬼王还没到成熟期，实力其实还可以往上涨一涨。但我不是养鬼师，得慢慢培养。见到叶寒衣和张道陵的实力后，我知道。 自己该沉淀沉淀了，反正这也算跟张三丰彻底闹翻了。他这一次不会再原谅我。临近炼天的时候，拐走白苏苏，杀了杨乐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必定来硬的。我暂且苟一波，提升自己实力，绝对没错。我知道女娲后人住在哪一层，之前来过，可是女娲后人已经死二胜二。敲门的时候出来的是子服苏阳，你怎么来了？子服皱眉看着我，然后又看向了我扛着的白苏苏姐妹，他们是谁？狐仙早就隐身了，跟张三丰一样。 一般不喜欢暴露在人前，不要紧张，我不是来找茬的。这两个是我朋友，我只是顺路来看看妻儿的。我不请自入，然后将白苏苏姐妹放入了床中。他们不知道被灌了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醒，但气息很稳，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身上没有伤。凶手好像就是冲着杨乐马去的，压根没想伤害这两姐妹。朋友，火包有吧？还是两个，长这么像，姐妹花啊？子服阴阳怪气的说着，随后将门给关上了，还给我沏茶。 但我只是假装喝了一口。出门在外，我从不轻易喝别人的东西。少给我扯淡！青儿呢？我连忙问道。苏魂说：“往他身上打进了什么东西？”我倒要看看苏魂从黄河神宫里面拿了什么。他回来后一直生病，不是高烧不退，就是昏迷不醒，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请人看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子服好像都急死了。他们貌似不知道苏魂干的事。带我去看看。青儿生病应该跟苏魂打进他身体里的东西有关，取出来或许就没事了。 就算是女娲一族，身体里多一样东西也不可能没事吧？子服也挺相信我的，没有怀疑，就带我去看青儿了。我见到青儿的时候，她满脸苍白，气色非常不好，人还在昏迷状态，有点低烧，偶尔还会咳嗽一声。我唤了她一声，她微微睁开眼看了我一下，然后说不出来话，人又睡死过去了。苏魂这丝针畜生到底往自己亲生女儿身体里打进了什么东西？这样青儿简直生不如死。长期以往。 女娲躯体再强悍也得没命，谁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这时候，我连忙将手放到了妻儿的身体上，可子服却想阻止我，以为我要图谋不轨。苏阳，你没事吧？二姐都这样了，你还要趁机占便宜？子服伸手就要拦我，可我一只手就抵住了他两只，甚至不让其动弹。他有些惊讶，脸色一沉。苏阳，你小子到底成长成什么怪物了？这力量……嘘，别吵，我在救他。我连忙让子服闭嘴。 我在感应青儿身体里的东西，可当我形神聚集、全心感应的时候，突然我感觉到了青儿体内有一双眼睛慢慢睁开了，以一种极其恐怖的压迫感看着我，惊得我下意识睁开眼睛，心神瞬散。不知道为什么，意识里突然跳出了一个字“魔”。虽然经常说妖魔鬼怪，但真正的魔，我不知为何物，可能就是正道堕落，成为了所谓的人魔，暴力、杀戮、残忍，这些就是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些，但那双眼睛仿佛会说话。 他在告诉我，他就是魔。青儿的体内是活物。子服见我有异样，连忙上前来询问我怎么了。不就摸了一下青儿的身体吗？怎么突然跟触电一样了？我没事，青儿的身体有异物，得赶紧取出来。我连忙对子服说着：如果真是活物，按照刚才那东西的特性，可能会夺舍青儿的身体。那双眼睛确实有点害人。苏魂到底往女儿的身体里塞进了什么东西？啊，她身体里有异物？不可能吧！ 断掉的黄瓜，子服完全不知道苏魂对青儿做了什么，也不能怪他，找人看了也没有发现。别开玩笑了，事情很严重，里面的东西好像是活物，要尽快想办法取出来。我摸了一下青儿的肚子，东西好像不是在肚子，也不知道藏于身体哪处，应该很隐秘，不然早给发现了。我得先找出东西藏匿的地方，逼出来也好，用手术的办法剖开身体也好，都要尽快处理。可就在此时，突然另外的房间传出了呼救，而且动静非常大。 是子服刚才的房间，白苏苏姐妹还在呢，不会是八大财团的人追来了吧？这么快？糟糕！我惊呼一声，连忙返回了原来的房间。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鬼气，是苏魂。这玩意居然没死？苏阳不是回去宰他了吗？我冲进去以后，发现了醒来的白苏苏，但她好像还是浑身无力，在地上喊着：“救命！放开我姐姐！你是何人？放开我姐姐！”首发网址来的果然是苏魂。 白木没醒，他拽着白木的头发，然后挟持了他，正对着白苏苏冷笑：“哼，终于来了，苏阳。”苏魂看向了我，好像故意引我来一样。而且他开始往后退，直到退至窗口。如果我敢靠近，他会毫不犹豫的将白木扔下去。你这畜生居然还没死！我嘲讽道。苏魂哈哈大笑了起来：“彼此彼此，你们全都去龙虎山了，以为那破阵能困住我吗？老子逃出来轻轻松松，想弄死我没有那么容易。” 别说废话，把白木放了！我厉声喝道：“你想得美！把我女儿身体里的东西取出来，我会带上她来找你的。给我醒目点！你个臭小子！”苏魂说完后，抱着昏迷的白木，纵身一跃，从高楼上直接跳了下去。我凑近窗户往下看，什么都没有，一鬼一人仿佛消失了一样。苏魂果然狡猾，居然让他给逃出来了。不过这家伙净吹牛皮，他要是能破赵无言布下的阵法，他早就逃了。很明显是赵无言被灭了以后，他的阵法就消失了。 苏魂捡了一大便宜，所以逃了出来。不过这家伙确实狡猾阴险，拐了昏迷的白木，想用它来换青儿体内的东西。他知道那玩意最后会落到我手上。白苏苏可能药效没过，挣扎了好几下都没有爬起来，踉踉跄跄的又跌下去了。他死命的抓住我衣服，追问道：“他是谁？为什么抓我姐姐？他是谁？”苏阳，我求求你救救我姐姐！你放心，我尽力。我拍了拍他的手背，白苏苏这时候才安心了一点。 眼睛又一翻，人再次昏迷了过去。不知道张三丰给他下了多重的药，现在药效都没过。不管了，先拿青儿体内的东西，其他的后面再说。我安顿好白苏苏以后，继续在青儿体内寻觅，最后在她下半身找到了一点点异物的影子，可只是一种感觉，根本无法具体感应到它就在那里。后面我一想，终于明白了，连忙让青儿变成蛇尾人身的状态。怪不得那些人都看不出病因，原来藏在了无形当中。苏魂这狗贼有点厉害啊！ 青儿迷迷糊糊的，无法完成女娲状态，最后还是在子服的帮助下变的。这时候，我仔细的摸着蛇尾，立刻就感觉到了，确实藏在了里面。我连忙用法力往里逼，突然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往外突破了出来，血溅在了我的脸上。青儿疼痛无比，闷哼一声后，直接晕了过去。这时候，咕噜噜的一声，有两颗圆滚滚的东西落到了地上，然后滚到了桌角旁。我去捡这两样东西，而子服则帮青儿包扎伤口。 那两颗东西，半块手掌大，圆鼓鼓的，黑白相间，有点像一双眼睛。但如果是眼珠子的话，应该也不是人的，有点太大了，而且也太圆了。人的眼珠子并不是这样。我两颗互相敲了一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很硬，互相碰撞也没有任何损伤。什么玩意啊？就这？刚才看到的那双眼睛跟这个玩意又有什么关系？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得到结论。这种东西，古董店估计也很多，但也就是值个收藏钱。 整体来说没什么作用，可苏魂为了这东西连命都不要，就是不告诉赵无言。现在为了这两颗东西还来冒险，要知道断了一臂的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算了，回去再研究。这两玩意应该不是凡物，只是我一时之间参不透，或者没有开光之类的。此时的青儿立马退烧了，而且身体好了一半。东西取了出来以后，估计不用一天就能完好如初。子服朝我问道：“二姐的身体里怎么会有东西？而且你好像本来就知道一样。” 我也不瞒你了，是苏魂打进青儿体内的，他告诉了我。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他没事了。交代完以后，我连忙带着白苏苏走了，因为我怕子服要分这两颗东西在青儿体内拿出来的，他当然会有想法，但我没给他机会，直接溜了。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我都已经到家了。回到小区，我带白苏苏回了自己住的房，还找了老乞丐来给白苏苏把脉。老乞丐自从京都回来以后，伤已经彻底养好了，有地方住，平时偶尔去乞讨一下就行。而且他不是什么好人。 嘴馋的时候会杀流浪狗吃狗肉，说早死早超生，带他们脱离畜生道。老乞丐说白苏苏没有事，就是要下重了，没个几天应该缓不过来。他抽了一口旱烟，问我回来干什么？京都出事了吗？这时候我拿出了一个盒子，说道：“回来向沈家讨个钥匙。当年沈老爷把那个盒子交到我手里，让我照顾沈洛一。沈洛一没了，还带走了我抓回来的鬼王女儿。这个盒子本来是属于他的，既然这样。” 那就当鬼王女儿换了这个盒子吧。这个盒子好像是以前张三丰留给沈家的，但要是在沈夜的手里，里面是什么不得而知。我也用过了所有办法，就是打不开，包括狐仙也不行。不过无所谓了，以我现在的本事，沈夜拦不住我。沈家我也早已不放在眼里，也该打开这个盒子了。我非常好奇里面放的东西是什么。沈家虽然在这个城市是厉害，但跟京都那些人比，简直就是蝼蚁。你要去就去吧，这些年他们也没什么变化。 一个二线城市终究没有造神的能力啊！老乞丐吐着烟圈，并不阻止我去沈家。当年他一个人灭一个族，这种地方的风水家族并不算太强，主要是名声和敛财。我遇到最强的对手就是沈夜了，他是沈家的二儿子，所以当时我才没跟他争执。现在的话，他已经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不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先看看故人陈林呢。想起真正属于我的第一个女人，顿时立了。这么久没回来，他跟人走了吗？老乞丐嘿嘿笑了起来。 这丫头去当赊刀人了，偶尔回来一次。你想遇上她，那得看运气了。不是吧？她去当赊刀人了？谁教她的？我有点惊讶。她做生意还可以，毕竟是陈家大小姐，去当赊刀人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了？老乞丐敲了敲烟灰，说是他自学的。他要去寻找自己的生父，只能走上那一条道路了。首发网址。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陈琳确实日夜都在看一本关于赊刀人的秘籍，那是他母亲情人留下的。他居然现在自己去当赊刀人了？ 现在陈琳去了哪里？老乞丐也不知道。他说，赊刀人游历四方，居无定所。不过陈琳偶尔会回来，但早已经饱受风霜，没了千金大小姐的模样，倒跟小财迷方婷一样。方婷这个赶尸人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赚钱攒够嫁妆，然后把自己嫁出去。但现代交通方便，赶尸的生意不好做，几乎都是用车运了。说起方婷，我就有点害怕。这种用江辰基因从昆仑胎里面复制出来的人，跟江辰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女版江辰。虽说可冲，但江辰会用意识控制她。 说不定半途会给下位，我连见他的心思都没有，很怕他突然就给我来一句长胜。陈林这丫头太傻了，明明父亲就在身边，还去当什么赊刀人巡抚。柳希林也是的，死活不跟他相认，真是一对傻鸟。柳希林不知道有什么顾虑，一直不肯与陈林相认，搞得我都有点烦躁了，比被看被人卡文还难受。别管人家家事，少说两句。你睡他女儿，你以为他不知道？老乞丐说道。我有点吃惊，那这样说的话，你也知道了？ 我操！我跟陈林办事的时候，他们不会趴小窗户上偷窥吧？怎么都知道？老子是不关门还是不关窗？老乞丐笑呵呵地拍着我肩膀：“那小娘们叫的欢，谁听不到？你当我们不长耳朵？”嘿嘿。听老乞丐这样一说，好像也是。陈林跟个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会叫，而且叫的特别大声。既然陈林不在，那我也懒得继续在小区逗留了，让老乞丐照顾白苏苏。等他醒了，我自然会登门拜访。 至于方婷和柳希林就不见了。柳希林就是个闷葫芦，基本不怎么说话，找他没用，而且还长得比我帅，我最讨厌长得比我帅的男人。方婷则见了瘆得慌，我不想回忆起江辰，太痛苦了。回到古屋，我推开了大门，一阵阵灰尘扑面而来，很多地方也结了蜘蛛网，院子里满是杂草。这个古屋虽然住的时间不太长，但承载的记忆太多了，总有不一样的情感。我尽力打扫着，直到可以住人。等屋子干干净净后。 狐仙可现身了，摆明不想干活，我套他猴子的。他现身后又摆弄起了那一台许久不开机的电脑，然后开始网购了。以前没钱，现在他把阿里巴巴买下来，我也无所谓了，让他买。不过他到现在好像都只会用电脑网购，前几年学的，现在手机什么都可以做了，很方便。我也把那些网站和种子全部删了，现在直接手机 APP 看片，方便。师傅，悠着点，别近视了，到时候还得给你配一副眼镜，多麻烦啊！我提醒了狐仙一句。 不过想想有些好笑，但狐仙却反提醒了我一句：“小黄的人来了。”小黄，黄大仙，我满脸狐疑。这玩意被蛇仙废了，是我救的他。后来带回茶庄的院子里养着，但是他自己跑了，现在回来这个城市了。他伤好了吗？不过我好像明白了他回来的目的。我好兄弟王天琪的产业全在这里，他回来应该是为了继承王天琪的产业。除非顶级的修行，不然都是要靠资源的。千年灵芝，万年参，纯血生肉，白骨头。 所谓的天灵地宝全都要钱买，要是夺，黄大仙伤了，继承这些东西来恢复修行，那是最好不过的。京都险恶，他逃回来这里是最正确的选择，慢慢疗伤，慢慢恢复，很快就能回到之前的巅峰了。狐仙话音刚落，立马院子外面就停了一辆车，真是料事如神。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带着两个小弟来敲门了。开门以后，我问他什么事，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这位小哥，黄总有请。” 黄大仙现在都混成黄总了吗？被继承了所有的王天琪不知道此刻在。我思考了一下，最后还是跟他走了。听闻黄皮子有恩必报，我倒要看看他是报恩还是报仇。如果是报恩的话，我可以混点好处；报仇的话，他也打不过我了。我直接废了他，少一个敌人，以免夜长梦多。之所以说他会报仇，是因为我们之间恩怨确实多。王天琪也是我杀的，而王天琪不但是他干儿子，祖上还是他恩人，有点类似于狐仙跟我，所以他保王天琪，狐仙保我。 不过救命之恩大于天，他应该会拿捏的轻，不然的话死的就是他。以我现在的实力，杀他真的不要太简单。黄大仙住的地方就是原来王天琪的大别墅，虽然在郊外，但他的人非常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雇佣军队。门外保镖都有十几个。王天琪以前就是土皇帝，在这里称神也不为过。有权有势还有财，这片的生意几乎全部垄断了，因人都跟他吃饭。王天琪弟弟死了，好像也无儿无女，黄大仙不继承也没人继承了。 在金丝眼镜的带领下，我来到了黄大仙的跟前。这货打扮的人模狗样的，穿着西装，抽着雪茄，一个大背头，跟以前王天琪差不多，就是个矮了一点。哟，这不黄大仙吗？摇身一变成黄总了。我吆喝一声说道：“黄大仙对我还是有戒心的，这上下两层全是人，跟围墙一样，只是都在外面守着。在这种地方，有钱能招很多人。”黄大仙吐出了一口烟圈，眯眼说道：“好久不见啊，苏阳。” 我挥了挥手，打趣道：“不用这么感慨，咱们现在不是见着了吗？你找我来有什么关照吗？”“有两件事：第一，感谢你救了我的命，我黄鼠狼有恩必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一个，我一定完成；第二，我干儿子是不是你杀的？”黄大仙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和表情都变了，明显还是对王天琪的事耿耿于怀。对“对我杀的，他要杀我，那就要做好被我杀的觉悟。”我摊了摊手，一脸的无所谓。 一副你想怎么样的表情？记住网址，苏阳，你这么直接就不怕我杀了你吗？你知道吗？我这里有三千人，三千，还有枪。要不你直接许愿让我放你走吧？黄大仙好像在打着小算盘，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阴险的表情。这畜生想要跟我计较了，一码归一码。他居然想给王天琪报仇。这时候我稍微一抬腿，只是轻微晃动了一下，啪的一声，他面前的桌子裂开了两半，雪茄跟被刀切一般。 断了，后面的墙发出一声闷响，直接斜着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冷风呼呼的灌了进来，吓了黄大仙一跳。他傻眼了，半截雪茄掉进了裤裆。你现在还是人吗？黄大仙半愣了一下，捡起雪茄反向抽烟，也不知道没有缓过神来。我打了个哈哈，轻描淡写的说道：“当然是，但我现在的力量，不是你这个所谓野仙能对付的。”这时候，外面的人听到响声，立马全部围了进来。 跟当初我与王天琪对峙的时候一模一样，苏阳，你就这么小看我？黄大仙脸上开始长出细小的毛发，嘴慢慢变尖，样子越来越可怕。进来的人也蠢蠢欲动，手中的法器全部亮了出来。小黄，今时不同往日了，过期 boss 不如狗啊！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很能活下来的。我打了个响指，瞬间腥风血雨，黑气缭乱，我的鬼王们出来吃自助餐了。这些阴人数量再多，也不可能是食之鬼王的对手。 整层别墅都全是血腥味和白骨，尖叫和哀嚎不断。黄大仙人都傻了。食之鬼王，这是何等的卧槽！对于他来说，简直震撼。京都除了鬼夜，还有谁养鬼有这般统治力？可鬼夜已经是京都四大高手之一，算是养鬼界天花板级别的人物。而我有十只，比鬼夜还多。我踩着尸骸，脚底全是血迹，踢开前面的头颅，然后慢慢走到了黄大仙的面前。他吓得将椅子往后移，神情有些紧张。我便强太快了。 他已经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小黄，这个城市我跟你一人一半，怎么样？明天召集四大风水家族，特别是沈夜，一定要见到他。我指尖如雷，已经戳到了黄大仙的眉心，但他只是愣了一下，根本反应不过来。等缓过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敢动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你以后给老子当牛做马吧。我救了他，可不是想做善事的，有偿救助要还的。 现在黄大仙就是这个城市的神，召集这个城市的四大风水家族不是什么难事。阴阳界最重要的不是斩妖除魔、看风水，而是生意、名声、利益，把这些做到极致了，才能成为屹立不倒的家族。各行各业都渗透着资本的力量，没有资本，哪一行都会没落。可以骂资本，但不能没有资本。这也是为什么高人喜欢隐居深山，因为他们玩不来，也不屑于搞这一套。黄大仙继承了王天琪的东西，那他就是这个城市的神了。我救他一命。 分他一半不过分吧？黄大仙面对我的气势，久久缓不过神来。以我现在的本事，对于他来说，压迫感太强了。好的，杨哥，没问题。您慢走，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人也好，妖也罢，能屈能伸才能活得久。人有高峰低谷，苟不住，那就只能下黄泉了。古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越甲三千可吞吴；也有霸王项羽不肯过江东，坐失东山再起好时机。我就忌惮黄大仙。 苏一峰这种人倒是那种愣头青，再厉害我也不怕。莽夫始终是莽夫，世间险恶，会被人玩死的。我可没有 dis 某大师兄，我只是有感而发，叫我六爷吧。京都六爷回来玩几天，不用紧张。记得我交代你的事，孩子们都回来吧。黑葫芦一挥，我和鬼王都消失了。别墅的楼梯流淌着许多鲜血，踩上去滑溜溜的，残肢满地。黄大仙的人死伤无数，算是元气大伤了。不过咱们国家嘛，最不缺的就是人，有钱还怕没人吗？ 剩余的人见到我就跟见了鬼一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想当年我从这里杀出去的时候，差点没了半条命。现在的我，他们一起上也是送。小城市的阴人始终差点火候和实力。打习惯了高端局的我，来到低端局就是嘎嘎乱杀。没有妖刀，不然他们死得更惨。回来匆忙，龙虎山直接过来的。妖刀还在茶庄。金丝眼镜吓得腿都软了，手脚发抖看着我。我让他别紧张，开车送我回去。我不会轻易杀人。明天就该见到沈夜了。 当年跟他打的有来有回，分不出胜负。这次不交出钥匙，我就屠他满门。争资源就是这么残忍，谁挡我杀谁。拥有绝对的力量，那就不用低调了。这个城市，我就是神。虽然我碾压黄大仙，让他无法接受，但这家伙转变能力很快，加上我救过他的命，他是真的臣服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就已经召集了四个家族，以沈家为首，在本市最大的酒楼见面，开一个昂贵的包厢。本来我只是为了钥匙。 直接找沈夜就可以，但是黄大仙当了老大，那这个城市的资源我也要了。风水最讲究的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就是事，人多势就强。虽然这四个家族不强，但是有钱有势能打没用，还得靠资源人脉。鬼众妖众也是，他们抱团才是最可怕的。这也是为什么阴兵阴将比其他的鬼要厉害。阴兵借道，活人回避，洋人不躲，寸草不生。黄大仙开了一辆保时捷来接我。 我出门前看了一眼狐仙，示意你要不要去。狐仙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淡淡说道：“手可以软，心不能软。”我皱了皱眉头，不知道狐仙什么意思。但他一回来就开启了养老模式，几乎不管我的事了，而且也不用管，我可以自己解决。但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让我有点不解。就沈夜这些人，我怎么会手软呢？心就更加不会了。挡我者死。电视里传出了潘金莲给武大郎灌药的声音，狐仙看得津津有味。 而我则一言不发，踏出了院子，上了黄大仙的车。黄大仙抛给我一根雪茄，但我不抽，我就点着，伸出窗外，让烟飘着，仿佛在庆祝一样。六爷要给你找几个小明星吗？黄大仙真的像极了以前的王天琪，也完全跟人一样了。听闻有些妖做人太久，连自己都忘记自己是妖了。人群太多，总有一些魑魅魍魉混进来的。你身边的是人是妖，你能知道吗？明星，几线的？我皱了下眉头。 黄大仙这厮不会对女人有兴趣吧？这不乱了吗？黄大仙嘿嘿一笑：“最多二线的，不过身材和颜值管够，这点你放心。”不要，我只想睡一线大明星，二线的看不上。我将烧尽的雪茄弹了出去，因为电话响了，是蔷薇的电话，估计是查到姓莫的了。他办事一直很快，以前混下九流，现在给他底子洗白后，上三流也能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查到了吗？我接起电话问道：“嗯，查到了。” 蔷薇回答道：“京都本身姓莫不多，根据你的描述，我排除了一些，也调查了一些，最后只剩一个了。一个，那甚好啊！现在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我连忙问道。“如果真的有所关联，那墨兰的后代可能都姓莫。虽然那个年代随母姓的不多，可墨兰称自己是魔族的传承，跟我们可能并不一样。当然，只是可能，并不确定，得看蔷薇怎么说了。”于老爷的干女儿，蔷薇回答道：“于老爷。” 这大爷以前我跟地藏合作的时候，给他院子驱过邪，喜欢抽烟、喝酒、烫头，这三样我尤为印象深刻。等等，于老爷的干女儿不是雨烟吗？他是不是叫雨烟？我连忙问道。对的，查过了，跟你有过密切交往，叫莫雨烟，大概十三岁那年才认与老爷为义父。十三岁之前跟其师傅学咒术，后来十八岁离开了京都，去别的城市跟了一个叫王天齐的老板。蔷薇的回答让我有点震撼，雨烟居然姓莫。 我想起了他的那双眼睛，确实跟梦遗师太描述的墨兰有点像。我们正常人的瞳色不可能是红色，要么就是有病，要么就是斜瞳或者阴阳瞳。墨兰的眼睛跟雨烟的是不是有点像？还有，这丫头从不透露自己的姓，就说自己叫雨烟，可能是故意隐瞒。我又朝蔷薇问道：“她不是孤儿吗？你怎么查出她姓莫的？”蔷薇肯定了我的说法，她确实是孤儿，她出生就没有父亲，母亲是个看坟场的，她跟母姓。 而且他们家一直都是跟母姓，他出生面多久，母亲就被人挖去眼睛，然后放炼尸炉里烧死了。莫雨嫣一岁不到就成了孤儿，但他没有进孤儿院，他师傅把他领走了。他师傅是谁？能查到吗？我皱了下眉头，为什么雨嫣的师傅会去直接领养他？很明显，雨嫣根本不是真正的邪咒一族，可他却可以学诅咒。诅咒是靠血脉延续的，不是谁都可以学诅咒。就好像我骂在座的各位，每天拉屎没有纸，吃泡面没有调料包，下片总是卡网速。 玩游戏把把输，这些根本没有用。念咒没用，念经没用，不行就是不行。能学诅咒的人本身就有这个天赋，所以是血脉传承。可雨烟却有这个基因，而她并不属于邪咒一族。我以为她是，可我错了，她只是被师傅领养的。可说到查雨烟师傅的时候，蔷薇却说不行，雨烟师傅是黑户，根本没有资料。查到雨烟还是通过于老爷，因为雨烟当时要读书，必须入户口，所以才认了于老爷做干爹，成了于老爷的养女。于家是八旗子弟。 当年清朝溃败的时候，八旗子弟也有不少遭殃的。雨烟师傅祖上就过于老爷祖上，所以两家有渊源。于老爷就卖个面子，收了雨烟。雨烟读完高中就辍学了，后来去了别的城市，靠着一身邪咒术在王天琪手下混饭吃。王天琪别的优点不多，就是爱惜人才这点确实做得好，有点像曹操。年纪轻轻的雨烟在他手下混得风生水起，不然的话，这个时代诸葛亮来了，估计也得进厂打螺丝。刘伯温或许进美团配送。 袁天罡和李淳风说不好都要去开滴滴，张道陵特么来了都要去送快递，因为现在好一点的道观要研究生学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高中文化，没人脉，没背景，你会诅咒也没用，诅咒人能赚钱吗？所以王天琪算是他的贵人。既然语言师傅是黑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个年代黑户的人多，就是那些没有身份证的人。行，剩下的我自己查，你去茶庄把妖刀给我带过来，我给蔷薇发了个地址。 让他送妖刀来古屋。你那刀我拿不了啊，跟活的一样。蔷薇苦笑了起来，有心无力。没事，他都废了，你现在随便拿。我叮嘱了几句后，就把电话给挂了。送个残破的妖刀应该没有问题的，这我不担心。现在我上心的是，语言不会就是莫兰的后代吧？在我跟蔷薇的通话时间，黄大仙的车已经来到了。挂了电话后，我们直接上楼。语言的事先放一边，后面我直接找语言本人就可以。这要是魔之后。 那他后代不是给我玩烂了？上了楼以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极其昂贵的包厢，里面早已经坐好了三个人，分别是两男一女。本是风水四大家族沈、江、徐、燕，可只来了三个，沈夜没在。这时候我瞪了黄大仙一眼：“沈夜呢？我不是说了吗？他一定要来。”黄大仙看了一下时间，说道：“他答应来的，应该路上堵车吧？我们先坐。”说完以后，黄大仙将我推到了桌前，然后让我坐下，还逐一给我介绍。 这个是江家的大当家，名叫江田；那个是徐家，叫徐嫣；那个是燕家，叫燕飞。可我对这些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最想见的还是沈夜，他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这位是京都来的六爷，苏家的人风水术造诣很高。黄大仙笑呵呵的介绍着我，我感觉有些讽刺，人跟妖仙坐一桌谈生意，够搞笑的。江田是个中年人，眉毛横长很密，一看就是个暴躁之人。他好像有些不悦，直接哼了一声道：“什么京都六爷？” 来我们这个地方，说白了还不是想分一杯羹。苏家又怎么样？真在京都混得好，需要来我们这里？江哥说的对，徐嫣也附和了起来。她也是一个中年女人，胭脂涂的满脸都是，又厚又难看，跟那纸人一样。她继续说道：“黄大仙，王天琪死了，你过来顶替他分我们几份，我们都忍了，怎么还找个金爷让我们伺候？这我们怎么答应？”首发网址。 风水生意虽然利润高，但盘口不多。丧殡减去一些，算命风水减去一些，其实已经没多少了。驱邪的比较少，很多人都去医院了，神棍都没得混。你想骗钱都难。现在想赚钱就得引流，引国外的那些，比如佛牌、诗音、降头这些恐怖有新意。年轻人已经不太吃老一套了，只有老人信。不过丧病一条龙确实赚钱，还有富豪、明星风水之类的，还有养小鬼和供狐仙，以前那个年代特别火。江田和徐嫣以为我来捞钱的，分他们利润。 一下子就不爽了起来，毕竟是四大家族，也就王天琪能压他们一头，谁都能来分钱，那面子和利益都没有了。那个叫燕飞的是个六十岁老头，看起来比较老道，而且一副很沉稳的样子。他没有表示不满，而是将一张支票放在了桌面上，说道：“这是一百万，孝敬金爷的。至于其他的，我不会让步。希望大仙海涵，也体谅体谅我们吧。我们一家老小也不容易，这个年代这行越来越不好混了。金爷去别处捞油水吧。”很明显，三个人都不想给黄大仙面子。 嘴里的肥肉不想让给别人，黄大仙看向了我，仿佛在征求我的意见，想看我要怎么做。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三家兜里的电话都响了，他们有些奇怪，然后纷纷接电话。可接完电话后，三人脸色都变了，随后勃然大怒，一起吼道：“死黄鼠狼，你找人挖我们家祖坟！”我嘴角一歪，阴险的笑了出来，然后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别激动，各位，是我让黄大仙这样做的。你们祖坟风水有点问题，我帮你们改一下。 让你们以后子孙满堂，平步青云，大发横财，这样不好吗？哈哈哈！江田最火爆，直接就要掀桌子，对着我大骂道：“臭小子，毛长齐没有？我家风水好好的，要你看，跑我家祖坟还这么理直气壮，老子杀了你！”可我一根手指头压住了桌面，他用尽了浑身力气都掀不动，最后尴尬的脚趾差点抠出了三室一厅，脸憋得通红。燕飞火冒三丈，突然举起拐杖就朝我刺来。 他按了一下手柄的机关，顿时拐杖露出了尖刀。这老家伙阴得很，可我两根手指一夹，直接连刀带拐杖全部给捏断了。然后踢了他一脚，他倒飞了出去，喷出一口老血，在地上打滚，痛苦呻吟着。可恶，臭小子，敢动我们四大家族！徐嫣挑了挑眉，突然几只恶鬼已经出现在我身后，跳出来小吃掉我。我灵符一现，瞬间秒杀他们，连灰都不剩。好厉害！我养了好几年的血煞厉鬼。 为的人血，几只一起上都被秒了。徐嫣有些惊讶，吓得步步后退。我冷哼了一声：“我不打女人，你放心。”徐嫣好像松了一口气，但我随即捡起刚才拐杖掉落的尖刀，直接一刀穿透她的肩膀，将她钉在了墙上。她痛不欲生，拼命挣扎，血染红了衣服。我不打女人，不代表不杀。我冷冷笑道。三人瞬间解决了两人，刚才最暴躁的江田瞬间沉寂了下来。有话好好说。 你不要乱来，不然我们报警了。江田咕的一声，紧张的直咽口水，冷汗满头，人显得有些害怕。我将手机扔到了桌面上，报吧，要不要我给你们打幺幺零？呵，你们三个的祖坟我都下了五玄煞，我可以让你们三天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命丧黄泉。不信你们试试？挖你们祖坟算轻的了。五玄煞就是五行颠倒的煞阵，风水要顺五行，五行颠倒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改五行不简单。 没有点真本事可不行，但我有风水师祖师爷的秘术，颠倒五行不成问题。小子，你想怎么样？燕飞捂着胸口爬了起来，脸色都白了，真不紧打呀！以后你们的利润我要五成，还有所有客人给我列出一个本，我要所有信息。我说道，五成利润那是对他们拦腰斩断了，确实狠。最狠的还是要他们客人，固定老顾客可是他们的命。如果是什么商人、权贵之类的，这种老客户的本身价值极其高。 给了我，那真是割他们的命根。小子，你别太拽了，就算王天琪也不敢割我们这么狠。这里不是京都，太嚣张，我怕你没命回去。强龙不压地头蛇，明白吗？江田恶狠狠的警告着，想要企图吓退我。拽，我家里的旺财也很拽啊，见人就咬，就是不咬我。为什么？我养他的吗？说完，我摸了摸黄大仙的狗头。这三个人看我摸黄大仙跟摸狗一样，愣在原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黄大仙远胜他们，连黄大仙都不敢反抗。他们拿什么反抗？挖人祖坟，如同杀人父母。可是如果没有能力，估计连族谱都保不住，别说父母了。三位想清楚了，就算分我一半利益，你们也是不亏的。如果想跟我对着干，那另外一半都没有了。我想让谁吃，谁就有的吃；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不信你们试试。我冷冷说着，然后重新坐了下来，将两只脚高抬着放到了桌面上，而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燕飞和徐烟都已经重伤。 江田看着莽夫一个，但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后，基本上就怂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响起，哒哒哒的走了进来，香水的味道扑鼻而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沈洛伊？为什么会是他？沈夜呢？我极其疑惑。突然想起了狐仙那句话：“这丫头不会想来坏我的事吧？”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也回来了，是巧合吗？可他没理由跟踪我，我是从龙虎山下来的。沈洛一进来就开始鼓掌。 苏阳哥哥说得好，我举双手赞成。你们这些老古董啊，就是太死古不化了。一点钱算什么？有苏阳以后罩着我们，只会赚得更多，不会更少。臭丫头，你谁啊？轮得到你在这里说话吗？江田自然不服气，直接质问沈洛一。他很久没回来了，而且变化极其大，其他人不认识他正常。沈洛一突然嘴角一笑，邪恶至极，然后抬脚就是一下。江田下意识用双手去挡，可是沈洛一的鞋跟却穿过了他手臂。 然后再拔出来，鲜血四溅，江田痛苦哀嚎，直接跪地不起，两只手瞬间废了。手段不比我轻，可以说更加残忍。江叔叔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沈洛一啊，记好了，不然下次给你腿也打断。沈洛一双手抱胸，然后冷冷的看着江田，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们依然是这里的土霸王，但沈洛一已经不是以前的沈洛一了。沈家的九阴之女，被沈家视为扫把星的沈洛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徐岩好像不敢相信眼前的是沈洛依，瞧了好大一会才认出来。以前沈洛依纯情至极，绑着一个双马尾，就是一个邻家女孩的模样。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波浪，穿衣性感，完全就是两个人，变化如此之大，就算她亲生父母来了，估计也未必认得出来。我当时也是愣了好大一会，才接受了这个现实。世人都会变，这就是现实。一个小女孩无依无靠，上京都闯荡，不可能保持原有样貌。徐姑姑，我变成什么样了？ 沈洛伊说着，拿出打火机，然后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难道我怎么活要按照你们的规定吗？我现在难道不比以前更漂亮、更性感吗？徐嫣被怼得无话可说，只会翻了翻白眼，骂道：“骚蹄子！”沈洛伊又是一声冷笑，然后打了一个响指，一阵阴风吹过，徐嫣已经不见了一只手臂。鬼王的女儿叼着手臂在空中啃食着，血溅得满墙都是。徐嫣立刻倒地哀嚎，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鬼王女儿面前犹如蝼蚁。哼 <laughs>！ 你勾过的男人，十只手数得过来吗？从你家司机到你老公的弟弟，好像都跟你有一腿吧？徐姑姑，沈洛伊阴冷的笑着，嘴里喷出了长长的一口烟。燕飞这个老头怕了，这分明是鸿门宴啊！连忙撒腿就跑，想冲出去，而且一边走一边喊道：“快来人啊！救命！救命！”可门开以后，是一大堆崆峒派的弟子，直接一脚把他踢了回去。他跟一只风筝一样高高落地，然后狠狠摔在了桌子上。我跟黄大仙连忙闪开，砰的一声。 桌子瞬间散架了，燕飞一把老骨头差点没嘎，在地上翻滚呻吟着，嘴里全是血。这些崆峒派的人我交手过，虽然不是我的对手，但打燕飞他们那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出手狠毒，这老头差点就顶不住了。沈洛一走过去，然后高跟鞋直接踩在了燕飞的胸口上，入木三分，疼得他嗷嗷叫，胸口透过衣服不断渗出血来。燕伯伯，别折腾了，你的人全都给我弄没了，想找谁啊？沈洛一弹了弹烟灰，然后冷笑了一声。 仿佛在捉弄一只可怜的虫子一样，燕飞吐出一口老血后，有气无力的说道：“臭丫头，你爷爷都不敢这样对我，你算什么东西？让沈夜来见我，你敢动我们一根头发，你们沈家也不会好过的。想见我二伯啊？可以。”沈洛伊说着，鼓了鼓掌。这时候，一个手下拿了一个正方形的圆盒进来了，然后放在了地上。盒子里面有血渗出来，看着像是不祥之物。燕飞一脸疑惑：“什么意思？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沈洛伊嘻嘻笑着，像个疯子，嘴里的烟越抽越大口。燕飞不敢不照做，颤抖的手慢慢去掀那个盒子。等他打开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只见里面有一颗带血的人头，正是沈夜。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只看到了两个字：残暴。沈洛伊居然连亲人都杀，他杀了沈夜，还提人头来见大家，真是残暴。沈家所有人除了他爷爷，没有一个人待见他的，全都把他当扫把星，欺负他。 虐待他，在他爷爷死后，直接将他扫地出门。现在他回来了，回来报复这一切，手段简单粗暴，无情又残忍。看着盒子里那颗头颅，我感慨万千。没想到沈夜就这样死了。以前在沈家，他算最强的，四大家族中能赢他的也不多。现在沈洛一回来，直接就宰了他，这让我极其意想不到。疯子，疯女人，你随便杀人，你跑不掉的。你连亲人都杀，你真是个疯子。燕飞害怕了。 眼神里带着恐惧，连亲人都杀，那杀他不是抬手的事情吗？盒子我不要了，给你。沈洛伊最后还是做出了选择，她要鬼王的女儿，说明这个女鬼对于她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毕竟陪伴了两年多。我收回了昆仑镜，鬼王女儿自由了，从天上摔了下来。从今天开始，这个盒子真正属于我了，不能再反悔。我拿回了盒子，然后继续伸手道：“钥匙。”沈洛伊突然笑了：“苏阳哥哥，我没有义务给你钥匙吧？” 再说了，我身上也没有钥匙，不信你搜啊！沈洛伊之所以笑，是因为有恃无恐。我有盒子也没用，没有钥匙开不了。他杀了沈夜，钥匙一定在他那里。不过他既然让我搜身，那说明没带身上，就不必要搜了。要怎么样才肯把钥匙给我？不要逼我！我现在一样可以杀了他。我看向了鬼王的女儿，鬼王女儿连忙逃上了天花板，跟贞子一样乱扭动四肢爬着，披头散发，满目狰狞。她很愤怒，苏雅，你真卑鄙！ 他口吐芬芳，但又有点害怕，时刻跟我保持着距离，彼此彼此而已，谁都不要说谁。我这次回来必须找到钥匙，不然崆峒老祖也保不住你。我恐吓道：“记住网址。”黄大仙本来在看戏的，坐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现在一听崆峒老祖，立马弹了起来，然后四目张望。崆峒老祖哪里？哪里？在哪里？我白了他一眼：“你这么怕干什么？又跟你没关系。”黄大仙没有说话。 摸着尖嘴，依然警惕地观察着，但有空峒弟子没有见空峒老祖出现。不过我知道他应该就在附近。沈洛伊长吐了一口气，也挺爽快地指着盒子说道：“里面的东西我要分一半，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拿不到钥匙。杀了我也没用，钥匙的下落你永远无法知道，只会得不偿失。”沈洛伊抢了先机，不但杀了沈夜拿了钥匙，还想分一杯羹。本来他想全要的，但给我摆了一道，现在只想要一半。可现在里面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一半又是多少，该怎么分？好，我答应你。等盒子开了，给不给都是我的事。除了空峒老祖，他们加起来也赢不了我。现在他手上有钥匙，而且藏起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杀了他也没用，钥匙只会永远都找不到。有狐仙在，空峒老祖来了也占不到便宜。不用怕，先哄他一下。等打开盒子，那就另外一说了。答应的这么爽快，不会有诈吧？苏阳哥哥，沈洛伊很谨慎，但谨慎也没用。 有些事防不胜防，别废话，钥匙拿来，不然你还想怎么样？这时候，沈洛伊却说道：“为什么不是盒子拿来，我自己开？给你，到时候反悔怎么样？”为了打消沈洛伊的怀疑，我让黄大仙找来了一个互不相识的服务员，然后把盒子和钥匙都交到他身上。那这样就公平了。沈洛伊自然也同意，不然这样僵持下去，还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盒子里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迫不及待想见了。服务员有点紧张。 这满地的鲜血和破烂不堪的桌椅，明显刚才有一场厮杀，他自然心神不宁，走进来就开始害怕了。但是要做的事情并不难，所以也不怎么抵触。拿钥匙出来，沈洛一对鬼王的女儿说道：“我也想过钥匙会不会是在鬼王女儿身上，但刚才没敢赌。如果直接杀了她，灰飞烟灭之际，钥匙应该会掉下来。”鬼王女儿身出长舌，然后卷了一下，钥匙从舌头里落下。沈洛一接过来后，塞到了服务员手里。 服务员是看不见鬼王女儿的，所以也不害怕，不然得吓死。用这把钥匙打开这个盒子，快点！沈洛伊吩咐道。哦，好。服务员点了点头，手有点哆嗦，但还是将钥匙插入了盒子孔中。他扭了一下，咔嚓一声，顿时盒子打开了，非常精妙。开了！我和沈洛伊都瞪大了眼睛。这时候，盒子缓缓打开，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太极八卦，阴阳两极，黑白两圆点凹了下去，凹槽里面各有一颗黑白丹药。 药味很重，但是闻者浑身通透，仿佛打开了所有经脉一样，精神飒爽。居然是丹药，可为什么沈家的人不吃呢？他们明明可以打开盒子，可却遗留到了这一带，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没想到是可以吃的丹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效果。就在这个时候，沈洛伊突然出手了。她跟我想的一样，都要。可她怎么可能快得过我？就算她先行，她也不可能在我面前把丹药给拿了。她伸手拿丹药，我就打她，她怎么赢？ 沈洛一手快触及丹药的时候，我直接一掌击中了他胸口。他闷哼一声，退了几步，可他却在笑。这丫头算到了我会这样吗？突然，一只鬼手出现，正是鬼王的女儿。原来沈洛伊只是诱饵，用来分散我注意力的。鬼王女儿才是真正的抢夺者。我分身乏术，这时候再去防鬼王女儿已经不可能了，来不及。苏阳哥哥，我太了解你了。沈洛一笑得很阴险，我也笑了。不，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才跟我待了多久？ 你以为就只有你自己有下招吗？鬼王女儿的手快碰到丹药的时候，突然黄大仙从后面偷袭，手变成了爪子，妖气附爪，轰的一声，直接一爪抡在了鬼王女儿身上。可恶的黄鼠狼！鬼王女儿虽然强行用鬼气挡了一下，但是被强力偷袭，黄大仙也不弱，直接给他一爪抡飞了出去，砸穿了天花板，身体都打凹进去了一块。不过他是鬼，很快就反弹正常了。不好，老祖出来助我！沈洛一见失利。 鬼王女儿不敌黄大仙，立马大喝一声：“不然两颗丹药都要没了！”听到空峒老祖的名号，黄大仙直接哆嗦了一下。他哆嗦的有道理，眨眼间他就出现在黄大仙面前了。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老头好像鬼一样，是瞬移的吗？空峒老祖虽然慈眉善目，呵呵笑着，但一掌就把黄大仙震退了。黄大仙聚集妖气在胸前，如铜镜一样厚，但却是不堪一击，一掌粉碎。空峒老祖他挡不住，他不但强。 还很快，瞬间手已经去拿那两颗丹药，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服务员突然将两颗丹药吞进了肚子里，空峒老祖都吓了一跳，愣在原地许久才笑了起来，哈,哈哈哈，狐仙，久仰大名，有两把刷子，没有人能想到服务员是狐仙变的，最后大家才反应了过来，他们棋差一招，我们赢了。只见服务员摇身一变，变成了仙气飘飘的狐仙，而那两颗丹药已经被狐仙吞入了口中。 就算是空峒老祖也不可能从狐仙嘴里夺取丹药，这无疑是虎口夺食。狐仙双手一背，随即也冷哼一声回答道：“向来低调的空峒老祖，居然也会入世，真是罕见啊！”哈哈，空峒老祖笑了起来。狐仙见笑了，空峒派也是人，也要吃饭的。我们输了，走。空峒老祖只是随便寒暄几句，没有多余的话语，也没有争执和动手。知道无望后，直接走了，非常干脆。沈洛伊非常听空峒老祖的话。 带着其他人和鬼王女儿离开了。他们输了，无话可说。再抢就是玉石俱焚。空峒老祖虽然实力未展，但不见得能在我跟狐仙联手后占得了便宜。沈洛一帮不了他多少忙，那些空峒派弟子也不是我的对手。他们走后，黄大仙咧嘴一笑：“咱们仨真厉害！”我跟狐仙都斜眼瞪着他，仿佛关爱之 X 一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吗？黄大仙摸了摸自己的脸，满脸疑惑。狐仙无语了，而我则朝他问道。 你这么怕这个空桐老祖干什么？你认识他吗？以前有过交道？黄大仙唉声叹气了一番，交道没有，就是以前争空桐印的时候，老子随便说了一句，空桐印虽然叫空桐印，但不一定是空桐的。被这老不死追着打了三条街，差点没当场扑街，太厉害了，这老玩意能追着黄大仙打，那实力肯定不一般。那一天我见他戏弄青帝的时候，跟玩小孩一样，绝对不是泛泛之辈。空桐派历史悠久。 不比龙虎山那些天师门、茅山道教弱。此番入世，恐怕有所图。沈洛伊依附着他们，或许有什么目的。师傅，你说他们是不是想下山找空同印？我朝狐仙问着。当年参与抢夺空同印的人那么多，包括黄大仙，师傅有去吗？为什么没听他提前过？连江辰都去了，有这个可能。但空同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空同印是他们的镇派之宝，渊源,源很深，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希望他不是冲着你而来的。 你跟沈洛伊就和这两颗阴阳丹药一样，一个阴，一个阳。你是天命，他是地命，他跟你的差距只是少一个厉害的爷爷。回去再说。狐仙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直接走了。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回到古屋安全一点。小黄，收拾干净一点。至于沈夜，你把他埋了吧。我吩咐完，黄大仙也立刻走了。残局让他去收拾，牢让他去做，他做一万年牢都没事。跟沈夜相识一场，死了的话，也不想他尸首分离，离个入葬的坟都没有。 虽然我跟他算不上朋友，黄大仙自然有手段，这些不用我担心。以前王天琪也没少杀人，始终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只是我们不知道。回到古屋后，狐仙拿出了嘴里的两颗丹药，我连忙问是什么味的。我直接这样吃下去，算跟你间接舌吻吗？可拿出来的丹药干干净净，连一点口水都没有沾。狐仙重新放回了那个盒子里面，只是没有锁，也不用钥匙再开了。无我也不敢吃。这丹药是什么，暂且不清楚。狐仙直摇头。 这种东西或许只有找李不二来看了，他是老中医，我们这些人估计都不懂，术业有专攻才行。这东西如果真是张三丰留给沈家的，为什么沈家人不吃？很明显不是什么好玩意啊，所以才当传家宝遗留到了乡信毕竟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多多少少有点忌讳。可那时候沈老爷什么都没有交代，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我猜测了一下，也是一颗都不敢吃，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少了。这是要两颗一起吃，还是只能吃一颗？吃下去有什么作用？这些我们全不知。 如果假的张三丰拿到了，他会怎么办？我将要收藏了起来，等待时机。在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我不会吞下肚子的话可以乱说，东西可不能乱吃。后面我开始查阅各种资料，发现张三丰还真的会炼丹，因为古代的道士炼丹是必修课之一。至于炼丹的好坏，跟道士的修行高低有关。甚至我查到了，还有一本叫《张三丰太极炼丹秘籍》的书，在拼夕夕十元三本，白话文配图。这样说来，这两颗黑白阴阳太极丹还真有可能是张三丰的杰作。 以他的道行和年龄，应该能炼出不错的丹药，就是不知道什么效果。可我始终没有勇气吃下去，一直都在观望的途中。直到白苏苏彻底恢复了过来，他来找我了。来了就把门敲得叮叮当当响，好像要拆家一样。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朝我问道：“我姐呢？谁抓了我姐？那人是谁？”说话。白苏苏跟白木的感情非常好，姐姐不见她简直心急如焚。我知道你很急，但先别急。他叫苏魂，是苏家的叛徒。 已经死了，是只恶鬼，他会回来找我的，你放心。素魂要的是我手中那对跟眼珠差不多的东西，白木没有危险，这比落到八大财团的手中好多了，不会被拿去炼丹。那我不走了，就坐在这里等他，见不到我姐姐，我不会离开。白苏苏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可是刚刚坐下，突然就惨叫了一声，然后弹了起来，好像被针扎了一样，裤子多了几个窟窿。我乍一看凳子上什么都没有，应该是狐仙搞鬼。白苏苏怒了，连忙大吼一声。 谁阴我？有胆出来！他话音一落，呼的一声，一阵清风徐来，吹得他睁不开眼。等他缓过来的时候，狐仙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白苏苏吓了一跳，狐仙在他面前气场太大了，压得他差点喘不过气来，双腿打抖，差点膝头一软跪了下去。狐狐狐仙，你好！白苏苏还算有点眼力见，你不是找我吗？狐仙面无表情地说道，不怒自威，灵气飘飘。 一袭白衣，仿佛仙女般立在白苏苏面前。呵呵，我开玩笑的，狐仙别当真。白苏苏不愧是老江湖，能屈能伸。哦，是吗？狐仙随即坐了下来。这里不是你想住就住下来的地方，想住这里得是我们苏家的人。我一听，连忙老脸一红，急忙招手说：“这不太好。”然后把门给关上了。我操，师徒角色，你们可别过来，过来我叫了。白苏苏这种老油条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上来就要叫。 谁要劫色？别胡扯！你要走，赶紧走！我连忙把门给锁上了。光关上不稳妥，怕家里进贼，安全意识要上去。白苏苏眼睛一眯，好像在说：“你小子能做得更明显一点吗？”那细小的眼缝中充满了鄙夷和不屑。进了这家门，就是这家人。你想救你姐，你以为不用付出代价吗？我们这里又不是酒店。好师傅就是这样，真没话说。有此师，屠父何求？切，救了人再说。 不然给你们白嫖了，我又不傻。白苏苏撇了撇嘴，自然也是一点亏都不想吃。好，一言为定。狐仙也爽快，直接手一挥，白苏苏立刻跌跌撞撞，一股强风将他吸进了后院。而那边的井口放着一堆衣服，但也不能白吃白住，先干活，帮我把衣服给洗了，然后拖地、洗碗、做饭菜。可恶！白苏苏好像跌入了陷阱一样，气得一脚踩在了水桶上。死狐狸洗什么衣服？一只狐狸还穿苦衩子，气死我了！ 白苏苏虽然可恨，但是也只能照做。他很狡猾，但他姐姐是他唯一的弱点。为了姐姐，他什么都能做，委曲求全自然不算什么。狐仙确实能洞察人心，而且手段很黑。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人类世界玩弄人性，这就是高级猎手。仙家智能虽不高尚，但实用。不学了这些，上京都的时候我已经爬狗洞进去。苏家任劳任怨了，师傅留着他干什么？我连忙低声问道。狐仙不可能只因为这个就留下他。 有种直觉，留着这个女人有用，而且她不简单。不知道为什么，狐仙眉头一皱，仿佛看不太透白苏苏，这让我有点意外。我以为他是看透了白苏苏才让她留下来，没想到是看不透。白苏苏的实力并不强，很多都是江湖小把戏，忽悠一下人还行，上不了真台面。有什么不简单的？狐仙也说不清，只是皱眉看着后院，或许日后会发生什么。晚上的时候，蔷薇来了，还带来了妖刀。 他用黑布裹着，能够轻松拿起来。腰刀没恢复，仿佛失去了活力一样，什么人都没有碰。喂了好多血，但是只恢复了一半，下半部分跟血肉一样，慢慢形成了最初的样子。可上半部分却无法连接刀柄。蔷薇说，冰箱的血已经全没有了，所以没带来。我愣了一下，不可能，我没有喂过几次，那一大冰箱血怎么会没有了呢？我看着腰刀，仿佛明白了什么。这玩意不是半生不死了吗？还会自己觅食，太邪了吧！ 最关键的是，他吃光了血也没有恢复，那还得供多少？苏阳，我来的时候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蔷薇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考，我看向了他，问怎么了？八大财团好像要来弄你了，还有苏家，苏流来了，其他人暂且不知道，不过都是小道消息，不知道准不准。蔷薇的消息在我意料之中，而且我早已经计划好了。江天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强龙不压地头蛇。来吧，既然躲不了，我不躲了。 不过有一个人，我必须接过来，再回去给我接一个人来，还有打听一个消息。我连忙吩咐蔷薇，关键时刻我都忘记自己手上还有一张牌了。谁？雨嫣吗？我摇了摇头，然后给了蔷薇一个地址，去这栋公寓把冷如霜给我接过来。记得一定要秘密行事，一旦暴露，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明白？那打听什么事？蔷薇点了点头。他在京都跟地藏爷混了这么久，有些事比我懂。上龙虎山给我打听一下周雨恩。 我又吩咐道：“之前让周雨恩去拜龙虎山的紫袍老道为师，就是为了让他活命。如今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担心他出事。如果成了，那他应该已经得救；如果没成，尸体应该就埋在龙虎山了。不过紫袍老道是正派人士，不可能不还我这个人情。”蔷薇表示明白，这两件事都极其重要。除了他，我信不过，也只有他能办了。特别是冷如霜，一旦被人背叛送回给冷青松，后果不堪设想。蔷薇是最稳的，妥妥我的人。晚上润了他一下后。 早上天没亮就让他走了，田不耕会长草，还是绿色的草。还想找个地方安静修炼一段时间，顺便研究透佛莲。但我好像还是太天真了，别人不想给我发育的机会，都想要趁早铲除我。我给黄大仙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注意一点，可能我们这里不久后会来客人。黄大仙愣了一下，随后反应有点大，直接惊呼了起来：“大哥，你不会惹了麻烦才跑回来的吧？金爷，我们惹不起啊！真以为强龙不压地头蛇啊？我们在京都高手面前最多是虫。” 连蛇都不算，知道五野仙为什么没有一个在京都混吗？慌什么？胆子大一点！不搏一波，你以后也就那样。天大地大，不如胆子大。这臭黄鼠狼关键时刻居然萎了，以前胆子可没那么小。估计被蛇仙搞了一波后，现在有点害怕了。苏阳，你可别老忽悠我，你能对付得了那些人吗？黄大仙被我骗怕了，突然警惕了起来，害怕我拿他当炮灰。你放心，我有主张。赢了一波肥，输了下辈子注意点就可以。 黄大仙被我说无语了，但他认真考虑了一番后，居然还是答应了。天大地大，不如胆子大，冒险干一波，欢迎欢迎远道而来的经验这样就对了，强龙不压地头蛇，是虫是蛇，我自己说了算。挂了电话后，狐仙将电视也关了，随后说道：“看来他们不想放过你。”我点了点头。翻脸太多次了，张三丰已经不耐烦，苏家估计也听到了风声，想趁我病拿我命。哼 <laughs>，咱们杀过苏婷，他不会就这么算了。怎么说也是苏家暴君，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了，你拿着那两颗丹药去找你二叔，或许他能知道是什么。回来以后，我给你送一个礼物。没事找女人，有事找二叔，这公式都玩不会，直接压屎吧。只是狐仙居然又要给我送礼物，什么礼物？圣诞快到了，圣诞礼物吗？找二叔找不到，那就去蜡像馆找白仙，他一般都在那里藏着。有一个能画万千像的女朋友，真是太幸福了。如果一天一次，那一年就能睡三百六十五个女人。 十年能睡三千六百五十个，人家千人斩。二叔这是三千人斩啊，羡慕。就是不知道白仙那里长不长刺，想想有点恐怖。刺猬怎么下手？二叔真男人啊！来到熟悉的小巷子，我敲了敲那一道诡异的门，发出回响后，吱呀一声就开了，跟老人淫笑一样。进来吧，你二叔在里面。屋里传出白仙的声音，我连忙反手关门，然后溜进了屋里。屋内的蜡像少了很多，至少没了一半。这里的蜡像非常逼真。 好像披了一层人皮的真人，所以我叫他恐怖蜡像馆，就连笑容都跟真的一样，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手艺，如果去卖娃娃的话，那得造福多少宅男！白仙坐在一张长凳上，手拿一根刺猬针，他用一张人皮在编织着灯笼。二婶，其他的蜡像呢？我好奇的问道。卖了，你二叔世界杯输了不少钱，把我这蜡像都快输没了。白仙头也不抬，继续编织着人皮灯笼。人皮不带血，包的很完整，而且皮肤很有弹性，很嫩。 估计是刚刚死没多久的少女皮肤，我叹了一口气：“赌博害人啊！皇天在上，我与赌毒不共戴天。”可白仙却很大方的说道：“不怪他，这届世界杯诸葛亮来了也得输两百，正常。”由此老婆，夫复何求啊！这得多爱我二叔！要不是他化成贞子的模样，我差点就信了。这得半夜把我二叔吓萎了！你这人皮灯笼给谁编的？我连忙转移了话题，怕白仙怨气越来越大。母的都一样。 嘴上说和心里想的不一样。隔壁街小张的刚刚死了老婆，编个人皮灯笼招他老婆回来，再不搞点外快，我这蜡像得全买了。白仙这话我就有点不懂了。人死头七晚会回魂，用得着编人皮灯笼招吗？他老婆出轨跟人野外 PK，被毒蛇咬到屁股中毒身亡了，他头七也没脸回魂，不敢回来。白仙又补了一句：“我那还招他干什么？死的理所应当啊，报应。”我甚是不解。 那娘们管钱不招回来，小张钱找不到了，不知道他把钱藏哪了。白仙又说道：“我特么的这么狗血，血呢？小子回来了！”突然，屋内传来了二叔的声音。和白仙寒暄几句后，我连忙进了里屋，只见二叔光着膝盖跪在了榴莲上，但手里还是拿着手机在分析球赛。“嘘，别叫，快扶我起来，腿麻了。”二叔连忙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低声说着：“我也懂事，悄咪咪的将他扶了起来。” 他腿太麻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不知道跪了多久，这膝盖都差不多红肿了。毕竟跪的是榴莲。你小子可算回来了，在京都混得怎么样了？两年半了都没回过家，怎么晒成小黑子了？听说你当上大长老了呀？二叔甚是挂念我，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句叹息道尽了心酸。除了睡了几个女人，一事无成。说来话长，这次回来带回来一样东西，你先帮我看看。我不废话了，连忙将那盒子拿了出来。 然后打开那两颗丹药给二叔看，这是张三丰当年留给沈万三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能吃不？有什么用？我连忙问道。二叔将两颗黑白丹药拿了起来，然后放到灯下高举着查看，随即皱起了眉头。这有点像道家的玉丹，气御阴阳。这玉丹主人有点厉害啊，真有可能是张三丰。二叔好像有点眉目。玉丹是什么？没听说过。我摇头晃脑的，狐仙活了这么久都不知道。 我更加不知，二叔放下了手，然后解释道：“藏地有红化身，道家修玉骨，和尚死后有舍利，而极少数的道家高人死后就会化玉丹，跟舍利一样的道理。但不是每个道长都有玉丹，要修行非常高。但和尚的只要年龄高就有，所以普遍玉丹则很少人知道。这我就懂了，玉丹就是道家的舍利。张三丰这么厉害，有玉丹不出奇，而且是两颗，像极了阴阳。这样说来，这不是张三丰送给沈家的？” 有可能是张三丰死后，沈家人火化他的尸体，然后捡灰的时候捡到的东西，只是看起来像丹药，这自然不能吃。谁吃死人东西啊？那就怪不得了。我就说，如果是丹药的话，沈家的人为什么不吃，还留到现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张三丰早死了呀。那个分明就是冒牌货。赵无言说的对，如果张三丰能活到现在，那早成仙了，不然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可他如果成仙了，怎么可能还管人间的事？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可他没成仙。 他张三丰怎么活到现在？又不是尸鬼，那是人啊！长寿也有一个度，就算真的活到现在，那也老得走不动了。二叔，这玉丹有什么用啊？我连忙问道。得来不容易，如果没用的话，那太卧槽了。二叔继续皱着眉头，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听说可以吃或者炼化，有道家的修行在里面，是好东西来的。就是这个玉丹有点太厉害了吧？跟太极一样，认不出来也正常。其实正常的玉丹根本不这样，也不会这么大。 说是张三丰的，我信，谁能接出两颗啊？也就他了。听二叔这样一说，我都想拿回去十碗水熬成一碗水了。死就死，万一功力大增呢？到时候老子还不无敌？哈哈哈！不想等了，现在就回去熬水喝，大不了拉肚子，我不信能毒死人。二叔，我给你一点钱，你少赌一点，好好过日子。我连忙给二叔写了一张支票，然后扔下支票就走了。臭小子，去京都才多久，能有多少钱？不用给。 二叔有，你的孝心，二叔心领了。卧槽，真是一一点钱，好多零啊！你小子是不是在苏家贪污啊？你别干坏事啊！二叔话都说不利索了，但我已经离去，我要回谷屋吃了这玉丹。起锅烧水，加上桂皮、八角、香叶、花椒、姜、葱、蒜，十碗水开始熬，熬成一碗水应该就能喝了。老子就不信了，这玉丹吃了还能嘎，最多到时候去医院洗胃。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锅中两玉丹突然旋转了起来，绕圈而行，然后形成了一个八卦的形状，黑白二丹就如同阴阳两点。只见锅中的热气一直冒，可水却是冷的，无论我煮多久都是。卧槽，这么吊，把热量全部给卸掉了，跟张三丰的树有点像啊。这怎么煮掉？我皱起了眉头，难道要我直接生吞？可这玉丹有点大，会不会卡嗓子？有点怂啊。就在这个时候，狐仙开始呼唤我了，我只能先作罢，因为狐仙说要送我礼物。 说不定是圣诞夜女郎，我突然有点期待了起来。这两玩意暂且先不吃吧，反正也煮不化。下次我一颗一颗的煮，我看你怎么化。师傅要给我礼物了吗？快快拿来！我从厨房出来后，连忙伸出了手。狐仙挥了挥手，在你房间。我房间？会是什么呢？怀着好奇，我连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见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侧躺在我床上，那妖娆的身姿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这特么不是诸葛恪吗？搞了半天。 原来狐仙要送给我的礼物就是诸葛恪啊，他早就擒了诸葛恪，现在居然送给我了。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跟张三丰闹翻，完全无法回头了，那自然我们的赌注输赢也没有了意义。诸葛恪昏迷着，我推了他几下，他晃动了一下身子，然后迷迷糊糊睁,睁开眼睛醒了过来，接着就是一声尖叫，吓了我一大跳。哎呦，你干嘛？人吓人吓死人的，瞎叫什么？我连忙呵斥了他一下。我有这么可怕吗？我又不是鬼。苏阳。 怎么是你？这里是哪？诸葛恪下意识地朝向了四周观察着，但环境明显很陌生。这里是哪？我明明上龙虎山了，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我在山下的旅馆睡了一觉，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用问，肯定是狐仙搞的鬼。就是他绑了诸葛恪，然后化作其模样，跟孟遗师太上了龙虎山，连我都骗了。狐狸就是狡猾。不用怕，这是我家，你放心好了，不会有危险的。我连忙安慰他，毕竟刚刚醒来又在陌生的环境。 自然是有点惊慌失措，人没有安全感。你家诸葛恪好像想到了什么，连忙抱住了胸口，往床后挪。苏阳，我劝你不要乱来，不用给星号星号击溃了自己。我翻了翻白眼，你想多了，我苏阳是这种人吗？这已经不是京都了，也不是龙虎山，是我另外一个城市的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到底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诸葛恪更加不安了，突如其来的转移让他感觉很危险。 明明自己应该出现在 A 处，可却不知不觉来了 B 区，其中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自己完全不知情，这样谁能安心？我没有办法，只能把实情告诉他，不然这谎不好圆了。甚至龙虎山发生的事情也一并告诉他，也不想隐瞒了。诸葛恪一听就生气了，连忙将床上的枕头砸向了我。有病！你们师徒打赌，为什么牵扯上我？我要回家，被无辜牵连，谁心里都有气。我拦都拦不住，诸葛恪就是要走。出了房门后。 他看见狐仙，愣了一下，步伐有些僵硬了。以他的本事，在狐仙面前跟小孩一样，一股气势如山一样压住他。但诸葛恪天生傲骨，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一百斤的人，九十九斤的反骨。即使不是狐仙的对手，也依然想要离开。我我可没招惹你们，放我回家，是你们自己打赌而已。无缘无故牵扯别人，真的很下头。诸葛恪被狐仙压得喘不过气来，冷汗直流，从下巴滴落到了领口，再到深深的长沟。狐仙面无表情。 冰冷的回道：“亏你们诸葛家还是算命的，一命二运三风水，事事皆有因果。不管关不关你的事，既然你能牵扯进来，那就是命，那就是因。”哼，强词夺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别人这样理解因果的。诸葛恪没有那么好忽悠，依然是要走。因也好，果也罢，我现在能不能走？当然能走。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我徒弟现在被很多人追杀。你从这个屋子里出去，别人就会以为你是同党。你父亲重病，你确定要这么草率惹这个烂摊子吗？ 狐仙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也太卑鄙了吧！我内心表示严重谴责。诸葛恪愣了一下，随后瞪向了我：“苏阳，你到底又惹了谁？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连我也要搭上？”我叹了口气：“哎，说来话长，还不是八大财团和苏家那两帮人得罪了他们，一直追杀我，到了这里都不肯放过我。”诸葛恪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我：“你不是加入八大财团了吗？怎么还杀你？”我挥了挥手，一脸不在意的说道。 闹掰了呗，十年情侣还分手呢。别说合作关系的人，一切利益为主。你们、你们、你们欺负人！你们闯的祸，为什么拉上我？诸葛恪都快哭了，他这是上了贼船，下都下不来了。他倒倔，可他担心自己父亲啊，那病重的父亲根本无法跟这些京都权贵抗衡。真的杠上，那麻烦就大了。别委屈了，你留下来帮我徒弟赢了那些人，事情不就完了吗？狐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原来他说的礼物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误会了。 不过以诸葛恪的性格，也不是千里送披的人，估计宁死不从。这不是狐仙能送的东西，你们太卑鄙了，这是逼我！哼！诸葛恪生气了，他没有走，扭头回了房间。他父亲病重，他不敢赌狐仙是不是撒谎。万一是真的，那他就得不偿失了。这一仗没有这丫头可不行，看你的了，京都第一深情。狐仙笑了一下，将桌上的茶一饮而尽，仿佛在拼弃一盘完美的棋局。再高智商的女人，也不妨碍她成为恋爱脑。 狐仙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我去哄诸葛恪，哄到他好为止。有了诸葛恪帮我，那真是如虎添翼。这也是他把诸葛恪送给我的原因。现在诸葛恪上了贼船，只要再妖言惑众一下，说不定他就从了。反正他也反抗不了，只能享受了。我现在是奉旨泡妞，这样我胆子就大了。既然人都拐来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进入房间的时候，诸葛恪可没有好脸色，甚至看都不想看我一眼，分明是生我的气。你要走的话，我今天晚上秘密送你走吧。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我叹了一口气，满脸愁容，一副没有办法的样子。诸葛恪被我的话吸引了，转头看向了我，一脸不解。那你，哈哈，我没事的，你不用担心我。哎，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想勉强你。人终有一死，再说了，我不想看你不开心。我打了个哈哈，一脸的苦笑。你真的会死吗？诸葛恪半信半疑的看着我，但紧皱的眉头中难掩一丝担心。诸葛恪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朋友。 男的就不用说了，基本上没有几个能看上眼的。女的可能玩不到一块去，毕竟论美貌、智慧、野心，没有多少女人能跟他匹配到一块。普通的女人长得再漂亮，也只是奶茶、漂亮包包。男人会八大财团加上苏家，狐仙估计都保不住我。就算是夫妻，那也只是同林鸟，大难临头会各自飞的。别说师徒了，到时候他必抛下我，我一个人更是独立难支了。我继续苦笑着打同情牌，不知道多少骗子利用女人的这一点来行骗。 我也是骗子，但我骗的是心，不是财。你们师徒感情这么薄弱吗？你有难他就走。诸葛恪无语死了。我两手一摊，更加无奈。他本来就是畜生，情感没有我们人类丰富，哪有情义二字？好像也是，毕竟是狐狸。诸葛恪表示赞同。所以，我只有你了。如果连你也算了，我不该勉强你的。你走吧。我挥了挥手，一副作罢的样子。如果我真的死了，他或许以后也会很内疚吧。诸葛恪外冷内热。 没有看上去那么的不近人情，毕竟跟我混熟了，看着我去死，有一种见死不救的感觉。诸葛恪没有说话，可能还有顾虑，因为对方也不是好惹的。我没有曹毅那般强大的实力，让他无后顾之忧。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这时候再说话就显得有点假了。等天黑的时候，我就偷偷送他走。他没有叫住我，我知道还不够。在即将离去关门的那一刹那，我突然背着他说道：“诸葛小姐，我临死前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怕以后都没有机会再问了，你问吧。” 诸葛恪回道：“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点点？”我问道。诸葛恪大概沉默了五秒左右，然后才用比蚊子还低的声音回答道：“我不知道，你别问了，我脑子现在乱得很。对不起，我知道现在不该说这个，但是我怕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真的。再见了，我最爱的女人。如果有下一辈子，我希望你不是诸葛恪，我也不是苏阳，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在一起了。我下黄泉不会先投胎。” 我等你。我说完这些肺腑之言，继续关门，始终没有回过身，鼻子假装啜泣，好像在哭。等等，诸葛恪终于动容了。我嘴角上扬，仿佛获得了胜利一般。我知道自己得逞了。苏阳，我留下来帮你吧。但是诸葛恪欲言又止。但是什么？我连忙问道。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情话比汉哥还油，我有点想吐。以后能不能别说了？诸葛恪突然用手捂住了嘴巴。 好像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浑身鸡皮疙瘩，油腻到他了。我呃，这好像赢了，但没完全赢。诸葛恪这么难追，可不管怎么样，他总算答应留下来了，而且愿意帮我。至于其他的，暂且不重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阴风大起，外面的窗户被吹得啪啪作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有鬼？八大财团来了吗？诸葛恪连忙在窗外玻璃贴上一张灵符，然后顺手将窗户给关上。 这样鬼就看不见我们里面了，也听不见我们说话。不，不是八大财团，是苏魂这货来了。这股阴气错不了。你在这里待着，我能对付。我关上门走了出去。这时候大厅已经鬼影重重，有六个影子在周围乱窜。这不是白素素的姐姐白木吗？她被前世恶鬼所缠身，是非常棘手的一种现象。因为既然有了现在的你，那说明鬼魂已经投胎了，根本不存在前世鬼魂一说，所以我也无法破解。现在苏魂是不是上了白木的身？ 所以驱使着他的身体。此时坐在沙发上的狐仙厉声说道：“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了，来了就现身，又不是不认识。”说完后，六个影子和为了一个就是白木的样子。本来是七个鬼的，但跟我睡了一觉后，他身上就少了一只鬼。但我说的睡觉是真的只睡觉，就是我做了一个那种梦，其余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不知道是不是白苏苏搞的鬼。白木长得比白苏苏漂亮，而且身材特别好，就是平时跟鬼一样披头散发、面目狰狞，基本上无法看到正常的容貌。不过如果贞子长这样， 那见到的时候就不是害怕，而是大喊感谢自然界的馈赠了。许多男人单身又穷，还怕这个？还有比穷又没女人恐怖的事情吗？可白木出现后，说话的声音却是苏魂的，所以非常违和。这家伙还真不怕死，居然现身了。他不怕我跟狐仙的吗？苏阳躲回这里，以为我就找不到你了吗？苏魂女体男声极其怪异的说道：“他想来要回那对眼珠子。”苏魂这厮拿着鸡毛当令箭。 找到我又怎么样？他不会以为能拿我怎么样吧？挟持一个白木而已，打也打不过我。苏阳，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杀了他。苏魂控制着白木的身体，掐住了自己。我将那对酷似眼珠子的东西拿了出来，然后扬了一扬，说道：“你是说他吗？这是什么？你管他是什么，扔过来我就放了他。一手交人，一手交货。”苏魂说道。我眯了眼睛，没有说话，发出一声冷笑后，将东西揣回了兜里。苏魂立马急了。 什么意思？你不怕你朋友遭遇不测吗？话音落下，鬼爪生刺，直接在白木的脖子上刺出了一道道血痕。只要苏魂稍微用力，那便可穿透白木的脖子，瞬间断气。苏魂，你知道我为什么假装再引你来吗？我只是想要知道张三丰到底是谁而已。至于人，你要杀便杀，东西我也不会给你。我告诉了苏魂一切，他以为我被他威胁住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掉入了我的陷阱。苏魂感觉不对。 连忙往后退，一副要坐势逃跑的样子。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砰的一声，门响了。千张狐脸漂浮于空中，将宅子围了起来，灵气如山压于白木两个肩头。而上了白木身的苏魂也一并被施压，两个膝头完全承受不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我说过让你走了吗？狐仙身法一转，已然来到了苏魂面前，双眼生赤，狐威震慑，石尾漂浮而起，以身镇魂。你们两师徒还真是卑鄙啊！ 苏魂仰慕呲牙，口吐黑气，鬼影想要冲破牢笼，从白木身体里挣扎出去。这是他做的最错的一件事。他上了白木的身，反而不方便了，被狐仙镇压着，一时之间无法逃脱。狐仙笑了，冷言道：“苏魂，不这样的话，你还会来吗？就是要让你以为有倚仗的东西，你才会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你苏家的功法未大成，阴山派又修不上鬼仙，苏家家主当不了，阴山派徒弟都打不过，一个蝼蚁般的失败者，还轮不到。” 你在我面前叫嚣！狐仙话音一落，顿时十条巨尾全部缠在了白木身体上，然后朝着不同方向使用外力，可以瞬间将白木身体拉扯破碎，苏魂逃不出来，连他也得死，人魂共同支离破碎，无处而逃。呵呵，还好白木在他手里，不然还引不了他上钩。以为可以威胁我，没想到自己上当了。张三丰到底是谁？快说，不然的话，我让你灰飞烟灭！我连忙大声喝道：“哈哈，你们确实阴险。” 但这样就以为能抓我苏魂，未免太小看我了。他话音一落，突然白木的影子鼓了起来。狐仙察觉到了什么，连忙单指一弹，一道灵力如钉子一样直接钉在了影子的心口。可好像还是晚了一步，影子的喉咙一动，然后膨胀，噗的一声，直接吐出了一道黑气。他居然借助影子逃出来了！我连忙凌空而起，佛印直接打在了那道黑气上，只听见一声惨叫，黑气化成人形，直接倒在了地上，现出了苏魂的原形，但被我伤了身体。 左下肚子上有一个硬的凹形，有黑色的碎片在那个洞里面掉出来，好像伤口流血。苏魂来不及痛苦，连忙起身喷出一口鬼火，将周围的东西都烧了起来，制造麻烦后飘起来就跑。还想逃？你可太天真了！我手中的灵符化作金光，现出十二种形态，无数咒语密密麻麻的附于其中。十二圣符，封！十二圣兽浮现，如盾牌一样悬浮于空中，将苏魂围了起来，阻挡住了他的去路。 十二符合一，连成一个点，将苏魂捆住。苏魂立马人头分离，脑袋飞了出去，然后伸出长蛇，扫开了十二张灵符。砰的一声，周围全是火花，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十二符变成灰，落到了地上，消散了。苏魂立马回体，恢复原状后，想继续夺门而出，可狐仙已然来到了他的背后，以无上灵力一掌轰向他，立马半身鬼体破碎，从空中飞了出去，在地面砸出了一个黑色大窟窿，仿佛被火烧过一样，冒着黑烟。 苏魂披头散发，龇牙咧嘴，狰狞的脸扭曲着，但魂体已不见一半，鬼火依附在残体上，好像想修复，但是根本没有这个能耐，灵力伤得他不轻。我跳跃而出，高空落下，直接双膝跪在了苏魂的脑袋上，将其狠狠压着，不让他动弹。昆仑镜在掌中旋转，然后对着他说道：“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说不说？不说的话，我送你一程。你被废了半身，不可能从我们手中再逃脱了。”张三丰到底是谁？ 苏魂畏惧我手中的昆仑镜，还真不敢挣扎了。以他现在的状态，昆仑镜速杀他很简单。本来就单臂，还敢来找我们师徒俩，真是厕所里点灯找屎。我说了，你也不会放过我的。哈哈，苏阳，你当我傻吗？苏魂居然嘴比我勾巴还硬，就是不说。他赌我不敢杀他。哈哈，有意思。你说的对，我是不会杀你。但是，话音未落，我立马用昆仑镜将苏魂的剩下身体全部融化了。昆仑镜的镜光何其恐怖。 就连鬼王都害怕。从鬼体来说，苏魂的鬼体不可能跟天生为王的鬼王相提并论。昆仑镜弄他还不简单。顷刻之间，苏魂就只剩下一颗头了。我将其踩在脚下，让他无法动弹。反正鬼只有一颗头也能活，至于他痛不痛苦，我就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对付他不整些狠活，怕是不行。可恶，臭小子，你有种杀了我，我就是不说。苏魂并不蠢，越是这样，越是不说。反正他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就剩一颗头。 如果一定要死，那他也不会让我如意。真硬啊，这张臭嘴！师傅怎么办？我回头看向了狐仙。狐仙不紧不慢，手一挥，几道灵光如牢笼一样将苏魂的头颅困住。他撞了几下都无法攻破，反而撞得晕头转向。关他起来，我慢慢折磨他，我看他多硬。苏魂基本废了，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磨他这张臭嘴。不说的话，那就日夜折磨他，看他到时候说不说。 我将他封印进了摆渡人那里抢来的鬼狐，狐仙亲自动手练他，让他知道什么是残忍。赵无言还给他留一句全尸，我们就给他留一颗头了。回到屋子的时候，白木已经不见了，只听见砰的一声，有人背着白木破窗而出，是白苏苏。你要去哪？跑什么？我连忙想喝住他，可白苏苏根本不回头，只是留下了一句话便跑了。我不信你们，你们根本不管我姐的生死。刚才那鬼要是下手，我姐已经死了。 你只是拿他当钓鱼的工具，以后不必麻烦你了。说完以后，白苏苏已经跑了。我想追上去解释，但狐仙却拦住了我。不必追了，不是一路人。他姐姐好好的，我们也没有对不起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是他姐姐，不是你姐姐。狐仙把“狠心”二字诠释的淋漓尽致。刚才我们确实无法顾及白木，不然的话就会被苏魂牵着鼻子走。白苏苏生气也没有用，反正结果是好的。他走就让他走了吧，或许他离开更加好。 收服素魂以后，我们都各自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妖刀不见了，寻了一遍，才突然听到狐仙大喝一声：“妖物，连我你也敢缠！”说完就听到“砰”的一声，妖刀从狐仙的房间里飞了出来，倒插在大厅的墙上，刀身直震。这妖刀怎么越来越邪了？之前他都不会这样，现在居然会自己觅食了，而且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下。你呀、啊、你呀、啊，是不是没睡醒？不行，我得用尿滋醒你。见妖刀如此过分，我连忙将它拔了下来。 然后赏了一泡又黄又腥的尿，他可能分不懂这些，居然也直接吸收了。但完事后浑身冒烟，还不停的抖，好像吐了一样。这东西怎么越来越像人了？我感觉极其奇怪，拿起来观察着，不会真要完全成精了吧？有刀魂不算完全成精，但是如果会自己去觅食，而且会有人的一些行为，那就真是成精了。你是不是用生血喂它了？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血？狐仙突然出现，对我问道。我点了点头。 那时候，八大财团中一个长得像马脸的哥们告诉我的，他是阴商。喂了多少？狐仙又问道。我挠了挠头，我倒没有喂多少，但是他自己吃了一冰箱的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越来越像人了，而且我把他放身边的时候，还会做那种梦。那种梦，狐仙皱起了眉头，然后手摸刀身。我想阻止他的，但没说出来，他就摸上了，因为我刚刚才撒了尿。摸了几秒后，他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你爷爷找的蛇骨是一条母蛇，双头母蛇。 成精后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找你吸取精气。蛇这玩意本来就淫荡，这话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不是刀吗？刀也能？有何奇怪？紫霞不还是佛祖的灯芯？不一样，能和至尊宝谈恋爱。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死物生血也能成精。更何况他前身本来就是蛇妖，魂也是蛇。我无语了。昨天他看《大话西游》了吧？不行，明儿我得把天线拔了，不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能学。那怎么办？ 把他毁了吗？今天早上他敢去吃你，明天就敢吃我。这妖刀没血喝，估计都饿疯了，见到人就想吃。这就是卫生血的坏处，他已经上瘾了，要每天都喂，不然一饿就发狂，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他找的是诸葛恪，那可能要出大事。这时候狐仙将妖刀拿到供台上，然后用佛压着。你等下在刀身写几个咒语，暂时压住他。等找到新的厉害断刀师，再给他重新锻造一下。重新锻造，应该很难了吧？ 都这副比样了，我感觉有些棘手。妖刀不但定型，还成精了的样子，再怎么锻造也不会改变的。用黑莲上的火给他锻造一下，应该能重铸。那佛莲是双面性的，佛家黑莲，它吸收的火刚刚好能重铸妖刀。问题是有没有厉害的断刀师？以前造妖刀那个家伙是还我爷爷人情，现在人情已经还了，他不会再帮我做事，我也找不到他，所以还得另请高明。没想到一波三折，眼看妖刀就要恢复了。 可却即将成精，还开始特别嗜血，没血喂他饿、呃、疯了，连狐仙也敢吃。我在刀身上刻了十二字经，以作封印。除了用佛像压住，还在桌面上撒了一圈蛇最怕的雄黄，以免他再随便出来。要是把诸葛恪杀了，就得不偿失。等狐仙找到新的断刀师，那就帮他改造一下，或许用佛脸里的火能清除一些东西，有刀魂就可以了。我不想他成精，太恐怖。相对于妖刀，我对这两颗玉丹更感兴趣，一看到他们就馋，分分钟想吃了他们。 而且期待它们会产生非常厉害的作用，毕竟是真章三封遗留下来的东西。上次没有煮化它，这次我一颗一颗的煮。我不信单阴或者单阳还能形成一个漩涡八卦，然后将热量化掉。这分明就是活八卦，但我卸掉它的阴或者阳，那就形不成八卦了。太极八卦讲究阴阳平衡，世间万物皆如此。所以说，单路的人伤身体，找女人斗地主则不会。一样的配方，一样的火候，我将黑色的玉丹扔了进去，因黑白阳。 滚烫的热水，我决定先熔音玉丹，这样成功率也高。可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那黑色的玉丹漂浮在锅的另外一边，它的这边水是冷的，另外一边则是热的，咕噜噜的冒着泡，白烟直飘。卧槽，还是不行！要不我直接嚼？可煮都煮不烂，我怎么可能嚼得动？这玉丹好厉害啊，单颗也能发挥作用。我的想法好像不……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佛莲，你说用佛莲的火来煮它们，能不能煮烂呢？ 佛莲被暂时封印了起来，要拿它出来炼玉丹，估计还有点麻烦。但没有办法，以目前来看，只有佛莲能与相匹敌了。再不行，我就真没招了。不管了，搏一搏，天大地大，不如胆子大。老兄，我暂时放你出来，你可别折腾了，不然我让你封印一辈子。我拿出了佛莲，然后嘀嘀咕咕着，他是能听到的，早就有了自己的意识。我能封印他一次，那就可以封印他第二次。再闹，我就不客气了，让他吃灰一百年。解开封印后，佛莲果然没有再折腾了。 估计被封一次，有点忌惮于我。它漂浮于我的掌心，任由我驱动，暂时没有反骨。算你识相！我松了一口气，然后立马用佛莲上的火去炼锅里的阴玉丹。可是黑火一焚，锅直接融化了，水瞬间蒸发，阴玉丹落在了火莲上面。我一拍脑袋，忘记了应该用丹炉来炼的，普通锅根本顶不住佛莲。主要是广东人想喝汤的思想根深蒂固。阴玉丹落在佛莲之上，上面的火依然烤着它，想将它烧成灰。我大呼不好！ 这么好的东西，你他妈别给老子烧了，那多浪费啊！可好像来不及了，我急中生智，连忙扔出了洋玉丹，两颗玉丹瞬间聚集在一起，然后绕佛莲不断旋转着，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八卦，将所有火全部卸掉，变成了虚无，只有一股黑烟升起。佛莲居然无法伤及分毫，那股南明离火和怨恨形成的邪恶之火也无法炼化玉丹，好像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其卸掉，要牛批了！他们就好像阴阳两点，只要聚集就可以形成八卦。 佛莲不乐意了，而且他好像想吞噬两颗玉丹。既然火男他都吸，这个自然也有想法。佛莲发出了一阵阵漩涡，周围狂风大作，吹得厨房的东西乱飞，噼里啪啦的响。莲花好像有什么魔影一样，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玉丹，可没有用。玉丹不断旋转着，仿佛可以反弹一切，卸掉所有。佛莲根本吸不动，一道道黑暗的恐怖火焰全部消失，力量也完全起不了作用，仿佛在做无用之功。他们在僵持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佛莲仿佛要精疲力尽了一样，自动放弃了，恢复正常以后，直接落到了地上。都是他在发挥，人家八卦只是借力打力，他当然累。说白了，折腾半天都是在白忙活。玉丹也落下，我连忙捡了回来，连温度都没改变，说明佛莲根本攻不破它，不然被这样烧，至少得温度升高。这妖牛批吗？连佛莲的火都烧不动你们，这火连妖道都烧的了。我有些惊讶，佛莲不一定能炼化他们。 但毫发无损，我是真没想到。这让我想起了假张三丰的招数，他连叶寒一的剑气都能化解，你说厉害不厉害？要知道叶寒一可是追着赵无言和火男砍的人，这么厉害，值得我冒险一次。既然练不化你们，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生吞。将佛莲收好以后，我嘴巴一张，硬着头皮将两颗玉丹一颗一颗吞了下去，连灌三瓶娃哈哈。味道并不怎么好，一颗硬，一颗软，但都咬不烂。下喉咙的时候有两股感觉，一股冰。 一股热下了肚子以后就没有感觉了，可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后，我突然感觉浑身发热，高烧四十一度左右，头上都在冒烟，皮肤有些发红，肚子翻江倒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搅动我的肠子一样。我当时就后悔了，老祖宗说的对，话可以乱说，东西不能乱吃。如果没有老祖宗说过，那就是我说的。发热就算了，我的沟巴直接一柱擎天，好像火山喷发一样，而且感觉比正常情况要长那么几公分，吃药都没有这么猛。这就奇怪了，人在这种难受的情况下。 不可能还有反应的，那玩意到底怎么回事？我不会死吧？我想催吐，可是吐了半个小时，肠子都吐干净了，就是无法吐出这两颗东西。而一股阳气不停在我身体乱窜着，仿佛要把我身体烧掉一样。我连忙进行物理降温，用浴缸装满了冰水，然后直接不穿任何衣物钻进去，让每一寸皮肤都感受得到冰水的冰凉，然后开始打坐，口念静心诀。老话说得好，心静自然凉。我也开始运功调节自己的身体，希望可以扛过去。再烧下去，我可能会死。 这玩意不炼化，果然不能乱吃。直接吞下肚子里，就会在我身体里作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股阳气终于退了，身体不再发热，我感觉好了不少。而这时候已经天黑了，我在冰水中至少坐了五六个小时，饿得肚子咕咕叫。但就在我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股阴气窜了上来，而且跟刚才那股阳气一样猛。几秒不到，由热到冷，我浑身打寒战，手脚发抖，感觉自己来到了南极。 身至冰天雪地，骨头好像都结霜了一样，嘴唇都冻到发紫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我特么冷到缩阳入腹了。我勾巴去哪了？低头一看，什么没有，仿佛被人淹了一样。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立马急了。你看我一条手臂，我都未必有这么急。你搞这些，那我就害怕了。我连忙起身穿衣服，希望赶紧驱寒，说不定一回暖，我的小兄弟又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忽冷忽热？ 都是那两颗玉丹搞的鬼吗？下次真不能乱吃东西，太恐怖了。我穿了上衣以后，突然外面有人推门而入。刚才热的时候太急，根本没有反锁门，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以为里面没人。进来的是诸葛恪。按照惯性，男人第一眼看胸，女人第一眼。诸葛恪看到我的情况后，眼睛瞪得极其大，不解把他的不好意思暂时占据了。但他智商高，转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想到银河系去了。苏阳，你不会练什么邪功，把自己给练成太监了吧？ 诸葛恪表示极其惊讶，他跟我有过孽缘，知道我不是太监，所以现在看见才会这样想。你别胡说八道，我不是太监，更加没有练邪功。我一边穿裤子一边解释，可说话的瞬间我又后悔了，而且马上尬在了原地。诸葛恪比我还惊讶，眼睛瞪得像铜铃。苏阳，你的声音怎么变成了女人？你还说你没有练邪功？不止诸葛恪，连我自己也慌了。这特么的怎么回事？我怎么声音变成女人了？ 我连忙闭上了嘴巴，然后穿上衣服，跌跌撞撞跑了出去。身上的寒气越来越重，感觉好像冰块一样，而且有一股寒气在体内乱窜。这妥妥的冰火两重天啊！不用问，肯定是两颗玉丹搞的鬼。诸葛科一脸懵逼，不知道该追我好还是不追。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好的一个男人怎么成了太监？这以后不得当姐妹了？可我还没走多远，突然就身虚倒地了，脚好像被冻麻了一样，根本无法行走，脸青一块紫一块的。苏阳，你怎么了？ 诸葛恪被我这一摔惊醒，连忙过来扶我，可一碰我，立马尖叫了起来。你身体怎么这么冰？好冻啊！我想解释，但怕说话又是女人声，所以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狐仙闻声而来，见我不妥，顿时问道：“你这是怎么了？”我没办法不发声了，连忙低沉着声音说道：“我生吞了两颗玉丹，现在身体一阴一阳，一寒一热，冰火两重天，特别难受，连生理特征也在反复横跳。即使我故意拉低声音。” 但依然无法表现得像男人，听起来倒不男不女，有点像太监。你这傻子，那东西不炼化就敢生吞，是不是快过年了，担心阎王爷业绩不够？丫头，你让开！哦，诸葛恪连忙小跑躲开，狐仙立马运功，灵气大起，双掌摩擦，一掌打在我的天灵盖，一掌打在我的心口，顿时感觉有两股灵气从腕内的传了进来。可很奇怪，灵气进入身体后，好像被什么化解了一样，直接从七窍喷了出来，鼻子、嘴巴、耳朵全是白烟。 狐仙皱紧了眉头，这东西这么厉害，居然将我的灵气全部化解了，根本无法压制它。没办法了，直接将它吐出来。狐仙也束手无策，只能突然抓住我的脚，然后倒挂着，想以此催吐，还时不时上脚给我肚子几下，但打得我苦水都出来了，就是无法将两颗玉丹吐出，好像卡在了哪里一样。没理由啊，这都吐不出来，是不是打的不够？狐仙说完又开始猛踹。卧槽！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可能要出人命。 我被吐得直吐老血，人都差点要翻白眼了。他是真下手，一点情面都不留，我都怕死在他手上。见我实在不行，直接将我扔在了地上，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大手一挥，对诸葛恪说道：“给我拿把刀来，我剖肚取丹，不然的话，他会被折磨死。”且慢！我连忙跳起来，比谁都精神，跟个没事人一样。玉丹只会让我半死不活，但狐仙真的会将我弄死。华佗也只敢刮骨疗伤，他用菜刀给我剖腹，你礼貌吗？哈 <laughs> 哈，师傅。 我没事了，能扛住。等我慢慢将它消化吧。区区玉丹根本不足挂齿。我擦了擦嘴角的血，不敢再吐了。有血也是往回咽，我怕狐仙来真的。真没事吗？我看你身上好像在冒寒气。诸葛恪表示怀疑，因为看我脸色并没有好转，只会加重不会减轻。真没事，区区玉丹，我随便消化它。不要太小看我的身体。可我说话的时候，身体都在打寒战，太冷了，两排牙齿都在磕着，跟在南极一样。 冷啊！这时候诸葛恪偷偷将我裤子拉开瞄了一眼，没好吧？他好像没长出来。你声音也还跟女人一样。滚滚滚！我等下自己就好了。诸葛恪唯恐天下不乱，就想狐仙弄死我是吧？这个简单，阴阳调和，让诸葛小姐出出力，他自己就出来了。狐仙突然提醒了我，对啊，阴阳调和，我应该是太阴了，找个女人来帮我右阳，让我恢复往日雄风，阳气大增。我不，你怎么不亲自上？指挥我干嘛？ 你又不是我师傅，他也不是我徒弟，我们更没有男女朋友关系，谁要帮他做那种事？诸葛恪直接拒绝了。他上一次只是输给我，又不是自愿的，怎么可能还给我占便宜？我亲自上，可以啊。徒弟，你选谁？狐仙突然问道。我看了一眼诸葛恪，又看了一眼狐仙，然后二话不说就对诸葛恪生拉硬拽的带到了房间。选狐仙跟剖腹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找死。看多了还想当冲师逆徒，而且他喜欢的是傅长生，我怕我一用力。 他就情不自禁地叫长生，我现在一听“长生”两个字，我就想到江辰。不得行啊！家人们，我好害怕，放开我！你要干嘛？苏阳，你可别乱来！勉强没有幸福，你那玩意没了就没了，大不了咱们做姐妹。诸葛恪甩开了我的手，转头就要出去，他就是死活不同意。可我却突然用力按下了他的头。诸葛小姐，帮帮忙，人命关天，你要不愿意，借个嘴巴用一下。诸葛恪本来是在极不情愿地挣扎着，但突然就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你这…… 我就算想帮忙，你也不行啊，啥都没有了。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做姐妹也挺好的，免得你满脑子那种东西。闭嘴，抬头看我！我直接命令道，但声音并没有男子气概，反而有点搞笑，像个尖嗓子的公公。干嘛？诸葛恪抬头看向了我，那张脸倾国倾城，而且多了一股普通女人少有的气质。我手摸着他的脸，再到耳朵，操，感觉来了，美人就是美人！一股热气喷涌而出，直上天灵盖。 火瞬间融化了冰，我感觉浑身发热，冷热瞬间交替，感觉身在火焰山，一股热气在身体里乱窜，好像要把我烧成灰。扑哧一声，诸葛恪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突然甩了一脸，直接往后倒了出去。咦，什么东西啊？好恶心！诸葛恪连忙嫌弃的说着。恶心？那天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哥又回来了，我才不要当老嫂子。我哈哈的笑了起来，哥又阳了。经过短短两次的阴阳转变。 我已经悟了。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两颗玉丹破坏了我身体的阴阳平衡。万物讲究的就是阴阳之道，无论是阴盛阳衰，还是阳盛阴衰，这都会破坏平衡，包括人的身体。只要我会阴阳调和，根本就不需要消化它们，直接就可以利用它们，甚至跟它们融为一体。我对阴阳之道不算太熟悉，但是我会八卦，先天八卦也好，后天八卦也罢，我都修炼过。八卦跟阴阳之道同出一辙，按照八卦之意推演太极。 无极之道去悟出阴阳，想到这，我立刻打坐了起来，然后开始运作身体、静心、内运、口念八卦口诀、心诀，去感悟身体里的阴和阳。闭眼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坐在了八卦之上，有阴阳两点，黑白两边，那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它们不停旋转着，有规律的环绕，不管是顺流还是倒流，都有本有志，有阴有阳。一开始并不是非常舒服，忽冷忽热，忽阴忽阳，无限循环，但我还是忍住了。 一直打坐调和，玉丹太强大了，并不是会一点心得和口诀就能完全驾驭调和的，必须有耐心，阴阳之道，慢慢感悟。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已经第二天了，而一张狐疑的脸在我面前凑着，瞪大着眼睛在观察着我。你要跟我舌吻吗？凑这么近？我没好气的问着。诸葛恪连忙缩回了脑袋。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你今天的脸色红润了许多，跟昨天天差地别。 虽然没完全好，但应该没事了。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能彻底掌握。我握了一下拳头，感觉身体充满了劲道，昨天的虚弱荡然无存。不过还是会感觉有两股气在身体里倒转，但持续不久，比昨天轻松了非常多。往后我会看完所有的阴阳书籍，还有张三丰的太极，领悟阴阳之道。靠着玉丹，我应该能领先其他练阴阳之道的人两百年。而且我本身天赋也极其好，一阴一阳，甚是美妙。 而且感觉有无穷之力在转动着这阴阳，以阴阳之力倒转一切，天地也逃不过这等法则。只可惜阴阳之道奥妙无穷，极其复杂，人的寿命太短了，无法对其完全了解。你没事就好。你姑姑来了。”诸葛恪突然说道，好像刚刚想起自己要来找我的原因，可好像想起昨天被我甩了一下子脸，又尴尬的别过了头。我有些惊讶，连忙问道：“是苏恩还是苏流？”“苏流。”诸葛恪问道。 苏流来了，而且这个架势应该是以拜访的名义，不然的话，杀人应该是选月黑风高的夜晚，而不是大白天的清晨。这女人大摇大摆的来拜访我，什么目的？苏婷指使的吗？师傅露脸了没？我又问道。诸葛恪摇了摇头，表示没有。狐仙不轻易出来，毕竟是底牌。我去会一会他。我做事就要出去，可诸葛恪却拉住了,了我，然后在我耳边嘀咕了几句话。我顿时阴险的笑了起来。还是诸葛恪聪明。 这招绝了！来到客厅，苏流在给我爷爷上香，三拜过后，将香插在了香炉之中。他只带了一个人，那就是有双重人格的苏月。苏月穿着黑丝小皮裤，一脸的浓妆，嘴角上扬，犹如一个女恶魔，明显是苏月的另一个人格出来了。苏月被苏流破格带到了苏家的暗杀情报部，肯定是有点东西。可现在的他，对于我来说，应该弱了不止一个档次。但斩妖除魔是斩妖除魔，杀人又是杀人，不一样的杀手杀人更加专业，所以要小心提防。 暗器、毒药、蛊、巫，这些都是杀人手段。人始终是血肉之躯，再厉害也会死在这些东西之下。姑姑，你带一个来拜访我，就不害怕吗？我终于出现了，但没有对他动手，而是给他和苏月沏了一杯上等的龙井，茶香四溢。可他们都没有要喝的意思，可能害怕我下毒。为了证明没毒，我自己喝了一杯，但他们依然没有无动于衷。这就是专业杀死的警惕性吗？有什么好怕的？打不过你，带多少人都没用。 打得过你，带多少人都用不上。苏流一扭一扭的坐到了沙发上，更往日不同，他穿着比较严密的黑衣黑裤，只要面具一戴，比杀手还酷。不过神情和身材还是一样骚。我也不废话了，直接问道：“姑姑今日登门造访，有何指教啊？”知道我回来这里了，也不带上所有人来杀我，应该不是来取我性命的。你说错了，苏家的人已经开始慢慢集齐，就是来杀你的。只是我先来了，还有守墓人也来了。苏阳，你等死吧。 苏流的话让我眉头一皱：“守墓人不讲信用，不是说好了不再插手吗？为什么又帮苏家杀我？这老头说话不算话，人渣啊！”那既然如此，姑姑为何还来找我呢？”我问道。“给你指一条活路，加入我这边暗杀情报部，降于苏家，自废一半修为，这是你唯一的活路。”苏流的算盘打得太响，搞得我有点想笑。放下枪是最愚蠢的行为，降于苏家还自废一半修为。 那到时候不是任人宰割了吗？我没那么傻，哈哈，姑姑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苏毅已死，苏恩不是你的对手，你以后大概率就是家主了，为什么还找我合作？我看着苏流，想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什么，可这个女人太老练了，根本没有任何破绽。到底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苏婷指使的？苏流也不遮遮掩,掩掩，直接豪爽的回答道：“我毕竟是女儿身，就算是当家主也是困难重重，我必须招揽人才。苏”苏阳。 这是你唯一活下去的契机，不答应的话，守墓人一来你就完蛋了，是吗？我冷哼了一声，我拒绝，你回去吧。守墓人来，那就跟他决一死战。苏阳，你真是冥顽不灵，你以为这次还会给你逃跑的机会吗？我说的苏家人，不是京都苏家大院的人，而是所有苏家的人，全国各地所有所有的苏家的人，只要杀了你，就能破格当长老。你成了众矢之的了。 苏家的人散落各地，只有参加考验，然后又通过的人，才能进入苏家大院，成为京都苏家的一份子。那其他的，是不是就一定都是弱者？毕竟不来参加考验，多半是害怕，九成是垃圾。也不能这样说，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入苏家大院的。比如我二叔就没进，我二叔算不上特别强，但也不弱。他参加的话，通过考验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看个人意愿，就算没有进入苏家大院，也有个别强者。苏婷还真看得起我。 为了杀我，不但重新劝了守墓人加入，还召集了所有苏家的人。他看来是真急了。我差点杀了他，已经成为最强的眼中钉，不灭了我，他觉都睡不安稳。姑姑，你别当我傻，我是不可能降的。你爸人称苏家暴君，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可能活着，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我再次拒绝了苏流、苏婷搞这么大的阵仗，不可能有回头路的，不杀了怎么交代？既然你不相信，那也无话可说了。我只能说我尽力了，你好自为之吧。 我心意已决，苏流知道自己多费唇舌也没有用，便告辞离去。姑姑，此去一别，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感谢你往日的照顾。我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然后张开双臂，想要拥抱苏流。苏流笑了一下，也没有躲避，跟我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可是拥抱的时候，他在我耳边侧着说道：“苏阳，你的家人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不知道是提醒还是威胁，但他抱我只是想偷偷说这些。谢谢姑姑提醒。 我说完后，便与其分开了。苏流得意的笑着，明显是在警告我，这娘们不简单。劝降可能是苏婷指使的，但她好像有自己的想法。她是真想我替她办事，可我不傻，枪交出去，等待的就是屠杀了。投降认罪不是弱智吗？苏流走后，我嘴角上扬，露出了阴险的笑容，然后掌心摊开，是苏流的耳环。哼，还是诸葛小姐足智多谋。苏婷可比曹操多疑多了。现在最头疼的还是守墓人，而且苏家这么多人来。 一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淹死我了，这回可是一场硬仗，稍有不慎，估计死无全尸。苏婷，完真的了，因为我已经能杀他，他一定要弄死我。愁眉不展，事情很严重了吗？诸葛恪从后院走了出来，刚才我跟苏刘的话，他应该全听见了。我点了点头，从理论上来说，九死一生，凶险万分，情形不容乐观。把所有事情跟我详细讲一遍，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我连忙把事情都跟诸葛恪详详细,细细讲了一遍，从头到尾。 一件事都不漏。诸葛恪不以为然，白善一合，看着是死机，实则是生机，向死而生。他们最少得三天之后才能集合，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三天能做什么？我挠了挠头。不管多少天，守墓人这个点永远无法解决。就算我跟狐仙联手，那他们这么多人，加上一个守墓人，又有苏婷，我们师徒根本不可能是对手。诸葛恪白善一晃，把黑的变成白的，把死的变成活的。什么意思？ 你是方唐镜啊？你认识千面如来吗？诸葛恪突然问道。千面如来，老熟了。这个舔狗虽然一直跟我不和，但在周宇恩的撮合下，他其实帮过我不少忙。之前宇言的脸也是他帮忙弄好的。找他来，他能起到关键的作用。诸葛恪说着，附在我耳边偷偷说着，把计划都给我详细说了一遍。妙啊！黑的变成白的，死的变成活的。不过千面如来还真有这个本事。 他的易容术几乎是顶级的，可以以假乱真，因为他用的是人皮，几乎没有多少人能看得出来。可找那家伙需要周雨恩，其他人不好使。他不跟我打起来算不错了，还帮我。巧了，周雨恩也是我的人，不过他在龙虎山，我让蔷薇去打听他的下落了，顺便帮我把冷如霜带来。我连忙打了一个电话给蔷薇，他接了以后，我连忙问道：“周雨恩呢？”在龙虎山，我打听到了，他真成了龙虎山子跑老道的弟子。我刚刚下山，蔷薇说道。 这样看来，紫袍老道还真给我面子，还了这个人情，不然绝不可能收周雨恩这个女弟子。麻烦你再跑一趟，把周雨恩也带过来，我有事求他。蔷薇刚刚下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但并没有怨言，只是担心周雨恩不愿意。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我以前跟过地藏，她应该有点讨厌我。蔷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算她说是我叫的周雨恩，也未必会信。山上电话又难通，我突然有了主意，连忙小声告诉了蔷薇一些秘密。 周宇恩的身体，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次。他身上哪里有痣，哪里有疤，我都一清二楚。哪里是白，哪里是黑，粉不粉嫩，我也是了如指掌。给他一说，必然相信了。卧槽，你小子，你你睡过周宇恩了？你你知道他是京都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吗？苏阳，你真该死！哼！蔷薇略带醋意的说道：“小睡一下，不成敬意。主要沈和喜欢看，不然我京都第一深情不可能逢人就睡。” 我慌不择路，把锅扔给了别人。女人吃起醋来非常恐怖。等下蔷薇不高兴不干了，或许下山的时候突然捅周雨恩一刀。蔷薇不反对我有多个女人，她是出来走江湖的，只要舒服就行，不稀罕其他的。她是讨厌我睡比她漂亮的女人。京都美人比我身材好吗？你是不是特别过瘾？哟，怪不得有段时间冷落了我跟雨烟，原来偷偷睡美人。啧啧啧。蔷薇突然阴阳怪气了起来，说话的语气立马变了，不怎么好，怎么可能跟你比？ 他也就样子好看，身材塌的很，瘦不拉几的，一点肉感没有，屁股又小，不行不行，跟你没得比。我连忙说道：“行吧，算你嘴巴甜，那就再替你跑一趟龙虎山。”蔷薇高兴了，把电话一挂，估计就上龙虎山去了。我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连忙挂电话，差点没兜住。可突然我感觉有一道杀气袭来，我连忙转头看去，发现诸葛恪凶光毕露，在狠狠瞪着我，把眼球都要翻过来了。你之前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吗？ 我现在只爱你一个前女友，呵呵我尴尬的笑了起来，忘记这娘们在旁边了。刚才就该走出去打电话。哟，周元恩居然是你前女友，你本事挺大啊！怎么玩完周元就想来玩我啊？诸葛恪阴阳怪气了起来，比蔷薇旗鼓相当。呵呵，也不是不可以。没憋住，下意识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滚，你还是跟你的细娘过去吧。诸葛恪突然高抬脚，然后狠狠踩了我一下，疼得我龇牙咧嘴。 而他已经愤然离去，摔门进入了房间。我眼泪都掉了出来。这臭娘们脾气挺大，不就周雨恩吗？用得着吃那么大的醋？同为京都三美，和平相处，同枕共眠不好吗？诸葛恪正在气头上，现在可不敢惹他，怎么也得等火气过了再哄。不过他出的主意还蛮好的，有了周雨恩，千面如来必帮我，到时候就看谁阴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修炼阴阳之道，不然的话我身体吃不消。这玉丹没有那么容易适应。 如果扛不住，身体会被破坏阴阳平衡，最后肯定悲惨死去。这期间我身体依然忽冷忽热、忽男忽女，这不赶紧修炼完成，要被江辰抓上昆仑神功当爱宠了。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获，身体慢慢感受得到一股阴柔和阳刚之气，两气互相交缠，一阴一阳，一黑一白，一正一邪。我双掌合一，有时候掌心能看见若隐若现的八卦乾坤在手，阴阳之道犹如流水，仿佛能化解世间万物。到了晚上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了。 但我闻到了一股妖气，很骚的妖气，恐怕来的不是人。我以为会是狐妖什么的，毕竟太骚了。可没想到开门以后是一个长着羊犄角的美女，披着绒毛大衣，穿着长靴，身材凹凸有致，叼着电子烟。唯一的不足就是总感觉下巴有胡子一样。羊肉确实骚，我打火锅的时候就不爱吃羊肉，怪不得这妖有股骚味。这羊妖估计比美羊羊都骚。在其他国家羊，羊可是恶魔的象征。以前外国出海航船的人有一句老话：带一头羊顶几个女人。 他们一般出海都会带上几只羊，其中的奥妙自己去想。毕竟外国银嘛，晚点花。而且出事的时候没有食物，还可以杀羊吃。这就给羊冠上了一个勾引男人的罪名，加上其细嫩的声音，在国外的很多传说都是恶魔的化身，算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狐妖吧。在《聊斋》里面，狐妖也是一样的，勾人吸取精气。可一个羊妖来我物，这是想干什么？想让我做成羊肉片吗？见我眼神不善，羊妖立马说道：“我是刀匠，狐仙找来的。” 听说你有刀要重铸，师傅找的刀匠。听到这羊肉片的幻想，立马消除了。这可不能杀，这是来重铸妖刀的。师傅说过给我找人重铸妖刀，没想到是找了个妖。对，有把妖刀要重铸，已经快成精了，而且毁坏了一部分。我连忙将羊妖请了进来，然后把压在佛像下的妖刀提了出来给他看。好刀啊！羊妖有点眼力见，一下子就看出了妖刀的厉害。他弹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蛇骨造的，怪不得。 可为什么多了一个大口子？这种刀什么东西能毁？简直不可思议！一言难尽，给一股邪火烧的，能重铸吗？我连忙问道。羊妖突然伸出了手，然后变成了诡异的蹄子，蹄子直接压在了刀身上。可他没有放到，立马又如触电般缩了回来，脸色大惊道：“好凶啊！连我都想吃！你给他喂了大量的阴血吗？”我点了点头。除了这样给他恢复，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我也不想这样，确实要重铸了。 这么凶，迟早吞噬主人。不过得先补上这缺口。”羊妖说道。“可我有点无奈，想要妖刀完全修复，那还得继续喂阴血。血难弄就不说了，这玩意再继续喂下去要出事的。”可羊妖没有让我喂阴血，而是突然将他头上的犄角拔了下来，差点惊掉我的下巴。那可是你的角啊！喂，怎么说拔就拔？不会喷血的吗？放心，脚还会修出来，损些修为罢了。狐仙与我有恩，这脚我当报恩了。羊妖拿着羊角来回量着。 刚刚好能填补那个缺口。等我补好刀后，这刀我就重铸了，把它吞噬东西的能力去除掉。”羊妖说道。“啊，这不太好吧？我就喜欢它能吞噬一切的能力，这样削弱那不废了吗？虽然对于我来说更安全了，但这不是我要的结果。”羊妖叹了一口气：“你这把妖刀一体双魂，所以比别的妖刀吞噬东西更厉害。就算你不喂大量的阴血，以后也肯定是这样。而且妖刀邪，你不适合用，毕竟是人。” 除非你堕入魔道了，我帮你打造成一把正刀吧。正刀？这本来就是蛇妖的蛇骨打造的，妥妥的正牌妖刀，怎么正？这羊妖在忽悠我吗？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打造刀的材料已经决定了刀的正邪，怎么打造成正刀？你可别忽悠我，我很天真，很单纯的。羊妖突然又摘下了一根羊角，化龙，那便是整刀。这时候我看着两个羊角插在妖刀的两边，立马明白了。 生角成蛟，蛇肚生成龙，妖蛇刀变蛟龙刀了吗？这羊妖这么厉害？不过很正常，妖活的时间更久一点，相对于一些技能可以学几百上千年，有时候会比人更加厉害。既然可以这样升级，那我就放心了。虽然没了吞噬的能力，但变成了正刀，以后都不用担心了。而且感觉前期会更厉害。虽然成长型的妖刀会无限变强，可也要过程，得看后期。那你这两只脚都不要了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这也太大方了吧？ 虽然跟我没啥关系，都是狐仙的面子，人家来报恩的，无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没有狐仙，我们羊族应该被狼族吃光了。羊妖极其重情义，为了报狐仙之恩，献出双脚也无所谓。讲究，狐仙知道一定高兴极了。我双手一拱，表示感谢。以后灰太狼来你们草原，记得叫我，我也帮你们杀狼。羊妖，羊妖可能感觉我脑子不太好使，用关爱傻子的眼神看着我，找了个借口，带着妖刀走了。 希望他能重铸妖刀成功，因为我太期待了。虽然将吞噬功能重铸掉了，但蛇化蛟，蛇刀变成了蛟龙刃，应该算是不小的增强。杨妖一走，我继续修炼，以阴阳之力为核心，日夜钻研太极之道。我自己仿佛也置身阴阳之间。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才缓缓睁开了眼睛，可肚子一点也不饿，人也不累。长吐一口气后，反倒感觉舒爽了不少。当年张三丰打坐醒来也是这种感觉吗？虽然他一坐就是三五天，我这个时间短了不少。 这时候门砰砰砰地响了起来，我连忙去开门，只见四个女人站在了门外，分别是蔷薇、林丽丽，还有另外两个绝世美女冷如霜和周雨恩。冷如霜好像是晕倒状态，林丽丽搀扶着她。周雨恩已经穿着天师道服，挽着丸子头，身上有一股阴气，就算是道姑也去不掉她绝美的容颜。蔷薇则在掩护他们，有股鬼鬼祟祟的感觉，跟做贼一样。不过这是正确的，怕被人发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之前我也叮嘱过她，不过不用太紧张。 这个城市已经全部是我的耳目，黄大仙早就布满了自己的爪牙。这里魏氏王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第一个先知道。就算是京都的人，也无法安插进自己的眼线。强龙不压地头蛇，黄大仙在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他有修行，自然做的比王天琪还好。苏阳，冷如霜怎么在你手里？你不怕冷家要你命吗？周雨恩第一个闪身走了进来，然后就是其他三个。我怕别人发现，顺势将门给关上了。其他人我先不管。 让他们各自安顿。我拉着周雨恩来到了一边，然后偷偷说道：“找你来有点事，我需要千面如来帮忙。”又找我干爹。现在八大财团把我戏班和戏园都砸了，时至今日，你还没解决他们，我该怎么相信你？你看我现在成了道姑。周雨恩有些怨气，但我理解他。他本来就只能靠我，但现在把自己都搭进去了，依旧没能完成任务，反而朝着不可预想的方向发展了，居然成了道姑。你只能相信我。我们现在处境一样，如果不联手的话。 我跟你都活不成。据我所知，有一个神秘人在杀八大财团的人，现在已经杀三个了。只要我们继续制造混乱，张三丰就顾不及后院，到时候他们可能会被慢慢杀光。那个凶手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但明显他是对我们有益的。张三丰估计也在找他。可我们如果牵制张三丰，他就无暇顾及其他的。周雨恩犹豫了起来，好像在担心什么，可能是不想牵扯千面如来进来，毕竟太危险了。不管怎么样，千面如来确实帮了他不少。 这可能会让千面如来丧命，再相信我最后一次，不是我死，就是他们死，到时候看看谁能活着回京都了。我连忙许下承诺，这个城市就是决一死战的地方，我要把所有恩怨在这里一一解决。周雨恩终于点头了，好，我试试。现在不一定能联系得上他，估计他也在被八大财团追杀。周雨恩说完就去打电话了。不过我不担心千面如来这个舔狗会拒绝，他一定会来的，这就是舔狗，直到现在。 他还对周雨恩的身世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就是周雨恩唯一的亲人。他怎么处置？蔷薇见我走过去以后，连忙问道，眼睛看着冷如霜。冷如霜软塌塌的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酣，不知道给下了什么药，一时半会应该醒不了。蔷薇这种走江湖的人，什么药没有？当年地藏还给我一些特别的药，先让他昏迷着，他暂时没必要醒。我说道。苏家和冷家交好，找冷如霜来，只是关键时刻做一下挡箭牌。 林莉莉极其不解，问：“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我跟八大财团闹翻了？现在全都是要杀我的消息。”我让他不用惊慌，就算跟八大财团闹翻，我也可以解决。如果他害怕的话，他可以先离去。林莉莉很聪明，她没有走，而且什么话都不说了。我让他照顾好冷如霜，不管怎么说，冷如霜这个千金小姐是无辜的，我暂时不会伤害她。就在这个时候，诸葛恪走了出来，环嘴里嘀咕道：“怎么那么吵？谁来了？”一出来客厅。 人都傻眼了，怎么突然来了四个女人？连周雨恩和冷如霜都在其中。四个女人姿色各异，犹如百花争艳。客厅里全是女人味，加上诸葛恪，这比进了女儿国都爽，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可如今我危在旦夕，情况危急，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苏阳，好大的本事啊！小小一个古屋，居然将京都三大美女都集齐了。诸葛恪突然双手抱胸，脸色都沉了下来，阴阳怪气的说着。周雨恩挂了电话，缓缓走来。 好像已经办妥了，千面如来马上就会赶过来。不过他面对诸葛恪也是撇了撇嘴。苏阳，怎么他也在？不知道，师傅带回来给我出谋划策的。我跟他不熟。我连忙低声说道，声音跟蚊子一样小，生怕被诸葛恪听到。但我是心惊胆战，驴肉薄饼。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白烟飞起，然后落了下来，形成了一道亮丽的身影。狐仙现身他们当中，姿色竟然也不落下风，更是自带了一股仙气一样。 不过脸多了三分媚，跟以前的脸刚刚好相反。爷爷的人皮带来的皮相，则是清纯可人。狐仙挥了挥长袖，坐身于中间太椅之上，仿佛后宫之主一样说道：“你们别闹了，我徒弟有难，希望你们能尽全力帮助他度过此劫，我必定放你们回去，而且重礼酬谢。不然的话，你们都要跟着他陪葬。”狐仙不像我，人狠话不多，而且不跟你讲道理，带着杀气震慑全场，他们都不敢说话了。这只狐狸是真的会杀了他们的。 既然来都来了，那谁都别想走。想要活着，那就要我活着。妖有妖道，狐仙虽然不吸精气，但杀人可一点都不含糊。一只长寿的妖人，对于他来说，其实就跟蝼蚁一样。诸葛恪没有说什么，冷哼一声，转身回了房间。其他的都还好，我跟周雨恩本来就是火包有关系，他对我没有情感需求，也不可能吃醋。林丽丽和蔷薇就更加听话了。冷如霜最可能闹事，但他昏迷着，我将他们各自安顿好，然后等待着一场浩劫的到来。守墓人。 张三丰都会出现，但我暂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时间过去了两天，危险依然没有到来。我让黄大仙监控着全城，除了苏流，苏家一个人都没来。这骚娘们天天到处吃喝玩乐，什么都没有干。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跟踪？难道他在虚晃我吗？苏家根本就没有人来追杀我。如果是这样，唬不到我，他应该就走了。为何还要留在这？苏家人没有来，八大财团也没有来，好像雷声大雨点小一样，两方都不见了踪影。 可蔷薇明明在京都打探过消息了，他们都有意要对我出手，人呢？现在黄大仙已经强行控制了四大家族的其中之三，除了沈家，其他的都屈服了。沈洛伊是唯一的变数，但是在实力面前，他们又显得太弱了。这个城市的四大家族作用不大，包括沈家。沈夜一死，沈洛伊掌控了沈家，他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报了仇以后，人就销声灭迹了。但黄大仙说，崆峒老祖在沈家，他暂时不敢去找茬。这样说来，沈洛伊也没有回云墨轩。 他继续留在这里，想干什么？还想着盒子里的东西吗？现在都已经被我吞进肚子了。我练了几天，效果还行，至少身体不会犯毛病了，而且感觉慢慢的在融合阴阳之道，虽然还并不熟练。又过了两天，千面如来到了，敲门看到我后有些惊讶，然后就厉声问道：“雨恩呢？”我知道这舔狗一来必定会找周雨恩，所以赶忙让周雨恩出来与他相见了。一番交谈后，我直接开门见山，而周雨恩也站在我这边，我给了千面如来一张照片。 让他到时候变成照片人的样子与我合作，至于细节我会慢慢告诉他，以免到时候出错，因为太重要了。千面如来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拉着脸说道：“雨恩，你为什么又要我帮这小子，还来他家住？”周雨恩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解释。我慌忙找不，只不过是借宿，我遇到了一点小困难，需要周元帮忙罢了。可我越解释越乱，千面如来不是傻子，直接瞪了我一眼，眼中充满了怨气。周雨恩几乎所有的要求都是让千面如来帮我。 就算是恋爱脑也该醒了，更别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和尚，他的每一张脸都是杀人剥皮而来的，不然不会有那么完美的脸，易容化妆达不到那种效果。毕竟找他合作有求于他，所以我不想把关系闹得那么僵。见他怒气冲冲，我就闭口不言了。反正他听周雨恩的话，我也懒得搭嘴。他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不想惹怒他。千面如来将周雨恩拉到了一边，一副将我当外人的样子。而我轻易舔到的地方，他舔了一辈子都没有舔到。 可千面如来的不依不饶，反倒激怒了周雨恩。两人从一开始的细声说话到大声争吵，差点把其他女人都惊动过来了，而且还越吵越烈。最后只听见周雨恩大声吼了一句：“他都戴了，你还要怎么样？”此言一出，空气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千面如来顿时人都傻了，脸色刷白，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脸是小丑的，有就赶紧戴上。可这时候的我却心惊肉跳，整颗心都悬了起来。周雨恩一旦跟千面如来翻脸，那我全盘计划都得破碎，还没开始就失败。 那往后就难了。别看外面风平浪静，但只是暴风雨的前兆。那些人一定在某个地方静静注视着我，等待最佳杀我的时机。京都的人不能小瞧，他们在忌惮狐仙罢了。可我还是太小看舔狗的力量了。千面如来居然没有甩脸走，而是说道：“我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这次我可以帮他。但是帮完他之后，你再不能见他，不然的话，你休想让我再帮他。”听到这句话，我松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周雨恩看了我一眼，最后冷冷说道：“随便你，不见就不见。”说完以后，转头回了房间，明显也生气了。他本来就只是认千面如来做干爹，又不是老公。说实话，千面如来是完全没有资格和身份管周雨恩这些事的。要不是有求于他，估计周雨恩根本不想鸟他。周雨恩有自己的使命，并不是戏子这么一个身份，他根本不需要千面如来保护。之前的弱小都是装的。 他那时候也是八大财团的秘书，想弄谁那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他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千面如来见周雨恩怒气冲冲的走了，连忙唤了几句，但是周雨恩都没有回头，强行关门后更是将他拒之门外，气得他暴跳如雷，双拳紧握，但又害怕继续激怒周雨恩，没敢硬闯。都是你，苏阳！千面如来再次瞪向了我，怒气值拉满，但我不想打他，不然我可以把他屎打出来两吨。千面老哥，别气，这事办妥了。 我包周元能回来你身边，我连忙安慰着他，毕竟还得靠他，这确实得稳定他的情绪，不然怕事情有变故。哼，用你说，你给老子滚！千面如来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虽然答应了下来，可他极其恨我，要不是有周元，这家伙马上就能跟我打起来。可临出门前，我追上去搭着他的肩膀说道：“千面老哥，能再帮我办点事吗？”千面如来瞪着我不说话，好像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一样，但他又好奇，没走也没问，只是瞪着我。 仿佛在讲：“有事快说，有屁快放。”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盒小孩隔屁袋？我这谷物一直没有存货，你也不想我，你懂的。你要是不买，那我可赤膊上阵了。皮瘾犯了，但没有小孩隔屁袋，也不敢随便出去，怕被人暗算。苏家的人和八大财团的人不知道在哪里躲着，只能拜托千面如来老哥了。千面如来听了我的要求后，竟一时语塞，愣在原地错愕着。怎么样？现在商店还没有关门，快去快回！我又说道。 千面如来顿时震怒：“苏阳，你不要欺人太甚，这还是人吗？”“哦，好吧，不买算了。”我急忙做事要关门，毕竟别人不愿意，也不能勉强别人。我六爷行走江湖，主打的就是三观。可砰的一声，千面如来直接双手挡住了门，面带怒气的说道：“我给你买，你等着。”知道周雨恩难逃一劫，千面如来只能就范。他估计都后悔了，应该现在就叫周雨恩走的，而不是事后才不让我们见面。关键他也没想到我能这么损。 但话又说回来，带总比不带好吧。谢谢千面老哥，我连忙鞠躬致谢。还是那句话，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千面如来轻功了得呀，来去神速，没多会就回来了，直接扔给了我一盒东西。来不及再次感谢，他已经瞬间离去，仿佛不想再见到我。有了这盒东西，今晚就可以放开膀子干了。推开周雨恩的门，再次宠幸他。千面如来敲不开的门，我可以敲开。我说的不止一道门。周雨恩没有之前自然。 毕竟同一屋檐下还有其他的女人，所以有些忌惮。不过我跟她本来就有那些契约，我想什么时候要，她，就得什么时候给。她。就算半推半就，也得臣服。可进入状态后，我即使捂住她的嘴巴，也依然发出莺莺燕燕的声音，正好跟外面墙底的哭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天早上，诸葛恪说昨晚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经验丰富的林丽丽和蔷薇笑而不语。周雨恩低头吃着硕大的油条，没有说话，脸颊一片绯红。喂。 周雨恩，你脸红什么？诸葛恪看着周雨恩问道：“要你管，吃你的饭得了。”诸葛家管那么宽，回到三国时期，曹魏东、东吴不得让你包办了。两女有种同嗓眼红，各看对方不顺眼的感觉，说话都不爽对方，互怼都是经常的事。一个身世赫然，出生名门世家，自然看不起三流戏子，觉得周雨恩光有皮囊没内涵；一个身世凄苦，觉得对方只是命好，更看不惯其高人一等的嘴脸，要身世兑换，他觉得诸葛恪还没他混得好。 面对周雨恩的怒怼，诸葛恪也不甘示弱。我要是回到三国，第一个杀了姓周的。此番阴阳怪气，周雨恩顿时暴怒，拍桌而起。诸葛恪，别太过分！你算卦厉害而已，论打，以为你是我对手吗？谁过分了？我只是说杀周瑜而已，没说你。没文化真可怕！别自作多情了。诸葛恪晃了两下白扇，好像随时要动手一样。反正他们打起来不揪头发就行，谁赢谁输我无所谓。就在这个时候。 狐仙一拍饭桌，发出了砰的一声，筷子断成了两截，吓了两女一跳，两人都同时缩了一下脑袋。可狐仙却没有说他们，只是冷冷朝我指了指门，刀来了，接刀不进门，蛟龙刃泼三杯水，屋内不打伞，接刀不入门，凶关不进家，古时三大禁忌。不过除了凶关不入门，其他的我倒不讲究了。拿妖刀的时候就没管这些。狐仙活得久，还喜欢古时候那一套。不过也可能是龙刃太强了，要认真对待。 泼三杯水，是因为遇水化龙，浇入河，龙飞天；蛟龙出刃要给点水，刀匠不能给，要主人给，睁眼认主。狐仙话刚刚落，突然门就响了，比雷达都准。而外面的妖气我已经认出来了，骚得很，分明是羊妖。我有些惊讶，这也太快了。不过快比慢好。我需要一把武器。打开门后，羊妖站在门前，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而我则端了三杯水出来。刀的气息我还认得出来，还留有以前一点味道。 刀身更大、更宽了，刀柄真的有角，看起来非常炫酷，而且没了以前阴冷的气息，不再是斜刀。刀没有一点缺口和裂痕，已经完完全全恢复，刀刃很利，还闪着寒光，有一股特别的气息流荡了出来，跟以前成交的蛇仙很像，但始终有区别。这只是刀器。刀完成了，蛟龙刃虽然不能再靠吞噬升级了，但是总体来说，前面肯定比蛇刀厉害，而且不会再有危险。它不是主了。羊妖说着，将蛟龙刃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后，稳稳握住了，重量比以前重了三分之一左右。但握住的时候，能感觉到一股力量，甚至能听到龙吟声。我当时怀疑自己幻听了。杨瑶说不是，这里面还有他的修为和羊角，所以这刀也有会刀魂，蛟龙魂，但要重新激发。他这样说，我就兴奋了。刀没有刀魂，基本上很难做到人刀合一，上限太低了。有刀魂和没有刀魂是两个阶级。这杨瑶太牛了，主要他也肯付出，不然这蛟龙刃必然不可能诞生。 连自己的羊角和修为都可以牺牲，我连忙往蛟龙刃身上泼水，一连泼了三杯。此时我突然感觉有双龙眼睁开了一样，但不是刀身上，也不是我前面，而是我背后，甚至感觉有一条龙在游吟。那种感觉很奇怪，跟做梦一样，非常虚幻。这就是妖打造的刀吗？太神奇了！这刀仿佛活了一样。但羊妖说的刀魂，我暂时没有确切的感觉到，可握着刀很有力量。我横劈一下，院子里的树瞬间腰折了。 隔空将其劈成了两半，刀劲吹起了一阵狂风，如龙吟一般。树倒下后，树体还在破坏，落地一分钟出现了无数个斩击刀痕，直到全部裂开，变成了无数的碎片。卧槽，这刀还有后续伤害？这杀鬼斩妖还行，毕竟他们的身体结实。这要杀人的话，凡人之躯能扛得住吗？这效果有点像农药百草枯啊，后续还会慢慢摧残你的身体，太恐怖了。这蛟龙刃我太喜欢了，换得值。蛟龙刀到手后。 羊妖也不多停留，直接跪拜于地，对着里叩头三个，说道：“金环恩于狐仙，拜狐仙万福。”狐仙没有出门，依然坐于中堂，但他却单指一弹，一道灵光射出，直接打进了羊妖的额头处。羊妖立刻精神焕发，仿佛吃了兴奋剂一样，双眼有光。狐仙收手，沉吟了一番，道：“铸刀有功，赐你一百年修为，回去好好修炼，羊族必定大胜，莫要行恶。”羊妖损耗羊角，狐仙不回馈他一点修为还真不行。 妖界也讲人情世故，不然哪来那么多报恩的故事？谢谢狐仙，谢谢。羊妖叩头再谢，最后慢慢退去，消失在院子里。我也很满意，拿着蛟龙刃回了古屋。这刀不错，慢慢熟悉了以后，应该会比妖刀厉害。你们这些丫头也别吵了，能不能度过这一劫还另说。我徒弟死了，你们也全给我陪葬，到时候什么千世美颜也是一把灰，有什么好吵的？狐仙骂了一句后，周雨恩和诸葛恪都不说话了，低头吃着饭。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让他们受制于狐仙？都是聪明人，不吃眼前亏。夜里十二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将我惊醒，但很诡异，号码是一串乱码，跟火星文字一样。我用手机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用电脑软件拨打的。谁？我连忙问道。是我，臭小子。手机那头传来了二叔的声音，而且好像很焦急。二叔，我以为自己睡懵了，连忙又看了一下手机号码，发现还是乱码。 我有他电话，他为什么搞这些？刚刚来古屋的时候，我也找过他，结果他手机号码打不通，要么就是空号。后来他找我，又恢复成正常的电话号码了。莫非二叔是什么高科技人员？二叔，你拿什么打给我的？怎么手机号码不太对劲啊？可面对我的问题，二叔并没有直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又闯祸了？”我愣了一下，看来只是包不住火了。二叔应该是全知道了。我现在就担心苏家的人会对他不利。 虽然不是古代一人犯事就要诛九族，但苏婷手段肮脏，我怕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为苏流那天来古屋就是这样警告我的，或许他并不是唬我。杀就要斩草除根，不然苏婷妄称暴君。二叔，说起来话长，你跟白仙去避一下，我自己面对。我说道。你个臭小子，你面对个屁！现在人在哪你都不知道吧？二叔破口大骂，明显来脾气了。可他说的对，我确实不知道人在哪。 我早已经让黄大仙在这个城市布下天罗地网了，可除了苏流，其他人一个都见不着。八大财团的人也至今没有出现。二叔，他们确实没有出现，我说道。二叔又骂道：“你个傻子，他们早来了，就在你的小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能监控得到。”听了二叔的话，我恍然大悟：失恋的时候就在小区，而苏家安排了一切，也就是说，那个小区根本不是我的地盘，而是苏家的考场。苏家的人早就来了。 只是躲在了小区，那个地方跟鬼地一样，黄大仙的人也无法监控。二叔，你怎么知道的？这在我的意料之外，但二叔是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带你爸妈出去躲一阵，你别联系我们了。是生是死，是富是贵，看你造化了。你玩到这么大，你爷爷来了也得挨两巴掌，我也保你不住。说完后，二叔就把电话给挂了。等我拨回去的时候是个空号，打二叔的真正电话也是空号，想追问他什么都已经没有机会。 我坐了下来，不停揉着太阳穴，然后冷静分析着二叔的话。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他没有骗我；另外一个，他正被苏家的人威胁着，故意引诱我去小区，然后在那里对我下手。小区本来就是最好的行刑场，那里不知道死了多少苏家新秀，在那里对我就地正法最合适不过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继续留在古屋等待。这时候，我想起了老乞丐他们，连忙给他打电话。电话在六秒后通了，可接起来以后一点声音都没有。 安静的诡异，前辈，说话！我一连叫了几声，但都没有回应。这时候，我突然急中生智，大声喊道：“苏婷，我知道是你！”这句话一出，对面好像有了反应，发出了一些响动，但随后就把电话给关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等再打过去的时候，手机就关机了。我心里咯噔了一声：老乞丐恐怕出事了。苏婷还是人吗？苏家的内侍，旁人也杀。老乞丐跟我出生入死过。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我治他生命不顾，我还真做不到。而且他是无辜的。柳希林没电话，我打了方婷的，方婷也关机，最后只能无奈的打给白苏苏了。白苏苏的手机一秒就接通了，我连忙欣喜若狂的问道：“小区现在怎么样？”可是对面也是一片安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这不跟老乞丐一样吗？都出事了，苏婷不会卑鄙到这种程度吧？这么多人带了个守墓人，还搞这一套，他是有多阴险？ 忌惮十尾天狐吗？可是几秒后，突然有声音了，手机那头传来了一个断断续续的女声，有点阴森森的说道：“妹妹妹妹妹，你是白木？苏苏呢？”我急忙问道。手机居然在白木那里，十有八九出事了。白木连正常说话都做不到，憋了许久，才又吐出了一个字：“抓抓抓！”给抓走了吗？果然，苏婷对小区的几个住户都下手了。 我还想问什么的时候，手机又断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再打回去，怕暴露了白木白苏苏如果被抓走了，那极其可能他就在躲着，给他打电话不是什么好事。反正他也说不了什么。苏家的人占领了小区，抓了里面住的几个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以此来威胁我吗？可真卑鄙啊！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去小区跟苏家的人决一死战，要么继续苟在这里。但这里不能躲一辈子，迟早要出去跟他们干。不管是不是陷阱。 他们都在逼我去，仿佛我没有选择一样，罔顾其他人的生命，自己的生命至上。他们在赌我是否自私，而且这非常毒辣。就算我以后活下来了，想起这些人是因为我而死，一生都要活在内疚中。去还是不去，成为了现在摆在我面前两难的抉择问题。苏婷，算你狠。诸葛恪好像看出了我的难处，将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来了吗？我回头看向了他，然后点了点头，把事情都告诉了他。 本来他们就人多，还搞这些，真是难对付。守墓人真帮他们，那到时候非常难受。诸葛恪一听就有了主意，只有一个办法了，用冷如霜换他们。如果你真在意他们的话，我皱起了眉头。冷如霜，苏婷肯换吗？不确定，理论上会。这个人情太大了，找回冷如霜，冷轻松给他跪下就行。这是唯一的办法。诸葛恪的话也有道理，冷家有权有势，苏婷必须挣这个人情。而且，如果我带人进去的话， 他肯定换，然后再杀我。其实结果是一样的。他为什么不换？诸葛恪这个办法确实好，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苏家了。我眉头皱得更深了。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他们先占领小区，我去的话，指不定有多少陷阱，这太吃亏了。我想过很多种情况，没想到是要被威逼利诱着去。也有办法，到时候烧了他，陷阱也得成灰，他们反应不过来。诸葛恪在线下妙计，我顿时醒悟。对啊。 老子不是有佛莲吗？刚刚好用这玩意把小区全部烧了，到时候火烧连营，什么阵法、符官、陷阱、枷锁，全部都得化成灰。而且烧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他们掌握的主动权也荡然无存了。佛莲现在就是火莲，烧一个小区都是小事。把佛莲给胡陷，这事就好办了。好，就按照你说的做了。我点头答应。明晚九点，我安排好一切后，将冷如霜掳上了车。他还在昏迷状态，压根没想过让他醒。蔷薇驱车将我带往小区。 但我没让他进去，太危险了。百步左右就让他回头了，然后抱着冷如霜，一步一步踏入这犹如鬼地的小区。这小区看着好像是我的，实则是苏家的修罗场，烧了也不可惜。如今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反正有钱，以后能活下来，什么能没有？今晚的雾很浓，而且好像墨汁一样黑不溜秋的。穿过雾的时候，我捂住了口鼻。之前中过白菇的蛊毒，就是这种奇怪的雾，一吸马上中招。吃一蛰长一智。越过黑雾，终于来到了小区门口。清风徐来。 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一样，他们不是妖魔鬼怪，但却犹如野兽，让人不寒而栗。小区内没有一盏灯亮着，黑乎乎的一片，里面的树被风吹得压下了头，好像在跪拜。周围全是杀气，进来就能感觉得到那股压迫感了。幸亏这些年我成长了不少，不然的话，这阵仗我直接打退堂鼓了。别躲了，出来！苏婷，你要当缩头乌龟吗？我没有进去，而是对着门口大喊一声。我看了一眼地面的土。 很多都刻了符咒的，有些松软。这小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我感觉到了无穷无尽的杀气。苏家的人力气不重，但杀起人来一个个跟恶魔一样。因为苏家的制度本来就残酷，有点像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你小子居然能知道我们在这里，当真在这个城市手眼通天了吗？我还没想着通知你呢，你就自投罗网了。苏婷自然忍不了我叫他缩头乌龟，直接现身了，落于门后百步外。 与此同时，万张黄符起火，照亮了整个阴暗的小区。他们憋着一口气，气不出，符不灭。修为越高，符火越定，不会因为风吹而晃动。万人之多，这是捅了苏家马蜂窝了吗？上奶召集这么多苏家的人，刚才没发现，现在现身后才发现，小区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不过这个小区也算非常大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苏家人都来了，来剿灭我这个苏家叛徒吗？当年苏魂也没有这个待遇吧？那我可真是荣幸，杀叛徒。 朱反贼，正苏家之名，清理门户；杀叛徒，朱反贼，正苏家之名，清理门户。所有人齐刷刷的喊着，好像恨不得将我这个恶魔碎尸万段。苏婷给我定的罪名，让他们成为了正义的一方。别叫了，吵得我耳朵疼。这里可不是京都，小心居委会大妈来投诉你们。少废话，这里小区的住户呢？我挖了挖耳朵，然后将耳屎弹开。他们所谓的正义，我早不在乎了。我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看来我赌对了，你还是有点情义的。 苏婷的脸被浮光映照着，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左右，皱纹全部不见了，精神焕发。本来头都没了，剩一条腿，现在不但没死，还倒退了二十年吗？那他不是越来越年轻力壮了？这个老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女娲石吗？当年女娲娘娘就是用补天剩下的女娲石救活了自己女儿，让其死而复生。如果白灵和黑桃都死于他手，这么一算的话，他手上好像有两块女娲石了。 但女娲石的功效暂且未确定，肉眼可见的是苏婷年轻了。苏婷，你真卑鄙啊！我们苏家的事，干嘛连累其他人？我大声呵斥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他，别提有多爽了。苏婷听了反而冷笑，哼，卑鄙！你少来了，你这种叛徒收留的人会是什么好东西？我就算杀了他们，也是替天行道。说完后，苏婷鼓了一下掌，顿时高楼中有两个人被抛了出去，但没有掉下。 因为有绳子绑着，只是被吊着在半空中。只有白苏苏和老乞丐柳希林和方婷不在，白木也没有。苏婷指着白苏苏和老乞丐说道：“这个女的以前偷蒙拐骗，出了名的坏女人，用术骗人者，乃心术不正，当诛。这个乞丐就不用我说了吧？他以前在京都杀了多少人，你比我清楚。来这里帮你做事后，又杀了不少人，甚至灭族。你说我杀他们是不是替天行道？其他的几个逃走了，不然我必给你一锅端。” 苏阳，你不是麒麟之子，你就是邪恶之子，坏事做尽。就算你代表天，我们苏家也容不下你，今晚必诛天。苏婷的声音慷慨激昂，传遍了整个小区，随后就是跟着的呼喊声：杀叛徒，诛反贼，正苏家之名，清理门户。这口号喊得真整齐，知道你们齐心了，能不能少说废话？苏婷，我要用冷如霜换他们，别在这给我废话了。我看着怀中熟睡的冷如霜，也该送他回家了。 他其实最无辜，一直被当作筹码。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社会就是这样，以利益为主。哼，好小子，原来冷如霜一直在你手中，你就不怕冷清松剁了你吗？苏婷犹豫了起来。如果他送冷如霜回去，那这个人情就大了，以后冷清松肯定会回报的。其中的利弊关系，看他自己怎么去权衡了。我只能赌，幸亏只抓了两个，要全抓了，我一个人还不好换。不过方婷是江辰的化身，柳希林本事不低，想抓住他们可不容易。白木估计是躲起来了。 不知道怎么躲的，躲在了哪里？别杵着啊！到底换不换？不换的话，我现在就杀了他！我局长就要打冷如霜的天灵盖，不逼苏婷是不行的。慢着，你敢杀冷如霜，你不怕吗？苏婷连忙阻止。我冷哼一声：“怕什么？怕冷轻松？怕没命？别逗了！我现在能不能活着走都不一定吧。”苏婷呵呵一笑：“你好像说的很有道理。换，不过你以为你还能安全走掉吗？今天。” 你一定要死在这里！苏婷一挥手，立马有人去放白苏苏和老乞丐了。这两人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感觉，被放下来后站都站不起来。这么多人加上苏婷，确实只有挨打的份了。这时候我扫了一眼，始终没有发现守墓人的身影。他绝对是来了，只是潜藏在黑暗之中。不过呵，诸葛克早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白苏苏和老乞丐很快被压到了我的对面，两人半睁着眼，仿佛一只死狗，伤的挺重的。 而且，即使这样，双手还是有绳子反绑着。来吧，鲛人苏婷倒挺爽快的，直接一手一个反推着白苏苏和老乞丐给我。我也按照约定，直接将冷如霜半抛空中扔给了他。接<姐>！苏婷喊道。声音一落，苏流腾空而起，将冷如霜稳稳抱住。苏月送他回冷家，这人情冷家得大还。苏流交代着苏月，一眨眼的功夫，苏月就带着冷如霜消失了。 估计连夜送回京都，这里毕竟危险。小哥，你不该来，救了我们也走不了。老乞丐剧烈咳嗽着，嘴角流着鲜血，但我没有多说什么，两指劈开了他们身上的绳子，解脱后，两人都半跪地上，极其虚弱，身上伤痕累累。苏阳，我欠你一条命。白苏苏说着，慢慢跌跌撞撞的往后走，无情的抛下了我，头也不回。丫头，你这怎么能走？老乞丐有些诧异，白苏苏被救后，居然直接将我卖了。 可我却压住了他抬起的手，不要他还有亲人，而且他留下来也是累赘。他比谁聪明，你也走。白苏苏还有一个姐姐要照顾，她不能出事，而且留下也是拖累我，还不如直接走。江湖儿女全是老油条，特别明白当下处境，绝不婆婆妈妈。如果被救又成拖油瓶，那不如不救。老乞丐也瞬间明白了，但老一辈情谊重，他有点担心我。那你呢？老乞丐迟,迟迟不走，害怕我死在这里。他都这个岁数了，对死亡看得很淡，如果真要死。 我猜以他的性格会留下来陪我一起死，不用担心我，我自有妙计。而且以我现在的本事，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杀我了。我说完后，不再跟老乞丐啰嗦。一个大推掌将老乞丐反推十几步，他跌跌撞撞而行，但没有倒下。见我心意已决，只能先走。这时候，瞬间有无数的黑影冲了上来，身手矫健，步伐轻盈，速度极快。我拔出蛟龙刃，一刀斩断了追路，狂风乱舞，一声龙吟，地面出现了一道沟渠，灰尘乱飞。 火花四溅，刀气如刀片一样割在他们衣服上，发出呲呲的声音。他们被逼退了几步，耽误了追的时机。白苏苏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我知道他一定会返回小区的，因为白木还在里面。而老乞丐虽然没有完全逃掉，但也走慢慢越走越远。算了，先不管其他人，以杀这小子为主。苏婷指向了我，如果分心继续去追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她怕我趁乱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善茬。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将我围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万人之多，何其壮观！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淹死我。这特么怎么打？跟人墙一样，跑也跑不掉。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而且苏家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实力的。狐仙还没好吗？还不放火？杀！斩七者，登长老，赏重金，立大功，为苏家清理门户。苏婷一声高呼，勇者无数，而且已证明斩叛者。 得其功者何其风光，更是神勇百倍，跟不要命一样。我连忙举起蛟龙刃，横劈三尺，将靠上来的人尸首分离，血溅当场。可是他们人多，杀了一批，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冲上来，刀光剑影，拳脚相加。我有一种霸王被围杀在乌江边的错落感。这样打，我迟早被耗死。除非有叶寒衣那种大范围斩杀清场能力，不然很难战到最后。我挥刀不断，杀气淹没了他们，直刀如修罗，横劈近身者。 应声倒地之人满身鲜血，不是断头就是残身。幸亏我有神羽内甲，不然我双拳难敌四手，难免会身中暗箭。这甲帮我挡了不少伤害。挥杀百余人后，血染尘地。但他们看着倒地的同胞，越战越勇，跟发疯的野兽一样，百剑齐斩，千拳齐挥，明剑暗器数不胜数，手段不同，杀意一致，就是想要我的命。我也不敢有半点留手，乱拳打死老师傅，人多拳杂，我只能拼命地跟他们厮杀。 仿佛杀神在世，我们行一样的性，流着同一脉的血，可我们却如野兽一样，都想要了对方的命。今天我苏阳一 v 一万，就算死也要名留千古。我以一敌一万，酣战正勇，对方也全都杀红了眼，跟不要命一样。可就在此时，突然黑火突起，将周围一切灼烧。来了，狐仙终于来了。看来他能驱使佛莲，这种火焰的颜色一看就知道是佛莲，黑色的邪火。 火很猛，尽管这个小区很大，可也烧得很快，房子和花草树木全都烧得滋滋作响，然后化成了灰。如果不走，所有人都要被烧死。这不是反火，粘一下就得烧成灰为止。这一下他们有点慌了，纷纷后退，然后看向了苏婷，想看苏婷怎么指挥，到底是继续打还是跑？苏家如果所有人给我陪葬，那可太不值了，总不能为了杀一个人搭上全族的命。可苏婷却非常淡定地说道：“不用慌，自有人对付，你们继续便可。” 话音一落，一道道狂风席卷而来，吹得黑火摇摆不定。接着金光亮起，黄符升天，雨从天而降，但只降于小区内。风雨过后，黑火熄灭，只剩袅袅白烟。求雨树，果然守墓人来了。我皱起了眉头，看着周围。不烧一会，守墓人从一棵树上钻出，然后来到了苏婷身边。他并没有看我，而是对着最近一栋楼高处大喊：“狐仙，苏家的内室，咱们还是别插手了吧。”狐仙也现了身，飘于高楼之顶。 犹如将士之神，一袭白色古裙被风呼呼吹着，青丝飘起，颜如仙。呵 <laughs>，老匹夫，少在这里放屁！如果苏婷快被打死，你会不出手救？你要是不想管，你就不会来。之前还答应了我徒儿不再管，为何又来做帮凶？事情是怎么样的？你比谁都清楚。狐仙不甘示弱，直接回怼了几句。守墓人的话让他感到好笑。守墓人眯了下眼，并未有太大情绪，只是注视着狐仙，继续说道。 狐仙，这世上的事情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想要稳定一个世家，有时候需要牺牲很多东西。我也是尽个人情。那你放什么屁？直接来就是了。今天看看谁本事大。你们以多欺少，我又何尝有过半句不是？狐仙直接把话撂明：要打就打，别扯其他的。谁生谁死，各凭本事。其他的全是放屁。人类本质就是假惺惺的生物。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守墓人双指竖起，狂风乱吹，灵符于指尖燃烧。 一道咒灵直接打向了狐仙，天罡掌，守墓人大吼一声，天地为之变色，周围飞沙走石，地面开裂，福会金枪想要贯穿狐仙的身体，狐仙画出石尾，无数的灵气喷涌而出，掌心齐聚灵力，也一掌打下，两掌对轰，力量碰撞，火花四溅，周围一切都被摧残着。轰的一声，两人分别弹开，一道爆炎炸穿了地面，空气全是白烟，守墓人浑身是力，青筋暴起。 手如雷霆，徒手继续轰向了狐仙。狐仙不甘示弱，面对守墓人，他也不敢留力，十条尾巴猛抽而去，发出恐怖的呼呼声。守墓人双手挥挡，十条巨大的尾巴居然无法伤及皮毛，筋骨横练万千，拥有金刚不坏之身，双掌握五行，以雷霆之势将十条尾巴硬生生还了回去，力量反推，狐仙滑地而行。为了稳住身体，只能化作巨狐。砰的一声，双足踏裂地面，尘土飞扬，灵气将守墓人震飞了出去。 吼、哦！巨大的虎叫震慑天地，狂风乱卷，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血盆大口吼天一叫，百道灵气如飞天巨石，纷纷朝着地面而落。快闭<避>！守墓人连忙挥手驱散人群。嗖嗖嗖几声，区域内的人瞬间不见了。守墓人独自面对犹如下雨般的灵气，砰的一声，直接爆衣。虽然已老，但还是有一身结实的肌肉，筋骨凸起，犹如钢铁，浑身都皱纹，身体仿佛镀了道祖一样。 他混元双掌朝天一打，天罡之气万千，犹如千层屏障罩,罩了起来。力量对决，发出一声声震吼，最后两方力量相抵消，消失不见。两人各败十几步，踏地而稳，立身于天地之间，气势浑厚磅,磅礴，万人站于旁，仿佛蝼蚁般渺小。一个十尾天狐，一个三花聚顶，武器朝元的终极高手，打起来的瞬间感觉要毁天灭地，而且暂时不相上下，估计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这时候，苏婷不理会他们。 只要守墓人缠住狐仙即可，他找守墓人来，估计就是这个目的。其他人再次将我围起来，很简单，让狐仙跟守墓人打，他们杀我就行。以守墓人的本事，狐仙占不到便宜，更别说救我了。一切又回到了开始时候的劣势。我皱了下眉头，心里直犯嘀咕：守墓人该发现了吧？到现在还没有反应吗？是没去到还是怎么？苏婷怕夜长梦多，居然站了出来，带头道：“苏阳，看来我不亲自动手，一时之间是杀不了你了。” 我冷哼了一声，没有回他话，手里摸了一下怀中的黑葫芦。苏婷也上的话，得用老本了，不然真心扛不住。到时候女多顶一会是一会，其他的听天由命。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守墓人停手了，然后大叫了一声“不好”，神情极其凝重。其他人一听，立马停住身子，望向了他。刚刚打，不会就要输给狐仙了吧？我发出了阴冷的笑声。其他人不知道，但我却明白怎么回事。这老家伙终于感应到了，还是诸葛恪聪明，留了一手对付守墓人。 一旦他走，这苏家别说一万人，两万也未必留得住我。狐仙有大能，天狐不跟你开玩笑的。叔父何事惊慌？这狐仙你对付不了吗？苏婷怕有变故，比守墓人都紧张，她全靠守墓人了。可守墓人却摇了摇头：“不是，是苏家的陵墓有变故。”苏婷一听，脸色都变了，举全族之威来杀我。现在苏家哪里还有人？更别说苏家祖先的墓了。是谁？苏婷立马问道：“一只僵尸。” 一只活了很久的僵尸，臭小子，你可真阴险啊！守墓人咬牙切齿，恨恨地看着我，已经知道是我搞的鬼。臭小子，你是人渣吗？连祖先的墓都搞，不把你五马分尸都对不起苏家的列祖列宗。苏婷见机，连忙又给我扣一项罪名，反正不放过任何能踩我的机会。可我却一脸无辜地说道：“苏婷，你可别冤枉老子，有证据吗？就说是我。我对列祖列宗无比的尊敬，日月可见，真是天地良心。” 你冤枉我，才要下地狱。唐道靠你了，把苏家的墓给老子砸了！我看你这老头回不回去。一个守墓人学人家打群架，你特么的是不是有点越职了？还不给老子滚回去！以京都跟这个城市的距离，除了守墓人，估计其他人都赶不上趟了。苏婷紧张了起来，连忙说道：“叔父，你不是有个小徒孙在那里吗？应该能撑得住。咱们尽快收拾他们，然后你再回去。”可守墓人却摇了摇头。 不行，那僵尸不简单，是江晨亲自咬的二代血脉，恐怕我的小徒孙不是他对手。苏婷脸一下子就黑了，守墓人一走，他就杀不了我了，自然不高兴。可守墓人却突然对我笑了起来，我有些不解，忙问他为何发笑。这老头是不是有病？守墓人冷哼道：“臭小子，耍阴招耍到我这里来了，你以为能难倒我吗？你想阴我，还不够格。”话音一落。 他立马掏出了一张稀有的金符，以血驱咒，灵光一闪，金符居然化成了和他一模一样的分身了。符分身，还是用金符所化？这老头想干什么？只见守墓人手诀一掐，大喊一声去，那符分身立马飞了起来。他跟纸一样轻，漂浮在空中，飞身而去，速度极其快。哼，我这符分身一小时便可回到墓前，加上我那小徒孙，你所指使的僵尸便无法入侵。他恐怕连我分身都破不了。 我那小徒孙死守一个小时，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分身足以解决你的阴谋诡计。守墓人说完后，福分身已不见。三花聚顶，武器朝原是最高境界，他的福分身也是恐怖异常。唐刀真可能打不过这老不死的玩意，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小看他了。这样一来，诸葛恪的计谋就被破了，我们支不走守墓人。叔父高明，苏婷竖起了拇指称赞着，刚才吓出了一头冷汗，以为守墓人要走了，这样狐仙还有可能万军从中反杀他。 他当然有点虚，别废话了，我继续对付狐仙，你们也赶快吧。守墓人重新杀向狐仙，而计划泡汤后，狐仙也只能继续跟守墓人拼命，两方又开始对打了起来。四周崩裂，火花四溅，花草树木皆折腰，残破不堪，掉落满地。这个小区已经废了，没有一处是好的。庞大的狐尾一扫就是一栋楼。守墓人面对这么强大的肉身和灵气，居然不落于下风，真是本事超群。短时间内，狐仙绝对无法和他分出胜负。 这时候，苏婷踩着枯木断枝朝我一步一步走来，其他人也带着杀气将我四面八方围住，想要逃简直比登天还难。杀！苏婷一声暴喊，周围的人再次杀来。苏婷首当其冲，双拳以爆裂之势，想要将我打得尸首分离。这老家伙比之前强了不少，无论是吐息、速度、力道，全部都上了一个档次。可能是他吞噬了女娲石的缘故。紧跟他身后的还有无数刀枪棍棒、法器乱飞，人如潮水。 这回我已经没得藏了，连忙一摔葫芦，大喝一声：“出来吧，吃光他们！”十道黑气从葫芦口喷涌而出，继而冲天而起，十只鬼王瞬间现身，鬼气遮天，气势磅礴，恐怖至极。鬼王，而且是十只！众人皆惊呼，仰头看着身形庞大的十只恐怖鬼物。这臭小子怎么会有十只鬼王？比鬼夜还厉害！苏婷臭骂了一句，然后一记雷咒轰在了巨大鬼王伸下来的手上。 雷印震慑，将鬼王轰退了几尺，随后大喝：“斩鬼王！不要虚！他们好像出生没多久。”苏婷话音一落，众人立马结印，然后无数法阵形成，纷纷施压于十只鬼王。法器黄符乱飞，法力如一张张大网，想要将十只鬼王降住诛杀。可鬼王也不是吃素的，鬼气一吐，地面崩塌，周围空气都仿佛带刺一样。巨大的鬼体一抓，抓到的人立马放入血盆大口，然后嚼得稀巴烂再吞掉，血进咽喉，好不痛快。 可苏家厉害者也不少，雷木剑几把瞬间穿透鬼王身体，将其钉在地上。黄符加持，直接在鬼王身上轰炸了起来，法器噼里啪啦的响，打得极其激烈。鬼王狂暴了起来，杀了不少人，但他们也被打得受损，寸步难行，甚至被斩掉了手脚的也有。这时候趁乱之际，他们没有太多时间顾及我。斩下几个人后，带血的蛟龙刃直接指向了苏婷。来，我们两个单独练练。上次让你跑了，这次我看斩了你的狗头后。 他是不是还一样能活？苏婷冷哼道：“没有狐仙，你还有本事杀我吗？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话音一落，苏婷已经拔剑，直接斩向了我。人群中与我单挑，而其他人大部分都去对付鬼王了。十个鬼王可不少了，不杀了他们吃不消，因为已经有一些人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了。鬼王带来的死亡威胁比我大，还恐怖，他们只能优先攻击鬼王。苏婷剑锋极其狠，剑剑朝我要害斩，剑影生火，脚踏地面。 呼呼生风，杀气如山，全部朝我扑面而来。我连忙举起蛟龙刃抵挡，身有盘古力的我也并不示弱。尽管他比我大非常多，可我身上的挂不少。苏婷就算有女娲石，恐怕也很难一时之间将我杀死。挥挡摆剑，我开始游手为攻，蛟龙顺斩，发出一声龙吟后，寒光升起。苏婷突然五指生铁，剑挡我刀，一铁掌带雷轰于我身。可我硬挺住了，只是吐出了一口浊气，屹立不倒，身稳不退。 强悍如山，不可能硬吃我一掌，居然毫无反应。苏婷有些惊讶，他不知道我身穿神羽内甲，他一掌我根本毫发无损。他一掌，我自然还他一拳。右手刀被挡，左手便冲拳，直接击中他下颚。我运盘鼓励于拳心，直接将他打得倒飞了出去。他落地滑行无耻，嘴角流血，有些狼狈。家主被打了，看着震惊，人瞬间懵了。堂堂苏家的家主。 人称暴君的苏婷居然被二十多岁的我打了，这一拳打得他们目瞪口呆。苏婷，你个人渣！这一拳是给白灵打的。苏婷狼狈起身，然后擦了擦嘴角的血。臭小子，穿了什么厉害的内甲是吗？真有你的，什么都有，不愧是麒麟之子，气运庞大。少废话，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别藏着掖着了，我知道你没出全力。今晚我们战个痛快。好，好，哈哈，我倒要看看没有狐仙的你怎么赢我。 苏婷抱起手中的剑，突然浮现了许多皱纹，雷霆缠绕其身，古怪异常。这是一把石剑，而且刻满了雷咒。依我看，应该是雷击石或者天外陨石所打造，不然石剑根本吃不消我的蛟龙刃，而且还带雷。苏婷来真的了，十二圣符朝我袭来，我也打出十二圣符，遇到则碰撞，然后爆出火花。苏婷剑如雷霆，再次劈向了我。我挥刀抵挡，龙吟一笑，刀气猛扑。可是苏婷的剑不甘示弱，居然将刀气全部电没了。 剑化五雷，轰顶而来，极其迅猛。苏婷这种老狐狸，战斗经验丰富，知道我身穿内甲，已经不再攻我上身。我连忙躲避，退后一尺。苏婷回剑，无数黄符落下，天旋地转，五行交缠，无数的雷霆咆哮。苏婷剑带着恐怖的力量，直指我喉咙，不给我任何的喘息机会。我力劈五行，刀挡十剑，交锋三十多个回合后，苏婷剑如天雷，展出了可怕的一击，同时三圣符朝我轰来。 轰的一声巨响，我被劈的后退了几步。三圣符如三尊神像朝我身体压来，我手捻兰花，将三圣符打得粉碎。蛟龙刃爆裂，刀气横斩一切。我运用了所有的盘古之力，将空气都展开了一样。苏婷不甘示弱，石剑一挡，周围狂风大起，力量如涟漪一样回荡着。一刀一剑，使用了全部的力量对抗着。只见虚影渐显，仿佛盘古与女娲对天而起，互相抗衡。轰！暴力炸开，两人都吐出了一口血。 然后飞了出去，重重摔于地上。这老逼灯果然吸收了两块女娲之石，实力已经远超叶无涯他们了。不然的话，他不是我对手。我要是没有吸收一部分的盘古之力，估计今晚输的就是我。苏婷没有站起来比我快，但他人多，我们同时受伤，受益的就是他。几个人朝我杀来，而且手段并不光彩，无数毒灰洒向了我的眼睛。我连忙举臂挡住了身前，眼睛下意识扭了一下。那几人连忙趁机会朝我招呼了几下，刀割脖子，剑刺后脑。 明器暗器一起来，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没有那么容易被他们得手。刀一晃，迅捷无比，几天应声倒地，头颅滚在地上，血染青天。可苏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我身前，一剑斩于我额中，想要将我切成两半。剑刃闪光，雷霆万钧，十剑发出了悲鸣一样。我刚刚杀完人抽身，有点应接不暇，手忙脚乱的用刀挡了一下十剑，可苏婷这一剑却重达千斤，压得我有点猝不及防，单膝跪地，砸出了凹洞。 怎么回事？他这个剑怎么突然变重了？阴阳掌，随即而来的又是一掌。可苏婷已经学聪明了，不打我上半身，一掌打在了我的腿上。啪的一声，我腿好像骨折一样，瞬间坐在了地上，疼痛无比。后面无数的人袭来，纷纷插剑于我身。幸亏他们不知道，全部都被神羽内甲给挡了。我这时候突然晃动刀刃，直接撤掉了刀，而石剑则由左手徒手抓住。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苏婷大喝一声，立马转动石剑的锋刃。就算是石剑，也依然可以将人的手指给割下来，集其力。可是他的剑根本无法做到，只是在我的手里转了一圈。怎么回事？剑力被卸掉了？苏婷大惊，还以为可以再废我一只手，没想到失败了。苏婷，这一下是黑桃的！我大喝一声，蛟龙刃直接斩入了苏婷的身体。扑哧一声，他躲闪不及，已经跟我近身了，直接被蛟龙刃穿过了身体，从后背透了过去。 苏婷，死吧！臭小子，想杀我没有那么容易！苏婷鲜血狂喷，刀入体后，她一掌推开了我，然后胸膛一挺，直接将刀逼了出来。刀旋转落地，插入地面。我连忙拔刀而起，擦拭着嘴角的血。脚虽然剧痛无比，但也还能行走。你死定了！就算逼出刀，我这把龙刃也会继续破坏着你的身体。我话音刚落，苏婷就发出一声闷哼，顿时血肉模糊。 好像后续依然有东西穿透着他的身体一样，将其打得鲜血淋漓，伤痕累累。这就是蛟龙刃，身中其刀，痛苦万分。扑通一声，苏婷跪倒在了地上，口吐鲜血，整个人脸色苍白，虚弱无比。而我也被他所伤，吐出几口鲜血。虽然没有他伤的重，可他人多，我受伤等于死亡，他们会将我围攻致死。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苏婷的身体发出一阵黑光，然后血液凝固，伤口愈合，渐渐的恢复到了八成原始状态。 皮肉新生，瞬间康复了一样。这一刹那确实有女娲石的力量，因为我跟女娲后人也交过手，这种力量很熟悉。我猜应该就是女娲石。可是不单单只有女娲石的力量，还有一股极其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两股力量并不相容，但却同时治疗着苏婷的伤口。这估计就是她为什么头都没有还可以复活的原因吗？这股力量让我想到了一个字：魔。可笑，苏家的家主堕入魔道了。他找女娲石是为了修炼魔道吗？他。 现在是人还是魔？如果是人的话，不可能还活着，早就应该死在黄河神宫里面了。他突然双眼猩红，一道闪光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惊讶未消，已经被他先一步掐住了脖子，然后以万重力提了起来。他手一挥，石剑如磁铁一样自动回到了他的手中。他不但好了，还变强了一样，例如千钧，浑身都生黑烟，手提石剑如恐怖修罗。苏阳，你赢不了我的，因为你根本杀不死我，而你则会死于我的剑下。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苏婷杀了白灵和黑桃，居然是为了修魔。堕入魔道虽然很厉害，但已经化正为邪，靠着魔修和女娲石的力量，虽然能让生命力更顽强和直接恢复躯体，但是已经成了邪力，怎配做苏家的家主？苏婷，你在玩火！你这是自掉身价！我大喝一声，扭动身体之际，双手混元而立，一股阴阳之力扭转乾坤，手中好像持有万物，一阴一阳，一乾一坤，一黑一白，太极之道，阴柔并济。 苏婷本来想用所有的力量掐断我脖子，可是受发之力居然被我全部给卸掉了。她仿佛掐住了空气一样，怎么回事？你小子到底学了什么？苏婷露出不解之色，自己的力量仿佛被吞噬掉了一样，化为了虚无，形成了空气。阴阳太极，我凌空一脚踢飞了他，落地双手展开，双脚错踏，清风徐来，周围好像席卷成了一个八卦。脚踏两点，本来这是我最后的杀招，现在用出来并不算好事。 八大财团的人还没露头，我是打算用来对付假张三丰的。阴阳两丹给我的力量极其大，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苏婷堕入魔道，拥有了女娲石的力量，加上魔体，我很难短时间内杀了他。周围的苏家子弟不断偷袭，再不用就没有机会了。我必须尽快取胜。这时候，我看向了狐仙那边，他跟守墓人难分胜负，打得极其火热。周围的建筑物和花草树木全部坍塌毁坏，他那边也出了状况。本来按计划是用佛莲的火对付守墓人。 再加上狐仙，基本上是稳了。但没想到守墓人一场求雨，将火直接灭了。老天灭邪有三宝：天雨、天火、天雷。世人只知天雷、天火，因为火和雷都可对人造成极其大的伤害，所以凡人和鬼妖之物皆畏惧。可天雨降生，除了滋润万物，亦可浇灭万般邪火。天之威可灭万邪，降世之物皆不可能为凡物与常见，世人不惧。之前火男杀农情和无道大叔，我跟金天命、青帝等人去营救。 我们逃跑的时候天下大雨，后来他就不追了。那时候其实已经大概猜到，这王八犊子应该是怕天雨或者天雷，可当时并不确定。注：之前早就埋下伏笔，火男怕雨了。本来天雨就克邪火，一天到晚只会叫短短短。我就算一张写一个字你也看不明白。本来剧情直接过的，又要回头给你解释。六家军有你真丢脸，还一场小小的雨。历史上有几个能真正求到天域的？用屁股扣键盘。 可求真正的天域并不容易，时间长，甚至需要祭品，至少需要三到七天，而且道恒必须高，不然老天给你个鸟面子降雨。守墓人确实牛批，秒求雨，三花聚顶，五器朝元，这是道教最高境界。要是玄幻里，这都是极品金仙级别。现实世界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能修到这样的修为，用的术法绝对是最高顶级。求雨确实可以信手拈来，如果不是狐仙，估计没几个人打得过他。狐仙估计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我自己。苏婷如果是魔体。 那必定是至强至刚，阴阳无极对付他最佳。可我跟他拼到这种程度，后面八大财团的人如果趁虚而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苏婷见我有点不对劲，人立刻警惕了起来。阴阳太极虽然也算比较常见，但他从来没有见我用过，而且刚才的厉害他也尝过了。他就算是魔体，也掐不断我的脖子。上！苏婷极其狡猾，连忙指挥其他子弟上，九把法器立马联动，如九星一样朝我袭来，金光闪烁。 浮力乱飞，苏家的人也并不简单。可我扭动乾坤，一开一合，掌心立阴阳，身体两股力量犹如漩涡，一吸一弹，一挥一发，九力被我直接合一牵引，全部力量卸去，然后一掌弹去，九人全部跟风筝一样飞了出去，倒地吐血。他们的力量反弹，打得他们自己落花流水，牙血崩满地，哀嚎声一片。卧槽，这么屌！我看着自己的双手，感觉不可思议。虽然大部分都是体内的玉丹在作用。 但那种感觉我已经非常熟悉，只是第一次实战，感觉很不可思议。也终于明白张三丰那天晚上为什么可以卸去叶寒衣的剑气了。此法除非绝对力量压制，不然的话极其难破。我虽然练了没多久，但是玉丹加持，体内的阴阳之力非常大，直接比其他人领先二十个版本。你们这群人睁开狗眼看看，你们所谓的家主现在变成了什么鬼样子？我打倒他们以后，怒斥一声，想要揭开苏婷的堕魔真相。这就是他们的家主。 他们看向了苏婷，一脸疑惑，不是对苏婷有疑惑，而是对我的话有疑惑。没什么变化、啊，没变化，我擦了，好像还真没什么大的变化。这家伙不是堕魔了吗？怎么不得是披头散发、面目狰狞、双眼猩红？怎么看起来不像魔呀、啊？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老家伙怎么回事？哼，臭小子，少在这里妖言惑众，老夫倒要试试你的阴阳之力有多厉害。苏婷说完后。 再次对我发起进攻，十剑力劈华山，力量十分恐怖。而且我感觉他的身体比刚才更加强悍了，双手好像变成了黑铁一样。可一点用没有，在我面前，一切力量都形同虚设。阴阳扭动，乾坤运行，十剑仿佛软绵绵的某样东西，落到我身上一点力量没有。我一个铁山靠，将苏婷撞飞了出去。双掌如八卦，轰飞了他八尺，灰尘大起。苏婷口吐鲜血，在地上狼狈地攀爬着。我浑身的力量都在身体运转加持着。 苏婷就算再强，也无法伤我半分。我跟她的实力本来就差不了多少，太极刚刚好克制她最狂暴、最阳光的魔体。就算是女娲石，我也有盘古力。你什么引我飞来的刀枪棍棒，我也以旋风卷之，一一归还。什么鬼术这么厉害？不可能！苏婷吐出了几口血沫子，她自认打不死而已。你再给老子分尸，我直接喂鬼王。我看你个王八蛋死不死！太极阴阳，想学吗？我教你啊。 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他轻蔑的说道：“太极，师承何处？你怎么会这个？”苏婷不解：“这个会的人不少，哪有人这么厉害的？”张三丰，张三丰，你在逗我吗？他都死多少年了？”苏婷冷哼一声，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再次袭来。这家伙是真顽强。苏家家主名不虚传，可无论他再怎么挣扎，只是多挨一顿打罢了。胜负已定，他赢不了我。其他人配合他，也完全招架不住。 反而那边被鬼王钻了空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既然你要找死，我成全你。他现在这个情况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带人撤退即可。可他不甘心在苏家人前丢了面子，势必要找回来，不杀了我誓不罢休。我阴阳开合，掌权化太极，身法阴柔并济，乾坤念心中。来吧，暴君魔主！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轰的一声，守墓人居然跟飞弹一样飞了过来，狠狠砸入地面，周围爆裂，尘土飞扬。 无数的灵气犹如飞剑，直入守墓人之身。可守墓人青筋暴起，直接以倒立将灵法尽数破碎。可他单手趴在地上，眼望天空中散开的巨大石尾，尽显狼狈。平衡被打破了，石尾天狐赢了守墓人，众人皆惊，目瞪口呆。我也有些惊讶，以守墓人的本事，不至于这么快落入下风，而且还这么狼狈。不管他们最后谁输谁赢，肯定都得是精疲力尽之时，生死最后一搏。可现在并没有，划开的地痕将我跟苏婷分开。 两人也立马停手了，守墓人砸入地里，落在我们中间。天上灵气如星空，璀璨夺目，而守墓人好像气势弱了一点，被压制了。苏婷好像看出了什么，连忙问道：“叔父为何分神？如若不是心不在焉，不可能对付不了天狐。”守墓人没有回答苏婷的话，而是暴怒的眼睛突然瞪向了我：“臭小子，还有后手阴我！”啊！我皱了皱眉头，一脸懵逼，不知道守墓人说的什么话。我还有后手阴他？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没有了呀。叔父，你到底在说什么？苏婷极其焦急，跟我一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苏家陵墓被人搞了，守墓人一句话犹如天雷般炸于他人之耳。不是说这件事有多么惊讶，而是守墓人失算了。此等高人怎么会算错？这件事可是至关重要的。苏婷不敢相信地摇着头。叔父不是说一个分身加你的徒孙，可对付那僵尸吗？怎么会陵墓失守？你怎可算错这种事？不。 不止一只僵尸，还有一只半僵。守墓人依然恨恨的看着我，仿佛我后手阴了他一下。半僵，苏婷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守墓人站了起来，点了点头，肯定苏婷的想法。没错，就是从我们手中逃走的柳希林。柳希林，可你怎么没算出来他？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出来去破坏陵墓的？苏婷极其不解。赊刀人乃预言之子，柳希林在这方面并不弱。以我现在离京都的距离。 他可以完美避免我的预算。守墓人攥紧拳头，恨得牙痒痒的。这回家是要被偷的，裤衩都不剩了。柳希林家唐刀，他那拿着大铁锤的小徒孙，就算在家的福分身也是白搭。柳希林估计一个人都能拿捏他们了。而且柳希林快速破守墓人的分身都有可能，离得又那么远。天助我也！我是完全没有找柳希林帮忙的。可苏婷来小区杀他，柳希林自然不爽，横插一脚，让守墓人不知所措。这就是所谓的人和，他们不应该惹其他人。 因为别人本来就是无辜的，叔父，既然如此，你回去也来不及了。先不管其他的，专心对付狐仙。林木可在修，这都不是事。苏婷连忙安慰守墓人，不然事情就糟糕了。打死他也想不到会出这样的意外。哈哈哈！我突然狂笑了起来，笑得撕心裂肺，哈喇子都流了出来。讽刺的嘲笑让守墓人勃然大怒，火冒三丈。臭小子，你笑什么？守墓人大喝道。我撇了撇嘴，继续嘲笑道。 哈哈，从出场到现在连个名字都没有，就叫守墓人。结果呢？哈哈，连特么墓也没守住，守墓人，哈哈哈，笑死我了！还三花聚顶，我看你是三花蛋奶。你赶紧回家去，别给道家丢脸了，行不行？此番嘲讽之言一出，守墓人青筋暴起，差点高血压都给我气出来了。叔父，别管他，他故意激你的。苏婷见状不对，连忙拦着守墓人：“滚开！”守墓人大怒。 直接推开了苏婷，然后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臭小子，敢小看老夫！老夫当年许下承诺，答应了苏家祖先守墓，就一定能守住。区区柳溪林，怎敢坏我之职？老夫现在就回去。”守墓人火力全开，运功于腿，想要极限赶回去。柳溪林如果敢继续破坏陵墓，给他回去逮住，那肯定是五马分尸。所以他现在回去还是有震慑的效果，大概率可以保住。柳溪林也怕他，而且以他的实力，估计赶回去不用太久。叔父，不可，你回去。 那我怎么办？苏婷有些慌了。滚开，你自己看着办，我不可能保你一世。守墓人如果失约，那真是对不起苏家的列祖列宗。说白了，他现在自己都顾不上，怎么可能顾得上苏婷？苏婷拦都拦不住，直接被他推开，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而且是瞬间没影那种。守墓人太恐怖了，幸亏狐仙修出了石尾，不然我们师徒今晚都要葬身于此。当然了，最该感谢的还得是柳希林，苏婷实在太狠了，一个活口都不想留，结果惹了别人。 苏阳，苏婷攥紧拳头看着我，可也只是无能狂怒了。可是话音一落，万道灵气如星般降临，犹如恐怖的流星雨。苏婷终于明白，守墓人替他抵挡了多少。轰的一声，他被灵气淹没，瞬间地面大爆，冲天起的烟气，周围一片虚无，大坑出现了陨石坠一样，无数爆炸声响起。苏婷虽苦苦抵挡，可却力不从心，犹如被无数炮弹轰炸一样。一声虎吼震天动地，风云巨变，庞大的身形低头看人，宛如看蝼蚁。 十条尾巴狂暴地挥舞着，这就是石尾，这就是天狐。废墟中大烟萦绕，灰尘滚滚，一老人屹立于天地间，滚烫的热血落于深坑中。苏婷抬头看着我和狐仙，满脸是血，奄奄一息的她居然笑了起来，没有丝毫惧,惧怕。呵呵呵，厉害啊，小子！苏胜能看到你这么能干，应该很高兴吧？小狐狸，老子当年就应该杀了你，夺走苏胜的人皮，让你上昆仑山吸收灵气，修出石尾。 是我苏婷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不过啊，苏阳，你杀了我，灭了苏家，一辈子都要背负灭全族之罪，这在阴阳界可是罪无可恕了。灭族灭宗，不管你走到哪，都是被冷眼之人。还有你的父母、你二叔，全都要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你的后代、后后代，来吧，苏阳，来欺师灭祖，杀害亲族吧，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比我更狠、更狂暴。苏婷双手展开，已然不做抵抗。 对我咆哮着，一副冷笑的模样。保护家主，有吾等在，岂可让家主先死？想要伤家主性命，必先踏过我们的身体。叛徒，联合狐妖残害同族，你爷爷苏胜在泉下有知吗？真替苏胜蒙羞！哼，你流着苏家的血，却要屠苏家的人，死叛徒！我诅咒你不得好死！五雷轰顶，杀亲族，破祖墓，你真是孝顺！我看你几时遭报应？这世上有人能容你？ 众人纷纷口诛笔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我。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将苏婷围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最强的防御阵，将苏婷护在最中间。虽然人已经死了三分之一，但人数也着实不少。杀完剩下的人，也算触目惊心了。人在家主在，想杀苏婷，必须踏过他们的尸体。苏家一条心，与家主共进退。这时候，狐仙看向了我，仿佛也犯难了，所以在征求我的意见。屠全族不是小事，就算可以屠，也得有一颗非常狠的心，要有帝王之志。 历史上为了皇位屠杀同族人的皇帝不少，可这些人并不饿，让他们给苏婷陪葬，是不是太便宜苏婷了？我要他众叛亲离。哼 <laughs>，苏婷，你可真会歪曲事实。大家抬头看看天上的是什么？十尾天狐，不是什么狐妖。能修成正果的仙狐，怎么可能是邪恶的？既然站在我这边，我就不可能是恶人。我对着众人说道。可苏婷却冷笑道：“苏阳，这你都还想洗白？你想谋杀家主，这谁不知道？” 你再看这满地的尸体，全都摆在眼前，你还想狡辩？苏婷，我是想杀你，这我承认，但我是自卫。你杀害女娲后人，夺取他们的女娲石，被我知道后想灭我的口，我只是自保而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今天死在这里的兄弟姐妹，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不是你，我们会对立，你才是苏家的千古罪人。我指着苏婷破口大骂，既然他拿苏家的所有鲜活生命当挡箭牌，那我只能揭穿他的真面目了。哈哈。 我杀了女娲后人，夺女娲石，你可真是会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苏婷有恃无恐，因为白灵和黑桃都死了，正所谓死无对证，她怕什么？当然有，苏婷，你是不是没想到还有一个人没死？谁？黑桃。我说完后，鼓掌几下，一道倩影落于我们面前。黑桃身材高挑，一眼就能认出来，而且她是女娲后人的大姐，经常与苏家往来。其实很多人认得出她。苏婷。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根本没死？我们女娲一族可是出了名的生命力旺盛。黑桃说道。苏婷眉头一皱：“不可能，你都被分尸了，怎么可能活着？你就算是神也没用。”我笑了起来：“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以后被分尸的？”“呵呵。”其实黑桃的尸体只有八大财团的人见到了，然后就被火化。苏婷不是凶手，他怎么知道的？苏婷，这别这又那的了。苏婷，你可真是个恶人。 黑桃勃然大怒：“你杀了我妹妹，夺走了她体内的女娲石，幸亏我逃掉了。可你依然没有放过我，追到黄河神宫，又是继续追杀我。幸亏我装死，不然的话，我也难逃一劫。”这时候，我举起双手说道：“大家听见了？现在女娲后人亲自出来指认了。苏婷为了女娲石，狠心屠杀了跟我们苏家合作多事的女娲后人，这简直人面兽心，畜生不如！女娲一族还跟我们是世交，为了一己私欲，滥杀无辜。我知道真相后，她想连我也杀，所以我才奋起反抗。” 这时候，众人都看向了苏婷，内心开始动摇了，想听苏婷怎么解释。虽然还不足以给她判下罪行，不过女娲后人的身份，能让许多苏家人开始起了疑心。苏婷突然笑了起来，哈哈，真搞笑！别的先不说，你怎么证明她是女娲一族的黑桃？那你想怎么样证明？我朝苏婷问道。苏婷看了一下黑桃的双脚，让他变出蛇尾，女娲后人的专属身份，不然就别在这冒充女娲一族了。我突然愣住了。 心中咯噔了一声，苏婷这老狐狸太奸诈了。他明知黑桃早已死，所以百分百确定这个不是黑桃，这个确实不是，是千面如来变的，都是诸葛恪的计划。这种情形能让苏婷众叛亲离最好，至少没人保他，杀他就轻松了。可他突如其来的一招让我感到窒息。千面如来只是能变成一样的人，女娲一族特有的人身蛇尾怎么变？完了，要穿帮了吗？变啊！怎么不变？愣着干什么？ 黑桃变身应该信手拈来，随便变了吧，不会是假的吧？把我们当猴耍呢？变身啊！大家纷纷叫了起来，开始怀疑黑桃的身份，而苏婷则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这时候，黑桃却突然说道：“我要是显出女娲真身，又当如何说？”苏婷立即答道：“你要是可以，我就当你所说之言不假；不然的话，你们就给我滚！”真的，黑桃早就死了，苏婷必然赢定，他怎会怕？好。 黑桃居然答应了，我愣住了。千面如来，你是不是耍我？报复老子是不是？黑桃点头答应。不止我，苏婷也是有些疑惑。黑桃肯定是死了，那这个黑桃肯定是冒充伪装的。他凭什么变成女娲后人的真身？可是事情反转的太快了。只见一道白光过后，黑桃居然真变了。他化成了蛇尾人身，直接变出了女娲真身，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真的黑桃，我就是女娲后人。谁敢说？ 我是假冒的，苏婷，你杀我妹，又想杀我，就为了夺取女娲石，你就是畜生！我们跟苏家世交多少年了，你还是人吗？黑桃直接对着苏婷就是一阵怒骂。苏婷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刚才他自己也夸下海口了，只要黑桃能变身，那就当黑桃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我又惊又喜，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其实心底早就已经内牛满面。千面如来，我苏阳愿奉你为最强舔狗，没有之一。 请接受我的膜拜吧，这太厉害了，不可能，绝无可能！苏婷不停的摇着头，黑桃都给分尸成那样了，怎么可能不死？假的，把他皮扒下来，我不信！可这次不等我开口，其他的苏家人却全部面向了他，一副我逼供的模样。苏婷暴戾之气立马上了眉眼，然后吼道：“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吗？相信外人不相信自己的家主。”这时候几个年纪比较大的，有点一身正气。 他们齐齐不甘示弱地问道：“家主息怒，我们只是想问清事情的真相。你到底有没有杀女娲后人？有没有夺女娲石？请你如实回答。”苏婷这回有点骑虎难下了。现在情况根本不明朗，黑桃真真假假，而且她身负女娲石的力量，有可能会被发现。如果她说了没有，最后被证实有的话，那就真的下不来台了。不但有可能被废去家主之位，以后说的话也没有任何人会信。没有了诚信，也不会有威严。对，我杀了女娲后人，夺取了女娲石。 那又怎么样？我还不是为了苏家。女娲石会让我们再上一层楼，让苏家永垂不朽，永远屹立于风水界的顶端。阴阳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他们几个黄毛丫头有女娲石也没用，还不如给我，给我们苏家。你们什么眼神？我做错了吗？你们这些垃圾懂什么？我才是家主，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敢有意见？众人的眼神纷纷失去光芒，心中的神塌了。无论苏婷有多少正当理由杀女娲后人。 分尸夺取女娲时，那都是卑鄙的恶行。女娲后人跟苏家一直是合作关系，如此背后捅刀子，岂是正人君子所为？苏家是风水世家，斩妖除魔，一身正气。苏婷此番言辞根本无法说服众人，甚至让人所不齿。家主如此，苏家必遭横祸，这不是正道。众人心里比谁都清楚，大家都不是傻子。苏婷也是狗急跳墙了，居然想强震众人，可歪理根本没有人服。家主，那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 以此来增强自己。突然，一个年轻的苏家子弟说出了一句让众人震怒的话：“对啊，家主都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出卖、杀害同伴，以变强为主，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上？弱肉强食，管他什么正道不正道。”这句话好像一记耳光，狠狠的打了众人一巴掌。这样下去，苏家不是完了？这种家主怎么带大家走正道？还提发扬光大，不全都成为下九流就不错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苏流手动了一下，好像在发号施令，用的手指密语。三秒过后，那个说话的年轻苏家子弟立马人头落地了，血溅四方后，扑通一声，身体抽搐几下，倒在了地上。这就是苏流的暗杀步吗？扫了一眼，周围有那种戴着口罩或者半面面具、全面面具的狠人，他们一身杀气，跟其他的苏家子弟不太一样，更像那种阴人杀手，杀人无声无息，人头落地，估计死者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出手很准快。 苏流冷哼一声道：“胡言乱语者当诛，希望大家不要被人挑拨离间，乱了心智。谁才是苏家的主？大家搞搞清楚。再有这样者，一律杀。”苏流的杀鸡儆猴非常有效，仿佛一记重心锤砸到了众人天灵盖上，让他们瞬间忌惮了起来。给你定个罪名，然后杀了你，看谁敢当出头鸟，看谁敢质疑苏家的家主。而且刚才出手杀人的太快了，根本没人看得见。迫于苏家暗杀部的威力，其他人吓得冷汗直流，谁也不敢当出头鸟乱叫了。 不然，苏流使个眼色，他们就得被杀，而且还给定个名正言顺的罪名，说你扰乱军心，诽谤家主。你说你怎么办？苏婷欣慰的笑了，看着苏流倍加欣赏。生了两个废物儿子，一个圣母无用的女儿，可唯独苏流长得像她，狠辣，足智多谋，有野心，有本事。以后家主之位应该就是给他了，只有他能镇住这些人。没有苏流这个女儿，现在深受舆论风波又重伤的她，还无法解围。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把长剑扑哧一声，直接穿透了苏流的身体，从后背捅穿了肚子，带着血滴从剑尖上一点一点的滑落。对不起，姑姑，他给的太多了。黑夜中，苏命摘下了他的帽袍，露出了一口白牙。长剑被染红了，但却依然闪着寒光。苏流发出一声惨叫，嘴上鲜血喷涌。他看向了我，双眼带着不甘和幽怨。他好像明白是我，但是明白也没用了。苏命抽出了剑，鲜血洒在了地上。苏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然后倒地不起，鲜血染红了地面。他怎么都想不到，居然有苏家人敢偷袭杀他，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能被苏家的人杀，要杀也是杀苏婷吧。越是想不到，苏命杀他就越容易被阴死。虽然不甘，可只能下去跟阎王爷说了。这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看向了黑如铁的苏命，居然有人敢在这时候暗杀了家主之女，还是众目睽睽之下，当着众人的面。其他暗杀部的人立马大怒，想要给苏流报仇。 苏命简直罪大恶极，杀同胞，杀家主之女，杀了他，说不定还能立大功。可苏命却全然不惧，反而笑了出来。怎么，他杀其他人就可以，我杀他就不行？这所谓的皇族根本没把我这些所谓的平民放在眼里。人命如草芥，包括这个所谓的家主。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进来苏家的时候是爬着狗洞进来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一辈子都只是苏家的狗，都是流着苏家的血，凭什么他们能高人一等？ 我们问一句话就得被砍头，他们作恶就是为了苏家好。呵呵，兄弟们醒醒，苏家要改革了。苏婷不是民主，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他叫暴君。苏命大吼着，每句话字字震人心脾，让人目瞪口呆。苏婷这一血脉今晚要废了。苏命这小子可以哈，这钱花的真值，而且他多多少少对苏家有点怨气的，进来爬狗洞。 任务前扣至少一半，甚至更多。苏婷一脉的人，估计除了苏一峰，其他的都作威作福。苏命早看他们不爽了。苏一峰不是不作威作福，是太废物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苏命任务算完成了，还煽动了一场改革风暴，一点不慌。这小子精得跟贼一样。苏命的话煽动了每个人，因为他的话确实有道理。苏婷杀害女娲后人，剖尸强夺女娲时，简直就是邪恶至极，不符合苏家走正道的理念。 不止这个，他们一脉毫无人性，杀害同胞，总以高高在上的姿势压迫其他旁支。刚才那个年轻子弟只是说了一句话，直接被砍头了，现在尸体还热着，断头之尸触目惊心。此等家主何必拥护？就算不改革，也绝不同意苏婷再当家主，废了他，苏婷不配再当家主。我第一个举手喊了起来。他们所谓的贵族才多少人？我们平民人数几乎是他们的几十倍。 这可是全国的苏家人，数量极其多，但大部分都是旁支。苏婷今天的所作所为，直接惹众怒了，大家跟我喊了起来，并且不再拥护她。暗杀部的梦了、啊，本来想杀苏命的，没想到突然风向变了，居然面面相觑，后也跟着喊了起来。果然墙倒众人推，苏婷要完了！一群傻子！苏婷怒骂一句，轰的一声，直接一掌贯穿地面，然后落了下去，消失在众人视线中。刚才那个地方本来就被狐仙打了一个深坑。 所以离地底并不厚，下面是停车场。苏婷这老壁灯要跑路了，苏家的人不护他，还要废除他，这都是小事。我跟胡仙要杀他，他只能逃。呵呵，我看你怎么跑！我跟他一样打穿地面，直接落了下去。他很熟悉这个小区，我也很熟悉。下面是停车场，但一辆车都没有，空荡荡的。我挥了挥眼前的灰土，然后看向了周围，太空旷了，下面一辆车都没有。苏婷无处藏身，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他，他伤得很重。 要不是修魔和女娲石狐仙那一下子，其实就能弄死他了。他拖着残躯，一点一点的向出口跑，速度并不快。地面一排一排血迹，都是他吐出来的。一代枭雄，何其狼狈！可他输了，今晚赢家是我。我不会说出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蠢话。我从来都不相信正义必胜这种骗小孩的话。我只不过是比苏婷更奸诈、更狡猾、更加阴辣。出去以后，所有的历史都是我苏阳书写，我想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时候。 我就是正义吧！我拖着蛟龙刃，故意与地面碰撞，发出呲呲呲的刺耳声，火花四溅，犹如在跟猎物玩耍一样。可苏婷重伤之躯根本不敌我，没几下就追到他身后了。他回头看着我，惊慌失措，跟见了鬼一样，拖着重伤之躯咬牙逃跑，狼狈至极。这时候，许多身影突然出现，居然是八大财团的人。金天命带着众人将我围了起来，挡住了我的去路。张三丰不愧是苏家的人，他也知道这个小区能掩藏起来。 不会被人发现。苏婷在上面，他在下面的停车场等你很久了。苏阳，跟我们回去，不然的话别怪我们。金天命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说着，然后所有人都搭了上来，想生擒我。大概有几十人，但以前都见过，在龙虎山有面熟过，个个都不弱。可我看都不看他们，眼中只有苏婷。而此时，一道灵气直接劈开了停车场，巨大我的虎爪冲击而下，金天命他们全部被震开了，恐怖的力量冲击的他们飞了起来。好强！ 石伟吗？今天命滑行落地，差点跪在了地上，被震得身体有点疼。其他人要么滚在了地上，要么被震得倒地不起。停车场一片狼狈，有人挡了几下，现在渣都找不到了。这么庞大的身形，这么强大的灵力，想挡太愚蠢了。滚，不然死！天狐咆哮，周围跟地震一样。精疲力尽又重伤的苏婷终于站不住了，摔倒在了地上。我越过众人，终于来到了他的面前，如同一个满身煞气的刽子手。 苏婷满身血污地看着我，大口喘着气，身体极其虚弱，已经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他到极限了。我脚踢了一下刚才落在旁边的鬼剑，那是八大财团的人丢落。嗖的一声，剑道插在了他的面前。你是家主，你如果要体面，我就让你体面；你如果不想体面，我可以帮你体面。我挥舞着蛟龙刃，说着，然后再大喊一声：“苏阳，斗胆请家主赴死！”苏婷的嘴角抽搐了几下，眼神里满是怨恨。 可他已经无力回天，挣扎也没用。我果然没错，当年就应该杀了你，不应该留下你这个祸害。苏婷好像肠子都悔青了，她仰头回忆起往事，更加悔不当初。呵呵，是吗？那你为何不杀我呢？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我冷笑了起来。他要是能杀我，他会不杀？我可不相信。臭小子，你是谁我不知道，但你确实有麒麟之欲，不然你也活不到现在。你没出生的时候，我都弄不死你。 苏婷的话让我有点奇怪，他不知道我是谁？他是指我到底是不是傅长生吗？他当年不是也参与吗？空同意和江辰的约定，他为什么会不知道？我爷爷没告诉他吗？告诉我当年发生的一切，或许我能让你多活几秒。我用刀指着他，而周围的人虽然跃跃欲试，可却不敢近我身。胡威降临，他们有点害怕。哈哈，事到如今，我还怕你威胁？不过呀、啊，我可以跟你说，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苏婷提出了要求，说来听听。我说道：“放过苏浩，那是我们唯一的男丁血脉了。以你现在的本事，他也威胁不了你。”苏婷说道。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快说。”雷声轰轰，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男人撑着黑伞来到了一座大院中，然后咚咚咚的敲着大门。吱呀一声，门被打开了。男人收伞说道：“苏妍，你嫂子情况怎么样了？听说这么大雨？” 您来作甚？苏岩问道。苏婷甩了甩伞上的水，没事，来找你爸聊聊。你嫂子怀孕了吗？苏岩摇了摇头，不知道，爸没跟我们说。苏岩打开了门，让苏婷进来。两人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另外的屋子。推开门后，苏胜神色慌张的在算着什么。苏婷进来后，苏胜才把卦收了起来。这个屋子不止苏胜一个，还有他儿媳妇。本来儿媳妇跟家公一个房间不太合规矩，可苏家人都知道什么情况，所以没有介意。 这大风大雨的，你来干什么？苏胜没好气的说道。苏婷见苏妍走了，连忙关门说道：“能怀孕吗？”苏胜点了点头：“能，但过程很困难，逆天改命没想象中那么简单。”苏婷松了口气：“那还好，你儿子终于有后了，还得多谢江晨。多谢他干啥？他也只是想利用我们罢了。他要的是傅长生，我们在他眼里就是个工具人，不然我们现在凉了。”苏胜明显有些不爽。 轻声吐槽着，可苏婷却脸色一变，让他小声一点，万一给江晨听到，他们两个就得死了。好不容易捡回的命，容易吗？苏胜不耐烦地推着他，滚滚滚，看你这胆小样，我们死复长生就出不来了，怕什么？也是，空铜印呢？你不会真要把这东西打入未出生的孩子身体里吧？你这是卑鄙的浪费啊！咱们俩用不无敌了吗？苏婷连忙劝着，传言得空铜印者得天下，这要是被苏家双子拿到手。 苏家不得无敌了，你不懂，空铜印在咱们手里只会引来更多的杀戮。再说了，空铜印是江辰给傅长生的，咱们拿来用，他能乐意吗？苏胜跟苏婷的见解完全不一样，有些东西只会引起人更大的贪念。他不认为苏婷或者自己能够驾驭空铜印，人性是贪婪的，不要忘了，他们是两个人，而空铜印只有两个，除了自身，还有其他人的贪婪，江辰的委托。所以不管怎么样，空铜印绝不能落入自己口袋。苏婷只能无奈的撇撇嘴。 行吧，你打算怎么处理空铜印？苏胜长呼了一口气。空铜印乃空铜海不死龙族的守护神器，用它驱使出九条黑龙，再摆放一张棺材，九龙拉棺还是黑龙？苏婷有些惊讶，她丝毫不怀疑空铜印有这个能力，驱使九条黑龙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空铜海不死龙族的守护神器。可苏胜制造九龙拉棺干什么？这玩意可太厉害了！当然是黑龙，除了九龙拉棺，其他的都不行。苏胜自言自语说道。 苏胜，你想干嘛？你改命生孙，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苏听不解，连忙询问。他以为只是将空瞳印打入母胎，作为孩子的伴生神器，没想到苏胜玩这么大。这是魔怔了吗？废话，挡天雷啊！逆天改命不用挡天雷吗？你给我去挡啊！而且还是打入傅长生的魂，他不去投胎的，这是扰乱六道。三重天雷不用九龙拉棺怎么挡？苏胜没好气的骂道：“这苏婷问长问短就算了，还跟个愣头青一样。” 以为改命不用付出代价吗？不过苏婷人生正常，运气好，命好，没改过命不知道流程也正常。等等，我没听错吧？逆天改命，一重天雷扰乱六道，一重天雷，两重啊，哪来的三重天雷？苏婷不解。苏胜突然嘿嘿的笑了起来：“婷婷，我就知道你这王八蛋打小就聪明，再给你看个东西。”苏胜兴奋极了，像以前跟兄弟分享喜事一样，将苏婷拉到了儿媳妇跟前。 儿媳妇好像昏过去了，人没了知觉。苏胜掀开了她的衣服，露出了肚皮。只见苏胜儿媳妇的肚皮上好像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纹路，纹路不好辨认，但好像能组成一幅图案。苏婷一眼就能看出来了。麒麟胎，这求来的是天胎，麒麟之子。苏婷震惊，甚至有一瞬间说不出话来了，脸色一沉，眼里藏了一道光，凶光。麒麟之子，加上傅长生的魂，还有崆峒印驱使的九龙拉棺相护。 这个孩子一旦出生，必定制霸苏家。苏婷虽然跟苏胜好的同穿一条裤子，但苏家是有内外之分的。苏胜始终是旁支。苏胜虽然强，但忠心耿耿，对苏家没有半点野心。可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以后要是顺利出生，又颇有野心的话，苏婷这一脉何人能挡？别忘了，他还有个江辰。到时候，苏家王位必定得夺，苏家甚至会分崩离析，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不行，这个孩子不能出生。 绝对不能，对他们内视威胁太大了。不过苏婷并不着急，苏胜太兴奋了，兴奋的忘记了很多很多细节。这事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苏胜还以为苏婷为自己高兴，连忙嘿嘿笑道：“算你小子有眼光，老子的孙子比你孙子牛批。不过你放心，咱们这交情，我肯定让我孙子护你孙子周全，百年春秋。咱们不用无敌，但咱们孙子可以无敌。你说是不是？”苏胜本来只是跟平时一样调侃着，但苏婷嘴角却抽搐了一下。 只当苏胜在炫耀，满脑子都是那句“我孙子比你孙子牛批”，他心中顿时杀意更盛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但他明白，这个孩子一定不能出声。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苏胜发现了苏婷突然有点不对劲了。没什么，就是你怎么求的天胎啊？用了什么法子吗？你本来没孙子的，逆天改命有一个都不错了，还能求的麒麟子，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苏婷有点无法接受现实。苏胜虽然厉害。 但不至于在本来无后的情况下，去逆天改命后能直接生个麒麟子，这也太厉害了。我偷偷告诉你，你别告诉别人。”苏胜低声说道，“老子特么用空同印改的驱使黑龙引天运，但没想到是天胎，一半是运气。我只是想随便搞个什么文曲星之类的，结果下来了个天命之子，真是运气太好了。空同印引天胎，这苏胜可野心真大，关键还让他成功了。这对于苏胜来说是好事，可对于整个苏家来说，不见得是好事。这不天大的喜事吗？” 那我刚才进来之前，你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干什么？你在算什么？苏婷想起了刚才进来时候的画面，明显苏胜有事，只是他不说。毕竟很多年的老搭档了，他还是很了解苏胜的。苏胜叹了口气，然后看向了外面的大风大雨。今晚有状况，我补出了雷劫，但只是个小劫。可孩子形体未成，这个时候有雷劫，恐防有变故。苏婷愣了一下，随后看向了外面的雷雨闪电。难道说今晚天雷就要劈了吗？但不可能啊！ 这太快了，胎都未成，那怎么办？这么快，你那九龙拉棺估计都没有生效，怎么挡雷劫？苏婷恨不得直接将苏胜儿媳妇劈死，那就一了百了，孩子出不来，空同印还可以由他们掌控，江辰那里也有交代，就说渡不过天雷，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苏胜又叹了口气，没有办法了，只能靠我自己挺。今晚雷劫不大，我自己来，你在里面护法，千万不能让我儿媳妇有任何闪失。苏婷点了点头，你放心，交给我。 见苏婷答应，苏胜便带着一件法器出了门，也不撑伞，只是带了一顶由柳条编织成的斗笠，然后穿上满是符咒的蓑衣，冒着雨出去了。苏胜一走，苏婷脸色狠狠沉了下去。轰的一声，天雷在天边炸开，一道闪电照在了苏婷脸上，狰狞立现。他慢慢关上了门，然后反锁上，接着一步一步走到了床边。他喊了两声，目的是测试苏胜儿媳妇有没有醒，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仿佛人陷入了重度昏迷。苏胜，对不起了。 苏婷拿出了一张雷符，虽然跟天雷还是有区别，但是苏婷到时候一口咬定就是被雷劈死的，苏胜也没辙，他怎么都不可能怀疑到自己头上吧？就算发现又怎么样？那时候也来不及了。这个孩子一定不能出生，别怪他心狠手辣了。雷符发出刺耳的声音，苏婷不停念着咒语，雷光大盛，有股力量升起。可就在这个，突然门被踢开了，锁断掉落在了地上。苏婷做贼心虚，下意识的将雷符藏回了掌心。 你怎么回来了？苏婷支支吾吾的说着，有些心慌，但他强行让自己镇定了下来。苏胜脸拉的老长，一步一步走了进来。没等苏婷说第二句话，直接一拳招呼在他脸上，苏婷直接飞了出去，撞倒了旁边的桌椅。苏婷立马愤怒的吼道：“你打我干嘛？你有病啊？你给雷劈了脑子吗？别装了，我刚才一直都没有离开。你手心里藏着雷符呢，你想杀人，我都看见了。”苏胜冷冷说道，但人明显很生气。 额头青筋暴起，你摆我一道，骗老子！苏婷终于反应了过来。苏胜冷笑：“呵呵，是你摆了我一道吧？我要是没留一手，那刚才就一尸两命了。”你什么意思？苏婷站了起来，气势汹汹，一副恶人先告状的模样。苏胜瞪着他：“我算出来的，应该不是雷杰。你明带亭子，所以这一劫应该是你带来的。雷杰很大，不会是小难。见到你我就猜到了。你个王八蛋，故意阴我！” 苏婷居然理直气壮地揪着苏胜衣领，比苏胜还愤怒。苏胜立马挣脱开，反将他按在墙上质问道：“我一生无错挂我算出来是你，可我宁愿相信自己错了，也不相信是你有问题。你让我很失望，苏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人？”苏婷听罢，突然冷笑了起来：“呵呵，苏胜，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这个孩子能出生吗？人死了，鬼去地府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进六道轮回，那就投胎；没进六道轮回的……” 那叫鬼上身，你是想孙子想疯了吗？傅长生进入富胎，那叫重生吗？那叫鬼上身。我们当时骗江辰是为了保命，可我没想到你连自己也骗。你在做梦是不是？苏胜沉默了。苏婷说的确实没错。傅长生如果去投胎，那投去那里是人是畜，下辈子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江辰要傅长生，所以傅长生不能去投胎。他投胎的话，那他就不再是傅长生。 可鬼不投胎直接生，跟鬼上身没有什么区别。地府有地府的规矩，如果这样也行，那不知道多少鬼都这样做了。入六道是不可避免的规则，谁也不例外。苏婷见自己占了上风，立马又说道：“还有，江辰有私心，把傅长生大部分的力量都注入了灵魂，那可是傅长生，你这初生胎儿新号新号能扛得住吗？可可能扛得住的吧，毕竟是麒麟体。苏胜自己也不太确定，可能个屁。苏胜，你醒醒。” 就算是如来佛祖当胎儿的时候也是很脆弱的，什么狗屁麒麟体，你别做梦了。傅长生的灵魂胎儿不可能扛得住，你的计划只是自己骗自己。把空峒印拿出来，我们自己用。快点！苏婷乘胜追击，不停劝说着，但他说的话确实在理，让苏胜愣了好久也不说话。苏婷见苏胜不动，连忙说道：“你不拿我拿。”可苏婷一伸手，苏胜立马啪一声紧紧抓住了其手腕。不行，我要赌一把，我不想断香火。 苏婷立马脸色变得不好看了起来。苏胜，你太自私了！我自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是害怕这个孩子出生威胁到你们内时的地位，所以要杀人？那可是我儿媳妇，你有考虑过我吗？你比我更自私！苏胜怒斥苏婷，两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对，有些事情我必须做，跟对错没有关系。你站在我立场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做，这是我的责任。苏婷直接认了，不想再遮遮掩掩。 但他刚才说的话也并非虚言，那延续香火、逆天改命也是我苏胜的责任。苏胜一掌推开了苏婷，不让其靠近，而且言语犀利，已经一点情面不给。推开苏婷后，苏胜拔出墙上的刀，苏婷立马退了几步。你我兄弟二人今晚一定要拔刀相向吗？可苏胜没有砍他，而是割掉了衣服一角。苏婷，我要跟你割袍断义，今后我们不再是兄弟，我要跟你恩断义绝。我苏胜从此封挂不再补，也不会再踏入苏家大院半步。 你滚吧！割袍断义，恩断义绝，这八个字在苏婷看来是多么的刺耳。多少次的出生入死，居然为了这个今天要分道扬镳，她也急眼了，直接骂道：“好，恩断义绝就恩断义绝，你是不是以为苏家没了你不行？老子一个人一样可以撑起苏家，你个傻子就捣鼓这些吧！我看你多大本事，到时候别续香火不成，把自己也给搭上了。”苏婷大怒之后，扬长而去。 从此两人再无瓜葛，苏胜也说到做到，封挂不再补，无论别人出多少钱，他都没有再出山，也没有再踏入过苏家大院半步。苏胜拿了傅长生的魂和空同印，苏婷拿了傅长生的尸体，两人再无见面。从那之后，苏婷性情大变，对任何人都手段狠辣，而且无情暴力。可也恰恰好是这样，她一个人将苏家撑了起来。苏家双子散伙后，苏家没有倒，反而越来越鼎盛，以暴君之名统领着苏家，屹立于京都不败之地。苏胜则了无音讯。 卸甲归田，阴阳两界不再有其消息。可是他好像破了无后之命，在某一天听闻诞下了一男孙。按照江晨、苏婷还有苏胜的计划，便是求下子嗣，帮助苏胜得以后，接着将傅长生的魂打进去，抽掉原有苏胜孙子的魂，帮助其长大，最后恢复成真正的傅长生，还给江晨。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事情自然也会有个别其他人知道，比如狐仙、苏魂等等。可是苏婷和苏胜他们都明白，这件事近乎不可能。 当时争夺空同印，惨败于江辰之手，只是为了活命编制出来的谎言。傅长生不去投胎，不入轮回，这是扰乱六道，选择这种方式重生，看则说得通，但实则非常难。第二就是江辰私心太重，把傅长生原有的大部分力量打入魂中，这么恐怖的魂入阴胎，没有胎儿扛得住。所以说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是他们当时没有选择。不这样做的话，会死在江辰手里。所以苏婷当时想都不用想。 生下来的孩子就算是麒麟之子，也绝对跟傅长生没有关系。苏胜如果按照计划走，那他一定失败了。所以苏胜死后，苏婷没有杀孩子，也没有杀请来的狐仙。天才苏家有的是，就算是麒麟之子，也不用太多担心他会谋朝篡位。但如果是傅长生，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过苏婷依然会一直打击这个孩子，甚至无情的压制他，让他永远无法出头。如果长大以后有什么反叛的苗头，苏婷更是会毫不犹豫的杀掉他。 可惜啊，哈哈哈！说完以后，苏婷自嘲的笑了起来，犹如落魄的王。可惜什么？我听完苏婷的话后，眉头紧锁。她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她的故事中只有两件事是肯定的：第一件就是，除了我爷爷，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真相；第二件就是，苏阳的九龙抬棺是空铜印驱使出来的，那是空铜印的力量。至于棺材里是什么，没人知道。其他的事情也完全不确定，因为苏婷跟爷爷闹翻了。 后来的事情，苏婷一点都没有参与。可能爷爷惨遭兄弟背叛后，谁都不信了。事情的真相，他谁都没有说。可惜什么？可惜我还是心软了。如果在苏胜离世的时候杀了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以为你只是麒麟之子，可是我却发现了傅长生的影子。最不解的就是你这张脸，就算傅长生夺舍，那也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脸。胎生模样是天定的。苏胜，你到底做了什么？当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真该死，该死啊！ 为什么要生出这么一个祸害？苏婷仰头长吼，颇有不甘，但是不甘也没有用了。成王败寇，他今天输了。呵 <laughs> 如果一开始你与我相善，对我不薄，我可以杀你？不是别人该死，是你自己该死。故事讲完了，上路吧，家主。我毫不心软，刚才他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心软，所以才走到今天的地步。我可不能步他后尘。苏婷嘴角抽搐了一下，但也只好默默拿起了身前的剑。苏胜，你赢了。 输给你，我苏婷不丢脸。苏婷说完后，脖子一抹，血光四溅，自刎当场。扑通一声，苏婷悲惨倒在了地上，血流满地。我对着他的尸体双膝跪下，然后叩头三拜。家主，一路走好。拜完后，我对天说道：“师傅，降连火，以绝后患。”声音一落，佛莲的火如引绳一样，直接落于尸体之上，呼呼烧了起来，直到成了灰。现在，就算他是天神将士，也难逃一死了。白莲，黑桃。 我替你们报仇了，你们看到了吗？我看着天上的星星，希望他们能听到苏婷终于死了。可是烧掉的尸体没有女娲石，说明这家伙已经完全炼化吸收了，与自己融为了一体。幸亏今晚除了他，不然这种死敌日后是非常可怕的。也多亏我挂多少一样死的就是我。这时候，一阵细小的脚步声慢慢由远及近走来，正是戴着面具的假张三丰。他虽然戴着面具，但我还是一眼将他认了出来。这时候，狐仙马上紧张了起来。 居然传音让我小心一点，打了这么久，这个家伙也总算出来了。张三丰看着地上的火堆，居然待了一小会，好像起了情绪。我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邪笑，说道：“你心这么狠吗？眼睁睁看着我杀了你儿子也不出来？”张三丰这时候才猛然看向了我：“小子，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胡言乱语吗？”“哼，别装了。”我冷笑了起来，将蛟龙刃扛在了肩膀上。“苏婷不是你儿子吗？”“我亲爱的上一代家主大人，苏面。 假张三丰听完后，慢慢摘下了面具，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一身道袍，确实跟传说中的张三丰有几分相像。但张三丰早就死吧，不然他的玉丹怎么给沈家？呵呵，有点意思。摘下面具的他，露出了和我一样的笑容。苏魂曾经说过，假张三丰是苏家的人，这一点苏魂应该没有骗我，因为之前假张三丰进过苏家，根本无视阵法，说明他确实是苏家的人。知道这一点的话，那就可以推断下一步了。按照年龄。 贾张三丰一定是老一辈的人，而且八大财团的八个人都是他养大的。天意都两个女儿了，所以贾张三丰必定是老一辈，至少是苏婷那一代往上。他鹤发童颜，看不出来具体多大，有可能一百岁以上，也有可能跟苏婷他们差不多。我只能确定他是老一辈，这可能跟他修炼的功法有关。太极养生看起来仙风道骨，确实比其他人年轻。现在苏家大院的老一辈不多，跟苏婷一样年纪的就是五长老了。可五长老早就被我亲手杀了。 根本不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那就剩下苏婷了。苏婷也有可能，因为不排除她易容，但是假张三丰从来不在人前露脸，出来就是戴面具，所以易容的可能性非常小。现在苏婷也死了，百分百将其排除。这样的话，只能追溯上一代了。除非他是苏家大院以外的人，可这不可能。苏家大院以外的苏家人根本避不开苏家大院的阵法。追溯上一代，只能从苏魂下手。跟苏魂有密切关系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上一代家主。 苏灭，我一开始并没有怀疑他，但是我后来查过了，苏魂的母亲跟苏灭的老婆是同一族人，他们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的。因为苏魂这王八犊子其实挺狂的，苏家的人没几个跟他走近，他也暴力成性，特别像苏婷，有时候跟个疯子一样。后来被我爷爷收为徒弟后，一天三顿抽，所以才收敛了一点，可一样没有多少人喜欢他。苏魂在苏家的朋友几乎等于零。除了这个，我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苏魂造反这事情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苏魂那时候的年龄算是隔了两代，也就是孙子那一代。那他凭啥造反？谁给他的勇气？他就算杀了苏面，那不还有苏婷这一代人吗？苏婷、苏胜还有五长老他们，还有各种二代的高手，他一个三代，他造个毛线的反？就算我爷爷扶他，他也上不了墙。不是我看不起年轻的他，就算现在他的实力也不足以在苏家称王。包括我现在的处境。 也绝不是一个年轻人单独的崛起，没有狐仙，我走不到这一步。苏家的人没有那么简单。这样一算，那真相应该就比较接近了。一定有一个人在背后给他撑腰，并且怂恿他。跟苏魂走得近，又能给他撑腰的，只有苏灭。家主让他造反，作为孙子辈的苏魂，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不然的话，给他一万个胆，估计都不够。既然是指使，那苏灭就不会是真死，一切都是一个局。苏灭假死脱离苏家，然后化身张三丰。 在外面不停兴风作浪，把苏灭的身份带入后，一切都说得通了。年龄、实力、制造叛乱的胆量、炼天，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合理了。苏灭，苏家历代最强家主，十三岁符咒、风水、占卜、法术就达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十五岁就超越了苏家所有人，连其父亲都望尘莫及。京都无人与其比肩，在无敌手后，离开京都三年，到处游历修行。十八岁回来继承家主之位，没有人知道那三年他经历了什么。 只知道他变得犹如神明一样，无人能及，实力堪称恐怖。苏灭当家主那些年，连叶家都不敢惹，是苏家在京都最辉煌的时刻。当年苏家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风水家族，苏灭的名号震惊京,京都，阴阳两界无不臣服。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都膜拜苏灭，他们找苏灭攀关系、结交、算卦，几乎把他当活神仙拜。那时候苏灭的名号就能卖很多钱，别说一卦难求了。而且有苏灭在的那些年，京都繁荣昌盛，风平浪静。 无鬼无妖，天下太平。可是好景不长，世人就会生老病死。苏灭五十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后面苏魂造反，偷袭重病的他，将其杀害。一代天才就此陨落，苏家再也无法达到此前高峰。苏家双子平反叛军，接手苏家，但苏灭之子苏婷远远无法跟父亲相比，就算有苏胜辅助，也只能算是正常水平。叶家被压了几十年后，再度崛起，与苏家平起平坐，恢复了第二大家族的身份。苏灭。 一个犹如神灵般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苏霆暴君之名代替了他。可老一辈提起苏灭这个名字的时候，无不敬畏万分，然后就是惋惜。没想到居然死在了苏魂这种垃圾手上，真是虎落平阳。可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天才，怎么能死在苏魂手上呢？真的是病痛之下，天才也是废人吗？苏灭可是千年风水家族最强之人，全能天才，无人能出其左右。真的就这样死了吗？不，我赌他没死。 他不但没死，还策划了一盘好棋，利用苏魂假死脱身苏家，然后自称张三丰，创立了八大财团。究其原因，应该是他想练天长生，而苏家是他的枷锁，褪去枷锁，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当苏家的家主，他就要品行端正，走正道，这些虚伪的东西只会束缚他。对于他这种天才，苏家的家主之位算什么？他将苏家推到了从来未有过的高度。他娶妻生子，完成了一切正常人做的事情。 他对得起祖宗，也完成了一生的任务。他死了之后，可以做真正的自己了。苏灭不再存在，张三丰则继续存活于世。家主大人，你看我分析的对吗？很多都有猜的成分，但我好像猜对了。我对着苏灭笑道：“很多人的资料我都看过，悠久的家族都有详细的记录卷，特别是家主。除了他，我找不出第二个人更加合适了。即使别人都说他死了，可我好像猜对了。苏家最强家主果然没有死啊！” 小子，你确实很聪明，拿你练天太可惜了。还是苏家的人，但练天非你不可。苏灭惋惜的说着，然后瞧了一眼地上已经烧成的骨灰。苏婷已经没了，在火莲的邪火下，再也不可能复活。呵呵，看着自己儿子死不惋惜吗？我看着他，发出一声冷笑。这是亲儿子吗？这都不救。如果他出手的话，苏婷可能就被救了。可没想到，他不但不出手，还故意等死了才出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要长生的人，血脉对于我来说有何意义？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只是完成父母之恩。人各有命，他死了，只是他无能。相比于他，你更加重要。苏灭说着，脚一动，周围已经是狂风大作。这家伙以前用张三丰的身份做掩饰，基本上只用太极和阴阳八卦。现在身份已经暴露，那就不再隐藏实力了。苏家最强家主，京都最厉害的人物，曾经统领某个时代，他到底有多么可怕？ 自他假死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苏灭，而是一个追求长生的炼天者。今天他必然无视一切，强抓我炼天。身影一动，如笑千山，苏灭瞬间不见，可却有股排山倒海之势，直接朝我压来。好强啊，这个老逼当！我不敢有丝毫怠慢。今晚最棘手的不是苏婷，而是苏灭。杀了儿子，老子特么来了！我挥动蛟龙刃，横劈前方，一个虚影躲了过去。苏灭跃然而上，一脚踩在了蛟龙刃上。 这一脚如万般雷霆，入骨入肉。我居然听到了一声银龙哀嚎，砰的一声，刀身被踩入了地里，发出无数的火花，刀气尽散。这是人力吗？这家伙是特么修仙的吧？蛟龙刃被碾压了，徒手占上风。你现在的水平大概跟我六岁时候差不多吧？你师傅还能入一下我的法眼？苏灭低头看着我，没有丝毫表情，没有轻蔑，没有嘲讽，好像在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他背着手，狂风吹不动他的衣物。 宛如置身五行之外，影如电，力如雷。这就是提一下名字都没有让那个时代为之颤抖的人物吗？苏魂，你的故事到底有多大水分？他得癌症加白血病加中风，你呀也偷袭不死他吧？让开！与此同时，一声咆哮传来，狐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化成人形，躲于我身后。我默契地低下了头，随后一阵恐怖的灵光吐出，伴随着万丈光芒朝苏灭袭来。 这恐怖的灵力震天动地，可苏灭不慌不忙，双手终于使上了。可是他左手为阴，右手为阳，浑圆而行，形成了太极之势，接过所有的灵气，一一化解。十几秒后，一切皆为虚无。阴阳之术，太极乾坤，以阴会阳，以不变应万变，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苏灭十五岁离家三年，十八岁才回来当家主，这三年他学的就是这个吗？苏家虽然也有八卦擒鬼、无极雷咒。 但这种只能当太极拳打一下，根本达不到这种威力。他百分百外学的。要不你们师徒一起上，不要浪费时间。苏灭说完后，双臂展开，双眼发出金光，青筋暴起，狂风大作，法力滔天而来，整个废墟停车场都化成了太极模样，天地运转，仿佛乾坤之内的守护两点。整个天地只剩下我们三人，旁若无物，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可苏灭的法力让我们吃惊，加上他恐怖的阴阳之术。 弧线的灵力好像被克制一样，发挥不出效果了。他比守墓人恐怖的地方就在于，他可以化解所有力量。就算不用他说，我们也肯定一起上，不然绝不是他的对手。蛟龙刃已经无用，根本伤不了他。我将刀插于地面上，啪一声，双掌合心，天门开，灵符升天，天空如混沌一样打开了一道大门。雷声轰鸣，闪电如金蛇狂舞，骤雨漫天飞。天门开，天雷降，万法雷震刚。 百树雷神煞，轰的一声，天雷一道接着一道的落了下来，直接劈在苏灭身上。这个术消耗法力太大了，刚才我没敢用来杀苏婷，怕完了后无力对付八大财团，一旦气力耗尽，连逃跑都无法做到了。苏灭居然不怕天雷，太极在身，混元而转，混沌万物皆入阴或生阳，倒转乾坤之势，将天雷全部化解了。从左伸进，右伸出，满身雷电一掌泄，双脚踏地，天地在掌中，白发乱飘，与雷电共舞。 宛如渡劫仙人，看得我目瞪口呆。这家伙开挂的吧？这么厉害，你赶紧飞升走吧！你留在人间干什么？此时，突然天空化成了一张狐脸，十尾狂暴而起，灵气百里滔天而下，如千山落地，万江入海，万道灵光坠下，淹没了整个太极，想将其瞬间摧毁。天虎一击，天崩地裂。可这样的攻击基本上用尽全力了，丝毫没有保留。不成功变成人，跟苏灭这种人打。 只能直接拼尽全力，不给任何一丝机会。轰！在天雷和灵力的摧毁下，太极发出一阵巨响，阴阳裂开了，乾坤破碎，一切都在颤抖。成功了吗？天狐的力量还是极其恐怖的，加上我的天雷，能将苏灭逼到绝境吗？可崩裂的天地中，突然一声怒吼，震开了巨大的火雷和灵光，一只麒麟冲天起，法咒漫天金光。苏灭在乾坤中伸出了双手，红气满天。太极灭，八极崩。 咒令下，诸神黄昏。老子就是天！轰的一声，满天咒光爆裂，天如大掌，直接打在了我跟狐仙的身上。我们在苍天之下，混沌之中，身如蝼蚁，被直接压于地面，直到俯身贴面，狂吐鲜血，皮肤爆裂。我抬起充满血丝的眼，朝苏灭看去，一白发老人，身带麒麟胎记，站立于苍穹之下，混沌之中，周围崩坏的太极慢慢浮起，然后慢慢恢复结合，咒光如星，不断闪烁。 可是苏灭却极其耀眼，如神一样看着我跟倒地的狐仙。他也是麒麟之子。苏灭这老家伙跟老天爷有仇似的，不但炼天，还要戏弄天。镜香三柱，然后掐灭香头，这是大不敬啊！这家伙可真狂。时辰到了，炼天开始。他说了一句后，开始双指竖起，然后狂念咒语。顿时体内的南明离火仿佛要将我吞噬一样，巨大痛苦袭来，所有人瞬间昏迷。 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又仿佛来到了另外的空间。这里有地无天，周围跟火焰山一样，朱雀盘旋在上空，若隐若现，偶尔会吐下几口岩息，不断火炼着我们。这里我来过两次了，我也不知道算是哪里。但上一次，我记得他把我的麒麟逼了出来。我是麒麟之子，天选之人，炼我就是炼天。还有这些皇族后裔也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天子，拥有其血脉也算天之后裔。炼我们就是炼天的一种，挑战天道。 炼化天选，这就是苏灭所理解的炼天。可我怎么都想不明白，练这个怎么会长生？跟长生又有何关系？而且得罪天道，必遭天谴，天雷会让他知道什么是残忍。之前我想给他练，就是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下好了，不同意也得同意。谁也没想到这假张三丰这么厉害。在这里，其他六人都没有知觉，他们跟在外面一样，打着坐，双眼紧闭。但他们身上有淡淡的龙影，是真龙天子的后裔，可非常淡。 毕竟不是他们当皇帝，我就不一样了。不但极度的清醒，还感觉非常痛苦。朱雀喷下南门离火，不断烘烤着我。我手脚被铁链禁锢住，根本无法动弹。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按照上一次的经验，可能是麒麟要被练出来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好像撑不住了，只见他身上的龙影飞了起来，被火烧成了灰。而那个人砰的一声，跟玻璃一样，直接碎成了渣，消失了。是天翼虫成功！哈哈，苏灭的声音回荡左右。 一张金符落下，盖在了消失那个人的位置上，然后凝结成了一颗红色丹药。可与此同时，天雷骤响，一道天雷在这混沌未开般的世界里跳跃着，好像天怒了。对，劈死这个王八蛋！别客气。我虽然终于如愿以偿，亲眼目睹了炼天过程，可我更想天雷劈死这个老家伙，不然我等下怎么逃？我不会跟刚才那个人一样，给炼成灰，然后灰化红丹吧？区区一重天雷，何足挂齿？南门离火，继续炼。 苏灭化成太极八卦，在空中与天雷纠缠了起来。天雷劈在他身上，居然被化解了。这家伙好厉害！这时候又砰的一声，另外一个人也碎了，就跟玻璃一样，散落满地成了灰。而龙影飞起来后，自然逃不过南明离火的淬炼，直接被烧死。最后也化成了红丹。轰！天雷震怒，混沌中又降下一道天雷，两重天雷开始狂轰苏灭。雷鸣咆哮，挑战天威的下场就是要被劈得形神俱灭，永不超生。 天道至高无上，岂能容凡人挑衅？区区蝼蚁，竟敢蚍蜉撼树！劈死他！劈死他！老天爷不要让我失望！这老家伙简直目无天尊！不弄死他，你威严何在？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天道身上。苏灭想炼天也没有这么容易。天道至高，这家伙真那么厉害，可以凌驾于天道之上吗？可两重天雷也奈何不了他。左手阴，右手阳，化身八卦，好像可以将所有雷力都卸去或者躲掉一样。雷击于身，毫无效果。 纠缠半刻，苏灭毫发无损。砰砰，两声爆响，又有两条龙夭折了。那两个人再次化为了乌有。两张金符落下，直接变成了两颗红丹。只剩我和白苏苏，还有另外一个女的，但只有我有意识。他们都跟木头一样，被南明离火不断火炼着。只要龙影一出，人必死。我估计麒麟被炼出来后，也要凶多吉少了。这时天雷又增加了四道雷，一起劈向了苏灭。这可有点恐怖了，四重天雷，八卦已经扛不住。 直接崩坏了。苏灭旋转落地，立马双掌向天，无数屏障升起，然后挡在了自己周围。这老小子，他好像终于撑不住了。有机会，天道至高。如果他真能抗过所有天雷，那这王八蛋可以成仙了呀！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败在这种人手上，心服口服。可他的咒法屏障也不太好使，天雷震怒，四重猛击，轰轰轰轰几下，直接将屏障劈成了碎片。苏灭直接飞了出去，口吐鲜血。呵 <laughs>。 有点意思，真正的天道之雷果然跟凡人术法有点差距，这雷威力起码是我们的十倍。可苏灭并没有多害怕，反而淡定自若，好像还有后招。只见他滴血于身，在胎记上画了一道古符，啪一声，双掌合一，口中念着咒语，顿时胎记发红，一道道金光亮起，麒麟好像活了一样，怒吼一声，冲天起，震慑混沌。天雷无情，直接轰劈，可麒麟挡住了天雷，周围全是火花。 麒麟硬抗四道天雷不倒，但是苏灭好像自己在抗一样，皮肤爆裂，浑身焦黑，血涌了出来。这老家伙有一套，居然用麒麟之身硬抗天雷。可四道天雷已经这样了，我看他等下怎么死。如果天雷再增加，他根本扛不住。触天威，犯天道，炼天长生，你怎么敢的呀？这时候，苏灭咬牙看向了白苏苏他们，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两个人还没练成？不止苏灭，我也有些奇怪。我比白苏苏他们强很多。 所以能多抗一会，而且想练出我的麒麟可不没那么容易。他们只是淡薄的血脉而已。可就在此时，意外又发生了。只见白苏苏旁边的那个女人突然倒了下去，她好像死了。她不是被练死的，因为人没有跟玻璃一样碎成渣，也不是龙影飞出身，她只是倒了下去，身体慢慢暗淡，好像要消失了一样。这说明她在外面死了。这怎么回事？有人在外面杀人吗？少一个人能继续练吗？外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白苏苏倒是没什么。 可他旁边的这个女人已经完蛋了，不是被练死的，而是外面有人杀了她。我一时已经出不去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而且苏灭也有些紧张，四重天雷他本来就已经吃不消了，只能以肉身麒麟硬抗。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他很是焦躁。他突然闭眼，好像在感应外面的世界。大概五秒左右，他突然瞪向了白苏苏：“臭丫头，居然敢给我下套！居然以自己肉身养骨，早就计划好了吗？”苏灭的话让我想起来了。 白苏苏本来就是巫术高手，巫蛊不分家，他极其,其有可能也会蛊毒，只是平时不展露。行走江湖的老油条都这样，会藏一手绝技当护身符，就跟蛇底藏刀片一样，适时割喉反杀，给对手来个措手不及。白苏苏虽然昏迷了过去，但他身体有蛊的话，那杀了他旁边的这个女孩易如反掌。正在炼天的苏灭自然无法预防他。你是那个蛊族的血脉吗？天意到底嫁了谁？你父亲又到底是谁？我明明已经灭族了，怎么还会有活口？ 可白苏苏好像真的已经失去了意识，根本无法回答苏灭的话。他打坐着一动不动，不像装的，脸上一点表情没有，身上的龙影很淡，若隐若现。南明离火不停作用着，好像快要把白苏苏练死了。如果他有意识，早就反抗了，而不是都快死了还静坐着。原来灭了白姑一族的人居然是你！我狠狠瞪向了苏灭。当年无道大叔带妹妹去白姑的古族里寻骨治病，后来一走就来了一个戴面具的人，将白姑一族杀光了。 就剩白姑一人，爷爷跟苏婷赶到，救下了躲藏起来的白姑，后来带回苏家。苏灭一说古族，我就意识到这个了。原来那个戴面具的人就是苏灭，他当年肯定是追寻朱雀一族的无道大叔，想要查到南明离火的下落。可是白姑的古族很有骨气，并没有出卖无道大叔和他妹妹的下落，于是被苏灭直接杀光了，剩白姑一人。可是苏灭凭什么认定白苏苏跟那个古族有关呢？难道说他用的蛊跟那个古族一样吗？ 苏灭面,面对我的问题，只是轻蔑一笑：“是我又如何？区区一个古族，犹如蝼蚁，杀光还得跟他们道歉吗？剩下的老子不管了，就练你！杀了麒麟之子，直接引七重天雷！”苏灭口念咒语，双指竖起，一道道咒符牵引着南明离火，开始全部都灼烧我。朱雀挥舞着双翅，大口喷火，练杀了我，天雷必加重，而且绝对比前几个多！啊！我感觉浑身好像要被融化了一样，皮肤开裂。 恐怖的火焰不停灼烧着我，我极其痛苦，发出了渗人的哀嚎。下火海也没这么痛苦，南明离火太厉害了，我有些扛不住了。此时我身上的麒麟直接大吼一声，一股力量喷涌而出，抵挡着朱雀之火。麒麟与朱雀相冲，火焰四射，力量相撞，周围如波纹一样，一圈又一圈荡漾着烈焰。炼天是壮举，小子，你应该高兴，我会成为炼天第一人，而你是大功臣。你的麒麟扛不住多久，还不如少点抵抗，那样你会死得轻松一点。 苏灭企图在这个时候给我洗脑，因为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四重天雷的威力超出了他的预料，而且出了状况，中途死了一人。他不想我也再出意外。苏灭，我告诉你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狰狞的笑着，痛苦让我面部极度扭曲，但我还是阴险的硬笑了出来。可怕？什么事情？苏灭皱了下眉头。我冷哼一声：“如果你失败了，我就会反过来拿你练天。你前面的雷劫替我挡了，我还得谢谢你。谁是功臣，谁是主，还不好说啊！” 我亲爱的家主大人，听了我的话，苏灭明显颤了一下身子，但他依然装作若无其事，波澜不惊。他其实也算是真正的第一次练天，之前都只是实验，不然不会表现这么青涩。这一句明显在他心头暴击了，他有点遭不住。练天失败，他就是给我涂做嫁衣，他自然怕。少给我贫嘴，不用过多久，你就要化成灰了。贫嘴，你知道吗？我本来就是想直接给你练的，只是师傅拦着。但你知道为什么我敢吗？因为前两次的实验后。 我已经发现了你炼天的缺点了，我对苏灭缓缓说道，然后看向了天雷，在等待着什么发生。苏灭眼睛一眯，整个人越来越不淡定。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时地利人和已经齐了，开始炼天。那么我问你，正在炼天的你，何来天时？你所谓的天时，是你算对的时辰吗？不不不，应该是天运。可你以为天运会在你那边吗？他会帮你，还是帮我？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从小做什么都很顺利，运气也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麒麟之子，我也是。那么今天你还会顺利吗？家主大人，我呵呵笑了起来，然后和他对视着。痛苦虽然越来越大，但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之前既然敢做好准备给他练，我就不怕。苏面好像被我说崩溃了，双拳紧握，青筋暴起，但他依然表现得很镇定。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他回了一句，假装听不懂。 可他比我强这么多，比我多活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不懂？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他不想懂。南明离火，你在搞什么？练这么久练不出麒麟？苏灭越来越焦急，开始迁怒于南明离火。但练什么都是讲究循序渐进，练的东西越厉害，练的时间自然越久。他越急，只会出越大的问题。可与此同时，我说的话开始应验了。四道天雷突然拐弯，直接劈在了我身上的枷锁上。轰的一声，天雷威力无穷。 所谓的枷锁烟消云散，我自由了。身上的麒麟胎记开始发红，天雷入体，仿佛激活了什么。麒麟出体，雷电奔腾，狂吼一声，混沌开裂，这个世界都在颤抖。四道天雷缠绕在麒麟身上，恐怖如斯。我说了，天站我这边，天运降生了，练不死我的人一旦倒霉起来，你喝开水都塞牙。你以为最厉害的是天劫吗？最恐怖的是九道神雷。不不不，最恐怖的是。 天运，有运在，人永远超越不出天道。别说练天了，这就是我一开始否定他的原因。所以不怕被他练。苏灭听了我的话，也只是愣了一小会，随后便不甘心的哈哈大笑了起来。苏阳，你少在这里乱我雄心！就算你有天运在身，你也赢不了我。我跟你实力相差太多了，而且天运都踏不破，我苏灭也不配练天。苏灭话音一落，突然张口一吞，朱雀化成火种，直接被他吃了下去。我今天就要强练你！ 老天爷来了也没面子给！轰的一声，苏灭身上的麒麟好像跟南明离火合二为一了一样，他的麒麟咆哮一声，烈火荡漾，周围全是烈焰，跟火山喷发似的。麒麟头上有朱雀虚影，一秒不到，整个世界都成为了火海。我的麒麟也咆哮一声，身带天雷，一火一雷直接碰撞在一起，轰的一声，周遭破碎，地面崩塌，力量如核爆，火雷双重缠绕，直接冲上空中，两股力量相冲，麒麟相咬，互不相让。 神火八卦，太极雷破。苏灭以极其快速的手诀释放了惊人的恐怖法术，一记火焰八卦压在了我麒麟头上，无极雷轰于身，加上对面麒麟吐出了恐怖的南明离火，我跟麒麟都被逼到了深处，无法动弹，遭受着恐怖的烈火烘烤和力量的重击。可是突然，一双眼睛如鬼魅一样在我身后睁开，我看不见他，但能感觉得到，仿佛魔灵一般恐怖的气势朝着苏灭扫来。苏灭有些遭不住了，破口大骂。 又是什么鬼东西？还有完没完？真就无限碰壁，把所有煤气都给我了吗？这眼睛不会就是我从青儿身上拿出来的眼珠吧？那是苏魂从黄河神宫里面带出来的，赵无言也想得到的东西，可我到现在都没有研究出来它是什么玩意。那双眼睛睁开后，顿时南明离火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好像被控制了一样。苏灭脸色马上凝重了起来，仿佛想到了什么。屠龙者终成恶龙，化成朱雀的不利魂，远古巫族脚吗？ 苏灭的脸色渐渐变得极其难看，一次又一次的不顺让他直接心态炸裂，人开始不安和狂躁。那双眼睛仿佛比他更能控制火种，他的麒麟跟南明离火分离了出来，而且更诡异的是，南明离火突然反向烧向了他。苏灭吓一大跳，连忙后退，以秘术抵挡，将南明离火卸去。可南明离火太炙热了，而且源源不断的烈火让他很难搞。哈哈 <laughs>，苏灭不会正如我所言，你要反被我炼了吧？我大笑了起来。 打算摧毁他心里最后一道防线，让他不安和害怕。现在南明离火在烧他，我可真不是危言耸听。他要是扛不住，老子就把他给炼成灰。脚就是当年去寻找朱雀的巫族之人，可是他后来没有回来。但朱雀被请来了，我猜想脚就是朱雀。至于中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这双眼睛就是脚的内魂，而他自然比苏灭更能控制南明离火的火种。现在所有情况都对我有利，你怎么跟我玩？说你倒霉也好，说你没天运也罢。 今天你是难以成功了。总之一句话，你天时地利人和都没了。四道天雷重生上空，然后降于苏灭之身，加上南明离火的干扰，苏灭再也扛不住了，被劈的直接倒飞了起来，一下就浑身是伤，鲜血淋漓，皮肤焦黑。一下天雷没死，已经超越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了。劈不到还好，直接入体摧残，人躯再强也难以抵挡。这是真正的天道之雷，可不是开玩笑的。苏灭被劈了一下。 立马跌跌撞撞站了起来，他双掌合一，混沌开始消失，变成了一个旋转的八卦，天旋地转。哈哈哈，有意思。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我喜欢这种有挑战的事情。老夫还会再回来的，此生不练天，誓不罢休。超脱天道，永生不死。我要做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苏灭居然还笑得出来，可一阵天旋地转后，一切都消失了，仿佛归还了黑暗，化成了虚无。我身体抖了一下，突然满头大汗的醒了过来。 嘴巴不停呕着血，身体极度疲劳，跟上两次醒来后一样，眼睛都差点睁不开了。苏灭已经不在了，地面全是血，这家伙一定重伤了，不然有可能会杀了我才走，也有可能故意留着我，因为他以后还要练天。天才都是疯子，对一些事非常执着，就比如我，我对女人极其执着，所以我等于天才。我爬了出来，但其他炉顶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一堆灰烬和一颗红丹。白苏苏和旁边的女人倒有尸体，但我不敢去摸。女人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八大财团里不是每个人都去认识他的尸体，全是细小的骨，那些骨在啃食他的尸体，密密麻麻的，看着有些恶心。因为内脏已经露出来了，看得我头皮发麻，密集恐惧症都出来了。白苏苏还有气息，但皮肤全部变绿了，头发掉了很多，气孔里面全是血，但是黑色的血。刚才苏灭已经说了，是白苏苏身体里的骨爬出来，然后杀了旁边的女人。有些蛊师会用身体养骨，比如苗疆的琴骨，如果男的跟他行房，那骨就会顺着某个地方转移过去。 从那以后，男的只能跟这个女蛊师好，要是跟其他的女人好，必定不得好死。也有类似这种的降头，可苗疆的情蛊是用来锁住情郎，不让其三心二意，到处找女人出轨。降头的则是多半小三在用，让男人离不开他，送钱给他花，不然就会死。有些小姐也会为了招揽生意，锁住熟客。两者相似，但用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别扎苗疆女，也别去泰国搞三搞四，跟我一样洁身自好，建立完整又美好的三观，方可平平安安，不会丢小命。 白苏苏跟个绿巨人一样，我根本不敢碰他，也不知道他是中毒了还是骨有害，害怕一触碰我也中招。可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还有一口气，我想将他也救走。想起老人常说尿液可解毒，我立即叉开腿站在炉顶两边，从头顶倾斜而下，赏了白苏苏一大泡尿。老人言果然管用，不知道是尿解毒还是给呛醒了，白苏苏居然有了意识，迷迷糊糊睁开了眼。你没事吧？我凑到他的跟前问道。 虽然他的症状一点都没有缓解，但是人却醒了，这也算个好消息。白苏苏非常虚弱，然后捂着疼痛的胸口问道：“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的身体湿漉漉又黏糊糊的？一股臭味！”白苏苏干呕了几下，差点又晕了过去。不过幸亏她挺了过来。这是天水救你命的东西，你怎么回事？你是中蛊了还是中毒了？我连忙朝他问道：“白苏苏，不会是故意让苏灭抓的吧？他本来身上就有蛊。” 要是练得慢一点，其他几个人估计也得被蛊搞死。这蛊太邪乎了，看着都数人。白苏苏没有回答，而是连忙咬破了自己的手腕，然后跟僵尸一样大口吸着自己手腕的血。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白苏苏这是在以自己的血喂蛊。他身体还有蛊，一旦蛊发作后，必须要以血喂养。他变成这样，八成是蛊毒闹的。这就是蛊师养蛊的坏处，以身饲蛊。正常情况还没什么坏处，可蛊发作又没有什么东西喂的时候，蛊就开始吃你，你不再是蛊师。 而是谷的储备粮食，幸亏我一泡尿将白苏苏浇醒了，不然他得给谷吃了。跟旁边的女人一样，怪不得她皮肤这个颜色。为了血以后，白苏苏的情况慢慢好转了起来，皮肤也恢复了白皙的颜色，只是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人也虚弱，跟我一样。苏阳又欠你一条命。白苏苏说着，慢慢爬出了炉顶，但太虚弱了，直接摔了一个大跟斗。我连忙将其扶了起来。两条命吗、啊？不以身相许吗？ 你们姐妹跟我吧，救命之恩最大。白苏苏推开了我，自己扶着墙壁走。想得美，我以后会想办法还给你。还想坐享其人之美？你挺贪啊！我连忙追了上去，强行继续扶她。两人互相推搡着，一而再，再而三。虚弱的白苏苏屈服了，两人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出了这个山洞。这里居然是龙虎山山底，苏灭真厉害，敢在这里练天，而且丝毫不被人发觉。洞里都是符咒和阵法，外面则什么都没有，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洞口。 但进去以后还是挺大的，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又回头丹炉里面扒拉了一下，将那些灰烬里面的红丹全部装进了兜里。六个人只练了四个，有四颗红丹，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只能先带回去。我跟白苏苏离开了这里，我回了古屋，而他则不听劝阻回了小区。现在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之前早已经成为废墟了。可白苏苏要回去找白木，白木如果躲在房子里，那我只能祈求他平安了。当时狐仙一掌就拍塌了不知道多少栋楼，里面的人自然凶多吉少。 我要不是伤重，我也得回去一趟。老子的鬼王儿子还全在那，还有胡仙，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见我回来，诸葛恪和周雨恩连忙一左一右的搀扶着，将我安置在椅子上。蔷薇拿了药和纱布来给我包扎。赢了吗？诸葛恪连忙问道。我点了点头，赢了。苏婷已死，苏刘也没了。苏家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可能要改革了。京都被我这样一搞，两大家族都发生了巨大变故。叶无涯死了，叶寒衣的剑被火男所融，必定已经离去。 无法再继续待在阳间护住叶家，苏家死了五长老，死了苏婷、苏毅、苏流，所谓的内侍死了个遍，加上苏婷这样的行为，苏家现在的局势估计比叶家还要乱。叶家至少还没有内讧，至于具体什么情况，我得回去才知道。有可能要改革了，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叶家和苏家都要突然没落，成为二流的风水家族。以后不知道哪个家族要崛起了，我倒有点期待。是时候换换新鲜血液了，那群老家伙几乎全部归西了。 除了一个看墓的守墓人，京都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入我法眼了。可守墓人现在的立场应该已经不是与我为敌，没有必要继续针对我。柳希林和唐刀也就装腔作势，而且不可能真的破坏陵墓。这样一来，守墓人跟我也没有什么大仇。师傅呢？回来了吗？我没有将后面炼天的事情和他们讲，只是问着狐仙的下落。你们不是一起的吗？怎么问我们？周玉恩挠了挠头，有些不解。这样一说，我就知道答案了。狐仙应该没有回来。 以他的性子，应该是去找我了。我被苏灭挟持走，他必定会追上去。但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不过不用担心，苏灭已经受了重伤，那狐仙估计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伤到他了。而且还有可能，狐仙半路遇到他，将重伤的他直接击杀了。我等着他的好消息，希望是这样。余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八大财团全灭了。我对周余恩说着，他突然就愣住了，随后才爆发了起来，抱着我狂呼，兴高采烈的叫着：“终于，我终于完成任务了！” 我自由了，周玉恩喜极而泣，紧紧抱着我，开心的像个孩子。为了完成任务他，他才卧底进八大财团的，现在他们一死，自己也自由了，不然要一直待在里面。而且完成了曹毅交代的任务，整个人如释重负。他也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好，反正又哭又笑，捧着我的脸颊说道：“苏阳，你真的好棒，我太喜欢你了。”越说越近，嘴唇直接亲了过来，旁若无人，人在极度高兴的情况下。 根本不会理会周遭的情况，只会肆意的释放着自己情绪。八大财团虽然不是我杀的，但这个功劳我带领了。而且我不说谁知道啊？他们死了就行。美女所吻，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双唇快碰到的时候，突然一把白扇将我们隔开了。你们干嘛？诸葛恪一脸幽怨的看着我们，直接出手阻止，把他当空气，那未免也太过分了。根据我以往的抢答经验，人直接下意识的回答道：“干。”周玉恩居然会意了，连忙拉着我的手。 那我们回房。我只是一时嘴快，没想到周雨恩当场答应了，还要当着诸葛恪的面拉我回房，甚至挑衅的看了诸葛恪一眼。反正第一次和第一百次都没有任何分别。如今我来了他的心结，自然要好好犒劳我一番。还是算了吧，我有些累了。我苦笑了起来。以我现在的状态，在座的当场去世了。只是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所以用泪来代替。而且诸葛恪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我们，仿佛在看狗男女一样。周雨恩看我伤痕累累。 也只能作罢。最后趴在我耳边说道：“你回京都，我补偿回给你。”话音如棉絮，挠得我耳朵和心都痒痒的。要不是老子有伤在身，必定给这美人办踏实了。可周雨恩不是答应了千面如来，这事过后不再见我了吗？但他勾人的眼神告诉我，他说的话不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千面如来出现，果然在想上周雨恩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就算刚才跟周雨恩回房，也会被这个家伙打扰吧？不过他是功臣，那我就不跟他计较了。而且现在。 还是得按照约定办事。他估计现在就要带周雨恩走了。这个舔狗小气得很，多住两天，他怕自己心爱的女人又得遭罪。可千面如来的身边跟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正是青儿。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冒充黑桃的不是千面如来，而是青儿。他只是给青儿易容了。这家伙有点机灵，没有他，这次苏婷的事根本不好办，撼动不了苏婷的地位。我要么走，要么杀光苏家所有人。屠族不是小事，就算我再狠，也下不去这个手。 谢谢你，苏阳，终于给姐姐和妹妹报了仇。青儿没等我开口，直接给我道谢了，杀了苏婷这个老逼灯。不用谢，举手之劳，也算是给我们苏家清理门户了。此等恶人，人人得而诛之，坏我们苏家的名声。我装作正义之士，博着小姑娘的好感。我跟苏婷的差别，不是谁正谁邪，谁恶谁善，而是一个活着，一个死了。赢的人就是正义，说什么都可以。青儿明显对我有了几分好感，也多了几分感谢之情。 谁又会不喜欢大义灭亲、追求正义的少年英雄呢？面对不公，与一个家族对抗，独身起义，我真是太特么帅了！千面如来明显不想跟我多啰嗦，也不想再见到我，拉着个臭脸，仿佛在对周雨恩下命令道：“干女儿，该走了，记得你的承诺。”知道了，知道了，别这么啰嗦，我这就回去，烦死了。周雨恩翻了翻白眼，极其不耐烦，但他答应过的也只能兑现诺言了。见我回来，八大财团又除了。 他也安心回京都了。撇去一些身份，周雨恩可以继续回去唱戏，京都花旦，百万人追捧，继续回去做他的女神去了。诸葛恪也不想留了，事情已完，他要回去照顾病重的老爸。周雨恩一走，跟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怕擦出爱的火花，他只想赶快逃离。我也不留他们，让蔷薇安排好车，送他们各自回京都了。来日方长，不急，只要不死，什么都还有机会。看着远去的车屁股，蔷薇倒是感叹了一口气：“老板。” 他们好像都不怎么留恋你啊，要真喜欢你，肯定会等你伤好了再走。你终究没有得到他们其中一人的心。蔷薇也是女人，女人最了解女人。她说的确实没错。周雨恩虽然投怀送抱，但也不是真爱我。诸葛恪就更别说了。可我却冷笑了一声，毫不在乎的说道：“哼，没钱观其貌，有钱观其道。我可不在乎什么爱不爱情。薄情的人风生水起，求爱的人挫骨扬灰。少做点爱情的梦，多搞钱，不然你只能尝到它的甜。” 而永远尝不到他的咸。京都三大美女的追求者排队能绕京都五百圈。我苏阳如果是个普通的老实人，我连队都排不上。没事，他们的技术加起来都没我好。我的心是你的。蔷薇朝我眨了眨眼，一副欠槽的表情，有些调皮。我捏了捏她光滑的脸蛋，所以我更爱你。关了灯都一样，技术当然更重要。骗他的，所以我从来不关灯。蔷薇高兴极了，笑得很甜。混血有股异域风情，怪不得祖宗要开疆扩土。 以前我以为只是贪人家那几串葡萄，原来是另有所图。嗨嗨，青儿在背后连忙咳嗽了几声，再不说话，看着我跟蔷薇好像都要干上了。送走了两个，我都忘了青儿还在。对了，他怎么不走啊？想留下来过夜？再打扰一下，想见一下他。青儿一副不太好意思的模样。四个女娲后人骚三个，就他最青涩，怪不得叫青儿。男女之情见一下都得脸红不好意思。青儿说的他，我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随即才想了起来。 他应该是说苏魂，他不认苏魂，所以不会叫父亲，但也不想叫苏魂的名字，所以才称呼为他。你怎么知道苏魂在我这？我疑惑的问着。这家伙就剩个头了，而且被我关在收魂壶里面，应该外人不知道才对。我预感到了，是不是要杀他了？青儿好像跟其他三个女娲后人不太一样，她有特殊的能力，之前就有过两三次。他预感的非常准，苏魂不但在我这里，而且他要死了。 留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假张三丰的身份。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苏魂再无任何用处，我不会留着他的，势必要斩草除根，不留任何一个敌人。再说了，他就剩一个鬼头，留着也没用。我不是想救他，你别误会。青儿连忙解释，我只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青儿这次也算帮了忙，那就小小满足他一下吧。苏魂现在就剩一个鬼头，翻不了什么大浪。即使我现在有伤，杀他不足挂齿。好。 那就让你们见上一面吧，然后就送他上路，永不超生，鬼死魂灭，永不超生。找了一处昏暗的房间，拉上窗帘，然后才将苏魂的鬼头放了出来。苏魂披头散发，魂影淡薄，被伤得太重了，感觉风一吹就能散了一样，跟以前比太落魄了。而且就剩一颗鬼头飘在空中了。青儿救我，救救你爹，我现在就去投胎，我再也不作恶了。苏魂见到是青儿，连忙求饶，希望青儿能心软救一下自己。 看来他也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了。苏灭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再无用处。我比他更心狠手辣，他活不成了。没用了，我只是来尽一下子女的义务，见你最后一面。青儿摇着头，并没有心软，他压根就不想救苏魂，只是来见他最后一面。不不，你给我求求情，向苏阳求情，他一定会放过我的。苏魂越来越害怕，不停朝青儿哀求着，可青儿只是看了我一眼，便是低下了头。苏阳放过。砰的一声。 未等苏魂话说完，我已经以灵符将其击碎，就一残魂杀他跟杀鲲一样。灵符如利剑，瞬间将苏魂击碎，灰飞烟灭，永不超生。结束了，苏魂，我不可能留给他任何机会。你太蠢了，千不该万不该成为别人的棋子，卷入他人的权力游戏。而且我非常讨厌他，不想再听他说任何话，直接宰了。青儿面对我的狠辣有些惊愕，他看着地面上的灰，一下子缓不过来。他应该还有一些话要说的，但是已经没有机会。 我也不想给他这个机会。苏魂是一个大恶鬼，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自己的感情。就算是女儿，他也可以利用。见过了吧？见过就回去，不送了。我淡淡的说着。不管怎么说，我都算他的杀父仇人了吧？所以还是暂避一下，让他先走。青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苏魂死有余辜，毁了便毁了。而且他对苏魂应该也没有什么好感。谢谢。青儿点了点头，对着刚才的位置拜了三拜，算是尽了最后一道孝。 然后扬长而去，姐姐妹妹的仇报了，混蛋父亲灰飞烟灭，他的心愿算完成了吗？或许吧。女娲后人本来就没有父亲，苏魂也不配。屋子里头走了三女，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林丽丽在我去小区的时候就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我已经被八大财团遗弃，她怕我连累她，所以走了。这很正常，她本来就是天意的手下，而且怕被杀才转投我的门下，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现在我有难，她走了，我也不怪她。 像林丽丽这种女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根本不在乎。我最关心的是狐仙，幸亏她第二天就回来了。她一回来就开始摸我，然后非常不解地问道：“你，你怎么没事？不是给人抓去炼天了吗？”我找到龙虎山下，可只有一堆炉鼎，根本不见有人。我哈哈笑了起来，把经过告诉了她。苏灭炼天失败了，天道没他想象的那么弱，他这次输得很惨。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确实躺赢了，跟着老天爷混了一把分。苏灭被天雷重创。 短时间内应该无法好了，所以暂时不用再担心。狐仙松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没想到苏家还有这么强的人，看来我们还得继续变强，不然他找回来，我们又得遭殃。不止苏灭，江晨也会下山。这两大麻烦告诉我，必须要继续变强，不然就是等死。有了玉丹，我可以继续修炼太极，将阴阳之力发挥到极致，至少得练到跟苏灭一样的水平。还有就是盘古之力，回京都要继续去找灵儿了。对了。 苏灭练了四个人，都化成了这种红丹，不知道有什么用。我掏出了带回来的红丹，然后递到狐仙面前给他看。狐仙将红丹拿到手心上观摩着，然后说道：“秦朝时期就有厉害的方式，以天地为炉炼人，炼出来的也是这种丹，但是颜色没有这么红，可能他们是天子后裔的缘故。这种丹吃了可以延年益寿，但绝对没有永生不死那么夸张。而且吃了这种丹人容易发疯，所以后面就没有什么人练。况且练这个要求炼丹人道行非常高。” 这种古法也慢慢失传了。啊，容易疯？为什么？我有些不解的问道。狐仙叹了口气，说：“人类的基因里好像天生就刻有不可以同类相识。以前也有过灾荒之类的，那时候没食物，一大堆人找人吃，但是很多后来不是死了就是疯了。这个人丹应该也是类似的结果。”这狐仙说的我心头一颤。那这红丹我可不敢自己吃了，但我不可以吃，不代表不可以给鬼吃，拿来喂鬼王吧。对了，我的鬼王儿子呢？ 好像还在小区，不知道现在啥情况。第二天伤势好了一些后，我便急忙赶往小区了。老子的蛟龙刃还在那里，希望别给人拿走了。小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里面更是没有。白苏苏说她回小区找姐姐，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那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小区废墟还残留许多血迹，但尸体已经没有了，估计苏家的人全部带回去安顿了。喂，有人吗？白苏苏，白木在吗？我喊了很久。 没有一个人回答。现在小区烂成这样，估计也早走了。不过这片是鬼区，比陵墓都可怕，没有人会来的。之前就下跑过很多人，属于活地府级别的地方。见没人，我只能寻找着自己的武器。最后在一堆废墟里面找到了蛟龙刃。它虽然刀身插入了地面，但拔出来后完好无损，一点事都没有。找回蛟龙刃后，我开始继续寻找十只鬼王。有小倩在，她应该可以控制他们回黑葫芦里面。只要找到葫芦，估计就能找到他们了。不过也有一种可能，他们失控了。 四散而逃，因为那天让他们出来大开杀戒，十只鬼王都狂暴了，失去控制很正常。我也不在，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就跟一只在笼子里养的老虎一样，出去要死不少人。他们可是鬼王，鬼王不找到我不安心。要是偷跑了出去，那事情就大了，这城市不得血流成河。可我翻遍了周围，就差掘地三尺了，就是没有见到那个黑葫芦。我也叫了很久，根本没有回应。按照道理来说，小千跟我心意相通，就算不叫，应该也会自己出来的，除非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从白天找到天黑，我依然一无所获。时间这么长，如果在的话，肯定就找到了。所以只有一个结果：黑葫芦被什么人拿走了。鬼王在不在里面不好说，反正就是不见了。我有些心慌了起来，不会要出事吧？十只鬼王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捡到都得脱层皮。小区已经成为了废墟，应该没有人会来。难道是苏家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夜色中好像出现了一个人影，然后朝我慢慢走来。谁？我偏头看去，大喝一声。 直到那个身影自己走了出来，居然是沈洛伊。他来这里干什么？是我，苏阳哥哥。沈洛伊身后只跟着鬼王女儿，扭着性感的屁股走到了我的面前。她的香水味很浓，闻着让人着迷。我皱了下眉头：“你来干什么？来这里捡破烂吗？”周围一片废墟，比垃圾场还烂。来这里还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只是来跟苏阳哥哥告个别。沈洛伊说道，好像没有太大的恶意。 可专门来跟我道别，有这么好心吗？怕是别有用心。你走便是了，不用告别。我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淡淡说着，而且也没有功夫跟他说什么。鬼王失踪，我心神不宁，怕出了什么事。苏阳哥哥对我这么无情了吗？亏人家还心甘情愿的把沈家所有带了过来送给你。沈洛一说着，从包包里面掏出了一份文件，然后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发现是沈家的所有家产，包括祖宅、祖业等等，只要你签字。 那都是你的了，沈洛一指着上面说道。我更加不解了，沈洛一到底想干什么？黄大仙说了，其他三家已经收过来当狗，唯独你沈家不愿意就范，现在又把所有产业给我，这是什么意思？沈洛一言行不一，太矛盾了，我根本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回京都了，以后不再回来，要这些东西有何用？而且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点产业已经不算什么，送给你当礼物吧。沈洛一说着，戴上了墨镜，然后准备离开。 签不签字都由我，他好像根本不把这些产业放在眼里。京都见苏阳哥哥，哦，对了，我之前在这里捡到了一个黑葫芦，就放在沈家里面，是你的吗？你要就去拿吧。等等，是你捡了、啊？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现在鬼王在沈洛一手上吗？可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说现在黑葫芦在沈家，让我去拿便是了。反正我签个名字，沈家的所有都属于我。对，你要就赶紧去拿哦，不然出什么事我可不负责。沈洛一说完就再也不开口。 转身告别离去，骚的就连布洛芬都退不了。他居然还特意来了一趟这里，为了什么？鬼王的女儿知道我的鬼王，也知道黑葫芦，所以沈洛伊必定知道是我的东西。他来这里的目的不可能只是告诉我这些。他要还黑葫芦，那就直接给了，还特意让我去沈家拿干什么？他要引我去沈家吗？行，我就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沈家有什么陷阱吗？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怕他。鸿门宴我也得去看看。 我要拿回我的鬼王。我不知道沈洛伊是不是回了京都，但他一走，我就马上去了沈家，耽误一刻我都不敢。我怕鬼王出去害人，更怕沈洛伊利用鬼王做什么坏事。沈家很安静，好像没有人一样，但是灯却亮着。给的文件里面夹着钥匙，我一下子就打开了门。我走进了偌大的沈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以前可有不少佣人都给沈洛伊炒了吗？大堂的高椅上放着一个熟悉的黑葫芦，我欣喜若狂，连忙奔了过去。没有机关，也没有陷阱。 甚至都没有人出现。我拿起了黑葫芦，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小倩，我摇了一下葫芦，然后打了开来。小倩马上就把鬼头伸了出来。你可找到我们了？你去哪了？我拍了拍胸口，没事就好。沈洛伊什么都没做吗？没理由啊！鬼王呢？有没有事？我眯着眼往下看，可却只看到了堵在葫芦口的大胸。你下去挡着我了。我一根手指头将小倩戳了下去，她发出哎呀一声，直接掉了回去。 感情我就是你的生育机器和看海奶妈，怎么不问我有没有事？小倩委屈了起来，一脸的怨气。问啥？我都看到你了，你有没有事？我看不见吗？我一边数着，一边说道：一共十只鬼王，没多没少，就是有些鬼王受伤了，甚至有两只断了手臂。不知道他们吃了我拿回来的红丹能不能恢复？苏家的人真不是孬种，人数又多，十只鬼王居然也没有占到便宜。不过想想也是，如果单凭鬼王就可以拿捏苏家。 鬼夜早就凌驾于苏婷之上了吧？而且我的这些鬼王没鬼夜的成熟，等以后身经百战，吞人无数，可能就猛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咚的一声，楼上好像有声响。谁？我连忙向上看去，发现有一个衣衫褴褛,褛的人在鬼鬼祟祟。看见我发现他了，吓得慌慌张张，连忙窜逃。我立刻踩着桌子，然后跳上了二楼，直接一脚踢在了他的后背上。他哎呀一声扑倒在地，我直接踩住了他的后背，不让他动弹。 这个人不但衣衫褴褛，还浑身恶臭，蓬头垢面的，就是个臭乞丐。沈家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别打我！别打我！是沈小姐让我来的。别打我！乞丐不停求饶，害怕极了，吓得浑身哆嗦。如果他没犯什么事，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沈小姐，沈洛伊吗？他让你来这里干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沈洛伊让一个恶臭乞丐来沈家干什么？乞丐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前面尽头的房间，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他有些紧张。我也暂时没把他怎么样，不知道他在紧张什么。别别报警，我不关我事。乞丐看我跟他看向同一个房间，他又立马说话了。报警？我皱了一下眉头，报警抓他擅闯民宅吗？一个乞丐，我有必要吗？而且这种人会害怕这种罪名？那个房间里面可能有蹊跷，我连忙提起他，将他直接抛了过去。轰的一声，他直接飞到了尽头，撞塌了房门。 这时候，房间里面立刻发出了很大的骚动，好像还有别人。乞丐倒地不起，在地上哀嚎着。我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房间。等我走到房门的时候，一脚踢开挡路的乞丐。这时候，我看见房里还有几个差不多的乞丐，他们全部都是又脏又臭，头发都打结那种，甚至有些年龄都不小了，一口恶心的黄牙。除了乞丐，房间里还有一个女人，她跟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得七七八八了。旁边的两个乞丐本来趴在她身上的。 只是见到我才慌慌张张的躲开了，我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上的女人我认识，正是沈夜的女儿沈月大小姐。沈洛伊，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些吗？在见到沈月的时候，她如同一个活死人，眼神中一点光芒都没有，心如死灰，用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她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刁蛮任性、和嚣张跋扈，甚至有时候还会无理取闹。 沈月跟沈洛一不一样，从小就被沈夜宠成了小公主，简直是沈家的掌上明珠，所以性格是那种刁蛮任性的大小姐。沈洛一则比她惨很多，同是沈家千金小姐，但却因父母惨死，又是九阴之身，不但被其他两个沈家的儿子排挤欺负，还要遭受各种冷眼，甚至赶出家门。其中的辛酸，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包括沈月也没少欺负她。最让沈洛一记恨的是，他们杀了他爷爷，将他赶出家门，还不让其送葬和祭拜。 沈洛伊现在黑化回来，好像要将这些仇都一一还回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是想告诉我，跟他作对没有好下场吗？还是说，只是单纯让我看看，当年害他的人都有什么下场？沈夜都死的那么惨，头颅被割装箱，沈月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些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了，只是没想到沈洛伊会这么狠。杀人不过头点地，可他选择了更加残忍的方法，让沈月生不如死，像极了当年沈家将他送给别人。 还在他杯子里下药，我将身上的衣服给沈月好好盖上，可他一点动静没有，就那样跟死人一样躺着，要不是还会喘气，我都以为他嘎了。如花的年纪，样貌也不差，心高气傲的千金大小姐被几个乞丐糟蹋，以后能不能正常活下去都不好说。往后的日子，估计不是疯了，就是经常自杀，很少有人能扛得过去这种事情。这几个乞丐也真不是人，沈月满腿的鲜血，身上的淤青和伤痕也不少，不知道在这里折磨沈月几天了。 这种人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平常别说女人能闻各位估计都得感谢祖上有灵了。现在能摊上这种皮滑肉嫩的大小姐，长得又漂亮，几人跟不要命一样使劲折腾。谁指使你们的？我朝他们问道。如果是沈洛伊，她是要进监狱的，不关我们事啊，大爷，是沈家小姐自愿的，不关我们事，饶了我们吧。他们跪地求饶，害怕的直发抖，估计也怕我送他们进监狱或者怎么暴力对他们。自愿的，在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自愿？不过这些乞丐应该不敢说谎，看他们的样子都好像不太聪明一样。这时候我翻了两下沈月的天灵盖，拨开头发，顿时发现头皮上有咒语，胳肢窝也有，还有脚底心，原来是被沈洛一下咒控制了。那他看上去确实如同自愿一样，手段好狡猾。这样的话，估计想报警抓沈洛一都没有用了。我叹了口气，突然飞起横扫一脚，几个跪地的乞丐全部被我扫飞了，牙齿崩坏，七孔流血。 头纷纷撞在了墙上，统统趴在地上哀嚎，痛苦不堪。滚！只给你们十秒。像他们这种人，抓他们进监狱也没什么用了，国家还免费包饭。而且只是沈洛伊复仇的工具人而已，又没一个正常的，看上去智力都有问题。报警抓他们都浪费我手机电量，杀他们更浪费我的气力。几个乞丐见可以走了，连忙跟狗一样爬了出去，没多久就不见人影了，只留下地上的血和几颗牙。此时我拨通了蔷薇的电话，来一趟沈家。 我给你发位置，去买几片避孕药。看着沈月的状况，说不上同情，但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只想做我能做的。她还年轻，甚至比我都小一两岁。成王败寇，神罗一回来复仇，他赢了，那这就是败者的下场。历史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惨案很多。怪就怪你们，明明是一家人，为什么当初要那样欺负他？他们一家恩怨我不想评价，而且她是女孩子，我很多事情不方便做，只得让蔷薇来照顾她。 挂了电话后，我叹口气就想离开了。蔷薇办事很干练，应该没多久就可以赶到。可我前脚刚刚抬起来，突然就有人在后面拉住了我的衣角。我转头一看，发现沈月已经坐了起来，眼睛好像有了一点光，但是带着怨恨的光芒。他能有今天，是靠你吗？沈月居然说话了，声音有些沙哑，但却说得很冷静，话语很清晰，像一个刚刚死了又活过来的人。或许吧，但大部分还是靠他自己。你还是不要想着报仇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爸都死他手上了。我好心劝诫着他，或许现在对于他来说，复仇是唯一活下去的动力。可他斗不过沈洛伊的。我想做你的女人，你带带我。沈月稚嫩的脸庞突然变得成熟了起来，她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恨意，脸上也没有仇恨的表情。但是我却能感觉得到，她浑身上下都是怨，都是恨。死对于她来说，应该算是解脱了吧？所以找沈洛伊报仇，是生是死根本不重要。 他只是想还回去，不惜一切代价。我冷笑了起来：“女人，我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你还不配？那我就做到配，我不会比他差的，我一定可以赢他。我要让他后悔，不杀我是他一生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沈月一字一顿的说着，仿佛在努力压制自己。她将仇恨的种子包起来，深深埋在心底下。这时候，我把沈洛一的文件扔给他：“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你们沈家的所有家产。我不知道沈洛一怎么弄到手的，但我现在还给你。” 做到一家独大的时候，带上一百个亿来京都找我。沈洛伊接过了文件，紧紧搂在怀里，仿佛抱住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这个城市虽然没有京都竞争大，但四大风水家族除了沈家，还有其他三家，又有一个黄大仙想做到一家独大，他一个黄毛丫头根本不可能，或者得至少几十年的时间吧。我只是给他一个念想，让他活着，不然以他现在的状态和遭遇，今晚就得跳楼。沈家的家业对于我来说九牛一毛。 根本不值一提，不损自我利益，能行一善积一德也不错。说不定乐山大佛真让位给我坐上去。沈月已经不想死了，至于他后来怎么样，我根本不关心，也管不了。我也压根不相信他能做到我说的事。现在哪里都内卷，资本家到处都是，想要闯出点名堂，那可得有点本事和手段。黄毛丫头可不行。我带着十只鬼王离开了沈家，后世自然会有蔷薇料理，我也懒得管。至于沈洛伊的意思，哼，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不管未来如何，他都不会是我的对手。唯一在意的就是空峒老祖，这个老头深不可测，下山入世目的不明，我得多提防提防他。幸亏阴阳玉丹没被他们抢走，不然就亏大了。回古屋休养几天，一看时间已经是今年最后一日了。再过一年，江辰就该来找我鸡，找我算账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京都修炼，那地方人杰地灵，高手多，不停磨练才能变得更厉害。当然，回京都还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第一件是接手苏家。 第二件是接手八大财团，第三件则是苏浩。苏浩几乎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一心修炼。本来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的，可我已经答应了苏婷，留他一条性命。死前之人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且苏浩就算日夜修炼，也威胁不到我了。他上升到苏婷现在的实力，也完全无法跟我扳手腕。所以我会兑现诺言，放他远走高飞。可有些事情不在于我，这个家伙要是一意孤行，一定要找我报仇，那就怪不得我了。至于苏恩。 这个女人完全不用在意，她翻不起什么风浪。我休息够了，也养好了伤，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已经不碍事。临行前，我去找过二叔，但是蜡像馆一个人都没有，打电话也是空号，根本无法联系。最后只能作罢。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飞机，不过苏家的事都已经了了，二叔应该不会有事。而且他比我都狡猾，没那么容易被人开后门。黄大仙还算有心，来给我送行，但我邀请这家伙上京都，他立马就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当土皇帝。 不比上京都刀口舔血舒服吗？京都虽然机会更多，资源和宝物也更多，可机遇和风险并存，在这个城市能因千年修行的他根本不多，还不如在这里称王称霸。上京都万一惹到什么高手，直接就被人扒皮拆骨了。京都的水很深，不是谁都把握得住的。既然他已经没有了这个心，那我也不勉强他了。给了他一个账户，以后每个月给我打钱。以后这个城市我罩，有什么事打我电话。不止黄大仙，其他四个家族也得交。这里已经由我掌管了，他们不敢不从。 黄大仙没有异议，将账号留了下来，还送了几瓶土特产给我，是他修炼出来的东西。以前的人不是说见到黄大仙容易被迷住吗？就是黄大仙有一种邪术能控制别人，有点像鬼上身。特别是黄大仙的眼睛异常邪门。黄大仙就是用这种邪术练出了几瓶这样的东西，但有个条件，只对普通人有用。如果是有点道行或者道行很高的，那基本屁用没有。这玩意黄大仙以前经常用，现在道行高了，又有财有势，基本上已经不怎么用得到了。 所以送给了我，我瞪了他一眼。我苏阳这么高尚的人，会用这种卑劣的东西吗？将东西收起来后，愤怒的将他赶走了。做了也先，还这么卑鄙下流，可笑！赶走黄大仙，收拾好一切后，便跟蔷薇驱车离开了。狐仙很少坐车，他有自己的一套，特立独行，日行千里，这倒不用我担心。至于小区，已经成为了废墟，我也懒得重建了。小区的住客通通失去了联系，就连白苏苏姐妹都完全消失了。我没有时间在这里等他们。 这个小区也庇护了他们不短时间了，接下来的日子各自安好吧。再次回到茶庄的时候，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毕竟杀了苏婷这个老壁灯，解决了一大麻烦。苏灭也重伤了，短时间内绝对不敢再出来。这个伤势出来，我跟狐仙联手，他必死无疑。天雷太恐怖了，这家伙再厉害也是血肉之躯，四重天雷差点要了他的命。不过京都也还有两大麻烦，第一个是修罗，第二个是冷轻松。冷如霜已经回去了。 如果一切都真相大白的话，那冷清松一定会把矛头指向我。两个都是有钱有势之人，所以我回京都以后必须立刻上位。苏家的事我先不插手，让他们自己内部先闹一会。八大财团已经全部死了，我回去直接接管一切了。部下的人是不知道苏灭存在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唯一的王了。我没有半刻休息，直接回了诸葛大楼。之前追杀我的人都回了那里，一层楼里面挤满了人，看见我后全部都紧张的后退。 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也是不敢靠近我，现在群龙无首，他们也不知道该烦我还是该听我的话。怎么，见到老板不问声好吗？你们想被炒鱿鱼？我发出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但他们全都沉默着，既不敢对我动手，也不敢附和我，全都紧张的和我保持距离。他们在等，等其他人归来，但是那些人全都回不来了。八大财团掌握了巨大的财富那么久，今天终于要易主了。不用等了，他们回不来了。 今天开始，我是这栋楼的唯一主人，也是你们唯一的主人。我笑了起来，笑得很猖狂。可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对我如何。这时候，反而是最胆小的李不二轻声问道：“你，你把他们杀光了？不是他们意外死光了？呵，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阴险的说着，故意把话说的很可怕，就是让人感觉是我把他们全杀了。现在八大财团就剩我了，要么解散，要么你们以后跟我，怎么样？ 我拿张凳子坐了下来，翘着二郎腿，但又不失霸气。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再一次沉默了。因为只是我的空口无凭，尸体都没见到，他们怎么知道人全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拿枪顶住了我的脑门。杀了八大财团，那你就是叛徒，居然还敢舔着脸回来称王？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啊！曹老板。曹刘这个狗腿子，他不出来，我还差点把他给忘了呢。可以啊，现在敢学人做出头鸟了是吗？ 我不喜欢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我给你三秒时间。我斜眼瞪着他，曹刘立马紧张了，马上拉下了保险，枪紧紧顶着我的头。其他老板在哪里？你把八大财团怎么了？快说！曹刘想忠心护主，又或者是想杀了我，那八大财团有可能就落入他的口袋了。可他心里也拿不定主意，而且吃过几次亏了，面对我有些害怕，所以迟迟不敢开枪。三秒到了，我说了这句话后，立马偏头。 被惊吓的曹流果然开枪了，砰的一声，子弹划过，但我已经提前躲了过去，一枪空，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我抓住他的手臂，直接一个背摔，然后将他按在地上，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噗的一声，他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枪被我所夺，人重伤倒地。这种东西对我有什么用？我邪笑了一声，砰一声巨响，将手上的枪捏得粉碎，仿佛钢筋铁骨，银钩铁爪，枪的零件噼里啪啦,啪啦落到了地上。 仿佛在嘲笑曹刘的天真和无能。曹刘害怕极了，跟条狗一样向后退，可伤太重了，只能趴在地上，无法起立奔跑。你们看什么？上啊！你们忘了吗？我们本来就是要去杀他的，怎么见了他，一个个都无动于衷？曹刘不想死，想抓住最后的稻草。如果其他人不帮他，那他在我面前就是个普通人。孔明楼里的人还是蛮多的，包括金天命和青帝他们也早就回来了。毕竟我是养了挺多天伤才回来的。 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无动于衷，并不打算帮曹刘，因为现在情况不明，大家都在明哲保身。毕竟只是个打工的，谈什么忠心不忠心？而且他们也未必能杀我。狐仙之前一声吼，他们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的。万一现在帮曹刘，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那怎么办？曹刘又不是八大财团，只是个二把手，有点类似于周宇恩的秘书之职，但权力要比周宇恩更大一点。他掌握了很多八大财团的生意，而且大部分生意往来都是他去打理的。周宇恩可没有这个本事。 那八个老板之下就是他最大了，我冷笑了起来，已经完全不把曹流放在了眼里。我指着窗口说道：“谁把他从这里扔下去，以后就是我的心腹，这里的第二把交椅。”我话一出，顿时不说话的众人开始喧哗了起来。曹流脸色一变，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我这是拿他开刀，而且是用来论功行赏、贿赂众人。他们也只是打工的，谁给的待遇高，他们就跟谁。曹流害怕极了，捂着极度疼痛的胸口，然后跟狗一样朝外爬，他想逃出去。 这就是人的求生本能，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刚才拿枪指着我的头。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向老实又胆小的李不二猛然踩住了曹刘的脚，曹刘顿时一阵哀嚎，痛苦的声音传遍整个楼层。这可不是简单的一脚，我甚至连骨头碎裂的声音都听到了。李不二，你个傻鸟，你干什么？你敢弄我？你是不是想找死？曹刘对着李不二破口大骂。李不二本来就是个唯唯诺诺的鬼医，平时没少遭人欺负。曹刘骂他，估计都骂习惯了。 嘿嘿，曹老板，不关我事，是苏老板让我这样做的。李博二发出了老实人特有的笑声，但却看得人不寒而栗。苏你老了，他早被开除了，你不知道吗？等其他的老板回来，你就知死！快放开我，你个蠢驴！曹流依旧骂着，其实他内心非常恐惧，骂声只是想掩盖他心中的恐惧。可李博二不但不退，还直接将他举了起来，吓得曹流大叫：“李博二，你干嘛？你是不是想死？你个傻子，放下我！” 那等其他老板回来再说吧，人家都说了，其他都死了，你嚷嚷什么？李博二贪婪地说着，他是鬼医，平时没其他打手厉害，而且唯唯诺诺，现在有机会往上爬，他只能胆子大一点。他举着曹流，慢慢朝窗口走去，这里可是一百楼，摔下去估计得成肉泥。受伤的曹流不断挣扎着，但李博二只是比其他阴人弱，不是比普通人弱，举这么一个伤者，任他如何挣扎也是徒劳的。苏阳，放过我，我错了，别杀我。 求求你了！你是这里的王，你是唯一的老板，我认你，别杀我。曹刘知道跟李不二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求饶于我，只有我点头，他才能活下来。李不二走到了窗前，然后看向了我，仿佛在等我最后的命令一样。扔了！我毫不留情的说道。曹爽也好，曹刘也罢，都不是什么能留的好东西，留他在身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必定烦我。留他就是留根针在身边。不不！曹刘悲惨的喊着。 但贪婪的老实人狠起来也是非常狠的，仿佛心里的魔被释放了出来一样。砰的一声，玻璃碎裂，随着一声惨叫哀嚎，曹刘被李不二从窗口狠狠的扔了下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落地，反正是死得很惨了。众人脸色全都白了一样，纷纷不敢说话，神情紧张。哼哼，怎么，你们还有不服我的吗？我冷哼了一声，眼睛扫了一下所有人，必须服，跟着苏老板吃香喝辣的，嘿嘿，以后我们就跟着苏老板混了。 李不二想上位了，连忙拍我马屁。我刚才已经答应了他，嘴脸立刻就变了。其他人还是犹豫了半响的，交头接耳一番后，最终还是全体对我鞠躬道：“老板好，嘿嘿，老板好，苏老板好。”李不二跟个马屁精一样，笑着还不停鼓掌，可也依然没有人看得上他。我松了一口气，幸亏曹流送上来给我杀鸡儆猴，不然还没有那么快制服他们，我还得真心谢谢曹老板，给他多烧几个美女吧，黄泉路上不孤单。很好，李不二。 你带人下去处理一下曹流的尸体，伪装成自杀的就行。给他施点术，再把张三律师找来。我拍了拍李不二的肩膀，示意他别让我失望。李不二被我委以重任，立刻高兴了起来，连忙说道：“放心，苏老板，这是简单，包在我身上。处理一个死人确实简单，八大财团的强大你根本无法想象。可有些事情我不能说，太黑暗的东西说出来不好。而且这么多阴人，伪装成一个人跳楼自杀，简直就跟喝水一样。曹家三人全部死绝，曹爽。” 曹毅再到曹流，已经是一个不剩了。为了表示歉意，我让人多烧了一卡车纸钱。用了半天的功夫，我已经在表面上完全接管八大财团了。为什么说只是表面呢？因为他们八个人的产业还没过继给我，甚至曹流的一切我也要一起吞了。这并不难，而且他们人全部死了，又没有后代，除了天意，其他人都没有一儿半女，甚至都没有结婚。曹家的更是一个死剩种都没有了。侵吞他们的财产只是时间问题，我并不着急。 夜幕降临，我坐在了最大的办公室里面，望着窗外的美景，露出了成功的笑容。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八大财团，只有我苏阳一个大财团，而孔明楼也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苏阳。至少在苏灭回来之前是这样的。这时候，突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前台打来的，说周雨恩求见。周雨恩，他现在来干什么？他怎么知道我会回来这里？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就跨年了，难道他想找我跨年吗？ 让他进来。没多久后，周雨恩就进来了。他今晚穿得很喜庆，一身红装，挽着头发，挺端庄的，而且颜值很高，红唇白齿，身段也极其诱人。八大财团死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接手。整个京都加起来的财富都未必有八大财团的多，你不会放弃的。周雨恩好像看透了一切，他关上门，慢慢朝我走来，然后叉开腿坐到了桌子上。他说的没错，如果我正式拥有所有的八大财团所有产业，那我将富可敌国。 别说京都，全国我都不放在眼里。有谁还能比我更有钱？不过急不得，还需一些手段。现在所有人都归顺我，而财产的拥有者又死光了，我得到那些财富只是时间问题。不是答应了千面如来不见我吗？怎么又来？我比较好奇他来干什么？这大晚上的又想了。我临走前不是说了补偿你一次吗？我说到做到。周雨恩说着，顺势滑入了我的怀抱，然后红唇印在了我的脸上。做完这次。 咱们就永不相见了。”周雨恩说道，“别啊！我现在都是这里的主了，回来继续给我当秘书。反正都破戒了，一次跟一百次有什么分别？别让千面如来知道就行。”我紧紧搂着他，手开始不老实了。送上门的批，不要白不要。当秘书？你想对干什么？周雨恩明知故问。我解下的头发，芬芳扑鼻，又纯又欲，戏子太会了。干什么？我想买梨，水果店关门了，超市里怎么样？ 周雨恩两眼迷离，在我耳边说道：“当然好啊，热气扑鼻，芬芳满怀，柔情似水，佳人红粉。”酣战半刻，窗外突然响起了烟花的声音。时间来到了十二点，我满头大汗的倒在了周雨恩的怀中，跟着窗外的烟花一起射向了天空。新年到，跟京都美人打个过年火包，不过分吧？新年快乐！周雨恩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紧紧抱着我。新年快乐！我也一样说道，舌头跟他交缠在一起了。 吻得他眼神都能拉丝。二零二三年的京都将是我苏阳的天下，谁也挡不了我。等新年的第一束阳光照在我脸上的时候，周雨恩已经走了。狼藉的桌面上只留下一抹女人清香。她没有答应我留下来继续做秘书，也没有拒绝。现在的她是自由的，可能唯一的顾忌就是对千面如来的承诺吧。不过我并不急，来日方长，他会回来的。我召集了所有八大财团的财务和律师，还有各种旗下的人。 为的就是转移他们的财产到我名下，在我软硬兼施的作用下，一切都那么的顺利，无人能挡，也无人敢挡。苏灭真不愧是那个时代的最强者，能把八个废物扶到这种位置，赚了这么多钱。我站在楼顶上的时候，俯瞰四方，孔明楼就好像一个蟾蜍一样，口吞八方，招财进宝。楼顶尖正对发财星，风水极好。周围的楼排成一排排，仿佛长河一样，而孔明楼则如同宽广的下河流域，口大楼高。 一切的财运都流向了他，京都的风水苏灭已经占了一半，而且这个布局还没人敢过来动，真心牛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家主大人，你的东西我就不客气了，把消息放出去，说八大财团已经换人了，现在一人独大。别暴露我真名，就叫我京都六爷吧。我吩咐着手下们，他们全都跟狗一样点着头，恭恭敬敬的办事去了。我要让其他人知道，孔明楼换主人了，八大财团成为了历史，而现在最大的财富。 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可我不会暴露自己的真正姓名。我要给自己留下最后一手底牌。成为孔明楼的主人后，那就没有我不能去的地方了。其实八大财团藏的秘密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一些私人作风。比较恶心的是，有些男财团还包男宠，喜欢杀人；女的则喜欢包团，私底下很混乱。我以为他们会静心修炼、辟谷之类的，没想到星号星号比谁都高，长生。呵呵，真是可笑。苏灭估计只是拿他们当工具，这种事也懒得管。 就好比天一生孩子一样，不过有些事情推敲起来也确实搞笑。如果长生要戒掉所有星号星号，那活一万岁的意义又在哪？终于明白江晨的寂寞了，整天在又冻又冷的昆仑山睡觉。但凡有个手机，搞个网恋，玩玩王者什么的，他也不会一天到晚长生长生的。听着我就觉得头皮发麻。剩下来的大部分秘密藏品是一些关于方士的书籍，有炼丹的，也有关于修身养性、坐地成仙、辟谷养生，没有关于炼天的说法。 但有记录人丹的以人炼丹，色泽红，血混魔，实则太安不可生。文言文不好，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这种炼丹方式太疯狂了，而且吃了效果也不理想。苏灭应该炼丹就是在这些书籍里面学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悟出的炼天。这人真的强的变态，天赋和能力都是超一流的。这些方式的东西还有很多名字落款，皆是徐福，就是那个骗了秦始皇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家伙，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一去不复返。 有人说他是小日子的祖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除了方氏的一些东西，我还特意翻找了天意的物品。不是我八卦哈，我就是有些好奇，天意到底跟谁生的白苏苏和白木？还有就是她怀孕的时候是怎么瞒过苏灭的？苏灭虽然对他们的私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天意怀孕是会影响炼丹的。我没有出现之前，这八个人天天被炼，苏灭要一次又一次的演练，说明天意当时是瞒着苏灭的。可大着肚子怎么瞒？而且还是生了两个，还真别说。 我找到了一些礼物和信封，他们那个年代喜欢写情信，应该是一个男人送的，而且那信写的比张翰都油腻，看得我想干呕。天意这种女人到底被什么男人征服了？也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日记，天意应该是恋爱脑，居然还敢记录下来，这不是给苏灭发现的机会吗？还真是不怕死。日记不连贯，一开始还是挺甜蜜的，但后面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好像是天意意识到被那男的骗了，男的对她下了蛊，字里行间全是追悔莫及。 蛊，不会是苗疆的人吧？我想起了白姑一族，难道说苏灭当年除了白姑，还留了另外的活口？怪不得天意这么恋爱脑，原来是被下蛊了。能靠近天意这种财团下蛊，这个男人也不简单啊！建议单身狗都去苗疆学蛊，那脱单指日可待，说不定还能钓富婆，何其美哉！比去越南买老婆靠谱。前些天我村里就有几个，结果没几天就跑了，不靠谱，还是蛊毒稳妥。后面就是天意怀孕了，但这个男人好像很厉害。 居然给了天意一些蛊，可以掩盖怀孕，就是人会很痛苦。天意虽然知道自己中蛊了，但是为时已晚，这种东西你破解不了，就只能跟他一辈子，不然就是死。后面又生了一胎，但是那个男人就此消失了，天意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且再也没有见过他，蛊毒也没有发作过。天意猜测他可能被苏灭杀了，但他也不确定。信中有落款，名字叫白岩，就是白苏苏的铁打父亲了。 这家伙有可能真是白姑那一族，说不定是个漏网之鱼，外出了或者其他的。所以苏灭当年灭族的时候没有杀到他，这家伙来找苏灭复仇了，接近天意，只是利用他。这个的鼓励高深莫测，而且还会巫术。难道那些八大财团的人都是他杀的？当年他为什么突然失踪了？是感觉到了苏灭都恐怖吗？然后修炼十几天，重新回来报仇，杀光八大财团，破坏苏灭的计划吗？白苏苏来京都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 极其可能跟这个叫白岩的汇合了，可我不明白，真是他下手的话，为什么先杀天意？就算八大财团全部要杀光，天意应该是他最不忍心下手的一个吧？不应该最后下手吗？而且手段那么残忍，简直就是虐杀。天意就算跟他有仇，怎么着也生了两个孩子啊！这种爱恨情仇很难琢磨得清，除非当事人出来解释，不然猜一辈子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本来我以为已经搜遍他们的秘密了，但没想到在炼丹时还有一个暗道。 类似于小阁楼那种户型，之前苏灭来去如风，跟鬼一样，一眨眼就消失了。而且有时候有人说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就藏在了这个暗室。我越过炉顶，强行进入了暗室里面。这里很简陋，只有一张灰色的椅子，一张暗色的八仙桌。八仙桌上放着一个铁盒，还有几个面具。这些面具应该就是苏灭平时戴的。他除了在我们面前，几乎没有外露脸过。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铁盒，里面只有一张写着字的小纸条。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会有新的主人接替一切。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字条上的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升起，顿时头皮发麻。我手在颤抖，下意识的将纸条甩了出去，它慢慢飘落在地上。我看着安静的暗示，有股惧意涌,涌上心头。我明知道这里不可能藏得下任何人，但还是感觉苏灭就在这里。不过任我怎么看，这里除了我不,不可能还有别人。暗示死一样的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急促的喘息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手心在冒着汗，这张纸条是预言吗？谁写的？苏灭，他早就知道会这样了吗？那他为什么？甚至他都预料到我迟早会进来这里，这张纸条就是写给我看的。我仿佛陷入了漩涡里，无法逃出去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暗室里的空气不流通，我感觉有点呼吸不上来。孔明楼有一百层，人流又大，苏灭隐藏其中的话，我不可能发现的了。我总感觉他就在某处看着我，然后阴冷的发笑。 我蹲了下来，想捡起纸条，这时候才发现纸条另外一面也有字，上面写着：“戴上面具，你就是张三丰。”本来桌面上是放着七八个面具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只剩下一个了，其他的无声无息消失，极其诡异。苏面，你早就预测到了一切结果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情不自禁的站了起来，那面具仿佛有魔力一样吸引着我，手碰到它的时候感觉有点冰凉，但很丝毫，手感有点真，仿佛摸在了真人脸上。 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的诡异，人皮面具我见过也摸过，但这个更加真实，仿佛就是人的脸。他要我来当下一个张三丰吗？他是麒麟之子，我也是麒麟之子。他想引导我继承他的一切，继续练天。我居然情不自禁地戴上了面具，仿佛有股魔力在控制我一样，没有任何特别，就跟戴普通的面具一样。可我虽然没有镜子，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隐藏在面具下的我更邪恶了。这时候门打开了。 可外面没有人，扑哧一声，纸条烧成了灰，但没有留下一点灰渣，连灰烬都慢慢消失在地上。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苏灭在门口等我，他朝我诡异的朝着手，他身后留下了一条路，仿佛要我走他走过的路。他邪恶的笑着，眼睛诡异，跟鬼一样，不停朝我招手，示意我出去。不，我摇了摇头，大声拒绝，甚至在一步一步后退。我奋力的去摘除面具，可他好像扎进了我的肉里一样，根本摘不下来。 有很多触手跟针一样，一圈又一圈连着皮肤，除非我把整张脸都撕下来。这什么鬼面具？为什么撕不下来？我刚才怎么带脸上去的，我都不知道，跟失魂了一样。可等我再次抬头看向苏灭的时候，发现他的手臂青筋暴起，正掐着狐仙。哈哈哈！哈哈！苏灭阴冷的笑着，而狐仙虚弱的张开嘴，手臂朝向了我，仿佛在向我呼救。可恶！我一拳打在了地上，然后奋力追了上去。 沿着他身后的路一直跑，一直跑。等我冲出门口的时候，苏灭和狐仙都同时消失了。脚下是万丈深渊，我一个踉跄，没有站稳，人直接摔了下去。可下一秒，我身体一抖，人从沙发上惊醒了过来。李不二在拍着我的脸，好像就是他把我叫醒的。我长吁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原来是梦，虚惊一场。老板做噩梦了，我给你倒杯水。李不二跟个马屁精一样，鞍前马后，想尽全力讨好我。现在八大财团已经被我一人掌管。 能得到我的重用，那就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香车美女，唾手可得。我接过他手里的水，然后一饮而尽。找我什么事？这时候，李不二将手里的文件全部得到了我手里，办妥了。八个人的财产全部安全转移到了苏老板的名下，干得不错。以后那些阴人就归你管了吧。年薪给你三亿，送两劳斯莱斯，一套房够了吧？我噩梦中醒来，不停揉着太阳穴，没有怎么看那些文件，随手扔在了沙发旁边。 可是文件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有点奇怪的声音。我歪头一看，瞬间人定住了，一股寒意再次袭来，然后感到后背发凉。李博二没有发觉我的不对，而是兴高采烈地说道：“谢谢苏老板，谢谢，不知道怎么报答，我给您磕个头吧。”李博二说磕就磕，磕的地板砰砰响，而且是面带微笑的磕。李博二的待遇虽然本来也不错，但跟我开的条件相比，那真是天和地的区别。不是什么人的工资都是以亿为单位的。我没理他。 而是惊恐的拿起了面具，然后问道：“刚才有谁进过我的房间吗？这个面具怎么来的？”李博二看着面具，摇头说道：“没有人进来过，我一直守着，而且可以调监控，没有人进来过。那这个面具是怎么来的？难道梦是真的？我不相信。”我连忙跑出了办公室，然后冲向了炼丹那个房间。如果梦是真的，那么暗示就一定存在。可我跑到那里的时候，人突然就傻了，那个放炉顶的炼丹密室居然消失了。 他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没有遗留下半点痕迹。不可能的，那里我都进去过好多次了，而且八大财团的人跟我一起进去，里面放着高大的炉鼎，怎么会消失了呢？苏老板，你干嘛？慢点，别摔着了。李博二感觉我有点不对劲，连忙追了上来，生怕我出事。可他刚刚到，我就扯住了他的衣领，说道：“这个密室呢？密室去哪了？”李博二一脸懵逼啊，这里有密室吗？好像一直都没有吧。 对了，这里除了八大财团和我，好像其他人员都不知道密室的存在。我松开了他，反正问他也白搭。可是为什么连炼丹的房间也消失了？为什么？太诡异了！到底是谁在作祟？苏灭吗？我看着面具，摸着结实的墙，心里直发毛。要我当下一个张三丰吗？好，我就满足你。我闭上了眼睛，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苏灭，我陪你玩，看到底谁笑到最后。苏浩技不如人，闭眼等死。 跟苏毅比，多了一份勇敢；跟苏婷比，少了一份狡猾。如此正直，倒是可以成为苏家的民主。可惜啊，他没有这个机会了。可就在我痛下杀手的时候，突然一道劲风徐来，威力无穷，宛如刀面割在脸上一样，极其骇人。我不敢继续前行，连忙收回蛟龙刃，避之不及，恐防有诈。谁？我大喝一声：“难道苏浩还带了人？”话音一落，暗处的人已经出来，居然是守墓人。 守墓人没有跟我过多纠缠，直接拽着苏浩一声走，就带他消失在夜里，无影无踪。哼，真是冥顽不灵！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帮着他们一家。我原以为守墓人只是帮家主，可苏婷都已经倒台了，守墓人还是帮着他们，偏心的有点过头了吧？你看好你的墓不就好了？我没敢继续追，守墓人不是等闲之辈，他要保苏浩，我暂时还真没招。就算我召集八大财团的那些人，也不见得能赢守墓人。我离开了那个小巷子，重新回苏家。 而苏浩并没有出现，不知道给守墓人带去哪里了。我有些担忧，如果守墓人开始教他本事，那他以后必定是我的大敌。苏家大院现在一团糟，两方甚至打了起来。内侍的成员不多，但是普遍享受资源多，所以两方斗得不相上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回到的时候，苏家上百号人正在自相残杀，有些冷眼旁观，坐待事情发展，好像在看热闹一样。比如苏命，这家伙恐怕成了这件事的最大赢家，杀了苏流不用逃亡。 而且还拿了我的钱，一箭双雕。现在他坐在旁边喝着小酒，仿佛在看猴戏一样。我走进来的时候，苏一峰第一个喊了起来：“苏阳回来了！”两方立马停手了，然后齐刷刷的看向了我，看我的眼神各不相同，有些带恨，有些无所谓，有些则仿佛在期待我回来一样。因为以我现在的实力，回来带领他们推翻苏家上千年的内侍传承制度，正正好啊！你这个叛徒，还有脸回来？苏恩这边站了几十人，他们全都属于苏婷的亲戚吧？ 但跟另外一边相比，人就少了一点。他们当然恨我。苏家现在这样的局面，不全都是我造成的吗？一旦所有人都平等，那他们就欲哭无泪了。所谓的皇族还有什么优越感？除了苏逸风，其他人都想杀了我，只是他们不是我对手而已。苏逸风虽然现在也站在那一边，但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去哪里，别人都看不起他。他站队不是他选的，而是他的血脉就如此。再说了，他一个废物，谁他妈稀罕他？叛徒？呵呵。 你是装聋还是装瞎？苏婷自己造的孽，你怪我身上？怎么？我们都是贱命，你比我们要高贵吗？我冷笑着看向了他们，没有苏婷，他们还有什么用？敢跟我吹鼻子瞪眼的，你！他们气得拳头紧握，青筋暴起。如果换做以前，估计都要拉我去枪毙了吧。可惜啊，今时不同往日了。闭嘴，别说话！苏文呵斥了他们一句，然后朝我问道：“苏阳，你回来想干什么？” 苏恩往日对我是有师生情的，可能知道我杀了他爸，对我也多了一份不客气。目前他最大，其他人都暂时听他的话。我是苏家的人，我回来不是天经地义吗？我的罪名已经洗清，你不会还想赶我走吧？我笑着说出了这句话，然后蛟龙刃落于地面，砰的一声，地面开裂，院子的树叶刷刷落下，尘土飞扬。一道刀意惊了他们的心，顿时几十人动作一致的往后退了两步。刘苏恩站于前方，想赶我走，你们恐怕没人有这个本事了。 等下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个家以后谁说了算。苏恩看了下周围已经没人，顿时紧张的咽了咽口水。他也没想到我如今的威慑力这么恐怖，这么多人虚我一个。那晚他没去抓捕我，估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概率是听别人事后说的。我的实力已经远超于他。见无人说话，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苏家如今搞成这样，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回来想怎么样？直说。苏家的制度已经延续千年，你们想改变，那就要问祖宗了。”对。 祖宗定的规矩，你们不守就是不孝。你们想要叛逆祖宗吗？你们这群不孝子！没错，你们要不要下去问一下祖宗？我送你们下黄泉！你们全都是叛徒！叛徒死后有脸下去见祖宗吗？苏文用祖宗出来压我们，他们立马附和。除了这个，恐怕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说了吧？祖宗，哼 <laughs> 现在我们拜的祖宗恐怕都不是一个了。谁有能力就谁当老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王朝那一代？ 你祖宗还裹脚呢，你怎么不去裹？没错，少拿祖宗来压我们。都什么年代了，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不好的就要改变，不然就会出现苏婷这样的家主。两边又骂了起来，口水战不断，还嚷嚷着继续动手。我虽然想苏婷死，但从来没有想过要苏家这样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继续这样下去是对苏家非常不利的。我连忙举起了刀，一刀劈在了地上，顿时两方中间出现了一道深沟。顿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警惕地看着我。 他们害怕动手，别吵了。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干。不过呢，这样厮杀没用，只会害了苏家，败了苏家的千年根基。我们都是学风水的，知道内讧不和有多么伤。这样吧，一挑一，两方选一个代表出来，输赢定乾坤。我朝着苏恩他们说着解决办法。虽然这个办法非常简单，但却是能最直接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毫不费劲。我们这边，我当这个代表，大家没意见吧？我站出来后，没人有意见。我的实力有目共睹。 绝对可以代替他们的，就是苏恩那边面面相觑，全部都怂了。就算苏恩出来，也完全不是我的对手。我推荐苏一峰，那小子可以的。赶紧做决定！我笑了起来，今晚还不拿捏你们？没了主力，皇室也只不过是垃圾，谁赢得了我？可就在我以为稳赢的时候，突然一道身影急速而来，飞身落下，是守墓人。我们这边我来做代表，我跟你单挑、e，一 v 一。收墓人说道：“守墓人这老小子，刚才救了苏浩。” 现在又要来坏我，事吗？真是好大一颗拦路石，踢都踢不掉。哼 <laughs>，我们苏家的事应该轮不到你吧？你又不姓苏。我连忙说出了守墓人的问题：我们苏家单挑关某某事啊。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根本打不过他。你怎么知道我不姓苏？我不姓苏，那我姓什么？守墓人一本正经地说着。我皱起了眉头，连忙问旁边的人：对啊，他姓什么？我们咋知道？他就一个看墓的。我长这么大。 也没见过他几次，众人窃窃私语，纷纷讨论，但没一个人知道守墓人姓什么。不管了，反正你就不是我们苏家的人，这场决斗不关你事，你少掺和。我挥着手否定了守墓人的资格，少在这里给我扯犊子。你再厉害也是外人。哈哈，那我一定要掺和呢。守墓人什么都没干，只是哈哈大笑。可他的笑声已经跟雷音一样，震得我们耳膜疼。众人纷纷退让，捂着耳朵不敢再说话。在守墓人的面前。 我们都只是小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就连苏婷生前都要给他面子，别说我们这些小辈了。一来必镇住我们，这是一步最坏的棋。没想到守墓人还要参与进来，这家伙是不是管闲事管上瘾了？你们想要挑战苏家的规矩，可以。我就是苏家的底线和规矩，打败我，苏家的规矩就可以改了。苏阳，你不是要单挑吗？来吧，不要浪费时间。守墓人看着我，气势如山，顿时朝我压了过来，眼神犀利。 极具威严，我跟他打胜算非常低，就算赢了，估计也得在床上躺上一年半载，不划算。哈哈，开个玩笑嘛！见大家这么紧张，我出来乐呵乐呵，调节下气氛。单挑什么？自己家人，一家亲啊！打架可不行。我一副表面兄弟的嘴脸，刚才说的话如同放屁。做人就要跟牛子一样，能屈能伸。臭老头，你给老子等着！苏阳放弃了。你们还有要上的吗？守墓人又朝其他人问着。 那些人也就刚才叫嚣厉害，守墓人出来，谁还敢动？打得过守墓人的，估计都死了吧。众人纷纷沉默，无话可说。这个看墓的帮着那边，谁也没有办法。以他的实力，一起上也未必能占便宜，只能说命当如此。苏家的改革居然被守墓人直接掐断了火头，我还是太天真了。看来想要完全掌控苏家，不灭收墓人绝不可能。这个家伙不止守死人，活人也守。既然没人说话，那就是都服了。苏恩，你出来站中间。 守墓人指了指苏恩，苏恩有些惊讶，不知道守墓人想干什么，但还是从人群中站了出来，站于人群两边。但他好像有些紧张，左顾右盼着。相比其他的兄弟姐妹，苏恩确实太普通了，而且没有野心，算是苏婷最次的一个子女。可就因为这样，他活到了最后。以后苏恩就是苏家的家主了，你们谁有意见吗？出来说说。守墓人的话犹如一道天雷，直接在人群中炸开了。不止我们这边，就连苏恩那边也是惊讶的合不拢嘴。苏恩资质平平。 又是女人，唯一的优势就是她是苏婷的女儿。守墓人居然要让苏恩做家主，我无权利家主，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自由讨论，有意见的出来说说。守墓人话里有话，一字一顿的说着，同时劲风大起，吹得众人眼睛都睁不开，嘴里说只是建议，其实就是强力，看谁敢反对他。当然了，苏恩是苏婷的女儿，也不算特别离谱。守墓人是有名目的，反对的人肯定是有的。 但谁敢反对，又打不过守墓人，站出来就是自讨苦吃。苏恩那边的人虽然惊讶，但也只能默认，不然他们那一脉被反就要废了。苏恩当也勉强可以接受吧。苏恩自己也有点害怕，难当大任，连忙紧张的说道：“我不够强，我恐怕难以难以胜任，跟父亲比我差太多了。”这时候，守墓人瞪了他一眼：“我说你行，你就行。怎么，你还想苏家继续自相残杀吗？”苏恩被守墓人的威严震得心头发慌，只能点头答应了下来，跪下说道。 苏恩尽力，谢谢您的厚爱。守墓人笑了起来，摸了摸苏恩的脑袋，放心，有什么事我会给你担着的。苏婷的孩子里，以前最乖就是你，而且心地善良，你一定可以做苏家的明主，我看好你。苏恩被一顿夸，立刻有了信心，脸上露出了笑容。嗯，我一定不负众望，谢谢您的认可。安抚完苏恩后，守墓人再次抬头看向所有的苏家人，从今天开始，苏恩就是苏家的家主了。我再问一次，你们有谁有意见的吗？别到时候说我强迫你们的。 还到时候，李奶奶的，你现在就是在强迫，奈何我辈皆弱小，只能忍气吞声不说话，有意见也不敢说。有意见，像我这么刚烈的男人都不敢反抗，何况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全家族全他妈是老六，就我一个勇的，没有说话就代表认同了。既然苏家的家主有了，那必定要一个辅佐的大长老，毕竟苏恩还年轻，而且刚刚当上家主，需要一个能人分忧解难。守墓人说完后，眼睛看向了我，然后又说道：“苏阳。” 就你了，本来你就是大长老，而且本事可以，没必要再挑。呵呵，我特么还得谢谢你。我有点不爽的嘀咕着。你说什么？守墓人耳朵好像很灵，顿时眯着了眼睛，一脸怒状。嗨嗨，我说谢谢你，以后我肯定不留余力，全心全意帮助姑姑振兴苏家。我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语言，但又只能这样说。好事就这么定了，今晚有什么意见的人可以直接说，我是很民主的，别到时候再闹。这种人。 我必定杀之，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守墓人这个老逼灯还在这里整这一套，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他妈敢说啊？没有意见就行，散了吧。苏家风波就此结束。说完后，守墓人大步流星，直接离开了苏家。众人也无话可说，直接散了。伤者被抬去治疗，乌烟瘴气的苏家恢复了正常。老子还想着今晚大干一场，没想到直接给守墓人镇住了。家主没捞到，又当回了大长老，真是憋屈。 大家都散去，我也只好走了。找回之前的房间已经是灰尘满地，看来明天要把白姑招回来了。反正仇人都死光了，白姑回来没什么问题。当大长老不完劈，老子当来干什么？我随便擦拭了一下床，先将就一晚。白姑回来就有人给我暖床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白光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化成了一个人形，一个老头出现在我的身后。师傅，你还变成他的样子干嘛？我看见这老头都心烦。我摆弄着床单，头也不回的说道。 白光如照，从头到尾滑下，守墓人变成了犹如仙子般的美女。刚才他们也说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守墓人几次，已经陌生到不能再陌生。狐仙变成守墓人的样子，谁认得出来？苏婷不在，这些人里已经没有这般高手了。狐仙足以忽悠他们。来，告诉师傅，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好好的家主不做，又当回大长老？守墓人刚刚就走苏，苏浩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赶来镇场子了？再说了，这苏家都打几天了？ 守墓人真要管他，早就来了，怎么可能现在才来？守墓人就算再喜欢多管闲事，也不可能过来苏家立家主的。很明显，刚才的守墓人是假的，他只不过是我让狐仙所变。原因很简单，现在如果当了家主，背负的骂名可就多了。有些东西不是靠杀就能消除的。而且以苏恩的本事，我当长老跟当家主差不了多少。现在很多事情都没有解决，包括苏灭、守墓人、苏浩这些点，先把苏恩推出去，冲冲门面。 还有就是，现在苏家内讧的太凶了，今晚必须尽快解决，不然这个家族会伤得很重。我又不可能站在这边，然后让那边的苏恩当家主，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以狐仙的本事，幻化成守墓人的样子，绝对能骗得过他们。今晚苏家的问题已经被成功解决了，以后等格局稳定了，废了苏恩也易如反掌。现在先不急。听了我的想法，狐仙也能勉强接受。看来他跟我应该是想一块去了。现在当苏家的家主还是太早了。 不过狐仙的演技还真是不错，真的守墓人来了也得愣两下。师傅，相比这个，苏灭才是最难解决的人。我叹了口气，将之前孔明楼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狐仙。狐仙也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个苏灭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他早就预测到所有的结果，那发生的一切就太恐怖了。我们就像一颗棋子一样，被他牵着鼻子走。苏灭这个名字，他以前也确实听过，出自苏家的京都第一人，是我爷爷的偶像，强的离谱。跟这种人当对手。 就连狐仙都感到后怕，他现在已经失踪，连他下一步想干什么都不知道了。最近低调点，我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狐仙皱紧眉头，说着，好像有些担忧。我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难道苏灭会在近期对我动手？没理由啊，他被天雷所伤，不管他策划了什么，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亲眼所见。狐仙摇了摇头，你难道没有察觉一件事情吗？京都的高手死了很多。我愣了一下，不是我没有察觉。 他们压根就是我杀的，四大高手全部殒命，叶寒一没了。之前陆陆续续的也杀过一些，苏家连五长老都没了。龙虎山虽然不在京都境内，但最近也是元气大伤。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京都战力损了一半，会有危险趁虚而入？我意识到了狐仙说的问题，现在整个京都就守墓人最能打了。京都虽然人杰地灵，但短时间内没了四大高手，也算元气大伤了。苏家和叶家两大风水家族可谓损失惨重。 我不知道，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狐仙也不确定，只是模糊不清的说着：“是人还是妖魔？”我又问道：“应该都有。”你最近低调点就行，修炼一段时间，不要再管其他事。反正现在苏家你最大了。不止我，狐仙也并未把苏恩放在眼里。现在虽然他是家主了，不过他斗不过我。但苏恩为人善良，虽然平庸，人还是挺好的。我不会伤害他，只是拿他当幌子。好的，师傅。我点头答应。 但心里又痒痒的，以狐仙的灵力，不可能不知道事情的走向。他的第六感早就可以凭自己算出来。之所以不说，是不想我再惹事了。以前惹事是我早就不好的一盘棋。万一跟苏阳决斗输了，他夺舍我不会有好日子过。现在所有的事情和人都完美解决，他要我开始狗了，因为没有必要再去惹麻烦。我明白狐仙的好心，之所以心痒痒，是因为有人来给我送装备，我不要，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京都乱不乱，我六爷说了算。狐仙消失了。 他比我更需要修炼。一年后面对的可是江晨，他的压力比我大太多了。我人死鸟朝天，反正该玩的都玩过了，来一趟人间不枉此生。可他不一样，他身上有责任，背负的东西比我多。可是他就吸了一半灵气，真的可以凭一半灵气就能真正成仙吗？江晨说过，昆仑山的灵气只够一个人成仙，也就是说，不吸完肯定是不行的。我躺下床后，睡得跟猪一样熟，有史以来在苏家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以前都是两只眼睛轮流站岗。 不是怕苏婷害我，就是怕苏毅杀我。反正遭人白眼，心里不踏实。现在他们都死了，我也安心了。如果变成鬼再来害我，那我就再杀一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打算去接白姑回来。她在苏家长大，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管家，没有她，估计苏家很多人都不习惯。可是门没打开，就有人在外面敲门了。是苏亦峰那王八犊子，急得跟死了爹娘一样，敲的门啪啪响。干嘛？你有病啊！一大清早来拆我房。我打开门就劈头盖脸的骂着。 他怎么不去死？跟那谁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能活这么多集，死人了！大长老，快出来看看！苏一峰喊着。我以为是他要去死，没想到是苏家子弟死了。我眉头一皱，立马跟着苏一峰出去了。人命关天，苏家死了谁？来到苏家大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吊死在上面，吊绳很粗，好像用黑狗血浸泡过的，有一股血腥味，而且还很浓。死的人叫苏密，今年二十八，他穿着红色是衣服，黑色的裤子，没有鞋。 两只脚趾弯曲着，脚底下有字，是咒语，密密麻麻的，跟蚂蚁一样小。他吊死在了苏家大门上，舌头伸得很长，身体晃晃悠悠着，眼睛瞪得很大，嘴角不知道为什么咧开了一个诡异的弧度，好像在笑。有人想解开绳子放他下来，但被我阻止了。尸体看上去很轻，可能里面已经被掏空了。这种尸体叫人俑，你永远不知道他现在肚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五脏六腑和肠子肯定被掏干净了。如果塞进去的是蛊毒，碰了就得死。干我们这行的。 见惯了生死，几乎没有自杀的，所以百分百是他杀。杀人还把尸体故意吊在苏家门口，很明显是挑衅。果然，家主一换，麻烦就找门来。苏婷死了，他们想上门看看新家主有几分实力。京都竞争就是这么激烈，也有可能是妖魔复仇。毕竟像这种家族斩妖除魔可不少。见到苏家死人了，大家心情都很凝重。这种死法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羞辱。大家现在都看向了苏恩，他已经是家主，必然要肩负起某种责任。 同胞被杀，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理。但死法诡异，凶手未知，还得听家主怎么说。苏恩憋了半天，终于朝大伙说道：“先不管其他的，将尸体安全解放下来，然后好好安葬。”苏恩拿来了秘符，将尸体的七窍封住，然后以乾坤镜镇住了心口，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就算尸体那里有什么东西，也绝对不会跑出来。他飞出了一枚铜钱，嘶的一声，绳子被割掉，苏密的尸体整个掉落在了地上，发出空洞的响声，极其邪门。 去订一副棺材，将他好好安葬，希望死者安息。苏恩吩咐着其他人办丧事，然后自己开始琢磨凶手。他心是好的，可是好心办坏事。这尸体有邪，就算不烧，也绝对不能进苏家。可我不想教他做事，看上他当家主，就是喜欢他笨笨的。我招了招手，示意苏一峰把耳朵凑过来，然后轻声说道：“等下尸体装棺的时候，记得把他脚给砍掉。”苏一峰有些惊讶，连忙好奇问道：“为什么？”“因为我怕他跑掉。” 啊！跑掉？这幅已经封住了七窍，不可能尸变的，还怎么跑？苏一峰极其不解。他说的没错，秘符封七窍，尸已经不会再起邪，也不会尸变。苏恩也不傻，可是我总感觉还有点猫腻。既然敢来挑衅我们苏家，对手不会简单。最稳妥的办法其实是直接烧了尸体，以免多生事端。可苏恩太仁慈了，砍死的这么惨，想留个全尸给家人下葬。你别问这么多，照做就行了。现在还是白天，晚上你盯紧点，就有答案了。 苏一峰听了我的话，紧了紧脖子，好像有些害怕。我跟他关系松着呢，谁要给他守灵？我没理苏一峰，他自个自嘟囔着，而我则看向了苏恩。他蹲在地上，摸着门前的尘土，然后抓了一把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有妖气。苏恩的鼻子好像很灵，细小的妖气夹杂在尘土中，居然这都能闻得出来。难道凶手是妖？好大的胆子，什么妖敢来我们苏家杀人？苏一峰叫骂着，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子。之前遇到大蛇妖。 魂都吓没了。苏恩思索了一番，才说道：“有可能是夺了人设的妖，妖气并不重，他们绝对还会再来，估计是为了寻仇。以前我们家没少杀这些玩意，爸一死，他们就不怕了。大家要小心一点。”苏命，这家伙这两天是不是接任务了？苏恩朝苏命问道。苏密以前跟苏命一条村的，这两人算有一点交情，至于交情重不重就不知道，因为苏命只认识钱。对，前几天他没跟我们一起离开京都，他去接了一个关于水鬼的任务。 苏命不咸不淡的回答着：“谁鬼？谁是雇主？”苏恩的表情突然凝重了起来。三都水门出了三百万。苏命好像知道的还挺清楚，看来苏密没把他当外人。虽然都是苏家的人，但有时候出任务还是会保密的，就怕家人使绊子。防一手比什么都强。能给你全盘托出的人，基本上在苏家已经算交心了。可苏密死的这么惨，苏命一点难过的表情都没有，不愧是金钱的奴隶。苏恩一下子就不淡定了。 三都水门不就是专做水下阴活的吗？怎么会找我们苏家？这不是把饭碗给我们？三都水门的本部在天津，以前是靠捞尸发家的，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派，而且已经不止做捞尸了，什么阴活都干，只要是水下作业，他们都敢接。京都的水域并不多，也就三处，所以在京都的水门混口饭吃并不容易，手下就那点活，怎么可能分给我们苏家？当然了，也不止江河、西海、景尸、水龙头之类的呀，也会接，但比较少。 现代这种一般是杀人油水并不多，有时候也就是警察叔叔颁的奖，这我就不知道了。三都水门的家伙说了，最近几天河域那边不太平，不但来了三个奇怪的家伙，还经常闹河妖，而且数量还不少。鬼他们容易解决，但河妖是真猛，时间长点的都已经成精通人性，他们一时之间死了不少人。我一听苏命的话，立马脑海里浮现了朱雀一族、无道大叔、浓情十三个，这不刚刚好三个人吗？他们要靠水边生活，所以会去河域。 可这番话有点搞笑，靠水下阴活的人居然要请我们苏家，我怎么闻到了阴谋诡计的味道？会不会是河妖干的？如果三都水门都处理不了，有可能是很厉害的河妖。苏一峰思索了起来。可苏恩却摇了摇头，否定了苏一峰的话。河妖的妖气很腥臭，刚才我问了，只是普通的妖气。而且河妖一般下雨天才会上岸，可最近两天根本没有下雨，应该是另有其人。今天我去会一会三都水门的人，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先把尸体躺回去，立个灵堂。 只能说苏恩的心底真是好。要是苏婷当家主，这种身份的苏家子弟哪有灵堂能给你安葬？一丝一丝一下就行。吩咐完后，苏恩就带着十来人去了三都水门。我没有跟过去，而是拦住了苏月的去路。苏月眨着无辜的大眼睛朝我问道：“苏阳哥哥，干什么？”这个苏月好像是表人格，天真无邪又可爱，绑着两个双马尾，穿着白色的小裙子，经常背着一个小背包。这家伙是没有记忆吗？变成李人格的时候。 还要杀我？你跟我回房。我朝苏月说道。这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离开彻底，听到我这句话，纷纷看了过来，眼里藏了两个字：畜生。好啊，回房干什么？睡觉吗？还这么早？苏月看着大太阳，表示自己还不困。我眯着眼睛，满是邪恶，但我不是畜生，我只看着她的双马尾，只是希望她以后不要答应男人奇怪的要求。在众目睽睽之下，苏月好像一个无辜少女一样，跟着我进入了房间。 要不是我位高权重，估计已经被人围殴致死了。不过我真的是正人君子，从来都没有想过对苏月做那种事情。让他进来，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冷如霜，一件是关于苏流手上的暗杀和情报组织。苏流的手上有京都许多人的秘密，这个秘密我可以吃一辈子。人活世上，有几个没有秘密的？特别是京都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有钱有权有势，肮脏事铁定没少干。苏流也挺有本事的，居然能查到大多数人的秘密。 他应该是苏婷的儿女中最厉害的了。苏月，我问你，冷如霜，你送回冷家了吗？我搬来一张凳子，让苏月坐下，然后朝他问着。他拿出了一瓶娃哈哈，大口吸吮了起来。我感觉有点恶心，因为那里面是尸油，所以我都不敢看他了。忘记了，好像大概应该是送回去了。苏月皱着眉头，好像在思索，又好像没有。他不喜欢动脑子，而那个人格做的事，他仿佛没有记忆或者记忆不深。双重人格就是这样。苏月以后。 那不是要找两个老公？那天是另外一个苏月将冷如霜送回去的，那不是要换她出来？我只想知道苏月对冷如霜说了什么。如果按照苏流的吩咐，那冷青松不会放过我，所有罪名都会压在我的头上。可人是诸葛恪抓的，也是他藏起来的，我救过他，也藏过他，功罪算是抵了。你能让他出来吗？我有话要问他。我问道。我不知道怎么唤醒苏月的另外人格，只能直接问他。他？谁啊？ 苏月不知所措的看了下周围，他以为这个房间里还藏着别人，跟小孩子一样天真。你身体里的另外一个苏月？苏月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另外一个人格吗？砰的一声，突然苏月捏爆了娃哈哈的瓶子，尸油溅了他一身，可他完全不在乎，只是身体微微颤抖，整个人脸色都发白了起来。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我急忙问道。我还以为第二人格要出来了，但没想苏月突然发疯，直接推开了我，吼道：“你说什么？什么身体里的人？”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啊！他尖叫了起来，抱头疯狂摇晃，整个人都好像崩溃了一样。我有些吃惊，这是怎么了？没等我问明白，苏月就已经破门而出，跟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跑了出去，只留下几个可爱的发夹和橡皮筋跌落地上。这下好了，苏月这个样子跑出去，我估计跳入黄河都洗不清了。他们肯定以为我对苏月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早知道刚才就该低调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提这个，但每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绝对有什么悲惨经历。苏月的档案在苏流手中，可是苏流留下的东西和人，我都没有接手，甚至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不行，我得把白姑接回来。他在这个家比我熟太多了，他可是在这里从小住到大的。我二话不说，直接去找白姑了。来到之前的医院，他还在养伤，不过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差不多躺在病房里一个月。苏毅真不是人，老子宰了他，她真是做的最大一件好事。苏婷死了，苏流也是。来到医院的第一句话。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白姑，白姑眼神有些黯淡，人明显是伤心的，但她只是抱紧了我，然后在我耳边说道：“没事，你还在就好。”白姑在苏家住了这么多年，苏婷父子没有感情而已，她没有感情肯定是不可能的。苏婷还是她的恩人，不过我跟苏婷一家只能活一方，她自然选择我。我跟她热吻在一起，仿佛将她魂都要勾出来一样。她重伤刚刚痊愈，我极其温柔，轻轻的进去，又轻轻的出来，温存到晚上的时候，我帮她收拾好了东西。 带着他回苏家了，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还可以回到苏家。毕竟得罪了太子爷，不死已经是上天保佑。但我将苏家翻了天，大摇大摆的将他接了回来。他跟了我，赌对了。路上的时候，我问白姑苏流的人怎么接头，所谓的暗杀和情报到底在哪？第二把交椅又是谁？苏流肯定有一个亲信处理一些事情，不然什么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人早累死了。白姑说，苏流所掌管的部门极其隐秘，除了苏婷，旁人根本无法知晓半点。 但白姑毕竟在苏家混了二三十年了，苏家的大部分事都经她手，所以她也曾听闻一些事情。苏流的手下有一个叫吴的女人，但这只是她的代号，真实名字白姑也不知道。她混在苏家里面，只要将她找出来，那事情就好办了。代号吴，一个女人，就两个信息，怎么找？苏家大院的女人起码有几十个，难道要我一个个排查吗？你找苏恩不就行了？用得着这么麻烦吗？让他给你接替这个部门。白姑不解。 现在我是大长老，苏恩是家主，整个苏家都归我们管了。我摇了摇头，事情没有白姑想象的那么简单。苏恩，我不是没有找过，甚至都跟他商量过了，可是他也无法跟这个部门的族人联系，他以前完全无法接触到。苏婷曾经跟他说过，这个部门非常重要，甚至比整个苏家都重要，里面拥有的东西有可能会撼动半个京都，收藏的秘密一旦爆出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甚至丢掉性命。一个人的秘密微不足道，但一群人的秘密。 那可就有点恐怖了，所以就算是新胜任的家主，如果得不到里面那群人的认可，也绝对无法接触他们的。而且你要知道，他们是杀手，他们杀过很多人的，随意暴露自己，他们会丧命。看来没有任何捷径，想要接手苏流留下的一切，只能找出这个代号为吴的女人。这时候我们已经回到苏家了，白姑闭上眼睛，呼吸着久违的空气。我偷偷放了一个屁，以此欢迎他回家。可我们一进去，苏一峰就着急忙慌的跑了过来：“大长老，你可回来了！” 出事了，尸体不见了，尸体不见了，怎么可能？我不是让你把他的脚给砍了吗？那尸体不简单。白天的时候，我就让苏一峰将他脚砍了，就怕有什么幺蛾子。可是苏一峰喘上一口气后，却说道：“我发誓，我真的砍了，连第三条腿都砍了。可尸体突然就不见了，邪得很。不会吧？腿砍了都还能走，这么古怪。”苏恩呢？他回来没有？我急忙问道：“这女人不会连这个都搞不定吧？” 苏一峰摇了摇头，没有，一整天都没有消息了，不知道去那干什么。我皱了下眉头，这么久都回不来，恐怕有麻烦。可就凭三都水门一个小水会，苏恩会摆不平吗？人家大本营在天津，在京都都势力并不大，就算有一兰刁难他，应该也能破局吧。先不管他，带我去灵堂看一下。我们三人急忙赶往灵堂，苏家的人对待家人还可以，灵堂已经立起来了，而且办的还可以，就是棺材空了，尸体不知道去了哪里。 守灵的一共有两人，他们说自己没有走神打瞌睡，也没有离开，就是突然棺材响了一下，一检查尸体就没了。现在暂时其他人还不知道，苏玉峰算是除此之外第三个人得知的。这尸体到底怎么回事？断了脚都还能跑？不过苏家有很多阵法，他逃不出去。而且苏家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发现的。大长老，尸体不会是尸变了吧？其中一人有点内疚的问道。应该不是尸变。 但是尸体没有剖开，我也暂时看不出来。你们回去睡吧，我倒要看看他今晚能做什么妖。放长线钓大鱼。我之所以不阻止尸体进来苏家，就是想看看这尸体能闹出什么幺蛾子来，还有就是让苏恩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要通知其他人吗？那人又问道。我还是摇了摇头，不需要通知，以免打草惊蛇。苏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见我没有其他吩咐，他们连忙退下了。 苏一峰这个家伙很老油条，见我领着白姑也赶紧退了，仿佛看透了什么似的。今晚你去苏恩的房间睡，我守着你。我对白姑吩咐道：“为什么？”白姑一脸的迷惑。难道他的房间已经被没了？那东西摆明冲着新家主来的，他想要我们苏家新家主一上任就死掉，让我们苏家颜面丢尽。今晚他必去找苏恩。我不用去猜这尸体到底邪在哪里，摆了什么邪术，我只要知道他的目的就行了。其他人可以不顾。 但可别把我苏阳当傻子，早不来闹事，迟不来闹事，偏偏苏恩当了家主，第二天就来闹了。天下哪有这妖巧的事情？可是刚才苏玉峰说了，苏恩这么久都没回来，他会不会出事？我听说三都水门的人都很好色，我有点担心。白姑倒不在乎自己当诱饵，因为有我在，而且他的蛊毒也不是吃素的。就是担心苏恩会出事，这么久都没回来，事出反常必有妖。苏婷一死，什么玩意都踩上脸来了。不用管他。 一个小小的水会不至于让苏恩深陷泥潭，苏恩不会垃圾到这种程度，我让白姑安心就好。他点了点头，在我带领下强行打开了苏恩的房间门，然后蒙上被子睡了起来。我关上房门，暗自观察。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我听见房顶有响动，但很小，而且一下子就消失了。我阴险的笑了起来，终于来了。扒开门，黑乎乎的房间里有一道鬼影，跟蜘蛛一样从房顶掉了下来。我不知道他怎么钻进屋的，身法极其鬼魅，然后靠近床。 跟我猜的一样，他就是来杀苏恩的。我一道灵符射了出去，如流星一样打在了他身上。通过火星，我才看清楚，这玩意居然双手撑地，倒着爬行。靠！大意了，没想到还有这一招。本以为砍了他双脚，他就无法走了，谁曾想他居然用手走。早知道手脚一起砍了，灵符将他击飞，轰的一声，狠狠砸在了墙上，立马凹出一个大窟窿。白姑立马起来，然后亮起了灯，正是苏密的尸体，他脸白的跟一张纸一样。 舌头吐了出来，跟吊死鬼一样，但他不是鬼。你到底是谁？我厉喝一声。苏密的尸体坐在地上，突然发出了吸吸的声音，好像有人在他肚子里吸气一样，气氛极其诡异。可他嘴巴不动，喉咙也没有声响。笑了片刻后，苏密的尸体紧接着还说话了：“你还不配跟我说话。你们新上任的家主呢？今晚本来是他的死日。”声音很诡异，好像是录音机卡带那种声，而且慢悠悠的。哦，是吗？ 那你可以先试试杀我，不然的话怎么斗我们苏家的家主？我笑了起来，感觉这小玩意有点逗，看他是什么东西先，好玩就抓回去玩。好，小子，你自己找死，别怪我，反正也杀不到你们家主，杀你回去交差吧。苏密的尸体突然两只手往头顶扒拉，然后撕溜一声，居然将自己的头皮给撕裂开来了，血水哇哇往外冒。我以为我会看见一个血骷髅头，没想到苏密的头开始变形，一个血色的蚕蛹如婴儿一样冒了出来，从头颅里面破壳而出。 那场面极其恶心渗人，脑浆四蹦，一大堆脏东西，我就不形容了，要多恐怖有多恐怖。今晚我就寄生在你们身上吧，反正这个尸体也没用了。你好像是一个长老啊，那接近苏家家主的机会更多，吃一个留一个吧。蝉蛹伸出手脚，跟人的有点像，四肢抽出来的时候带着恶心的粘液，脸像婴儿，但脸上的皮跟褶子一样，看着很恶心，牙齿跟野兽的獠牙一样，有六颗，又长又尖锐。他手一挥，狂风四卷。 一道道血色在房间里席卷着，门窗啪,啪啪啪响起，全部自动关上。恐怖的血色袭来，如同浪潮，杀气如镰刀，已经悄无声息地放到我们脖子上，想将我们断喉，成为我寄生的蚕蛹吗？垃圾，你们家主也会是我的手下亡魂，我会让你后悔生于这个世界的。哼，千年风水家族真是笑话，没有苏婷，我谁也不怕。无数的力量升起，灯火瞬间爆炸，墙壁碎裂，恐怖的血色填满了整个房间。 除了恐怖，就是悲惨和痛苦的哀嚎。咕噜噜，别别按了，好臭！我错了，别别，呸，好臭！你家马桶多少年没刷了？怎么还有屎的味道？要不我替你刷刷吧。别按了，咕噜噜。我把他头踩在了马桶上，然后一遍一遍的往下按。你刚才说什么？说谁要后悔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掏了掏屎，弹在了他身上。这蝉蛹血鹰不知道是什么塑料袋，在我面前这么能装。 我自然要真实他抓他塞马桶已经算便宜他了。说吧，谁派你来的？毒打羞辱一顿后，自然就要逼供了。这种玩意自然不可能是主谋，就是人养的邪东西。我我自己来的，就是单纯来讨教一下苏家的本事。我没有恶意的，咱们点到为止好吗？蝉蛹血鹰一边说，还一边笑着，那张脸看着就恶心，真想整个呼一坨屎上去，半截身体像蝉蛹，还连着苏密的身体，粘液滋滋冒着，不知道谁养的这逼某某一。 讨教，对，讨教，传统风水之术理应点到为止。我不打了，我认输。这家伙好像没有小脑一样，但嘴还是蛮硬的。都这样弄他了，居然还不说。白姑，把他剁了，然后放马桶里冲掉。我朝着白姑吩咐道：“我就不信唬不住你了。”白姑刚刚想动手，他立马怂了，真死于马桶，这得多窝囊。他连忙挥舞着古怪的手说道：“别别别！我说我说，京都很多门派联合起来。” 要搞你们苏家和叶家，他们把这个计划叫弑神计划。我主人就是其中一个，但我不能出卖我主人，不然我也一样是死。白骨很不解，忙问道：“为什么？苏家和叶家得罪你们了吗？”蝉蛹写鹰摇了摇头：“怎么说，谈不上真正的得罪，但苏家和叶家确实霸占京都的头号座椅太多年了，压得许多人抬不起头。说白了，就是碰了很多人的利益，钱都给这两家捞了，别人自然要联合起来弄死你们。” 可这一两百年来，苏家和叶家都太强了。苏家的苏灭曾经统领过一个时代，谁人敢得罪？叶家有叶寒衣，阴魂不散，寄于剑中，无人敢犯。往下一代有暴君苏婷，叶家有叶无涯，一剑开鬼门，斩黄泉，妖鬼皆怕，无人敢惹。可如今苏婷去世，叶无涯失踪多日未回，两家都同时立了新家主。可论本事，这两个新家主都跟上一代有着差距。此时正是扳倒苏家和叶家的大好时机。 于是，多方联合定制了名为“弑神”的邪恶计划，势必要扳倒两家苏家和叶家两个家族。确实能称神了，人才辈出，站立于风水巅峰许多年，直到今日才有所衰退。要不是叶无涯和苏婷没了，京都那些魑魅魍魉还真不敢跳出来闹事。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眼红，现在有机可乘了，立马蜂拥而上。弑神计划，有意思。我发出了一阵冷笑，没想到啊。 京都这些人为了利益还挺团结的，想取而代之吗？可苏家和叶家毕竟有千年根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的能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吗？有多少人联合？我朝蝉蛹写音问道。这玩意怕说太多回去被宰，又开始沉默了。毕竟透露这些也是为了活着，但回去还是要被杀的话，透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见他支支吾吾，蛟龙刃一出，寒光一闪，他立马没了四分之一爪子，尽断。 他痛苦的叫着，有点像婴儿啼哭，听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挠心一样，极其讨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说不说？我的声音里没有感情，杀他也只是一念之间，他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说，我说，近乎京都一半的阴人都加入了这一场计划，你们以前压榨的太厉害了，势力又大，实力又强，很多人连半杯羹都分不到。你们两家必须倒，这是最好的机会。蝉蛹血婴没有办法，直接全盘托出，不然他就要死了。 蛟龙刃一刀带给他的伤口极其大，因为后续依然在破坏着他的身体，片刻不到已经体无完肤，他极其痛苦。原来如此，看来接下来的日子苏恩要带领着苏家对抗半个京都了，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谁对谁错，实力见真章。在这个最大最好的一线城市，很多事情都极其残酷。如果我们输了，苏家就会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千年风水家族会彻底画上句号。可以让我走了吗？求求你。 我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再也不知道。蝉蛹血鹰从开始的狂妄嚣张到现在的苦苦哀求，连十分钟都不到。他想走就太天真了。他遇到的可是我六爷。蛟龙一出，万邪必斩。小小一只蝉蛹血鹰，在我刀下根本活不过一秒。刀口落下，血鹰已经化成了灰，连渣都不剩。苏密的尸体啪一声直接倒地不起，成为了真正的死尸。他的身体里面什么器官都没有了，有很多小洞，跟蜂巢一样。 种下这种邪蛹，必须是星号星号，也就是说，苏密生前就被人掏空五脏六腑，然后强行种下蚕蛹，最后吊死在了苏家大门上。他那诡异的笑容不是邪，而是面部太痛苦，所以抽搐扭曲成这样。如此坑害我苏家的子弟，真是太残忍了！我必定百倍奉还。既然你们要跟我苏家斗一斗，我就陪你们玩一玩。要处理这个尸体吗？白骨手捻黄符，扑哧一声，指尖的黄符燃了起来，想将尸体烧成灰。 我摆了摆手，示意不用了，将尸体下葬吧。已经无邪在身，就是正常的尸体。好吧，白姑灭了火，然后建议道：“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要不要跟叶家联手？以现在苏家和叶家的实力，好像对抗不过半个京都。苏家的人已经被我杀得七七八八，高手所剩不多。叶家支援龙虎山的时候也死伤惨重，家主又是新上任的，自然敌不过现在半个京都的势力。京都能人意识多，就算是小门小派聚集，加起来也够大了。” 更别说会有很多的大门派和大家族掺和，为了利益，什么人、什么事都会有。京都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森林罢了。弱肉强食，既公平又不公平，满地都是美女和金钱。不，我要等叶家来求我。如果不能让苏家一家独大，那我这个长老白当。叶家该陨落了，我要在京都建立属于我自己的王国，然后迎接江辰的到来。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苏秘安葬了，丧事办得不大不小。我拿出了一笔钱寄给了他的家人。 这也算因公殉职，该有的赔偿还是要有的。可苏恩到中午都没有回来，这让大伙坐立不安。昨晚的事情我没告诉他们，以免惊扰人心。这对于现在苏家的形势是不利的，特别是新上任的苏恩，其实没有多少号召力。我去一趟三都水会，你们都在家待着。最近一段时间，谁都不准接任务，违抗者逐出苏家。我没缘由的让他们不赚钱，顿时怨声载道。但迫于我的地位，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但我依旧没有把事情说出来。 少赚点钱不会死，但现在出去接任务，那就真的会死。现在京都有一半的阴人都在盯着苏家，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小心为上。我跟你去，白姑自告奋勇陪伴身边，但我却拒绝了。不，你留在苏家。我摇了摇头。你帮我把那个代号叫吴的女孩找出来，还有苏易峰。你以前不是苏流的人吗？苏易峰有些为难的摸着后脑勺。是没错，可我等级太低了，这什么叫吴的，我哪知道啊？找到她的话。 上次在云墨轩的债就不用还给我了，我再额外给你一百万。这王八犊子不给点钱还真是磨磨唧唧的。他听了一百万，当即立正了身体，说道：“愿为大长老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从今天开始，不找到他，每日弹牛子三十下，说到做到。少扯淡，给老子麻溜的滚去找！”嘿嘿，是是。这时候白姑有点担心的说道：“我不跟你去，那你找谁？现在有这么多人加入弑神计划，万一三都水会也是怎么办？” 多个人始终多份照应，要不你多挑几个人去吧。不用，我带一个人就行，多了就会变成累赘。苏命，你跟我去一趟。这小子拿了钱没去买岛到国外生活，依然留在苏家大院里。其实他要走的话，我肯定是会放人的，不会为难他。可他居然不走，真不知道在想什么。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一辈子挥霍了。既然他还在，带上他准没错。他除了爱钱，其他什么都不爱，几乎是一个极度冷漠无感情的人。这种人几乎没有弱点。他没有说什么。 从院子上的高树上跳了下来，跟在我身后。其他人纷纷去灵堂祭拜死去的苏密，然后闭目不出。虽然对我有点怨气，但不敢发作。苏家的规矩很严，谁让我是大长老？三都水会谁是老大？路上的时候，我想向苏命打听一点内容。说实话，这水会我是真没怎么理解过。初听还以为是水疗会所，没想到是水下阴人捞尸工。京都水不多，而且他大本营在天津，所以这个三都水会根本不出名。天津来的三兄妹，大哥独眼龙，二妹水娘。 老三人称水下雷狗，真名我不知道，很少打交道。三人合起来称三都，之前很低调，就是老三雷狗有点好色，经常带妹子传阵，他也因此最出名。但水下功夫听闻还是水娘最厉害。苏命不情不愿的介绍着，好像很不愿意做我的资料机，把草你妈都写在了脸上。没钱给他就感觉浑身无力，干活拉着脸。这家伙都有这么多钱了，不会还贪财吧？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三都水会，他们在京都的最大一条河边建了四层高楼。 牌匾挂得高高的，又大又长，金字招牌闪闪发亮，人也不少，进进出出的，有客人，也有自己的门人。不知道苏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回家？他在里面吗？我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沿着河上游走，然后不停环顾四周。你在找什么东西吗？苏命见我不急，立马有些疑惑。我们不是来救苏恩的吗？苏恩现在总不能在河里了吧？找火屁？什么？火屁？我怕苏命听不清楚。 又重复了一次，苏命满脸黑线，不知道怎么接我的话，只能看着河面发呆。之前不是说这里新来了三个怪人吗？我猜就是农情和无道大叔他们，可我找了一小会，并没有发现。农情答应过我以身相许，就怕我不敢干他。他说给我牛子都烧没，有种就上。我以前还真有这个顾虑，毕竟是血肉之躯。他们被朱雀诅咒，身带南明离火，上了就得烧得皮焦肉烂的。可现在老子阴阳玉丹在身，太极之道可化万物，我愿意一试。 如果失败，牛子没了，我就接条假的。听说现在有机械那种，可以干到没电，充电无法，快乐两小时。凭我这样的胆识，估计为爱冲锋的勇士见到我也得磕一个。浓情他们没找到，我只好放弃了，转而进入了三都水会。这狗地方还有人守门，两个彪形大汉拦住了我们，问我们要见谁，有没有预约，整的好像大明星一样。一个捞尸发家的，装什么？我们风水师不说高人一等，但也绝不摆架子。通报一下，苏家长老找你们老大。 叫什么来着？哦，独眼龙，想起来了。我有些敷衍的说着。这两个彪形大汉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说：“让我们在这等着。”然后就进去通报了。可是这满身横肉的男人许久都不出来，老子都站门外快半小时了，连口茶都没有。很明显，他丫的在耍我。我二话不说，直接硬闯，不再管这看门的壮男，跟健身房练肌肉的基佬一样。可他马上上前拦我，说不准随便进去，得等通报的人出来。出来。 你特么的半小时一公里都走完了，还出来，是不是人死里面了？我歪头看向了他，你确定吗？要我继续等？废话，要你等就等。苏家的人了不起啊，耶稣来了也得排队。当我们老大是谁？想见就见。肌肉男回道：“行，那我不进去了，我让他自己出来吧。”我冷冷说着。肌肉男笑了，哈哈，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还我老大要亲自出来见你，搞笑吧你？苏命。 我叫了一声，他非常醒目，拔剑就砍。等他收鞘的时候，那块金字招牌已经变成八块，噼里啪啦的掉落地上了。现在你猜，你老大会不会出来见我？我当着肌肉男的面拆他招牌，他立马激动了起来，一边问候我的祖宗十八代，一边就要打我。可他一拳打我身上，不痛不痒。我身上有神与内甲，他就是在给我挠痒痒。你没感觉吗？肌肉男声音瞬间颤抖了起来，估计在怀疑自己了。 沙包大的拳头在我面前中看不中用，到我了。话音一落，我一脚将他从一楼送上了四楼，贯穿了天花板，飞到了最顶层，连哀嚎惨叫声都听不到，估计当场就晕倒，口吐白沫了。呵呵，给你们脸了是吗？再不滚出来见我，别说招牌，连这里我都给你拆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你诚意满满来见他没用的，就是欠打。这时候，三都水会全部人都跑了出来，我扫了一眼。 大约有四五十人，金字招牌都被砸了，怎么可能还躲得住？他们将我和苏命团团围住，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接着从楼梯慢慢走下了三人，为首的男人是个独眼，戴着骚气的黑眼罩，身材高大，不过一副大老粗的样子。左边的女子长得颇有姿色，不过没到顶级漂亮那种，但身材很好，凹凸有致，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一副骚出水来的样子。她穿着紫色的旗袍，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右边的男人是个细狗，但打扮得很精致，有点像《糖果超甜》里面的哥哥。 我超爱，他们应该就是苏命说的独眼龙、水娘、雷狗三兄妹了。谁胆子这么大、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敢砸我三都水会的招牌，活腻了吧？独眼龙来势汹汹，样子好像会吃小孩一样，手里装着一个鹰钩爪，这种东西下水用处非常大，可以勾尸体，也可以勾鱼之类的东西，杀人也非常好用，脖子一勾，人就没了。苏家的人来找我们的家主，我直接报名来意，不跟他多逼逼。 他们三人听了后，顿时发出了嘲弄的笑声。独眼龙继续说道：“好笑，你们苏家找人找到我们这里是什么意思？怎么的？你们家主淹死了？昨日我们家主没来吗？”我反问道。独眼龙冷哼了一声：“来没来我不知道，反正我没看见。不过这个不重要了。你小子砸了我们招牌，这笔账怎么算？”独眼龙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那证明苏恩来过，但他躲避问题，很明显有猫腻。我不是怕苏恩遭了他的道，而是现在许多人都想来整我们苏家。 说不定那什么是神计划，三都水会也参与了，怎么算？你可以用计算机算，也可以用算盘算。我也学他这样嘲弄的敷衍着他。反正这里的人不够苏命塞牙缝的，我都懒得出手。人总是这样，不给点苦头吃不行。听我这样说，独眼龙勃然大怒，见我不把他放眼里，立马招呼门人将我宰了，拆了他们的招牌，还能活着回去？传出去，那不是人人都会笑话他们？可是苏命身影一动，剑拔万世，快如闪电。 这些人完全看不清他的剑，几分钟后全部脚筋中剑，跪地哀嚎，无法行走。你从良了，一个人都不杀，不杀之机，仅仅这条独眼龙吗？我朝苏命问道。苏命也不傻，自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着杀人，杀人是另外的价钱，长老要加价吗？苏命说着，剑慢慢回鞘，剑气立马消失，只留下满地的鬼哭狼嚎。太惨了，如果脚筋被挑，要终身残废的，再也不能行路。怎么？ 你们三个要上吗？跟我们苏家作对？你想好没有？我冷冷看向了独眼龙他们，这三个人终于有了一点畏惧之意，下意识的往楼梯一边退了几个台阶。你是苏家的谁？不守规矩是吧？来我这里欺负人，这是你们大家族的风范吗？独眼龙突然开始对我动之以理，这实力他看在眼里都已经怕，根本不敢再动手，开始跟我讲道理了。苏家长老苏阳，今天不交出家主，别说欺负你们，想活着走出去。 这里都是奢望，我直接跃身飞起，直逼他们三人。他们慌不择路，逃也不好逃，只能跟我硬打。可是独眼龙跟我过不了两招，就被我踢飞了出去。那个雷公更不行，被我打得满地找牙。他最牛逼的地方就在于，怎么打发型都不乱。水娘见兄弟被打，突然掐指比了三个手诀，然后朝我吐出了一口毒水。幸亏我避了过去，不过毒水落地，立马幻化成了几只水鬼。他们狰狞至极，披头散发，龇牙咧嘴朝我扑来。我挥动灵符。 手臂只是轻轻一挥，那水鬼瞬间灰飞烟灭，连痕迹都找不到。这这么强，还只是个长老？那家主不是无敌了？水娘吓得落荒而逃，跌跌撞撞往二楼爬。可等他上去二楼的时候，我已经在上面等他了。太慢了吧？我冷笑一声，直接一脚将他踢飞撞墙。他口吐鲜血，夹在裂开的墙缝里挣扎不开，面如死灰，一副等死的模样。独眼龙和雷狗还算有义气。 连忙去拽他，但此时没拽出来，苏命已经把剑横在他们面前，吓得他们全部都淹了，大气不敢出，还纷纷举起了手来。我找了一张完好的桌椅坐了下来，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清茶，抿了一口后，若无其事的问道：“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我们的家主去哪了吗？”他们三个居然沉默了，一句话不说，只是低着头看地板。不说话就是有事，有事不说，我会轻饶你们吗？我冷哼一声，直接威胁他们：“如果不说。” 我绝对让他们好看！我们真的不能说，不然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水会子弟不少，哪怕牺牲我们自己，也得保存他们，都不容易。他们死了，这么多家庭怎么办？独眼龙急忙寻找事情的转机，居然想用真情打动我，这可能吗？我可是出了名的畜生，给他们一点苦头吃一下。我对苏命招呼着，不说，我只能严刑逼供了。苏命直接将他们三个暴打了一顿，但好像一点用都没有，他们的嘴比石头都硬。 苏命甚至将剑贯穿了雷狗的腿，他也都能忍住不说，这让我感到很棘手。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必须速战速决。他这样拖下去，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时候，我站了起来，一边将皮带解下，一边朝他们走去。水娘害怕极了，缩在两人最后面。不，不要，你还是说了吧。说个屁！说了，我们都得死。水会也完了。这小子长挺帅，你忍忍就过了。你要生命，还在贞洁。独眼龙居然安慰着水娘，还怂恿她接受。 反正能活就行。水娘无话可说，落于他人之手。大哥又不肯说，他能怎么办？这时候，我走到了独眼龙的面前，然后说道：“苏命，按住他！老子特么的今晚开开荤！”卧槽！你你干嘛？你弄错了吧？我没这么好看，你不要。我是男人啊！这下轮到独眼龙害怕了，连忙向后退。可是苏命用脚踩住他的后背，他无法挣扎。男人就对了，身娇体柔的女人有什么意思？ 真正的勇士就是要找男人对抗。我说着，已经快速绕到了他的身后，撕的一声，将他裤子后面撕得稀巴烂。独眼龙怕极了，发出杀猪一样的叫声，然后拼命挣扎着：“你，你不会来真的吧？放过我，放过我！放什么放？等下你就不这样说了，后面会越来越舒服。”我嘿嘿笑道：“我操，舒服个屁！我说我说了，苏恩那晚确实来过，但后来被妖王接走了，不关我们事。妖王。” 孔雀妖王，他敢来京都作乱？孔雀女妖王曾经在龙虎山相遇过，但未曾交手，实力还是有的。但没有想到，居然敢来京都作乱。苏恩为什么跟他走？是被挟持了吗？我朝独眼龙问道：“这我不知道啊。”苏恩才从我们这里出去，然后孔雀妖王就来了，接着他们就消失了。妖王这种级别的怪物，我们也不敢问啊。独眼龙战战兢兢的说着，生怕我宠幸他，之前的嚣张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惶恐。如果被我开了花。 那他这张老脸应该一辈子都不敢出现在京都了吧？会被人永远笑掉大牙，直接消失了，这就怪了。苏恩会束手就擒吗？他好像也带了不少人，他们难道没有大打出手？我有些疑惑。就算是妖王，我们苏家的人也不可能不还手的。而且这里虽然是京都比较偏的河域地带，但也是京都。他们没有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都没敢出去看。独眼龙回忆起之前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丝害怕。 以他的本事，确实看都不敢看孔雀妖王一眼。那苏恩来这里跟你们谈了什么？我又继续问道。独眼龙一听这话，吓得连忙否认：“我可没杀苏密，不关我事。他是自己下河中邪的。自己下河中邪？你们这条河有什么妖？居然连你们水门都对付不了？我一直都好奇这个问题。京都的水域能有什么大妖？本事太大的肯定会被宰的，一旦作乱就死。而且刚才苏密的死因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被人种了蚕蛹。” 这个独眼龙如果心里没屎，他刚才会闭门不见我。我们这河呀，有妖龙。独眼龙突然压低了声音，好像生怕隔墙有耳一样。不过苏命发出了一声嘲弄的笑声，说明他怕的是被人嘲笑。笑什么呀？真有龙？我亲眼所见，还吃了我们三个人，连骨头都找不到。水娘见大哥被侮辱，连忙帮一嘴，而且说的煞有其事，不知道是真是假。蛟龙我见过，就是蛇仙吸了昆仑山的一点灵气，直接化蛟了。可蛇仙早就没了、啊。 难道还有别的蛟龙，还是说这是真的龙？真龙在河里，那不是有潜水吗？具体说说，我倒要听听这河里哪来的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跟听故事一样，准备听,听听独眼龙能怎么胡扯。独眼龙本来还不怎么想说的，但是苏命这一声嘲笑确实让他来劲了。他好像不喜欢被人看不起。他说这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几天前水门接了一个捞尸的活，一对母子在上游跌下了河，孩子才一岁。 估计被冲到这里了，事情有些邪，尸体一直找不到，所以事主就找到了他们。独眼龙一算母子的八字，发现两人都是五行属水，水水相生，有可能生邪了。由于母尸带孩子，肯定不甘离阳间，所以躲在了水里不肯出来。想要找尸，只能等下雨天。他们属水，又死于河中，下雨天必定出来，不过会比平常时候猛很多。道行高的甚至都能在下雨天上岸。幸亏事主有钱，给了独眼龙三十万，这趟尸他们就接了。 独眼龙要了事主一些随身物品，便答应初一把尸捞上来。因为初一下雨，而且是吉日，非常适合捞尸。可是独眼龙算错了，初一确实是下雨，但却熬到了晚上才下。他等了一天无果，晚上八点多才响雷，然后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独眼龙马上心里咯噔了一声，他不但算错了时辰，连雨量也算错了。本来是小雨的，结果是暴雨，雷暴雨有雷，水鬼不一定能出来。这场雨还很反常，一般来说，雷暴雨下不久，急雨来得及，去的也快。 可这场雨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轰隆隆的雷声在天上响着。独眼龙算过了，这场雨是这个月唯一一场雨，冬天本来就少雨，错过今天直接等下一个月了。特么的，现在是捞尸，等下个月那尸体都不知道成精到哪里去了，或者泡得面目全非。他收了钱的煮熟的鸭子总不能飞走吧？仗着多年的捞尸经验，独眼龙打算下水碰碰运气，或者有收获也说不定。而且有水娘和雷狗在，水门又有大批兄弟，还能怕了一具尸体不成？ 准备好带黑狗血的鱼叉后，独眼龙便带队下水了。一共七人下水，除了他们兄妹三人，还有四个门中的子弟。另外七人在岸上接应。水面上铺满了黑线编织成的渔网，上来就逮，绝对跑不掉。河水很凉，雨滴跟石子一样打在脸上。七人不顾危险，直接潜入了水中。水下一点都不浑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很奇怪，今天一条鱼都没有。水娘的水性最好，在水里就好像美人鱼一样，好像她天生就活在水里一样。 他拿着事主的物品在水中晃悠，畅游着。事主是死者的老公，他的随身物品会吸引尸体过来，而其他六人则在旁边伺机而动。大概十分钟后，随着一声雷动，突然水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躁动，水开始变得浑浊，有很多头发跟海藻一样飘了过来，水中有血腥味。独眼龙连忙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目标有可能出现，而且很猛，大家小心。头发越来越多，好像要将他们吞噬一样。 独眼龙他们连忙将用黑狗血浸泡过的鱼叉对了过去，那些头发立刻跟触电一样，全部缩了回去。顺着缩回去的方向，独眼龙他们看见了一个女人立于水中，她浑身皮肤又黄又肿，眼睛睁得大大的，披头散发，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正紧紧地盯着独眼龙他们看。厉师被称为水中僵尸，就好像人行走在陆地一样立着，非常邪门。独眼龙立马示意大家小心，这尸体不简单，而且好像想找他们做替身。 一般来说，尸体落水不能上岸，捞尸人将他带上去，其实是做好事。尸体不会反斜杀人，杀人那就是以怨报德了。遇到想找捞尸人当替身的，那真是晦气。这估计是一场硬仗。水鬼本身在水里就厉害，况且他们还母子都属水，又是下雨天，打雷，只是不敢露出水面，但恐怖程度依然比不是下雨天厉害。尸体在邪，一露面都是好事，毕竟有希望了。捞了就上去，三十万能真正落入口袋了。独眼龙做了一个手势。 然后示意大家围上去。雷狗有点年轻气盛，想出风头的他直接第一个上去，然后掏出了怀里的河神像。河神像会惊扰水鬼，是用来脱险的，关键时刻可以镇住水中妖邪，见之则逃窜，而不是用来捞尸。雷狗一掏出河神像，那女尸立马抱着孩子跑了。她在水中行走，就如同人在岸上跑，速度极其快，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水里的泡泡。独眼龙顿时勃然大怒，直接扇了雷狗一巴掌。 仿佛在质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拿出和神像，根本不合时宜。雷狗一脸委屈，但确实是他的锅。想立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却害了所有兄弟没饭吃。水娘水性好，一个鲤鱼打挺追了上去，能跟水鬼赛跑的全队里只有他了。独眼龙不甘心，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跟上水娘。好不容易尸体露面，怎么也得捞上去，不然没法交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越追河水越浑浊，清澈的河底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好像血水一样。独眼龙感觉大事不妙，不是尸体太邪，而是这条河不知道为什么也开始生邪了。天气频繁异常，独眼龙也不敢再冒险，直接招呼水娘回头上岸，回去再慢慢想别的办法。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闪电劈过水面，他们还没游上去，就看见了一条活龙直接从天上坠落，然后潜入了水底。那龙极其巨大，一百尾就卷得河水荡漾。 七人吓得够呛，根本不敢浮出水面。可是那龙好像是妖龙，张开血盆大口就朝他们七人吞去。七人吓得四处逃窜，然后拼命往岸上游。独眼龙捞尸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场景，河里居然能有妖龙！这玩意只是书里见到过。七人只逃了四个，有三个被妖龙直接吃掉了，连皮带骨全部吞噬掉，渣都不吐出来。等独眼龙逃上岸后，腿都吓软了，瘫坐在地上，久久无法站起来。其他人也差不多。 雷狗紧紧抱着河神像，嘴里念着“河神保佑，河神显灵”。他们一上岸，水面就平静的出奇，好像刚才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独眼龙问岸上的兄弟：“刚才有没有看见龙？”其他的兄弟都纷纷摇头，说天气太恶劣了，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雷声不停，轰隆隆的又响，连声音都无法听到。今晚太邪了，独眼龙损失了三名兄弟，只能鸣金收兵。但见到龙的事，不准任何人提起，更不能传出去。 见龙太玄是真是假难以分辨，说出去只会引起混乱。三都水门是靠河吃饭的，这条河不能乱。第二天雨停了，河水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独眼龙他们趁着大太阳又下水一趟，可没有捞到死去三人的任何尸体，也没有捞到女尸。现在兄弟们心里都有阴影，基本都不敢怎么下水了，特别是晚上。这可对水门非常不利，以后还怎么干活？如果真有妖龙，那只有把它除了。人就是这样，管你是什么东西，砸人饭碗。 如同杀人父母，就算是龙也不行。可三都水门没有降龙的本事，只能花重金请别人了。京都有两家顶级家族，一个是叶家，一个是苏家。独眼龙选择了苏家，但那段时间苏家没有什么人，几乎都去小区了。而苏密就是为数不多的留守之人。独眼龙只能选择苏密来做这个任务，花了几百万要苏密降龙斩水中妖龙，不然靠河吃饭的三都水门要废了，人心惶惶，谁也不敢再下去。如果是古代。 这妖龙都要被当成龙王爷了，会经常献祭品给他吃。可真龙哪会有河水，还特么把人当粮食？独眼龙不服，吃了他三个兄弟，他要斩龙报仇。苏密当时毫不犹豫就接了，可他接的原因应该很简单，他不相信真有龙，真的斩龙几百万怎么够？而且苏密应该没有那个本事对付得了妖龙，他会上报给苏婷的。那时候苏婷还没出世，他既然敢自己接了，那就是他认为根本没有龙，只是独眼龙他们在水下待太久。 然后产生的幻觉本来就接触水鬼，被迷惑了也很正常。三人是被水鬼杀的。苏密觉得只要下河把那女尸收了就行，降个女水师几百万合理，所以他接了。独眼龙说苏密胆子很大，可能是艺高人胆大的原因，选择了一个晚上就直接一个人下水了，只需要他们在岸上接应一下。苏密说他的手段比独眼龙他们高明，根本不用等什么下雨天。他杀了七只鸡，然后纷纷扔入了水中。女尸也好，妖龙也罢，到时候必来。 独眼龙他们看苏密这么自信，顿时也有了信心，只在岸上待着接应他，没有跟随着下去。可苏密下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上来，这就有点怪了。就算是最厉害的水娘，也不可能在水下待九十分钟。这家伙不会挂了吧？花钱请来的，大家都没有感情。由于害怕，没人敢下去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把自己也搭进去怎么办？可是又过了三十分钟后，水面犹如镜子破裂一样，一个黑乎乎的人脑袋钻了出来，正是苏密。苏密面无表情的游了上来。 脸色很差，跟死人一样，而且游得很慢。他一上岸，大家就围了上去，然后七嘴八舌的问着。可苏秘也不说话，跟个死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他身上的水滴滑落地面，变成了一滩滩浅浅的水渍。独眼龙发现他的嘴角有鸡毛，而且瞳孔有点不对劲，好像一个死人。见他不搭理人，雷狗气就上来了，想骂他收钱不办事。你上来什么情况？至少说一句啊！一声不吭就往前走，什么态度啊？可独眼龙却拉住了他，不让他说话。 此时的苏密太诡异了，情况有点不对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多久，苏密就不见了，后面再没有出现过。三都水门的人意见很大，这不是店大欺客吗？苏家的人就这样办事，可他们跟苏家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也不敢去闹事。苏婷可不是可以得罪的人。这次三都水门损失惨重，三十万还回给了人家，又死了三个兄弟，安家费又给不少，几百万在苏家请了个人来办事，结果又是不了了之。这么多钱了，扔进水也该有个声响吧。 可苏密什么都没有交代，人直接走了，没有再回来过。后面就是苏恩来了，可三都水门的人正在气头上，一来两家就吵了起来。苏恩见谈不妥，于是只能先撤，结果出去就被妖王带走了。独眼龙他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具体事情就是这样。他们不待见我们苏家也正常，因为根本就是苏密不对在先。他们出了钱，但苏家根本没有把事情办好。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还真怪不了三都水门。其实最亏的就是他们。不过苏密不是故意坑人。 他应该下水的时候就死了，尸体被人控制着上岸的。这时候，苏命看向了我，仿佛在问我相不相信这件事。说实话，光凭独眼龙的一面之词，很多东西我也无法判断。潜水难出龙，虽然是雷雨天气，可这河不是海，怎么会有潜伏的妖龙呢？这时候，我朝独眼龙说道：“苏密没完成的事情，我来帮他完成，以免坏了苏家的名声。如果完成不了，钱财双倍退还。如果真有妖龙，那我倒想见识一下。可苏密下去河里死了后。” 明明是被人种了邪涌，分明是有人搞鬼！啊，真的吗？你们不怕死啊？那苏密回去以后不是死了吗？这么邪，你还敢下水？独眼龙三个面面相觑，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赶着去送死的。这个不用你们担心，苏家接了的事，一定要给人有个交代，不然这事传出去也不好听。苏家的名声是祖宗们十几代人换来，危险又如何？妖龙也好，女尸也罢，区区一条河我都不敢下，那这个长老就白当了。 可苏命却凑了上来，小声问道：“我们不去找家主了吗？”我摇了摇头，回道：“找不了。你知道孔雀妖王把他带到何处了吗？”苏命沉默了。那妖王谁知道他去哪里了？根本无从下手去找。我的建议就是先处理眼前的问题，因为我总感觉有猫腻。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谁杀了苏命，我要他百倍奉还。那随便你们喽。但我先说好，出事了，我们三都水门可不负责。独眼龙先把责任给推了。苏命出事，苏家就来找麻烦。 再搞一次，他们可扛不住了。我点了点头，本来就是事主出钱请办事，就算死了，也只能怪自己本事不够。我让独眼龙准备几只活鸡，然后等到晚上再动手。夜黑百邪生，白天下去就只有鱼了。三都水门还算配合，但我苏阳出来闯荡江湖，谁都不信，时时刻刻依然提防着他们，因为他们刚才的话有可能在说谎。到了晚上子时，我把活鸡全部劈头，然后扔了下去，鸡血染红了水面，一股腥味扑面而来。 做完这一切后，我突然踢了水娘一脚屁股，她惨叫一声，直接跌入了水里。你干嘛？独眼龙和雷狗见我此举动，以为不善，连忙暴怒。我轻轻一笑，横扫了他们一脚，将他们逼开了一米之外。独眼哥借小妹一用，保证归还，少一根头发我都以死谢罪。说完以后，我拉着苏命一起跳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带水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水性好，一个是当人质。水娘不上岸，三都水门不敢使坏。 凡事要留一个心眼，人心否测，京都水很深。可苏命扑通几下不愿意了，连忙骂道：“你要下去拉我干什么？我在岸上掩护你啊！我可不愿意下，掩护你妹！”这句话都是我跟别人说的，给老子下去！我一手按一个，咕噜噜几声，三人一起潜入了河底。下水的时候，我故意观察了独眼龙他们一眼，发现他们不敢追下来，很明显河里是有危险的。女尸不足以让他们捞尸人这么害怕，或者他们说妖龙是真的。 河水无比冰冷，水娘水性极其好，在水底跟泥鳅一样，我差点抓她不住，但她不敢乱跑，好像很害怕一样。苏命则半推半就的样子，她极其不愿意下来，在那划拉半天，慢得要死。我把鸡都按到了水底，然后让水流带着她走，但流速很慢，水好像静止了一样。一开始很清澈，但我们下来以后就开始变得浑浊。水里有邪气，有可能女尸要出来了。我跟苏命都小心翼翼看着四周，暂时还没有看到龙的身影。等了一会，水娘有点不耐烦了。 好像想跑，但我死死按住了他的头，不让他离开。只要他在我们手里，三都水门就不敢使猫腻。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很多头发飘了过来，跟独眼龙说的一模一样，水鬼的常用伎俩，特别是女尸。水娘好像看到了什么，她也不挣扎了，而是指了指前方。我定睛望去，发现一个女尸站立于水中，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浑身黄肿，眼睛带血的看着我们仨。她湿漉漉的头发披在脸上，衣服随水流摆动。她看我们的眼神有怨气。 明显是想杀了我们当替死鬼，这应该就是独眼龙他们要捞的女尸了。这种女尸在我们面前不够看的。我给了苏命一个眼神，这家伙懒洋洋的拔出剑，直接朝着女尸奔去。女尸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居然跟僵尸一样朝苏命跳了过来。在水中，她力大无穷，自然不会怕人。她恐怖的腐烂手掌朝苏命抓来，周围的水纹都在波动，可苏命直接躲了过去，灵活的像条鱼，一个转身绕到了女尸的背后。 掌中带铜钱，直接打进了女尸的后背，铜钱发出金光，女尸一阵哀嚎，顿时动弹不得，犹如一座山一样将她压住了。苏命直接骑在她身上，剑瞬间割喉，女尸的头颅三秒不到，直接被苏命割了下来。女尸身体一软，不再作祟，开始往下沉。水娘都看呆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在说：“这么简单就解决了。”苏命脚夹着女尸的尸体，不让其下沉，左手拿着其头颅。水娘连忙挥手示意。 表示可以走了，这河里他是一秒都不想待，而且做事要走，反正女尸的找到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水快速浑浊，一股股水浪汹涌袭来，好像有什么大东西要出动了一样。我心里一惊，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说的龙，我连忙挥手示意，让苏命快点回来，有危险。但是，一秒不到，突然一个巨大的龙头出现在,在水中，犹如怪物一样，它张开恐怖的龙牙，大口犹如深渊，直接将苏命和女尸一口吐下了。龙。 真的出现了！水娘见到龙以后，吓得惊恐至极，甚至连逃跑都忘了。这龙极其狂暴，妖气冲天，不像传说中的真龙，甚至连蛇仙化成的蛟龙都不如。蛇仙是吸取了昆仑山的灵气，跟这种一身妖气的完全不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古代一种职业——四龙者。所谓的四龙者，根本养的不是真龙，而是蛇，然后以恐怖的方式让其成蛟，看起来有点像龙，但离龙差远了。古代有很多野史记载的。 甚至有说皇帝还吃过龙肉，其实吃的就是这种妖的修炼很特别，就算靠吃人也可以提高修为。古代人命如草芥，用人喂妖很正常。不过要想喂一条蛇妖成蛟龙，那得付出极其长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管这妖龙是不是古代的这种，现在他吞了苏命，我要把他开膛破肚，将苏命救出来。可我刚刚动身，突然水底下的淤泥全部冒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个个人形态，跟泥人一样。他们拿着刀剑，全部向我袭来。 果然，这河底有猫腻。我拔出蛟龙刃，然后一刀朝他们砍去。可是那些泥人很粘，不但不怕刀砍，还瞬间粘住了我的刀，跟狗皮膏药一样。这什么秘术？这么烦人的！我皱了下眉头，四处看去，但除了泥人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真人藏头露尾的，可真是鼠辈。我手捻兰花手肘直接打在了泥人身上，砰的一声，他瞬间化成了烂泥，然后落回了河底。还是咒法有用，这玩意有邪。 可这种秘术很少见到，可能是水底的功夫。烂泥被打破后，瞬间一分为二，不但杀不死，还瞬间分裂了。这时候河底的淤泥全部化成了泥人，成千上万，跟秦朝兵马俑一样，而且数量不断在激增。这样下去，恐怕会形成十万之势，甚至更多。这数量和难产指数太高了。果然，水下是是非之地，得先上去。那龙不会放过我的，他一定会追上来。到了水面再想办法收拾他们。苏命没有那么容易死，这家伙命硬得很。 走，我拉着水娘往上逃，泥人全部追了上来，数量极其庞大，密密麻麻的。那龙也是摇晃着狂暴的身体，直接冲我们吞噬而来。这龙真垃圾，连龙吟都没有。之前听独眼龙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只说见到了龙，没有说听到龙吟。可就算蛟龙也是有龙吟的，可见这龙有多下等，百分之八十是冒牌货。追上来吧，刚好拿你当跳板，这水太不方便了。扑通一声，我跟水娘钻出了水面。 可紧接而来的就是狂暴龙牙，闪！我拉着水娘往侧面躲，这才没有落入龙口，而是反跳到了龙身上。水娘害怕极了，疯狂抓着龙须。那龙极其狂暴，怒吼着疯狂摇摆，想将我们甩下去。我挥动着蛟龙刃，直接一刀扎了下去，噗嗤一声，鲜血四溅，疼的那龙四处翻滚，溅起了无数的水花，水面上猩红一片。畜生，别动，不然我要你命！我这刀可是真正的龙刀，这玩意。 好像能听得懂人话，真的不动了，不然我能宰了他，在龙背开几个孔，他不死也惨。这时候，成千上万的泥人跟蚂蚁一样跳了上来，挥舞着刀剑朝我砍来，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呵,呵，雕虫小技，刚才在水里拿你们没办法，还真敢追上来！我手掐手诀，口中念念有词，湿漉漉的灵符依然有用，一道道金光发出，咒令如山，法力化成波纹荡漾而出。天诀，荡邪符。 我大喝一声，顿时轰的一下，一道道光圈荡漾而出，恐怖的法力掀翻一切，邪灵退散，所有泥人瞬间化为了虚无，河面都恢复了平静。水娘看湿了，呸！水娘看呆了，一副崇拜的样子看着我，这就是苏家吗？居然连龙都不敢乱来，听话的漂浮在水面上。把苏命吐出来，不然我宰了你，回去煲汤喝。我挥舞着蛟龙刃，然后指着他的龙头说道：“可龙却摇了摇头，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在说他根本没有吃苏命吗？” 与此同时，突然河面开始断层，如果跟大裂谷一样慢慢分离，直接出现了一条大道。苏命站在河道中间，他没有了上衣，除了十八块腹肌以外，身上满是鬼咒，甚至脸上都有。他手上的剑变成了两把，而且全是鬼纹，剑上冒着黑气，应该是双剑劈开了河，然后从下面走了上来。这小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是应该在龙腹吗？一直没见过他的真正实力，今晚算是一睹为快了。还会开双剑劈河，本事不小啊！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转移的，龙刚才没有吞掉他吗？小心，还没完。苏命偏着头说道，好像在看着哪里。我也警惕了起来。四龙人、淤泥树，还有重蝉蛹的，全都没有出来，不知道隐藏在何处。这时候，苏命的眼里突然射出了一道金光，双剑挥舞，然后砍向了九点钟方向。出来吧，鬼谷后人，藏头露尾的，看不起我苏命吗？苏命双剑发出两道斜光，再次将河流斩断层。 随着一声轰响，一个老头骑着纸马出现在水面上。纸马不点睛，但却跟船一样稳稳当当站于水面，极其邪门。纸里应怕水火，但此纸沾水不怕。老头白须白发，身短长眉，牙齿少了一半。出来后对着我们呵呵大笑，随即看向了苏命、苏峰的孙子吗？那个疯子居然也有孙子，可真逗。苏命善剑指着他：“如果你一聊就要侮辱先人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跟你母亲发生关系的故事了。” 老头眼睛一眯，有根青筋在脑门上爆了起来，明显在冒火。你也是个疯子吗？这个可以回去问你妈妈。那一晚，他什么都知道了。苏命跟老头对线了起来。你老头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从河底传来，又有两个人冒了出来。一位白衣女子，年龄大概二十五六岁，长相清秀，身高一米七左右，青朗短发，肩膀上抚着两只蝉。另外一个也是老头，但看起来年轻一点。 高高瘦瘦，一身黑衣，他们都是从河底出来的，但却一点不沾水，完全不湿身，不像我，苦茬子都特么湿了。看来他们都是高手。其他两个老头先不管，这个女人应该就是杀害苏密的凶手了。你们是何人？为何要在河底作恶？我朝他们仨问道。骑纸马的老头回道：“在下鬼门中人，人称外号鬼妻，我是鬼谷子的传人，见过苏家大长老。”白衣女子也是彬彬有礼作揖道：“在下徐凌。” 养灵门中人见过苏家长老，另外一个老头紧跟着说道：“在下陈烨，四龙人见过苏家长老。”他们都纷纷自报家门，语气也很和善，但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绝对不是善茬，眼中有杀气。他们是为了我的命而来的。你们要干啥？潜伏河底害人，作恶多端。我冷冷质问道。鬼七呵呵一笑：“不，我们不是作恶随便杀人，我们是想杀苏家的家主。没想到啊，来了个长老替死鬼。” 要不是那妖王从中作梗，苏恩必死。真晦气，没想到最后只能杀一个小小的长老。徐凌摸了摸肩膀上的两只蝉，也是冷冷说道：“杀个长老也可以，杀鸡儆猴吧，让苏家知道我们的厉害。”两人短短的两句话，我已经明白了。原来是弑神计划的人，京都到底集齐了多少高手要对付我们苏家？我这是第二次给苏恩挡刀了吗？弑神计划里还有多少人？全叫出来一起上吧，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朝着他们三个说着，然后看了一眼苏命。 示意他随时都准备好要杀人了。操！我就知道你养的那什么蚕蛹不靠谱，还每天喂他人肉，有啥用？就该把他嘴巴缝起来。现在把我们的秘密都说出去了。鬼妻破口大骂，徐凌则不以为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慌什么？咱们把他杀了，不也是死人一个？知道又怎么样？反正我们到时候也得把苏家荡平了。也是，苏家长老，请您上路吧。你们苏家成为顶流太久，也该掉下来了。给我们也混口饭吃吧。我谢谢您。 鬼七说着，双掌摩擦，一大团鬼火升起，然后化成火路朝我们奔来。周围的水疯狂上涌，变成了一个个水人。鬼气消失，他的术非常邪门，根本看不透。这么年轻就当了长老，责怪可惜的。可惜你生错年代了，苏婷死太早，你们苏家该落幕了。千蜂多。徐凌张开双臂，长长的袖子中飞出许多蜜蜂，然后嗡嗡嗡的朝我飞来，数量极其多。这种蜜蜂是会死人的，我连忙起咒，火符捻在掌心。 以法力驱咒，顿时火焰四起，烧得飞来的蜜蜂滋滋响。我举刀一砍，将鬼火路瞬间斩灭，黑烟四起。周围的水化成的鬼人全部涌了上来，想将我分尸。水娘吓得尖叫了起来。我念着咒语，一股力量如雷轰，无极天咒，雷法自然，咒法瞬间爆开，周围的水人马上消散，变成水哗啦啦的落下。我挥舞着蛟龙刃，冷哼一声，不堪一击。三人有些愤怒，居然被看不起了。徐灵大喝一声：“陈老头！” 你的龙怎么回事？让他把人甩下水！快点！闭嘴！我用你叫！那畜生居然在害怕，真窝囊！陈烨说着，双掌一合，啪一声巨响后，厉声喝道：“驱妖灵，长邪心，驱龙身，换魔体。”咒语一出，我脚下的龙突然狂暴了起来，疯狂摆尾甩头。水娘终于抓不住了，直接跌落水里。但没关系，她水性好，而且这三个人不是冲她来的。龙的眼睛已经发红，彻底进入了狂暴状态。 他的舌头很长，蛇的特征还没完全褪去，一点龙气都没有，简直就是四不像。这玩意垃圾的要死，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除了形态有点像，其他的真不行。机会来了，陈烨提醒着另外两人，因为龙身剧烈摆动，我有点站立不稳，正是杀我的好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鬼七居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他匕首直接在后面朝捅了进去。再见了，苏家长老，怪你怪你命不好，当了家主的替死鬼。咔嚓一声。 他的匕首断成了两截，我的神宇内甲不是这种烂兵器能破的。你可真是笑死我了！我挥舞着蛟龙刃，一刃斩之，龙头直接被我斩断了，尸首分离，庞大的血水落入河中，将河水染得猩红无比。鬼妻也瞬间变成了两截，一刀两个，瞬间斩杀。但鬼妻没死，人变成了纸马，用了替身吗？龙落入河中，瞬间丧命。鬼妻出现的时候，满头大汗，脸色惨白，估计给吓得不轻。刚才要是真身。 他人就完蛋了。我没有落入河中，而是踩在龙尸身上，眺望着他们三人。陈烨气得牙痒痒的，几代人饲养的龙就这样被杀了。他青筋暴起，想马上将我碎尸万段。小心，这小子比想象中厉害，不愧是苏家长老。鬼七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一刀斩龙，还连带差点把他也杀了。恐怖的杀意袭来，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我笑了一下，对，是该小心了，不然会死的哦。 我的话音一落，突然陈烨就僵住了，仿佛触电了一样，豆大的汗珠从脑门滑落。这小子什么时候？陈烨扭头看向了背后，而苏命已经出现在他背后，神不知鬼不觉。双剑一划，周围的空气好像都被抽空了一样，寒光四闪，风声如鬼一样呼呼吹着。你没有龙，是不是最好杀的那个了？苏命的话音冰冷如雪，双剑落下，剑影乱飞。陈烨想挡，已经来不及，几声哀嚎响,响起，顿时他分成了两半。 血花四溅，内脏落于河中，瞬间被冲走。四龙人被虐杀，看呆了。其余两人养蛇就养蛇，还给自己贴金，说什么四龙，真搞笑。苏命冷冷说着：“臭小子，别狂妄，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徐林说着，打了个响指，肩膀上的蝉突然鸣叫了起来，声音非常尖锐，听得人顿时头晕眼花，好像产生了幻觉一样，整个脑子全是蝉鸣，耳朵跟被针刺一样。徐林这蝉极其厉害，一声一声的蝉鸣让人头痛欲裂。 眼睛看东西都花，仿佛要产生幻觉一样。此时，徐凌对我们发出了一声冷笑，他的手指甲突然长出了倒刺，然后朝我们袭来。那倒刺好像会无限生长一样，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是苏命却好像无视人一样，挥剑斩断倒刺，寒剑破空，双剑合斩，徐凌不敌，连忙翻身下水，一脸惊讶的想逃。不可能，没有人能挡得住我的春蝉。为什么你会没事？就算再厉害的高手，在我的春蝉下都得呆滞几分钟。 徐凌不解，他的春蝉确实厉害，这叫声能让人脑袋都要炸裂。这时候，苏命从耳根拔出了两根长长的银针，封住耳窍不就行？有何难？徐凌，咚的一声，徐凌已经落入了水中，瞬间消失在水平面。迟了，你走不掉。苏命说着，嘴上念念有词，一道道黑光亮起，他身上的鬼咒在发挥作用。我居然听到了吱呀一声，好像有道门被打开了一样。水里居然出现了阴兵借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阴兵会借水道的，河水开道，犹如峡谷裂开一样。一对阴兵出现在水底下，而河水分开了一条。徐林顿时出现在苏命的眼底。徐林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景象，在开什么玩笑？阴兵借水道，不可能，在我也中了春蝉的幻觉吗？可无论他怎么揉眼睛，发生在眼前的事情都不会消失，这就是真的，根本不是幻觉。找到你了，苏命举起双剑，然后朝着徐林斩下。徐林想逃，可是阴兵震慑。 阴将所有阴气压向了他，他身体沉重如铁，脚下好像灌了盐一样，一步都无法挪动。不不，剑刃落下，徐林被劈成了两半，命运当场死相惨烈。阴兵消失，河水瞬间融合，徐林的尸体消失在了河底中。还有一个，我看向了鬼妻，这老头开始害怕了，惨死两个，自己一个人自然不是对手，撒腿就想跑。他吐出了一口烟，烟雾慢慢蔓延化大，然后他钻入了烟中，瞬间消失了。 苏命一剑斩散了烟雾，但是鬼妻已经不在里面。那人呢？我指了指下面，苏命立刻会意，这家伙用的障眼法跟魔术很像，用烟雾吸引我们而已。其实人已经掉入了河中。扑通两下，我跟苏命双双坠河。两人四处寻找，终于看到了一个身影在河底拼命游着，速度很快。我跟苏命立刻拦截了过去，然后将其包围。鬼妻吓坏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破解了他的伎俩，追了上来。他咬破了手指头，将血散出去，配合咒法。 他的血居然将整条河的水鬼都引了过来。我挥动蛟龙刃，一刀瞬间斩灭了一半的水鬼。蛟龙咆哮，刀气如骤雷，恐怖如斯。水鬼们害怕了，根本不敢靠近。鬼妻惊得目瞪口呆，游得更快了。但他看我的时候，苏命居然追上了他。鬼妻连忙奋起反抗，水中推了几掌，居然将苏命打了出去。他好像在水里不受阻力一样，可被苏命拦截下来，他已经逃不掉了。我顿时冲了上去，他咬牙使出浑身力气。 朝我冲拳，我使出盘古之力，跟他对了一拳，只听见一声骨裂，鬼七整个人飞出了水面，跟风筝一样，然后再摔下来，咚的一声。等他再落下来的时候，口吐鲜血，我掐住了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动弹，疼痛让他浑身无力，更加无法反抗。我示意苏命找回水娘，然后一起上岸。我们三人带上鬼七，成功回到了岸边。独眼龙他们刚才都看呆了，直到现在都说不出话来。精彩的斗法，碾压的实力，他顿时对我们苏家多了几分敬畏。 长老都如此强，家主得有多恐怖？幸亏那晚没跟苏恩发生摩擦，不然估计得被打的屎都出来。上岸后，独眼龙上来就给了鬼七几个大嘴巴，然后骂道：“就是你们三个在水里作祟是吧？还我三个兄弟的命来，还有我损失的钱！”鬼七满口鲜血，虽然虎落平阳，但也不想被独眼龙欺，直接怨恨的瞪着独眼龙。他比独眼龙的气势强太多了，吓得独眼龙打了个寒战，不敢再为难他。要是鬼七今晚不死，怕他回来报复。 独眼龙怕他，我可不怕。拍了拍衣服上的水珠后，我一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上。他胸口受压，又吐出了一口血，说：“现在你们谁是头？”我逼问道。哈哈，鬼七笑了起来。苏家必垮，但不用怕，叶家会给你们陪葬的。哈哈，有种就杀了我！鬼七嘴还挺硬，他真是不知道我的手段有多残忍。弑神计划一定有一个人带头提出，不然不可能莫名其妙有人聚合起来说要整垮苏家和叶家。 我很想知道这个带头的人到底是谁。行，不说是吧？人要脸，树要皮，我看你脸皮有多厚。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多拍拍，每发出去一张，我给一千块，无限制。说完以后，我开始扒鬼气的衣服，他慌了，连忙支支吾吾的问道：“你要干什么？你、你、你有病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别耍花招。前辈，你都要死了，那怎么能不留下一点东西在人间呢？我这是为你着想。” 我二话不说，将他的衣服撕得稀巴烂。那些三都水门的人听说有钱拿，而且是无限制的，拿出手机就咔咔快拍了起来，根本停不下来。鬼妻一把年纪了，还要受这种奇耻大辱，差点就大哭了起来。正所谓要留得清白在人间，有些人不怕死，但就怕这些，特别是年纪大的前辈。别舞别舞，明天我保证让京都每个人都能看见你的英姿。嘿嘿嘿，我阴险的笑了起来，杀他那不是便宜他吗？ 尊严上的折磨，那才是最恐怖的，会让人生不如死。人可以死，但你不能侮辱他，这比死还难受。别拍了，我说，我说，你简直卑鄙无耻！我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受这样的罪，你是人吗？鬼妻欲哭无泪。早点说嘛，那就不用受罪了。你自己找来的。好了好了，大家别拍了，我等下一人给一万。前辈，说吧。我挥舞着手，让他们都收起了手机。鬼妻这时候才默默说道：“是是，云墨轩，沈洛伊。” 是他，我顿时有些吃惊。发起这个计划的人居然是他，他为什么要整垮苏家和叶家？难道他想要取代这两个家族吗？野心这么大，京都这么大，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是一块大肥肉。沈洛一想要整块都吞入嘴里。不对，如果沈洛一是他们现在的头目，那他必然知道我的本事。糟糕，是调虎离山之计，苏家要出事，他在故意把我和苏恩都引出来。给我手机，快！ 下水的时候已经把手机给了独眼龙，现在连忙把手机夺了回来。毕竟不是山寨机，不防水的。意识苏家有危险后，我连忙拨打了白姑的电话。她在苏家。通了之后，我连忙问白姑苏家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白姑好像在睡觉，声音有点迷糊，打了个哈欠后说道：“好像没有，外面一点声响都没有。我在睡觉。”“没有？难道我猜错了吗？”苏家有法阵，一般人还真不敢硬闯，就怕空同老祖。最大的危险不是沈洛伊，而是那个老家伙。 别睡了，把大家召集起来，我现在就回去。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沈洛伊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急急躁躁的？白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因为我的语气已经很重，她顿时没了睡意。现在苏家深陷风波，时时刻刻都应该警觉。别问了，没时间跟你说，先守住苏家，我这就回来。我挂了电话，然后和苏命准备返回苏家。走了几步后，我好像忘记了有什么事没做，又原路返回，刀头高举。 一刀封喉，鬼妻直接倒头，一命呜呼，血溅在了众人的身上。老头，你有功，让你死得痛快一点。我说完后，扛着大刀走了，只留下一脸惊愕的三都水门众人。他们这回不但要捞尸，还得收尸了。攀上苏家真倒霉。回去的一路上，我们两个都湿漉漉的，但我没心情管这些，有点心神不宁。果然，在半路，白姑就给我打电话了。她有些仓促地说道：“苏阳，地牢的人没了。”地牢的人？地牢我进去过。 之前我和老乞丐苏魂都被抓进去过，可好像就我们仨呀，我也没见地牢关了什么人。难道苏家有心犯事的？是另外一个地牢。白姑怕我误会，又补了一句：“另外一个地牢，苏家怎么有两个地牢？我当了几个月的长老，也不知道这回事。”白姑这么紧张，关的人一定很重要。不过她说很复杂，让我回来再说。反正我也很快到家了，就匆忙把电话给挂了。大概十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苏家大院，几乎所有人都聚集了起来。 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一样，苏家的地牢被打开，意思就是进了外人，还放跑了犯人，事当然就大了。苏家如果可以被外人来去自如，那脸就丢大了。你可回来了，跟我来。白姑直接领我去了另外一个大牢，让躁动的人群先在院子里候着。来到我以前待过的地牢，白姑没有直接停留，而是绕到了背面。这里有一道非常隐秘的石门，而石门是靠着假山的，一般很难被发现。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地牢的背面居然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地牢。 地牢的锁已经断落在地，很明显被强入的。又是自己人干的吗？如果不是，何人能在我苏家进出自如？我更好奇的是，地牢里关的是谁？为什么单独给他造了一个地牢关押着？能这样特殊待遇的，应该是重犯了。白骨打开了扮演的牢门，说道：“这里面关的人是苏婷的母亲。”苏婷的母亲？那不是苏灭的老婆吗？那得多少岁？老成什么样了？居然还没死？为什么关他？我朝白骨问道。 白姑答道：“具体我也不知道。听说是他疯了，会暴力杀人。前任家主死之前将他关押了起来，下令说谁也不能放他，关到死为止。”苏灭这么狠，自己假死怕老婆红杏出墙吗？怎么能把他把关到地牢这么多年，暗无天日的？这估计比死都难受。疯了送精神病院啊！那精神病院连火云邪神都可以收，还怕你一个家主夫人吗？我负责送饭，所以知道这有个地牢。从我来这个家以后，都是我送的饭。但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白姑又补了一句：“苏灭死的时候，估计白姑还没进苏家，别说关老婆了。那她真的是疯子吗？”我又极其好奇的问道：“听说苏婷和苏魂都有狂躁的基因，就是因为遗传了母亲嗜血又易怒，跟发疯一样。”白姑皱了皱眉头，我不太确定，但她情绪极其不稳定，有时候温文尔雅，跟千金小姐一样端庄，有时候跟泼妇一样，骂完老公就骂儿子，说他们没人性，把她关在这里等死。 毕竟被关在地牢这么多年，暗无天日，有这种情绪也正常。苏灭狠，苏婷也狠，把自己母亲这样关着，真没问题吗？不是疯子也变疯子了吧？不过有两点很奇怪，他眼睛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红瞳。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红眼病，但好像他眼睛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单纯的瞳色跟我们不一样。白骨补充道：“红瞳，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是不是姓莫？”我急忙问道。白骨点了点头：“没错。” 他叫墨轩，你怎么知道的？你有查过？我摇了摇头。其实苏家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苏面好像刻意把墨轩的一切抹去了一样。我只知道他姓莫。墨轩，他是魔族人吗？之前南明离火的故事就出现过一个墨姓的女子，她说自己是魔族，来自远方。雨嫣也姓莫，红瞳，看来这就是他们的特征了。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苏婷那一代还有苏温这一代没有一个人红瞳？刚才你说了，不是有两点奇怪吗？ 还有一点呢，我又问道。这时候，白姑低声说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好像看起来很年轻，至少比苏婷都年轻。而且他在地牢从不生病，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总感觉怪怪的。年轻，没有生病过。按照苏灭的年龄，这墨轩少说有一百岁以上了，居然看起来比苏婷的年轻，那是苏婷他老母。地牢暗无天日，又被关着，人的身体应该很差，怎么会没有生病过呢？” 我突然想起了苏婷身上的诡异，她的身体会复原，也会变年轻。虽然大部分都是女娲石的功劳，但无可否认，她自己的身体也得有这种基因。这就是魔族吗？到底所谓的魔族来自哪里？是真正的魔吗？何为魔？说完墨轩的事，白骨领着我下了地牢。这里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毕竟是家主夫人。地牢里干净简洁，而且没有想象中的霉味。牢里面有几根很粗大的铁链，看来这个墨轩也不简单，不然不会如此加固。 牢门已经破碎，铁链也断成了一节一节。墨轩被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逃掉，现在也不可能逃得出去。很明显是被人救走的。沈洛伊肯定没有这个本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空峒老祖，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苏家出了内鬼。引我和苏恩出去的原因，就是为了救墨轩吗？除了你，还有谁知道这个地牢？我一边问着，一边慢慢走进地牢，然后观察着破碎的牢房和铁链。 看情况，这都是被内力强行震碎的，没有用任何力气和钝器。来者实力深不可测，苏家应该没有这样的人，还真有可能是崆峒老祖。以他的本事，估计可以闯过苏家的法阵，然后悄无声息的将墨轩救走。白姑思考了一下，然后才回答道：“现在知道的，应该就苏恩一人了。我没在的这段时间，估计也是苏恩送的饭。墨轩也最喜欢他，乖巧听话。苏留太野了，老人家应该都喜欢苏恩这样的孙女吧？那应该没跑了，苏恩不在苏家。” 而且不可能是他放的，那就剩空峒老祖这么一个可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救墨轩出去？想利用墨轩报复苏家吗？墨轩被关在地牢这么多年，暗无天日，肯定满腹怨恨。利用他向苏家发难，还真是一个卑鄙的主意。就是不知道空峒老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你知道是谁干的了？白姑见我眉头深锁，连忙问道。我的神情分明是有了眉目。我点了点头，虽然不确定，但应该十有八九了。 人已经被救走，想这些已经没用，要想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得先把苏恩找回来，然后我去一趟云墨轩。如果谈不妥，我就毁了云墨轩。我自言自语着。沈洛伊不能留，云墨轩也不能。但难对付的不是沈洛伊，而是他身后的空同老祖。不过云墨轩是商业行为，现在作为财富最顶级的拥有者，我可以毫不费力的让他倒闭。白姑，从今天起，苏家停止一切任务和生意。苏家子弟没什么事，严禁出门，全员轮流三班到巡视苏家。 白姑听了后，好像有点不太同意，愁眉苦脸的回道：“你才刚刚又当回长老，这样断了苏家子弟的财物，恐怕会有怨言。要不我把弑神计划告诉大伙？”“不用，还没到时候。”我拒绝了白姑的建议，然后给他写了一张二十亿的支票。这笔钱你先发下去，他们会闭嘴的。白姑看见这么多钱，咕噜一下吞了一大口口水。苏阳，你，你出手这么大方吗？不差钱，发给他们吧。我挥了挥手，扬长而去。财富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分一点给大家又能怎么样？二十亿而已，小意思。我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叫起了师傅。没一会，一道倩影出现在椅子上。狐仙拿起桌上的茶杯，一饮而尽，然后说道：“叫唤为师，有何要紧事啊？”师傅，徒弟有一事相求。”我对狐仙说道。狐仙已经猜了出来，眉目一眯：“你想要我找孔雀妖王要人是吗？”对，我点了点头。苏温被孔雀妖王带走，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有点担心苏恩的安危。龙虎山上见识过孔雀妖王的实力，苏恩绝不是对手。狐仙在妖界必定有地位，他去找孔雀妖王何事？而我明早则去云墨轩一趟，这是最后的谈判，不合就打。沈洛一不是什么弑神计划的头吗？我先把他给灭了，我看一下京都还有谁敢对我们苏家龇牙咧嘴。擒贼先擒王，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而且我杀了鬼妻三人，也必定震下了其他人，不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 狐仙叹了口气，好像有些为难。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妖王住的地方与人间不同，想要去的话，就连我也无法硬闯。来软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狐仙站了起来，来回踱步，集齐五野仙、狐黄、白柳灰，方可打开去往妖界之门。孔雀妖王的实力虽然在我之下，但妖界之门是几代妖王的精血之力所住，单凭我一个人也无法打开。这可有点棘手了。不是集齐五仙困难，是特么的差一个。蛇仙这老鹰比死了。 上哪整去？不对，之前爷爷造千机伞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对付上一代白仙吗？也就是说，所谓的野仙可以传承。那这个蛇仙死了，再找下一个来替代。师傅，新的蛇仙出来了吗？之前那个已经被那家伙杀了。狐仙摇了摇头，没有那么容易，得看缘。我们这些野仙跟东北的出马仙不一样，不是修个堂口就行。我们五个都是有真正大道行，能修成人形，立地而生，而且借了人缘，真正入世，被天道承认的五仙。 其他的什么黄皮子成精、蛇成精之类的，也可以叫他们黄大仙、蛇仙，但跟真正的五野仙不是一回事。狐仙所言不假，但这太难了，这得完全看运气、看缘分，有可能下一个蛇仙得千年万年才出现。可苏家不能一日无主，苏恩刚刚当上家主就失踪多日的话，苏家会再起风波。本来就有很多人不服他，他必须回来。师傅，难道你就没有认识的蛇精适合当野仙的吗？我不肯放弃，依然追问着。现在就差一个蛇仙。 不管是黄大仙也好，鼠仙也好，我都可以集齐。白仙是我二婶，那就更没有问题了。有，狐仙居然点头了。我知道一条白蛇修炼的还不错，就差一点机缘。你敢刺他人皮吗？操！让我包人皮给他，那我不得痛死？包皮还差不多，老子不想死。师傅，包人皮，赠仙缘，让他得因果成为野仙不是不行。那问题是我包了皮，那我不得也死了吗？我又不是将死之人，一命换一命我可不干。我连忙拒绝了。 除非是白素贞，不然没得商量。那你还说让我想想办法吧，头疼啊！那孔雀妖王也不是什么善茬，人家上次在龙虎山只是见风使舵，凑凑热闹而已，真拼命也是很猛的。狐仙揉着太阳穴，一副极其为难的样子。五野仙差一个，不但要找到合适的野仙，还得助他成为野仙。趁着这会功夫，我联系了黄大仙和白仙，希望他们能赶来一趟京都。至于鼠仙，明天去了云墨轩，我就得去找一趟他。剩下蛇仙的事就交给狐仙了。 机缘没有就创造机缘，这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被狐仙选中的蛇也太幸运了。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给李波二打了个电话，让他带人来云墨轩。老子今天要干票大的！我跟云墨轩的矛盾激化太大了，不管是沈洛伊也好，崆峒老祖也罢，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了。挂了电话后，我大摇大摆的来到了云墨轩。这里依旧门庭若市，但门面上只是个下棋的雅苑，地下则是跟黑市差不多的勾当。龟奴认识我，一见到我就迎了过来。 然后卑躬屈膝地说道：“六爷，您来了，来了，你在等我。”我皱了皱眉头，这龟奴知道我会来。当然，老板叫我在此处候着，就等你的到来。龟奴嘿嘿笑着，有点难看，然后在前面给我带路。知道我来也不是什么难算的事，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我跟在龟奴身后，异常的小心，我怕他们因我一手。越往下越黑暗。 给人一种鼠窝的感觉，但其实建的房间是很豪华的。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许多不堪入耳的声音传出，这里都是有钱人的游乐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肮脏，但对于他们来说是乐园。可一路平安无事，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陷阱。再次来到沈洛伊的房门前，熟悉的香气一出来，是个男人闻了都心旷神怡。这种展男的香水可不便宜，用来勾引男人最佳。泰国有种香水是用尸油做的，男人闻了会跟野兽一样，而且会上瘾，一夜七次不是梦。主人，六爷来了。 龟奴敲了敲门，进来吧。沈洛伊的声音传出。龟奴慢慢打开了房门，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扫了一眼里面，然后才小心翼翼走进房间里。除了沈洛伊，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他跪在地上，头被黑带蒙着，看不出脸，双手被粗绳反绑。既然看不到脸，我自然不知道是谁。我也不想去管其他事，我直奔主题，对沈洛伊说道：“该收手了，把墨轩还回来。其他的门派让他们解散了，不然都得死。”哦，是吗？ 苏阳哥哥，你是觉得我惹不起你们苏家吗？沈洛伊轻轻笑着，然后给我倒了一杯茶，清茶扑鼻，但倒影出来的却是沈洛伊妖艳的样子，红尘白粉，一身俗气，犹如粉红骷髅。不，不是惹不起苏家，是惹不起我。我手放到了茶桌上，我没有去接茶杯，直接轻轻一按，顿时茶杯砰的一声直接爆炸了，茶桌裂开了一半，轰的一声倒向两边。跪着的男人好像被吓了一下，身体一抖。可沈洛伊却是非常淡定。 只是拍了一下溅在衣服上的水花。苏阳哥哥，我没说要跟你作对啊，我只是想毁了苏家，不是想毁了你。跟苏家作对就是跟我作对，有什么两样？我冷哼了一声。这时候，沈洛伊长吸了一口气，然后站到了男人身边。那个男人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了杀气，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沈洛伊突然拔出了挂在墙上的长剑，然后一剑斩了下去。咕噜噜一声，男人人头落地，血花四溅，他的身体应声而倒，也就仅仅抽搐了几下而已。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沈洛伊掏出一条手帕，然后擦了擦剑上的血，仿佛杀的是一只鸡而不是人。人命如草芥，能杀人后如此轻松自如的，那肯定是一个屠夫，本身就杀过很多人。苏阳哥哥，知道他是谁吗？沈洛伊收剑后问道。我皱起了眉头，不知道这婆娘想干嘛。她知道我要来找茬，然后故意找个人来杀，杀鸡儆猴吗？谁？沈洛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起了人头。 然后将蒙在头上的黑带撕开，一张苍白如纸、刚刚失去生命的人头出现在我面前。这个男人我知道他，他是叶家新上任的家主，叫叶青。你杀了叶家的新家主？我有些惊愕。沈洛一杀叶家的新家主，居然跟杀鸡一样。沈洛一笑了起来，哈哈哈、啊，很出奇吗？叶无涯失踪多日未归，估计尸体都臭了。叶寒一走了，叶家龙虎山一战，死伤无数，精英没了一半，现在的叶家根本就是垃圾。 说完后，沈洛伊又补了一句：“苏阳哥哥，如果苏家没有了你，应该也跟现在的叶家一样吧？现在京都一半的家族和门派都跟我合作，你信不信我猜死苏恩就跟猜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苏阳哥哥，时代变了，苏家和叶家兴隆了千年之久，也该落幕了。没有人能永远称霸，不是吗？”看着那颗人头和地上的血，我突然感觉莫名的悲哀。曾经的叶家多么风光，一剑开鬼门，一剑诛仙，各种至高无上的称号加身，京都谁不敬畏几分？ 斩妖除魔，何其风光！千年以来，谁不臣服？与苏家并驾齐驱多年，屹立于阴阳两界顶峰之上，也就苏灭时代略显逊色，其他的时代都是人人畏惧的家族。没想到啊，如今就连家主都能被这样杀，优胜劣汰，叶家真的要落幕了。弱者没有救赎，这就是残酷的社会。可是我苏家定不可如此！沈洛伊拿叶家新家主开刀，就是为了给我来个杀鸡儆猴吗？想震慑我？ 可凭他还没有资格，而且叶家再垃圾，也不可能就凭他可以随意杀之的。空峒老祖，出来吧！我冷哼一声，眼睛扫向了房间的四周，没有空峒老祖，沈洛伊估计都不敢独自见我。空峒老祖加上京都一半的门派家族，那叶家自然是无法抵抗了。话音一落，空峒老祖就如鬼魅般出现了，速度极其快。空峒派干这种事，真的好吗？空峒老祖面对我的质问，只是淡然一笑：“人各有志。” 你有你的目标，我也有我的目标。世家道德又能怎么样？是吗？那你想要什么？我好奇地看向了他。这个空同老祖无缘无故带着所有弟子入世，甚至和沈洛伊一直干着卑鄙又毒辣的事情，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别告诉我是制霸京都！这老家伙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绝不会只是贪图人间富贵和权力。空同意。空同老祖毫不掩饰，直接说了出来。我稍愣了一会，但也不算意外。 沈洛一想毁掉苏家和叶家，想制霸京都，你是想毁掉我，得到空同印是吗？有些事情并不难猜，黄大仙曾经就说过，他只是说了一句空同印叫空同印，也不一定非得是空同的，于是就被空同老祖追着打了几条街。由此可见，空峒派对空峒印的重视程度有多么的高。空峒印落于爷爷手中，空峒老祖于是就冲我来了，一直跟我作对，也是这个原因。我没有空峒印，不管你信不信，这是实话。 我也在寻找空铜印当中，可是爷爷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别说我了，就连苏婷都不知道空铜印去哪了。你以为他不想得到吗？可知我爷爷藏得有多深。虽然我有，我也不可能给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仙人火拼得来的宝物，我也不可能随便拱手相让。我知道，空铜老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靠！你知道我没有还找茬？你没事吧？有事去医院看看脑科。我气不打一处来，这特么算什么事？ 可空峒老祖却指着我说道：“杀了你，空峒印就出来了。”我眉头一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自己身体。“你是说空峒印在我身体里？”之前苏婷的故事里也确实有这个倾向。爷爷将空峒印和傅长生都一起打入了胎中，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苏婷又不知道，所以有些事情不能百分百确定。可我修炼这么久以来，根本没有感觉到体内有空峒印的存在。空峒老祖注视着我的身体，双眼如金光般射出。 杀了你，那就可以知道了。哼，那你就试试。今天是我走不出于墨轩，还是你走不出？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极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拔出了蛟龙刃，刀气席卷开来，吹得门窗砰砰作响，桌椅出现了裂痕，龙气如山，势必要将他们斩成两半。哼，还没是时候，让墨轩跟你们苏家慢慢玩。我知道杀你不简单，但是你必须死。崆峒老祖居然选择不跟我正面对抗，他抓起了沈洛伊，然后破窗而逃。 我追上去砍了三刀，但只是破了三面墙。空峒老祖已经无影无踪了。这老家伙真不简单，带着一个人还能跑得这么快。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空峒老祖居然跑了。以为是场恶战，结果只是猫抓老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看你庙还要不要？我拿起了手机，然后拨通了李波二的电话，给我把云墨轩毁了，手脚干净利落一点，我要他从京都版图彻底消失。还有，给我全程搜刮云墨轩的老板娘，见者杀。 崆峒派的人也给我见一个杀一个，敬老者给十亿安家费，会找律师给你们捞进精神病院，然后脱困。吩咐完我就挂了电话。区区一个云墨轩，我苏阳还是砸得起的。沈洛伊，崆峒老祖，我看你们俩能逃到哪里去？有本事就一辈子当老鼠，别出来！我走出了云墨轩，里面下棋客人已经被全部赶了出去。虽然有些不爽，但客人终究只是客人，怕得罪这群穷凶极恶的暴徒。我们国家的特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李博二带着许多人砸的云墨轩稀巴烂，招牌都烧成了灰，然后才冲进地下室拍了很多罪证，最后报警把云墨轩给封了。这样一搞，云墨轩被曝光，一下子就没了，永不可能再翻身。沈洛一的云墨轩跟八大财团的黑市不一样，八大财团后面还有人，但沈洛一没有。人一报警，官方马上来抓。这样一搞，生意黄了，以后谁也不敢再来。里面的人全部被拷走，除了崆峒派那些保安，一大堆美女和龟奴都给押上了警车。沈洛一在的话，处理及时。 那有可能避免警方的查处，可他跟空峒老祖都走了，基本上于墨轩就成了弃子。可龟奴上警车之前，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我。老板交代给你的，好好看看。龟奴嘿嘿笑道，一副完全不怕的表情，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龟奴给我的是一个小锦囊袋，打开一看，发现是一个发夹。我拿出来一瞧，感觉有点眼熟。突然脑海闪出了一道灵光，好像想起了什么。这个发夹不是雨烟的吗？ 回来京都后，一直想联系他，但一直联系不上，不知道雨烟去了哪里。果然出事了。我这时候越过了许多警察，直接冲上来揪住了龟奴的衣领。沈洛伊在哪？你们把雨烟怎么了？快说，不说老子在牢里弄死你！龟奴依然笑着，一副欠打的阴险样，但就是不开口，再说任何一句话，仿佛吃定我的样子。这时候，警察见我上来和犯人纠缠，连忙簇拥上来给我拉开，怕有什么意外发生。直到警车开走，可恶！ 果然是要开始耍手段了。从苏密到苏恩，一连串都是阴谋诡计，怪不得不跟我正面打。崆峒老祖估计也忌惮狐仙老板，全都按照你的吩咐搞好了，满意吗？哼，小小一个云墨轩，居然也敢跟我们作对，真是活腻了。李不二还挺忠心的，还帮骂替我出出心中恶气。这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刚才云墨轩里抓走的人，你给我在里面弄死他们，特别是那个矮子，我要他们一个都活不成，剩一个我就把你埋了。” 李不二下一哆嗦，连忙弯腰低头道：“知道了，老板，你放心。他们这群人就算有罪，也只是进去里面蹲一段时间，最多几年。但我不想他们再出来了。我站的位置太高，手绝对不能软。刚才如果他说出雨烟的事情，那将是他最后的生机。可惜他没有把握。得罪我的人都得死。”群人散去，我看着手中的发夹，有些发呆。下一步，空同老祖他要干什么？用雨烟威胁我吗？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会绑了雨嫣。 这两个人真是神通广大，京都肯定没少他们的眼线。从今天起，我要把他们的眼线全部拔了，见到崆峒派的人就杀。只要有钱，多的是卖命之徒，这就是人口红利。在金钱面前，生命无价这句话显得如此可笑，因为这世上有许多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云墨轩没了，崆峒老祖和沈洛依逃窜，我只能回苏家等消息。就算我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一定会来找我。现在他们有三张底牌：刚刚救出去的墨轩，绑了的雨烟，还有现在京都许多不露面的门派和家族。 为了利益，都在尔虞我诈，生死之间，只为夺那世间富贵与资源。晚上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本来就阴寒的天气显得有点动手动脚。我窝在被窝里想了一晚上的对策，可是崆峒老祖和沈洛伊跟我一样阴，而且他们在暗，我在明，还不跟我正面打，真是难缠。第二天，苏逸风敲响了我的房门，我以为白姑来事情了，他知道我早上陈伯会来，但没想到是苏逸风这王八蛋。苏逸风手上有一个包裹。 说是早上在门前发现的，上面有名字写明了是苏阳收，包裹没湿，应该是早上放在门口的，因为早上雨才停。我打开包裹一看，发现里面全是血淋淋的照片，一堆死人，身首异处，各种残肢断体。照片里面有一个女人拿着刀，犹如屠夫一样，她披头散发，眼睛猩红，看着可怕至极。虽然她脸上都是血，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是雨烟吗？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连忙让苏一峰去查一下昨晚京都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照片上的雨烟眼神有点不对劲，好像被人控制了一样。如此狰狞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还是他吗？他是邪咒师，不会这样拿着刀去屠杀人的，一定是沈洛伊背后搞鬼。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感觉有非常不好的预感。我以为他们会拿雨烟来做人质，没想到是下这么一步棋。这照片几十张，雨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这得引众怒了。这血童和恐怖的屠杀行径会成为众矢之的。苏一峰中午才回来，他急急躁躁的喝了一口水，说道：“出大事了。” 长老，昨晚很多门派和家族的人被暗杀，而且专挑老弱妇孺，手段极其残忍，几乎没有一个有全尸的。就之前你去的那个三都水门也遭殃了，独眼龙他弟弟挂了，死的真惨哦，头挂在了门口，尸体在水面上飘着，独眼龙哭得晕了过去。雷狗是独眼龙的亲弟弟，他当然哭晕过去。不止他，其他的死者也这么惨，真是造孽啊！京都现在是怎么了？怎么哪哪都危险？你猜是什么人干的？警察开始出手查了，但我感觉应该抓不到，看手法就是阴人干的。 妈，线索没有白搭。阴人是阴人了，阴阳江湖难辨岸条子介入也难。我看着手里的照片，已经明白是谁干的。不出三日，雨烟必定成为阴阳两界的公敌。我要想救他，那就要跟全世界为敌，不然就只有一个结果：眼睁睁看着他死。沈洛伊、崆峒老祖，你们真是下了一步好棋，比我还歹毒。为了赢，利用雨烟，残杀无辜之人。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我一边问着。 一边将手上的照片烧成了灰，还能怎么样？都在叫嚣着找出凶手，碎尸万段，替死者报仇。京都的受害者家属都联合起来了，这事能算吗？死的人都不是普通人。苏一峰回答道：“那他们有眉目了吗？”我又问道。苏一峰摇了摇头：“暂时没有。昨晚下雨，而且凶手很狡猾，杀了这么多人，居然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这种玩意如果不查出来，以后人人自危。现在大家都去诸葛家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忙问道：“诸葛家，找诸葛克吗？不是找诸葛克的父亲。事情这么重，诸葛克怕是没资格。”苏一峰打听到的事情还真不少，可如果是这样，那事情就糟糕了，雨嫣要被算出来了。走，跟我去趟诸葛家。我连忙向外狂奔，苏一峰愣了一小会才追了上来，但他追得气喘吁吁的，未必能赶得上我，只能在后面狂叫：“等等我！看热闹也不用这么急吧？我第一次见人看热闹，跟不要命一样。” 到了诸葛家的时候，苏一峰已经差点跪在地上了，累得满头大汗。这时候，诸葛家门前挤满了人，跟苏一峰说的分毫不差。所有受害者家属都聚集了起来，估计在求卦。诸葛家卦数无双，算出一个行凶者应该不难。我老远就听到了诸葛恪父亲的咳嗽声，看来他真出来支持大局了。一晚上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死法极其残忍，连全尸都没有留下一句，简直人神共愤。我跟苏一峰挤了半天才挤进去一点，因为群情激愤，个个都好像吃了火药一样。 现场气氛极其爆炸，都是来报仇的。诸葛恪扶着父亲立于门前，面对着愤怒的众人。诸葛恪父亲时不时咳嗽几声，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脸色极其苍白。对不起，诸葛恪，我现在有点想你爸当场去世，原谅我的自私。可诸葛恪父亲看着孱弱，但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快要死的感觉，更别提当场去世了。他挥了挥双手，示意七嘴八舌的人停下来，别再吵了。立即全场安静，无人再发出声音。我和苏逸峰混在其中，也没有说话。 诸葛恪父亲面对众人说道：“大家稍安勿躁，你们的事我都了解了。行凶者手段残忍，嗜血屠杀，简直罪无可恕。我诸葛家定然要助大家将凶手揪出来，不然京都难有太平。”如此多无辜者惨死，诸葛恪父亲也不打算袖手旁观，而是开始为寻凶占卜。我心里马上就不安了起来。别看他是一个病人，但占卜之术非常高明，语嫣必定会被算出来。到时候众人围攻，语嫣难逃一死。现在人这么多，我自然不敢站出来扰乱诸葛恪父亲。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诸葛恪父亲不但算出了凶手，还算出了幕后凶手。可这个是奢望，因为空峒老祖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雨烟，喂！诸葛恪的父亲当着众人面拿出了几枚铜钱，连正儿八经的占卜工具都不用，然后轻轻一扔，直接落于地面，弹了起来。五枚铜钱，三枚倒地平躺，两枚立着。这算的什么？连我都看不透，我估计诸葛恪也未能完全猜透，因为皱着眉头许久未能舒展开来。 可诸葛恪的父亲却能看着铜钱说出了一个方位地址，这让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这就是诸葛家的占卜术吗？可是听完以后，我更加瞠目结舌。这特么的不是我的茶庄吗？等等，难道雨烟躲到了我的茶庄？想想也是，他除了于老爷，在京都根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可如果他真的杀了人，那去找于老爷这个普通人就是连累他，他只能去茶庄找我。但我没有跟他联系上。其实我早在苏家了。不行，我得先他们一步去找到雨烟。 这样就可以将语言藏起来了，绝对不是语言杀人，他应该是被下了术，幕后黑手是空峒老祖和沈洛伊。我正准备走，突然诸葛恪的父亲无缘无故叫住了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在人群中认出我来？苏阳，你留下来，其他人去找凶手吧。诸葛恪的父亲挥了挥手，就我停顿的一会功夫，那些人全部跑了开去，然后人挤人，我直接被挤到了诸葛恪父亲的面前。坏了，被抢先了，都怪诸葛恪的父亲，早不叫，晚不叫。 这个时候把我认出来，可恶！还来得及，我比他们熟路，一定可以比他们抢先。可就在这个时候，诸葛恪父亲的一只手突然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沉重无比。这是一个病猫的手吗？我回头看向了他，而他在笑。想好了吗？诸葛恪父亲突然莫名其妙的问了我这样一句话：“什么想好了？你是故意留下我的？为什么？”我极其不解。一命二运三风水，挂高者最可怕，胜天半子。 天意无法奈他何，留你是救你，他是魔，你可曾想与天下为敌？诸葛恪父亲一眼，我瞬间全小了。他在说语言，救他，我可能有难。我瞬间长吁一口气，绷紧的身体松弛了下来。不想，诸葛恪父亲顿时明白我已放弃，压着我肩膀的手慢慢放了下来。缘起缘灭皆成空，你命运是都大好，未来可期。你一个人的话，这京都无人能压你半头，但心顾虑你会输。 你救不了他，还会搭上自己。诸葛恪父亲好像已经算出了什么，他也是一片好心，生怕我吃亏。不过见我已放弃，他也放心了。可突然间，我一秒加速，嗖一声就跑出了十几米远，把那父女俩都吓了一大跳。我未曾想过与天下为敌，我只想成为这天下。谢了，岳父。远方传来我的声音，气得诸葛恪父亲直跺脚：“该死的混小子，我女儿不比魔好，你一定要冒险吗？谁是你岳父？以后别来了。” 苏一峰一脸懵逼，理了好久没理清怎么个事情，只能连忙追了上来，喊道：“等等我，长老，我我跑不动了，等等我！”“等你个锤子！我要抄小路，所以不能打车了，我必须赶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住茶庄的，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那里的路。本来就偏僻，开车还真不一定有抄小路快，路窄又颠簸。而且诸葛恪父亲只是说出了一个地址而已，他们还得找门，一切都来得及。我翻着农田路，越过田坝、小道，速度越来越快。” 我只想马不停蹄地赶在众人面前，跑输我就输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暗器飞了过来，我连忙飞身躲了过去，好险！这种时候偷袭极其容易中招，幸亏我反应快。暗器落在地上，周围的野草瞬间枯萎了，发黄了一大片。暗器有毒。谁？我话音一落，顿时有一个女人从旁边的田坝里钻了出来，好像早就躲在这里埋伏我一样。这个女人的容貌很难形容，看上去又老又年轻。 一身老年花衣服穿着也不太显土，他拿着那种旧式的老烟枪，大口大口吸着，眼睛滴溜溜的在我身上观察着。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睛，红瞳，难道他是？就在这个时候，苏一峰才从后面赶来，直接撞在了我的身上。这王八犊子好像无法刹车。等他抬起头看向女人的时候，顿时吓了一大跳，连忙缩到了我的身后，道：“奶奶。”果然，眼前这个女人就是空瞳老祖救出来的墨轩。 苏婷跟大长老是亲兄弟，苏一峰是大长老的儿子，那自然墨轩就是苏一峰的奶奶了。这样看来，墨轩还生了蛮多的。那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年轻，皮肤还好？苏灭养生修性也比他老多了，这是魔族基因导致的吗？我不敢看他眼睛，不是我害怕红瞳，是我杀光了他的儿子，我有点心虚。一峰，你就这么怕奶奶吗？墨轩没有想象中那么凶残，也没有跟个疯子一样，只是没好气的说了一句苏一峰。但我没有掉以轻心，因为他出手就是带毒的暗器。 我对他无法放松警惕，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苏一峰好像特别害怕他，一直躲我身后，连眼睛都不敢伸出来看。奶奶，你你你怎么没死啊？苏一峰支支吾吾的说着，声音都带着惧意。可墨轩看上去跟个人畜无害的女人一样。没想到啊，苏一峰这个废物居然还有魔族血统。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魔族到底是什么。墨轩笑了起来，哈哈，因为你爷爷把我关了起来，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多少年了，我终于又出来了。 这新鲜的空气，我有多少年没有呼吸过了？墨轩张开双臂，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沐浴在阳光下，一副幸福的表情，就好像刚刚放出笼子的老虎。太奶奶，你继续呼吸吧，我有事，我先走了。给他面子，叫他一声太奶吧，表的也无所谓了，因为我赶时间。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出手拦住了我不，不让我向前走。我跟他赌，你不会去救他。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就该听我妈的话，他也该听我的。 墨轩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都是力气，如血一样的眼睛盯着我看。这个气势，这个表情，这股力气，非常非常的熟悉。没错，以前苏婷发飙狂暴的时候也是这样。墨轩是来阻止我的，怪不得刚才想杀了我。看来是苏家的子孙也没有面子给。一声太奶奶根本无用。雨嫣，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会让你重新回到那个地牢的。既然无情，那何必谈情？你出来了，我依然可以将你关回去。反正又不是我老婆。 哈哈，<laughs> 好狂的小子！你是苏胜的孙子是吗？墨轩哈哈大笑了起来。看来他知道我的身份和背景，应该是空峒老祖告诉他的。我想不出除了空峒老祖，还有谁能将他从苏家大牢里救出来。苏家就算有能鬼，那只是进方便带一个人出去可不容易。空峒老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这老逼灯一直有点深藏不露。是又怎么样？太奶奶，时代变了，你只是舅舅家主的老婆，而我是新的长老，你应该听我的。我从容回答着。 但内心却极其焦灼，因为我赶时间。墨轩冷哼了一声：“好，苏长老，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实力。”墨轩说完后，突然青筋暴起，眼睛的血色更加浓厚了，力气很重，就好像那种他站在你身后，你都能感觉到他的人。然后后背一阵发凉，他挥拳打向了我，力道带着狂风，这不是人类能发挥出来的力量。他没有用任何咒法，就单纯的一拳把我后面的苏一峰都掀翻了，这家伙直接飞了出去，然后在地上打滚。 可全都是冲着我来的，根本没有打向他。拳风如虹，力道寸劲，仿佛一只咆哮的野兽朝我扑来，那股气势很是吓人。就算有神与内甲，我也不敢硬顶，不然一拳就是内伤。这老太婆不是人！我连忙双手岔开，体内运转阴阳之力，混元无极，以柔克刚，直接将墨轩的力道给化解了。掌化拳，再以力道返还回去，借力打力，一气呵成，将墨轩震了回去，而我完好无损。 墨轩踉跄半步，顿时有些吃惊，目瞪口呆的说道：“你为什么会这个？那个家伙教你的？我猜他说的那个家伙应该是指苏面。其他人不知道他的路子，但墨轩是枕边人，会阴阳太极，这是墨轩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自然，不是他教的，还能是谁？”我回答道。可墨轩却是摇着头否认：“不可能！以你的年纪，你都未必能见到他，他早就死了，怎么教你？少骗我！”墨轩表示不信，突然狂吼一声，一惊一乍，仿佛疯子一样。 他的头发乱舞，周围的田坝都裂开了，声音分贝提高到了人体无法接受的程度，跟狮吼功一样。苏一峰连忙捂住耳朵，可是七孔都在流血，怪不得要把他关起来，一失控谁受得了？奶奶，别叫了，我要死了，快停下来！苏一峰连忙求饶，毕竟是自己奶奶，总不能要杀自己的孙子吧？虽然他连自己爸都杀，可苏一峰的声音直接就被盖过了。墨轩跟个疯子一样，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还没死，我的话跟苏一峰一样小。 但墨轩却听见了，就好像女人跟你吵架，你跟她讲道理讲一晚上她都听不进去，但你跟她说买包，她立马就听进去了。而且这样看来，苏灭没死这件事，墨轩也不知道。苏灭想斩断苏灭这个身份，断绝自己在尘世间的一切，所以就连他妻子也不知道。说白了，苏灭是亲自杀死了自己。什么？你说什么？他没死？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没死？墨轩跟发了疯一样，双拳如雷。 突然，身内升起了一股魔气，他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我，面目狰狞，就跟街上突然有一个疯子突然跳出来要拿刀砍我一样。我连忙故技重施，太极之力运用于掌，阴阳开道，乾坤在心，玉丹配合，黑白运转，拳如奔雷，力道极其炸裂，魔气很冲，好像尖刀一样刺在皮肤，让人有股坐立不安感。我化解了他八成的力度，但始终没能完全掌握此道，居然和他同时被震开了。我脚入地面，这才稳住了身形。 墨轩则好像打不痛、打不累、打不死一样。这个老太婆至少百岁以上了，这是老人还是老人精？而且过了两招后，我感觉他还没彻底狂化，看着都瘆人，就好像一个打了狂暴药的疯子，还出了一身肉来干你，真是难缠。如果有空，我可以慢慢跟他讨教，但现在我实在没有时间跟一个疯子在这里点到为止。我没骗你，苏灭根本没死，是他骗了你，不然我这阴阳之道谁教的？他只是不想跟你这个疯子过了，但又找不到理由甩开你。 所以才出此下策。他已经有新的爱人了，你别痴心妄想了。谁会喜欢一个疯子？我一副老实憨厚的样子，说着：“这个疯子不信都不行，因为估计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老实的面孔。”你说什么？我痴心妄想？我才是正气！好啊，我就说怎么如此狠心将我关起来，不见天日。原来是有狐狸精。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还装死，良心被狗吃了吗？就该天打雷劈！墨轩越说越癫狂，已经跟梅超风一样了。 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长长的指甲，这大白天的，还以为撞鬼了。他脸上的青筋全部隆起，和那种埋了几百年的僵尸有点像，浑身都是杀人利器。白起见了都得递根烟。你说他天天杀人，我都信。怪不得苏一峰见到他都快尿裤子了，这不纯纯吃小孩的形象吗？我终于知道苏灭为什么要宁愿装死也要离开苏家了。这一上床，估计都提不起劲。说他现在在哪里？我要找他算账，关了我几十年，整整几十年，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吗？ 他知道吗？我要报仇，我要把他和狐狸精都杀了，以解我心头之恨。墨轩咆哮了起来，分贝巨高，好像可以将玻璃都震碎一样。我说了一个地址给他，那是修罗的老地盘，以前我俩也经常约那见面。这么多次合作伙伴，别说我有好事不关照他，抓一个精神病人入院，少说可以连跳五级，估计明年就可以当总统了。空峒老祖想利用墨轩来对付我，没想到这个疯子对苏灭还挺在乎的。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发疯吧。 恋爱脑是可怜，但恋爱脑的疯子就是可怕了。说了地址后，墨轩只是狠狠警告道：“臭小子，我告诉你，如果被我发现你骗了我，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可能复仇心切，也可能太想见到苏灭。墨轩估计把所有计划都抛之脑后了，直接怒气冲冲的离去。至少有一半我没有骗他，苏灭确实没死。至于有没有情人，谁知道呢？我是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不吃腥的猫。墨轩一走，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如果跟他纠缠…… 估计吃屎都蹭不上热乎的了。苏一峰好像很难受，七孔不停流血，而且嘴里也在吐血，可能是内脏都被震伤了。这老太婆太恐怖，不愧是苏婷的老母，苏灭的老婆。苏一峰怕死，不停的喊救命，说我不能见色忘友，总不能因为他没批就对他不问不顾吧？咱们苏家主打的不就是三观这块吗？重情重义四个字都恨不得纹在每个苏家人的背上。我又好气又好笑，这家伙也太垃圾了。墨轩喊一嗓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但我现在又没有时间救他，看着他死也挺难受的。情急之下，我只能把苏面拿八大财团练的人丹给他吞下，死马当活马医。如果就不活，那我清明的时候就多给你烧几个乔碧萝吧。我尽力了。苏一峰吞下人丹后，顿时人就没了知觉。我心里咯噔一声，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我好像赌错了。我心里伤心至极，又少了一颗丹药。靠，早知道不赌了。没来得及埋，我直接匆匆离去。等有空再接他回去立墓，现在没有时间。 我全力奔跑，老天有眼，终于赶在那些人前面回了茶庄。可我已经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估计也快了。我回去直接反锁大门，他们进来也要段时间，这样我就能争取时间将雨烟带走。可我一进屋还没开声，就有一把匕首朝我刺来，哐当一声，匕首刺在坚硬的内甲上，顿时折了。我抬头一看，发现是满脸血污的雨烟，他果然在这里。诸葛恪父亲不愧是神算。苏阳，你终于回来了。雨烟突然发出了哭腔，滚烫的热泪掉了下来。 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没事，我来带你走。他们来找你算账了。我连忙拉着他的手往后门走，因为外面的前门正在被砸，敲门无果后，这帮家伙要暴力进屋。你都知道了？不行，这样会不会连累你？雨烟突然想起了后果，顿时胆怯了。他不是怕那些人，是怕连累我。杀了这么多人，而且都是无辜的老弱妇孺，阴阳两界都不会放过他的。江湖恩怨江湖了，但乱杀弱者，人神必共愤。 帮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这就属于同伙了。没事，我有办法，他们奈何不了我。我直接强行拉着雨烟朝着后门逃去。事到如今，只能跑了。空同老祖和沈洛伊这招教众怒，您犯强不犯众。就算是一座山，人多了也能把你推倒。雨烟幸福的低下了头，泪水转化成了笑容，一副他已经赢了的样子。可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刚到后门，突然轰的一声，所有围墙轰然倒地，灰尘大起。 整座茶庄一目了然，空峒老祖只是轻轻一掌，四面围墙全部化成了碎石。他收回了掌，冷冷笑着，仿佛他已经猜到了我想干什么。不过他出现在这里，我一点也不意外。他能猜到我想干什么，我也能猜到他要干什么。以前我一个人纵横京都，无牵无挂，人死鸟朝天。现在他只是在抓我的软肋罢了。苏家是，雨烟也是。我从进攻方变成了防守方，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棋盘，没有人能永远赢。 来的人非常多，围墙一倒，那我跟雨烟就暴露在众人视野当中了。加上空峒老祖拦路，那也不用琢磨着能安然无恙的逃出来了。谁把墙推了？好呛！嗨嗨，这石灰都扬了老高。那有两人，快点出现了，可能就是凶手。诸葛先生不会错挂的。怎么是两人？两个凶手吗？还是只有一个？不管了，两个都算。我报仇，您杀错不放过。就算只有一个凶手，那跟他在一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些人围上来后，纷纷讨论着。他们力气很重，不过能理解，毕竟死的都是自己亲朋好友，谁能不暴怒？这时候，空峒老祖作揖道：“大家好，我乃空峒派的掌门人。听闻有凶者暴残至极，一夜之间杀害无辜者甚多。今日诸葛先生赐卦，我特来和大家擒拿凶者。你们两个谁是凶手，如实招来。诸葛先生定不会错。如果你们觉得无辜的话，可跟我们回去调查，我们也不会滥杀无辜。大家也觉得空峒老祖的话对。” 纷纷附和，这屋就我跟雨烟两个，要么两个都是凶手，要么是其中一个。空峒老祖这次策划的杀人，雨烟杀人的照片和视频他应该都有，万万不能跟他回去。不用审了，人是我杀的，无所吊谓。我直接认了。他不是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我如他所愿。如果是我一个人，我特么把诸葛恪父亲骂一遍都行，别说让我老实认了。但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要认，而且空峒老祖手上有证据，他寄给我的那些照片就是。苏阳。 语嫣很惊讶，没想到我直接给他顶罪了，而且丝毫没有犹豫。但他刚刚开口，我直接给他来了一下，他眼睛一翻，人昏了过去，没了知觉。人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吧。我将语嫣平稳的放在了地上，这些只是追凶者，我将罪名都揽了，语嫣就不会再受到伤害。哼，很好，认得很干脆。据我所知，你是苏家的长老苏阳，空同老祖开始演上了，真讨厌别人演技比我好，压屎拉雷。 装什么？好像你不认识我一样。这里的人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少。没错，我就是苏阳，苏家长老。人都是我杀的。本来想与你们和平共处，可换来的却是怀疑。我不装了，摊牌了，老子就是雨夜屠夫。现在仇人就在你们面前，有种的就上前一步。崆峒老祖面对我的狂妄，直接鼓起了掌来。可以，虽然是个杀人魔王，但也算敢作敢当。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吧。崆峒老祖想杀我。 他以为空瞳印在我体内，只要杀了我，空瞳印就出来了。可他自己动手未必能成功，毕竟我有狐仙保着，而我自身的实力也不低，所以他想借刀杀人。众怒难犯，群众的刀才是最锋利的。如果还手，那就是跟天下人为敌；如果不还手，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那就一个字——死。众人一怒，顿时手握各种武器，想象着亲朋好友惨死的画面，然后纷纷朝我走来。仇恨会让人丧失理智，甚至他们都没有问我为什么杀人。 他们只想将凶手除之而后快，可我苏阳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与天下人为敌又如何？就算我打不过又如何？我打不过的话，我最多报警。喂，警察叔叔，我杀人了，我要自首，我在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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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抓我！我拿出了手机，拨打了幺幺零。我与天下人为敌，我也杀不干净天下人啊！杀了一批，还有下一批，再杀下去，阴阳两界所有人都来报仇了。众人懵了，刚才口出狂言。 现在居然选择了报警，搞什么飞机啊！顿时大家都停下了脚步，面面相觑。京都出警很快，等下条子一来，他们不是成杀人犯了吗？一下子大家都为难了起来，就连空峒老祖都懵了。自首杀了这么多人，一样是枪毙。他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飞机。以我的实力，反抗一下还是有活路的。狐仙一出来，谁能杀我？不管，先将其擒获。鬼知道他耍什么花样。刚才电话打没打都不一定。 空峒老祖好像提醒了他们，本来就是我刚才自说自话，电话有没有打出去，谁也不知道。而且先把我抓住才是上上策，其他的再说。这时候我掏出了黑葫芦，然后起咒一念，葫芦盖顿时飞了出去。不出一秒，十股黑烟轮番飘了出来，立于空中。十只鬼王当空咆哮，形状不一，大小不一，但恐怖的鬼气、狰狞的面貌、暴力的气势如王降临，十鬼遮空，鬼气滔天，顿时把所有人都吓得腿软了。虽然都是阴人。 但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可我知道，震慑他们只是一时的，除非杀了他们，不然仇恨会推翻一切。阴风狂吹，空峒老祖的白发和胡子都被吹得往后倒，周围的人根本靠不过来，能站住的都少之又少，除了他空峒派的人。这件事不能再以暴制暴，杀更多的人处理不了这个难题，不然的话，就这点人不够鬼王填肚子的。空峒老祖倒想我杀更多的人，惹更多的众怒，这样我就离死期不远了。全国十几亿人，有我。 有苏面，自然就会有更多的麒麟之子，更多的高人。邪恶蔓延，就会引发更大的正义。我不傻，我不会杀人的。空峒老祖倒不怕这十只鬼王，如山一样立于十只鬼王跟前，气势磅礴，浑然不惧。双掌开始起咒，法咒如洪煞，灵符化刃，长虹于空，与十只鬼王的鬼气对峙着，居然不落于下风。大胆小儿，还敢利用鬼杀人？有我空峒派在此，岂会让你再行凶？空峒老祖大喝一声，如雷贯耳般响彻周围。 这老畜生真不赖啊，还故意踩我一脚。我挖了挖鼻孔，我什么时候利用鬼杀人了？是他们自己站前来的，然后又吓跑了。别黑我啊！有没有树枝？少废话！你杀了这么多人，今天必要你偿命。俗话说得好，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的空峒老祖代表正义，人和是已经赚满了，大家都想我死。他不容我再狡辩，灵符于指尖绽放，发出一道红光，千煞光芒射了出去，法力如潮涌。他要屠我十只鬼王，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杀不了我的鬼儿子，你就别想杀我。很明显，他也是清楚这一点的。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两辆警车快速开了进来。空同老祖懵了，一脸诧异说道：“你真报警了？无耻小儿，阴阳界的人还找条子？切，杀人犯法，当然是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啊！你不会不懂法吗？哦，忘记了，你可能住山里，没什么文化。” 下次去 B 站关注一下罗翔老师，多学学法律，别到时候吃了法律的亏。我笑了，这家伙以为我骗他的，没想到我是真报警。条子从警车下来后，其他人都不敢造次了。当着条子面杀人可要不得，行私刑也是要坐牢的。空中的鬼王条子看不见，他们是来抓我的。刚才谁报的警？谁杀人了？自首吗？条子下车后连忙大声问道：“我报的警，警察叔叔快抓我，我杀人了。”我连忙认了。 条子二话不说，直接送了我一对银手镯，然后拉上了警车，还大声呵斥其他人道：“你们干嘛？都给我散了，不然告你们非法集会，全部拉去局子喝茶。”老头，你是干啥的？是这里的头是吧？同志，他们是受害者家属，我是崆峒派的掌门，我是来替天行道的。我们不是什么非法集会，你误会了。崆峒老祖连忙解释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然都是银手镯一对。是凶手，我们法律就会制裁他，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替天行道。” 你们这是犯法，知道吗？都给我散了！什么空峒派，看多了吧？老头，我们怀疑你也有点事，一起上来吧。警察叔叔很不爽，看空同老祖有点要行私刑的样子，想把他也一起带走。告辞！空同老祖一眨眼就不见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其他人也不敢作声，不然一律按阻碍警方办案全部拉走。呵呵，想杀我苏阳，你们还差了一点，认了你们也奈何不了我。这时候，我对着黑葫芦口念了咒语。 十只鬼王立刻飘了进来。这老头有点神哈、啊，说不见就不见了。还有这怎么车里突然有点阴风阵阵的感觉？开车吧。条子奇怪的说道：“鬼王回龙，当然阴风阵阵，只是你看不见而已。”警车开动，这时候突然有一张人脸趴在了窗口上，然后叫着我的名字。我一看，这不是苏一峰吗？这王八蛋居然没死！那丹药看来挺灵的，赌对了。他敲着窗口示意我怎么坐警车上去了，还气喘吁吁的，估计跑够呛。 可条子让他赶紧走，不要阻碍办案，不然连他一起抓。这时候我指了指地上的语言，让他帮我带回去苏家。这家伙醒目，马上会意。警车最后飞驰而去，谁也不管。七天后，我从警局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身后跟着八个律师。因为证据不足，将我给释放了。我本来就没有杀人，我有不在场证明，加上八个资深大律师，哼哼，怎么判我罪？不过报假案有玩弄警方的嫌疑，扣留关押了七天，交了一点罚款。一辆豪车停在了警局门口。 李不二连忙下来给我摆一个火盆，这是寓意去晦气。我跨上火盆上了豪车，李不二连忙跟上，然后将车门关上，让司机开车。特么的，这群刁民敢让我们老板进局子，我这就让人弄死他们！李不二想要给我找回场子，可我却阻止了他。现在不能杀人，杀人就输了。空峒老祖知道我不是凶手，他故意逼我杀人，那我就真成杀人凶手了。不用，把电话给我，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为所欲为。关了七天，手机早没电了。 李不二连忙把他手机恭恭敬敬地递了上来。我给白姑打了一个电话。喂，白姑是我，我等下回苏家，把苏家所有女人都给我集合，老子就算用勾八一个个试，也要找出那个叫吴的女人。说完后，我利索地挂了手机，将手机扔回给了李不二。李不二，把所有受害者的名单和家人给我收集起来，一项都不要落。玩人心是吧？好，晚安。我看是你卑鄙，还是我卑鄙？全员恶缘，要什么主角？ 离开局子，我偷偷回了苏家。因为听到我被无罪释放的时候，很多人直接来苏家闹事了，仿佛上了我的新号新号当一样。苏家堵满了人，但他们就是进不来。苏恩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过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或许苏恩只是被孔雀妖王吃了而已。外面的人虽然没有进来，但是却吵得不可开交。死了这么多人，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的。除非我出去给个交代，不然的话，这些人是不会罢休的。但我苏阳特么出来混的，我要给谁交代？ 家主不在，其他人都看向了我。而且本来就是我惹出来的事，现在苏家成为了众矢之的，生意和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苏家开始人心惶惶，已经有人对我有意见。不过才第一天，只是不敢表现出来。苏一峰这时候偷摸跟我说道：“长老，不如你今晚偷偷出逃，我给你买了几张去缅甸的船票，你去那里躲个一年半载，等这阵子风头过了，你再回来。”跟狼吃肉，跟狗吃屎。苏一峰估计就是狗中狗，偷鸡摸狗的事情做多了。 对跑路的门路一清二楚，一有不对劲，直接就往越南、缅甸跑。那里大罗金仙也得绕路走。去去，别给我这出歪主意。雨烟呢？我托他办的事，不知道有没有做成。苏一峰连忙点头，带回来了，在客房。我现在带他来见你。不用，我还有事，先不见他。不然他看到我，因为他受制于别人，估计又得崩溃了。我叫住了苏一峰，事情没有解决，暂时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我危险，他也危险。把白姑叫来，快点。 苏一峰连忙点头，然后屁颠屁颠的跑了出去。白姑估计也知道我找她干嘛，来的时候顺便将苏家所有的女人都带过来了，大概几十名，一字排开在门前等候着我。哇塞，长老，你这是要干嘛？选妃吗？苏一峰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这么多女人，高矮胖瘦都有。苏家的基因不错，漂亮的居多。但自家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是个讲究人，没有苏一峰想的那么龌龊。选什么妃？你闭嘴，狗嘴吐不出象牙。 我白了苏逸风一眼，这家伙连忙闭嘴了，而且跟狗皮膏药一样，撵也撵不走，就爱看这一排排的美女站着。虽然不能日，但看着也爽。此番风景百年难得一见啊！我也懒得理他，转头朝白姑问道：“所有女的都在这了吗？”“都在了，一个不少。”白姑非常肯定，这我就放心了。那代号无的女人应该就在里面，不愧是苏流的部下，藏得好深啊！苏流死了这么多天，她居然都没有露脸。姐妹们，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简单说两句，我背手而立，跟领导一样，对着这些女的说道：“苏婷跟苏流，不管以前在苏家是什么职位，现在都是过去式了。如今家主苏恩下落不明，我必须掌管苏家都一切，来维持苏家秩序，不然人心惶惶，苏家可能要散。苏流及情报和暗杀一体，但他手下的人和事暂时没有露头，让我接管，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查到有一个代号叫吴的女人是苏流的心腹二把手，就在你们当中。”听了我的话，几十个女人一阵躁动，然后交头接耳的议论了起来。 先别吵，安静下来。你们谁是吴？直接站出来！我吆喝了一声，女人们确实安静了下来，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也不说话。吴好像并不想交代一切，他到底在隐藏什么？新旧主更替，他本来就要辅助新主接替一切，他能藏多久？为什么？为什么不出来？是有二心吗？想苏家乱？我眼睛一眯，眼神突然凶狠了起来，先给他定个罪名，让他心里防线崩溃。可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这个吴仿佛不为所动，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不愧是苏流的心腹。白姑，从现在开始，每过五分钟脱他们所有人一件衣服，直到吴出来为止。苏一峰，给老子滚犊子！我一发狠，直接下了羞辱人的死命令。苏一峰被我踢走，现场就剩我一个男人。你不能这样羞辱我们，太过分了！长老又怎么样？就是抗议！长老，你当个人吧，你这是出生行为。是谁快认了呀？你要我在大庭广众脱衣服？ 你不如杀了我！到底谁是吴？藏着干什么？你又不是大哥，你还想夺权啊？别连累我们！对啊，对啊，谁是吴？快出来！等下把我连累了，别怪我以后不客气。除非你一辈子不暴露身份。女人们跟炸开锅了一样，当众被包衣服，谁能忍这事啊？旧社会也不敢这样搞，还有人权吗？我阴冷的笑了起来，既然不出来的话，别怪我给你道德施压。可只有不满和抗议的声音，依然没有人站出来。这个吴好能抗啊！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这时候白姑看向了我，仿佛在征求我的意见。真要动手啊？报！要怪就怪吾。为了苏家，你们总要牺牲点什么。我当即给予了白姑回答：不用想了，必须动手。我逼也要逼吾出来，不管用什么手段。白姑当即抱拳作揖道：“各位姐妹，得罪了。”说完就开始实施我的命令。可很多人都不愿意执行，这太侮辱人了。有一部分在骂我，一部分在骂吴，另一部分直接哭了起来。苏家当即乱作一团。 有点民不聊生的感觉。越是这样，吴的心理压力越大，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造成的。他起码要承担百分之八十的道德压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站了出来。她身高一米五左右，其貌不扬，穿着非常朴素的白衣外套和牛仔裤，一双普通的小白鞋，绑着清爽的马尾，年龄看上去大概二十七八左右，真的是那种站在人群中你也不会多看他一眼的普通人。可苏家哪有普通人啊？越普通的人越不普通。吴、哦，你终于出来了。 看来心理防线终于被我所突破。人啊，都是逼出来的。见有人站出来，白姑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这时候，所有人也看向了那个女人。说实话，苏家大院的人太多了，她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可白姑知道，她叫苏静，只是代号叫吴罢了。一个默默无闻、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居然是苏流的心腹。我就是吴长老的手段，未免太卑劣了一点吧？这个罪名我实在背不动了。苏静开口承认了，也就是因为这样。 阻止了苏家一场风波，而苏静一开始还是蛮淡定的，但在我的卑鄙下，他选择了自首，因为这个罪名有点难啃。不卑劣怎么引你出来？白姑都带他们下去吧，一人给十万红包。冒犯了，最好补偿一下。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以后骂也只会骂无。谢谢长老。其他人顿时无了怨气，开口道谢，因为也根本没怎么剥掉衣服，都搁那拉扯了，谁也不想被这样侮辱，这算是白得十万了，自然心情愉悦了一点。 白姑带着他们散去了。进来吧，有事跟你说。我打开了房门，大步踏了进去。苏静则有些害怕，他拿不准我想干什么，可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跟了进来。因为他露脸后，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关上房门，那就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既然是苏家最私密的一份子，我自然不会留任何人在场。为什么躲着？是规矩还是私人情绪？我没有发怒，也没有呵斥他，只是心平气和的问着。苏静也如实回答道：“都有。” 规矩是要被我们认可的人才能接手上一任的位置。情绪就是你杀了苏流，这在苏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你是我们的仇人，你杀了我们的老大。苏家的规矩真奇怪，居然要被他们选中才有资格当，而不是家主任命。这个部门这么重要吗？这在苏家是非常罕见的规矩，因为家主最大，几乎是统领全族的老大。这样一说，如果我接手了，苏恩也根本无法约束我吗？这就是苏家的暗杀流和情报局。我应该叫你苏静。 还是无，我继续心平气和的跟他聊着，没有半点急躁和愤怒。随便你，一个代号而已，根本不重要。苏静冷冷的回着，他没有太多的表情，有时候像一个举足无措的普通人，但有时候却像冷静的杀手。一个无表情的人可以转换两种形态，可见他并不一般。那我还是叫你苏静吧。苏静，你可知新旧交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生，旧的人死去，会带着旧的秩序离开，新人会迎来新生。 你不能总是活在过去。苏家现在情况非常不妙，你应该有很多情报。外面有非常多的人蠢蠢欲动，他们想整垮苏家和叶家，而叶家已经快没了。我们家主下落不明，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一番话说的苏静沉默不语，皱眉低头。苏家刚刚解决了内患，又来外忧，如果再不团结，估计要跟叶家一个下场了。他比我更清楚现在京都是什么情况，有人想合力推倒苏家和叶家两座大山，现在再去守那些破规矩已经没有意义了。家都没了，还要规矩有用吗？ 能做苏流心腹的不会是什么蠢货，而且容貌不高的女人尤其聪明。除了诸葛恪，见苏静已经开始动摇，我连忙站了起来，然后走过去给他致命一击。我重重的拍了一下他肩膀，既然是规矩，你要守着，我也不怪你。但是苏家如果因为你的迂腐倒了，你要负全部责任，下了黄泉，记得给各位祖宗一个交代，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这一击，苏静直接傻眼了，转而对我说道：“我负。” 我付不起，这么大的事，我只是只是个小人物。哦，那你说应该谁付？我寓意深长的反问道。苏静顿时想到了什么，立马单膝跪下了：“长老，我们认可你，请带领我们继续守护苏家，万死不辞。”哈哈，孺子可教也。姑姑，你选的人不错，我喜欢。准备一下，今晚带我去你们基地看一下。是。苏静立马同意了。接下来苏流的一切将由我苏阳全部接管。 这京都的情报和秘密，都要成为我苏阳的囊中之物了。现在苏家的四面都被人围着，白天不好出行，但到了深夜的时候，他们瞧我不住，这些人喊了一天也累了。凌晨三四点是人最困的时候，守我那就成了天方夜谭。到了凌晨三点左右，我和苏静乔装打扮了一下，然后如鬼魅般溜出了苏家。深夜还是有闹事者的，但已经不多。秀一下身法，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发现了也没关系，直接弄晕，只是让他们遭罪一下而已。 苏静带我来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伐木林，这里的伐木林其实是被苏家买下来伪装的，看上去好像是伐木的森林，其实被砍下来的树木是咒点，连起来就是一个奇门阵法，能进这片林的人不多，擅闯者基本上是进不去的，进去了更糟糕，到时候多半是出不来了，在里面必死无疑。没想到苏流的基地在这里还挺隐秘的，苏静说这个部门成立的时间非常早，几乎跟苏家崛起同一时间，因为一个家族火了以后。 特别是风水家族，利益和麻烦就会并存。有些事情是不适合风水师做的，所以苏家就有了这个部门。杀人是最快解决麻烦的有效手段。阴阳杀手虽然大部分都靠谱，但也有小部分会不讲道义的，被抓包会把你供出来。所以还是自己人靠谱。有苏静带路，我不用破这个奇门阵法，所以进去很快，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但这伐木林比我想象中防御要高很多。林中除了阵法，还有很多鬼火，断掉的树会挂着人头，普通人进不来，进得来的也够呛。 来到中间位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所林间大屋。苏静带着我肆无忌惮的进去了。屋里的人很多，大概有三十多人，加上没有回来的。苏静告诉我，人数大约在五十名左右。这些人见到我全部不善的齐刷刷站了起来。很明显，我杀了苏流，他们很不爽。只是不知道苏静为什么带我回来。果然情报多，他们已经知道苏命是我雇的，不然不会这么怨恨我。他们的眼神看我就是想杀人。这三十人全部都戴着面具或者蒙面，最多也就露半张脸。 而且人人都用代号，看来尽管是自家人，这个职业也是非常私密的。怎么不欢迎我呀、啊？面对着三十双不满的眼睛，还有各种杀气，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只是淡然一笑，然后不请自坐，还对他们翘起了二郎腿。我既然当了长老，我就不会怕驯服不了你们。苏家大部分都是愚忠，我比他们职位高，他们就奈何不了我。更何况他们一起上，也未必能动我分毫。这时候，他们都看向了苏静，仿佛在责问他为什么带我进来。 我不是杀害苏流的凶手吗？之前苏流也说了，所有老大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那自然有感情和信任感。被我所杀，那仇恨就会无比大。可他们不明白，苏流只是争权夺势中失败了，跟这种单独杀人之仇完全不同。我不是因为私人恩怨杀的他。此时苏静也一副不太好交代的样子，连忙支支吾吾的说道：“他、他、他现在是我们的老大了。”什么？为什么是他？苏家又不是没人了，他可是杀了苏流的。对。 当了长老又怎么样？我们不同意，为什么得是他？苏静，你是不是收了这家伙的好处？亏我们还这么信任你！他们全是不满，句句都在责怪着苏静，最后一句话更是刺痛了苏静的心。你们在胡言乱语什么？什么我收好处？那你们选一个出来，我看看。现在苏家还有人吗？苏静也火了，直接怼了回去。这下喧哗的声音顿时停止了。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职位非常重要。 苏家已经无人能担任，这是实话，不然空缺了这么多天，苏静早找人补上去了。好了，大家别吵，这事不能怪苏静，是我逼他的，我自然不能让苏静背锅，不然寒了他的心，以后还怎么给我办事？你逼的，哼！那我们不同意，你以为来硬的就行？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一个家伙立即反对，可他话没有说完，突然人就飞了出去，然后狠狠撞倒了所有桌椅。 落地的时候口吐鲜血，肋骨断了三根，人在地上艰难地蠕动着，但努力了许久都没有爬起身，又呕了几口血，只能在地上趴着，话也说不出来，仿佛肝肠寸断般痛苦。我收回了右掌，将蛟龙刃插在了地板上，然后大声喝道：“你同意不同意根本不重要，如果我不高兴，可以将你们全换了。你说的对，苏家又不是没人了，你们要走，悉听尊便。如果你们觉得我蛮横，可以去家主面前告我一状，但前提是你们还能见到家主。” 我看中的根本不是这些人，而是苏家历代收集来的资料和情报。人可以一代又一代的换，但资料和情报不行。要知道，这里几乎有大部分京都人的秘密，这简直就是大杀器，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们都惊愕住了。我的意思很明显，不想干就滚。不是他们不要我，而是我要炒他们鱿鱼，找家主告状。苏恩现在死活都不知怎么找，可是干过杀手这行的都知道，进了这行的门，想再跨出去就难了。他们犹豫了。 一群人沉默了起来，不再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动手也未必能在我这里占得到便宜，我可是家主都杀的人，他们是杀手，自然明白什么是满身戾气的屠夫。薇娅也好，相比也罢，我苏阳手段不会软。至于对错，留待他日后人评价。但今晚我既然进来了，谁敢挡我，我让谁趴下。别说我喜欢同族相残，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不愿意的可以滚，我绝不动手拦你。可没有一个人走，全都傻站着不说话。苏静松了一口气，看来他选对人了。 如果我在这里失事受罪的，首当其冲就是他，因为是他引领我过来的。现在我强，能镇住这些家伙，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很好，既然都不走，也不说话，那证明已经同意了。从今天开始，我苏阳正式接受这里的一切。我大张旗鼓地宣布着，没有人敢反对。刚才的怨恨变成了无奈，他们不接受也得接受。苏静，他们的工资有多少？我朝苏静问道。苏静愣了一下，随后缓过来，马上答道：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提成。 保底工资十万一个月，办事杀人有提成，看杀什么人，价格越高的人提成越高，不过价格越高的人风险越大。这工资其实已经蛮高的了。苏家大院的人还没有保底工资，就算没活干也有十万，有活估计钱更多，但风险是一样的。而且他们杀的是人，其实危险更小。但苏家大院的人办阴事、妖魔鬼事更可怕。再说了，苏家的地位以前根本没人敢得罪，很少需要去杀人的，也就搜集搜集情报。 这等于白拿十万，这其实是一个高福利的职位，怪不得都不肯走。从今天开始，每个人的保底工资一个月五十万，提成一样。我直接豪气的说道。他们一听，立马惊讶的伸出五个手指头，然后不敢相信的看着我。保底工资就是什么都不用干也有的拿，这简直就是福利中的福利，白拿五十万是什么概念？你打螺丝十年也未必有这个数，况且还是白拿。苏静有点坐不住了，连忙低声说道：“长老。” 你没开玩笑吧？我们可是有五十人的，而且一年也未必需要出动几次杀人。这么高额的工资，要不等家主回来再跟他商量商量？苏静怕我口嗨闯祸，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苏恩能答应吗？一年光养这个部门的人都得花多少钱？不用问，我自掏腰包，放心，亏待不了你们，好好干就是了。我有的是钱，我直接拍板，根本不用商量。豪言壮语一出，这些人可不淡定了。只要有肉吃，跟谁不是跟？反正苏流都已经死了。 也不违背道义。刚才那个被打的七荤八素、扑腾半天没有站起来的哥们，突然就站起来，连忙生龙活虎的拱手道谢：“谢谢长老，我承认我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谢谢长老。如今苏家有难，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抗外敌。苏家民主啊，千里马常有，伯乐而不常有。刚才是我格局小了，说不定长老能带我们走上巅峰，重回苏家称霸第一的时代。刚才我就说，长老坐这个位置适合一群反骨仔。笑了，长老不行。” 你们行，你们行咋你们不上呢？好了好了，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麻烦你们恢复一下。说完后，我又朝苏静说道：“把于墨轩的所有资料拿出来，我看一下。还有关于空峒老祖和沈洛伊的，等下会有一份文件发给我。你把文件上的人也全部给我找出来。我让李不二把收集的受害者亲朋好友名单全部给我，然后我再转给苏静。”可这时候，苏静却对我说道：“先不急，我们都要一个代号。您也是，代号，老大也需要这玩意吗？” 苏静说：“代号的意义就是害怕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不小心叫出自己人的真名，这样太危险了，所以起个代号稳一点。”苏流也有代号，叫坤。坤，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比。姑姑果然骚包，不过幸亏不是坤，不然我骂死他。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然后来回踱步思考着，最后灵光一闪，好像想起了什么。我拿出了之前苏灭留下来的面具，然后戴在了脸上，顿时就融入了他们。那我以后就叫张三丰吧。 在我说出“张三丰”三个字的时候，全场皆惊。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寓意是什么，但这毕竟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我拿掉了面具，然后朝惊愕的众人说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去给我把资料拿来？”“哦，好，好。”苏静没多久就带着人把一坨坨资料放到了我的面前。你说的那些被杀受害者亲朋好友，我全都给你整理出来了，秘密不少。京都就是这样，狼子野心，越有钱的人越乱。人活世上就没有不藏秘密的。至于你说的于墨轩…… 以前的主人资料倒不少，但现在的主人沈洛一的话资料少得可怜。资料少得可怜？为什么？我有些不解。因为他刚刚来京都的时候还是个小人物，谁会关注他？他当了云墨轩老板娘后，苏流才开始让我们查他。苏流眼睛很毒，说这丫头以后有可能是京都的风云人物，掌握他的一切只有好没有坏。苏静说的话提醒了我，沈洛一刚刚来确实是个无名之辈，谁会花费人力物力去查他？但当了云墨轩的老板后，人就有了身份和地位。 我翻开了云墨轩的资料，这以前本来就是一个骑射，在京都不咸不淡，甚至跟阴阳界都没有什么交集，就是一些棋友、文人雅士之类的。不过老板娘却是有些来头，她姓上官，名为上官星，听闻是一个占卜高手，早年也出过一些名卦，在算命界小有名气，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封卦退隐了，然后才开启了骑射。上官星由于姿色颇美，倒也引来了不少男人爱慕，可她至今未嫁，而想来骑射见她一面也是难过登天。 必须与之隔帘对弈一局，赢者方可与之畅谈风月。可至今，京都只有两人赢过他，一个是诸葛恪的父亲，一个是赊刀人柳希林。其他的不管实力多强，皆无法赢得上官星半子，只能望而却步，连云墨轩都不敢再踏进。两年多前，沈洛伊曾来到云墨轩，上官星收留了他。可大概一年时间左右，沈洛伊就取代了上官星，成为了云墨轩的老板娘，并且将云墨轩大改样，发展成了类似黑市的地方，赚得盆满钵满。而上官星不知所踪，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有人怀疑沈洛一喧宾夺主，谋杀了上官星，尸体估计都给处理掉了。但市井也多是闲言碎语，没有谁有确凿的证据。后面云墨轩勾结富商与高官子弟，生意越做越大，在真正的黑市倒台后达到了巅峰，甚至想成为第二个黑市。可京都狼多肉少，大家都在争资源，沈洛一很难学八大财团那样再造一个黑暗的交易市场。关于沈洛一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只是写着京都新人，但崛起速度很快。 进入云墨轩后，更是发挥着出色的实力，他做的比上官星更好。可关于沈洛一之前发生的事情，一点资料没有，因为没有人会去注意一个没有背景的新人。我皱起了眉头，这资料太少了，根本无法解答我的疑问。上官星如果是一个挂术高手，他就绝无可能接收沈洛一，要么就是沈洛一对他是无害的。他跟沈洛一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收留沈洛一？云墨轩本来就是一个骑士而已，谁会想着去谋命夺走他？ 是后来沈洛一把他做大了，看上去才有了利益。那上官星到底是死是活？那时候云墨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空瞳老祖？我又连忙翻开了空瞳老祖的资料。他是大人物，一来到京都自然就会被人盯上了，苏流也不例外。所以空瞳老祖记载的东西要比沈洛一多。空瞳老祖也是最近两年才来京都的。我看了一下时间，顿时想起了什么。这不是我来京都的时间吗？好家伙，他不愧是来杀我的。 因为我来了京都，他才来的。他一直都在盯着我。不止空峒老祖，整个空峒派都来了。而那时候我进了苏家，他们去了云墨轩。可沈洛伊跟空峒老祖并无关系，他为什么一来京都就去云墨轩？不对，空峒老祖去的云墨轩，他可能不是找沈洛伊，而是找上官星。但上官星已经失踪了。空峒老祖进入云墨轩后，很快就和沈洛伊合作了。苏流也很不解，所以调查资料上打了非常多的问号。 空峒派是大派，为什么下山入世，直接找一个骑射合作？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些问号没有答案。很明显，苏流也没有查出结果，这很正常。云墨轩的隐秘性非常高，而且空峒老祖绝不是泛泛之辈。这两人毫无交集，一见面就合作。一个想制霸京都，一个想杀了我那空峒印，其中肯定还有事情发生过，只是我们外人不知道。我把所有资料都看完了，但其中并没有多少答案。苏流到死都没有调查出结果，可能他比我更好奇。 苏静，你帮我找出现在他们的藏身之处，我要扒了他们的皮。云墨轩被封，这两人就不知所踪了。空峒老祖倒是出现过，沈洛一是一次都没有露头。我要知道他们确切的藏身位置。是。苏静带着大部分人出去了，只留下几个看守大本营。而我留在这里也再无用处，只身离开了。远处早已经等候的李不二开着豪车，闪着车头灯。我打开车门，一下子钻了进去。我把手上的秘密文件给了李不二。 你复制一份给他们，全部都一人一份，然后再一人给几百万，他们会散的。这些秘密足以让他们身败名裂，再加上钱的诱惑，大部分人都估计要息事宁人了。主要是他们也会识相，知道有些人惹不起，报仇也要看实力。那有不同意的呢？李博二接过文件问道：“总有降的，不可能每个人都顺着我的心意。”不同意的，把秘密发到他们的家人手机、他们儿女学校、他们工作的地方、他们亲朋好友，直到他们屈服为主。人要脸。 树要皮，我就不信了。还有敢光着腚的，他们这秘密我吃定了。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射在了苏家大门上。这两天本该热闹非凡的，但今天早上却显得如此冷清。地上有很多臭鸡蛋、烂花、烂番薯，但人却都不见了。苏家的人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打扫着。按照剧情发展，今天他们就该在苏家门口拉屎撒尿了，可人却诡异又离奇的消失了。人呢？这帮人怎么都不见了？崆峒老祖出现后，看到这番景象，顿时有些惊愕。围堵了两天。 今天他就该上手段了，但没想到这群复仇者联盟全部都不告而别了，仿佛一夜之间都蒸发了一样。怎么回事？难道苏阳都把他们杀了？崆峒老祖非常不解的自言自语着，可他又不相信我会这样做，不然在茶庄的时候我已经大开杀戒了。人都回家了，你要不要也回？不然你的崆峒派要被我开成妓院了。我从拐角处走了出来，一手拿着煎蛋饼，一手拿着豆浆。很久没吃这么地道的早餐了，老吃鲍鱼龙虾也不好。 这老逼灯，我等他很久了，终于出来了。回家？哼，他们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怎么回家？空峒老族完全不相信我的话，这群人等着报仇呢，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哟，不信啊？不信你叫人去查查，看是不是都回家了？人家没空鸟你，忙得很呢，以为跟你一样整天无所事事啊？我讥讽着他，差点豆浆就见他一脸了，幸亏他及时躲开。你用了什么手段？如此深仇大恨。 他们会置之不理。空峒老祖眉头皱得更深了，他确实使了一个眼色让弟子去查，但得到的答案与我说的无异。李不二做的很好，昨晚就都各回各家，各找个妈了。这老家伙始终玩不过我，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那我就更卑鄙。哼，苏阳，你以为自己赢了吗？你别忘了，于烟杀人的视频和照片还都在我手上，只要我一散播出去，就算受害者亲朋好友不管，条子也不会放过他。空峒老祖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他这个证据一放出来，雨烟杀人就实锤了，警方肯定会抓人的。可我听后却哈哈大笑了起来：“老鬼啊，老鬼，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雨烟长什么样子？你去散播呀，你去报警啊，尽管去。身份证上的雨烟可跟你拍的雨烟不一样，你拍的这张脸，公安系统里压根就没有记录。雨烟用的狐仙以前的脸，跟他身份证上的完全不一样。就算是通缉，也不可能通缉真正的雨烟。只要不是身份锁定，所谓的通缉又有什么用？” 我到时候再给雨烟换一张脸，他杀一千个人又怎么样？空瞳老祖手上的照片和视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卵用没有。真正的雨烟，当然要以身份证上的脸为主。他手上的所谓证据，只不过是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女人所行凶，关雨烟什么事？空瞳老祖意识自己被耍了，连忙暴怒：“你一直都不害怕这个，为什么还要装？不装，今天怎么引你出来？今天我扫平了所有障碍，不就是等你吗？”空瞳派掌门。 我说完后，咯吱一声，直接咬碎了剩下的鸡蛋饼，然后打了一个响指，一声令下，苏家所有人如同鬼魅般刷刷刷落下，瞬间将他们围了起来，数量直接碾压他。我后面还有八大财团的人在等着，就算他突围出这里，他也难以逃掉。我做了两手准备，今天就要瓮中捉鳖，我看你怎么跑！哼，退一万步说，你能用照片、视频做证据，你也得先从这里出去，出不去，你拿这些给阎王爷看吗？嗯。 我冷笑了起来。今天我早料到他会出现，跟闹事者一起来个施压，硬逼苏家交出我。他也仗着这么多受害者亲朋好友，我不会动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来。毕竟他一旦成为了正义的一方，那他基本上就得势了。我不管打不打得过他，我都是输。可惜啊，我棋高一招，他的盾牌被我撕碎了，还想拿着这些无知的人当挡箭牌。这些人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凶手正是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崆峒老祖虽然强行镇定，但他的弟子却慌了。 这么多人，他们不可能打得过，也不可能逃得掉。论实力，能一换一都不错了，但数量上我们却碾压他。苏家人比他多。师傅，我们掩护你出去，别回头，我们誓死保你。没想到这些空峒弟子还蛮忠心的，居然想用命保空峒老祖跑掉。可他们才是空峒派的未来，是空峒派的新鲜血液。他们团灭了，空峒派不绝了吗？就剩空峒老祖一个光杆司令，还有什么用？他拿回空峒印又还有什么用？可我是不会手软的。 想跟沈洛一动，我们苏家，哼，我们可没有叶家软弱，杀，一个不留！我挥了挥手，顿时杀声四起，苏家的人马上扑了过去，与之厮杀在了一起。崆峒派的人也不孬，暂时可以勉强维持一阵子，但人数的劣势是慢慢显现出来的，打着打着就力不从心了。崆峒老祖实力雄厚，双掌一推如大海无量，直接将前排几个苏家子弟震飞了出去，倒地吐血。只见他眼里无他人，一心只求杀我。 他突出了小围，直接冲向了我，然后大喝一声道：“小儿，拿命来！你命与空同印，我皆取之。”我连忙起势，跟他对了一掌，顿时地崩强烈。他法力如潮，力量深厚，我两人都倒退了几步，但我掌骨却有些发麻。此人深不可测，绝非的等闲之辈。看来我得用阴阳之力对付他了，不然难以取胜。这家伙之前连亲弟都秒了，着实有些东西。没想到你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我当时就不该仁慈，早杀了你就没这个破事了。 通通老祖居然有一些悔意，他一副追悔莫及的表情。仁慈？哪看出来的？早杀我，指的什么时候？我问道。那还用说？你爷爷死了后，你以为那九尾狐能保你吗？要不是答应你爷爷等你长大了再动手，你必死无疑。现在你和那狐仙都成长太多，甚是棘手。我爷爷？你答应我爷爷不杀我？什么时候的事？雨声不停，夜晚漆黑无比。 房间里的苏胜和苏婷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以绝交收场。苏婷扬长而去，两人日后再无瓜葛。看着差点被害死的儿媳妇，苏胜一点也不后悔。苏婷动了杀心，一旦继续交往下去，这孩子必定生不下来，到时候一尸两命。所以苏胜立即割袍断义，跟苏婷和苏家都划清了界限。爸，婷叔怎么气呼呼的走了？苏妍不解，两个人好的同穿一条裤子，怎么在这个时候翻脸？而且苏妍从没有见苏婷发这么大的脾气。 这混蛋差点杀了你没出生的侄子和大嫂，我们家以后不跟他来往了。”苏胜无奈的说着，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怪苏婷。出生之人必定威胁以后苏家正统的地位，苏婷出于责任，那百分百不会让其出生。如果是傅长生的魂，麒麟之胎，再加空同印，这个孩子出世，苏家无让能挡。如若他中那还可；那不中呢？不是吧？这犯的哪门啊？你跟他关系，那不得抢着当干爷爷吗？以后孩子出息了。 他脸上也有光啊，都是苏家人。苏颜不解，毕竟没有苏胜看得通透。苏胜一脸嫌弃的说道：“去去去，你懂个锤子！你丫的好好生个孩子，我需要这样折腾吗？”苏颜撇了撇嘴，一脸的无所吊味：“生不了人，跟刺猬怎么生？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孙我享福，什么香火我可不在乎。你”你臭小子，想气死我，滚！苏胜刚刚被苏婷气，现在又被儿子气，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嗝屁了。 幸亏删了苏妍两个星号星号兜，这才缓了两口气。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外面的门砰砰砰响了起来。听敲门声，苏胜已经察觉门外之人实力不俗了。苏岩一竖耳，立马说道：“不会，霆书回来道歉了吧？他比妈都像你媳妇，肯定气不过三秒。嘿嘿，我去开门。”苏岩猥琐一笑，顿时跟个猴一样跳了起来，麻溜的冒雨去开门。苏家双子怎么能散？那不扯淡吗？好好跪下来认个错，磕几十个响头，那不麻溜原谅他了吗？ 可这时候，苏胜却一把将他揪了回来，然后脸色凝重的说道：“别去，今晚劫难没过，还有，还有。”苏妍脸色也沉了下去。难道敲门的不是苏婷？砰砰砰，轰！敲门声本来有节奏的响着，最后突然一声爆裂，轰隆一声巨响，两扇门给棺材一样飞了出去。苏胜立马一掌击在门上，门立马变得粉碎，稀里哗啦的落在了满是水的地面上。雨夜中走进来了一个人。 苏胜隐约记得他是空峒派的掌门人，沙无邪。姓沙的人不多，这个名字苏胜印象特别深刻。找到你了，苏胜。沙无邪一步一步踩着水花走了进来。他虽无伞，但身上却不湿，杀气如罩，气势磅礴。空峒派掌门深夜造访，不知有何贵干？千里迢迢来找我，我怎么不记得跟你很熟？苏胜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已经明了，这家伙百分百是来找空同印的。别装了，苏胜。 空同印交出来！沙无邪背手而立，周围的水珠好像都凝结成了冰锥一样。杀气如果释放出来，能瞬间穿透这雨层，冰冷又狠辣。我装？那天你怎么不问江晨要？你以为空同印有“空同二字，就是你们空同派的吗？苏胜自然不交，就算给他，那也是害他。如果江晨知道空同掌门坏事，那空同必定全派被屠。这个印他接不起，我打不过江晨，但未必打不过你，苏胜。 空同印一旦乱用，必定会引起大乱。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归还给空峒派保管是最好的选择。沙无邪想对苏胜晓之于情，动之于理，能不动手就尽量不动手。可苏胜却摇了摇头：“到时候天下不乱，你们空同就乱了。”沙无邪，你有没有脑子的？你已经把握不住这个东西了，江城会杀了你。结果是空同印得不到，还害死了全派的人。这个你放心，我有办法躲避江城，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就行。 沙无邪依然不死心，就想要空同印，根本不想考虑任何后果。苏胜笑了，知道对他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这个家伙已经在钻牛角尖。那你有本事你就来拿，你实力够，我把命给你都行。苏胜说着，已然手握紧拳，不过二对一倒也不是很虚，不是三对一。数秒不到，一个漂亮女子撑着白伞落于屋顶，身上的妖气将周围都盖了起来，雨水都顿在空中停了。白仙。 沙无邪抬头看向了屋顶，顿时表情凝重了起来。光一个苏胜都已经不好对付，还加一个白仙吗？话说野仙为什么会帮他们苏家？与此同时，苏岩突然满身鬼气，身着鬼火，一支长色毛笔漂浮于身前，一道红光击破黑夜。只见他身后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鬼影，五尺多高，凶神恶煞，浓眉大眼，身戴官帽。沙无邪又是一皱眉，身显判官钟馗，你是鬼使？正是。你想动我们家？ 那恐怕没有这么容易。”苏岩淡定自若的说道：“苏胜加白仙加鬼使，这个空峒掌门不可能赢。一敌三，那就是自取其辱。”沙无邪杀气尽消，知难而退，但他不像放弃的样子。他突然闭眼，仿佛在感应着什么，五指不停掐算，开始占卜了。随后猛地一睁眼，然后说道：“苏胜，好大的野心！但你确定会成功吗？你逆天改命就算了，还赌那么大，空峒印居然给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你管我！” 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管得着吗？苏胜自然不用给他报告自己做了什么，这杀无邪一辈子都别想把空铜印拿回去了。哼，苏胜，你本身就无后，何必折腾？到时候害了所有苏家人，就报应不爽了。还是把空铜印给我吧。杀无邪这家伙果然不想放弃，他不打了，继续改用蛇弓，希望能利用三寸不烂之舌将空铜印说回来。啊？我无后？苏胜看着比自己高的儿子苏岩，突然有点咂舌。 老子两个儿子，你说我无后，是我不中用的儿子无后。爸，我是不想生，是大哥无后，你要说清楚。苏岩不乐意了，可以不生，但不能被说不行，这是两码事。闭嘴，一回事。苏胜想起来有些气，于是骂了句：“好说歹说，就是不肯给吗？”沙无邪突然脸色一沉，变得有些凶狠。既然如此，那我以后必杀了这个孩子，然后取出空铜印，别怪我狠毒。 硬抢不过，沙无邪只能改变想法和策略。既然空瞳印在孩子身上，那就好办了。苏胜，你应该大期将至了吧？你保不了他多久？沙无邪还是有点本事的。苏胜早知道自己大期将至，活不了多久了，没想到沙无邪也算了出来。爸，苏言一惊，突然心沉了一半。苏胜连忙挥了挥手，示意苏言别说话。现在不是感慨和悲伤的时候。然后他对沙无邪说道：“你怎么也是空瞳掌门？这么无耻吗？全杀幼儿。 好，你别说我欺负幼小，我答应你，给他二十年。二十年后，我亲自下山宰他。到时候别怪我狠心，多活二十年也算我对这新生命的仁慈了。沙无邪说完后，转头走了。他自知不能以一敌三，只能知难而退。不过又立下誓言：如果那孩子诞生，二十年后必定下山取其性命，然后体内取出空铜印。沙无邪一走，苏胜不让苏颜说任何话，直接挥手道：“走，回乡下避难。是福是祸，看命了。” 空瞳老祖居然之前找到过爷爷，还差点打了起来。这家伙对空瞳印的执念好深啊！空瞳派真是非空瞳印不可吗？不过他犯的哪根筋，居然不杀我？等我发育好的话，那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现在再想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么一说，我还得谢谢你啊，空瞳掌门。我冷笑了起来。这个家伙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所图呢？空瞳老祖此时心情好像无比复杂，只是冷言道：“不用谢，只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你一个机会。” 如今机缘已到，是生是死，各看我们造化。我对不起很多人，唯独对得起你苏阳了吧？对得起，那我更要给你个痛快了，好好送你上路。话音一落，我便祭出蛟龙刃，兵器一出，那便是杀气冲天。今天他必须死在这里，不为那些无辜的生命，只为我苏阳的一己私仇。我苏阳没有这么高大上。崆峒老祖面对我的气势并未虚，双掌如霜，一掌夺命，一掌追魂。崆峒派门人居多，追魂和夺命门尤为出色。 而崆峒派的初代掌门人飞鸿子，则以其创立了各种五合术，主谓报神已尽，阴阳有藏。崆峒老祖所展示的尽是此法，当天不动如山，任青帝施暴，可青帝却未能动其分毫，反被秒杀。可见此法威力无穷。面对如此浑厚的气势，我不退反进，一刀劈向了他。蛟龙一怒，刀气横扫，盘古之力寄于刀中，周围顿时蛟气翻涌，杀气四射。崆峒老祖居然不怕我的刀，徒手接之，双掌里无穷青筋暴起。 好像两座山夹住了我的刀刃，龙角被擒之感。这厮好厉害！蛟龙刃已经有股翻江倒海之势，可他居然空手入白刃，而且毫无费力。力量相抗，周围地面崩裂。空峒老祖面目狰狞，怒发冲冠，强行将我的刀压在了地下。顿时，砰的一声，地面被刀崩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我见情况不对，连忙腾出一手，一掌袭于他心口。空峒老祖反应也快，力掌与我对碰，轰的一声巨响，双掌对击，气流倒飞，法力化成龙凤相争。 周围之人皆受到牵连，或飞于空中，或倒地吐血。我俩被震得分开，互退三米开外。我缓过来三秒，便提刀再次挥砍。崆峒老祖与我缠斗数分钟，我一刀未能劈中于他。这家伙虽无兵器，但自身实力强的离谱，一拳一掌幻影无形，法力恐怖如斯，龙刃入不了他分毫。可我并不急，他虽厉害，但门中弟子以少打多，情况并不乐观。被我苏家人围剿，已然一副快撑不住的样子了，慢慢死伤无数，杀光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就算我无法拿下空峒老祖，他最后也是要被车轮战死，声嘶力竭，如同我往中之猎物。空峒老祖也深知自己之劣势，额头满汗，故铤而走险，于空峒派七伤拳与我相伤。未伤敌，先伤己，一练七伤，七者皆伤。七伤拳可以理解为极限换血。这老壁灯的境界很高，我就算穿着神与内甲，也无法阻挡他这七伤拳。他以内力动拳，不伤皮肉，专伤筋骨内脏，天生拥有破甲之用，龙刃一臂。 双拳挥发，一伤七伤，一拳百击，威力无穷。我躲之不及，被震飞了出去。拳拳动我元气，撼我筋骨。我倒退五米，落地吐血。幸亏我强身有余，人亡骨，麒麟身，这伤要不得我命，但也力刀驻足，身吐浊气。崆峒老祖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强行换血只是不亏，不可能比我还赚。他也嘴角流出鲜血，双拳斗力，脸色慢慢泛白。他再厉害，年纪也上来了，身体不可能跟一身是挂的我比。 他受伤跟我受伤简直就是两个概念，我这强攻奈何不了他，反而会被他占了先机。这老头无论法力和武力都异于常人，虽没有苏灭般变态，但也绝对是上上乘高手。如不是落于我部的陷阱弟子被围剿，估计还奈何不了他。思考几秒，我七人开始双斩两臂，决定用阴阳之力与之对抗。武当对空童太极跟七伤拳的碰撞，倒要看看是谁厉害。虽说我还没练到家，但有阴阳玉丹加持，倒也不虚。空童老祖的眼睛很毒。 居然一眼看出我体内的异常，开口问道：“你居然敢生吞两颗玉丹，不死真是命大。”“这有什么？我小时候电线杆下撒尿都没死，命大的事我多了去。”话音一落，我便阴阳混形，双掌藏阴阳，一掌带柔，一掌带刚，朝他袭去。崆峒老族脚一横扫，劲风狂起，地面崩裂。但他居然不硬功了，身形如纸，左右互躲，只见虚影，不见真人。不愧是崆峒派的人，知我阴阳之力可化万物。 居然不对敌，可这样有什么用？能躲几时？一卦一立，八八六十四卦于乾坤中绽放，脚下无极之风仿佛要将空峒老祖吞噬一样。他避我变攻，绝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可打完六十四卦后，空峒老祖突然猛得出拳，拳意一,一地便可轰天。七拳落下，仿佛七座山，一拳比一拳猛。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阴阳太极的弱点。空峒老祖知道，不知道是他经验丰富，还是本来就知道的。 但此举告诉了我，以后苏灭的弱点也是这个。他怎么打我的，我就怎么打苏灭。他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已无法缓回来。而且我以为此招无敌，化解万物之功法，谁能匹敌？苏灭连天雷都化，可曾想万法皆有破绽？空峒老祖真是个人精。七拳轰得我头皮发麻，整个人飞了出去，伤筋动骨，好像浑身散架了一样。一拳比一拳伤，一拳比一拳重。神与内甲被穿透了，七法七伤，威力无穷。 可他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以命换命之法。空峒老祖顿时单膝跪地，七孔流血，脸煞白，嘴唇微微颤抖。但他居然毫不在乎，只是轻轻擦拭掉了血液，眼神如炬。他的表情告诉我，这是他一早就计划好的。他不是穷途末路选择的呼唤。你想一换一？我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解。那就算杀了我，又有何用？他在想什么？我死不死不重要，你死了就行。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来接手空同印。空同老祖强行站了起来，气势磅礴，震慑众人。这根本不像一个重伤之人，好强的老家伙。而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图：除了他，还有人在这附近，想跟我互换，然后死了以后让我爆出空同印吗？那到时候谁来取？沈洛伊吗？空同老祖明显是忌惮我和狐仙联手，所以早就计划好了要跟我换命。先不说我体内有没有空同印，也不说他能不能换掉我，就算空同印出来了，谁又能来拿？ 空瞳老祖，你算盘打太好了！我也站了起来，与之对视。估计他要最后一搏了，可我根本不怕他。估计他也打大大估算错了我的实力，因为弧线不出来，他也没有完全拿下我。我的成长是恐怖的。为了一个空瞳印，值得吗？杀了这么多人，搭上自己和门人，以死相拼，就为了一个印？我冷冷问道。执念就好像一把刀，会慢慢把一个人杀死。空瞳印一旦入世，落入坏人手中，死的人会更多。 死这点人算什么？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对错留于后人评判。接我最后一招吧！空峒老祖大喝一声，七道光芒炸出，拳意挥天，青筋暴起，周围的东西全部被震裂。滔天的力量朝我袭来，他的身形极其快，快到根本看不见人，只有虚影在不停的行走。七伤拳伤及内脏和筋骨，皮肉虽不损，但会让人内出血。以空峒老祖的实力，换个别人来，早就一命呜呼了。只有我硬抗他两下，还能站起来。此拳再抗下来。 我必定吃不消，连神与内甲都无视，谁能接二连三的硬抗？等之靠近我的时候，我突然祭出了昆仑镜，顿时照出了他飘忽不定的真身。他有些惊讶，没想到我这个时候亮神器了。一道镜光不但折射出了他的身影，灼热的光芒还让他双眼冒烟，身皮顿感难受。昆仑镜虽然专克妖魔鬼怪，但是对人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崆峒老祖急了，好像计划被我打破一样，居然盲目强行靠近我，一拳轰出，一拳紧跟六拳，拳影滔天，力量炸裂。 他等不及了，想马上跟我命换命。他知道昆仑镜杀不了他，可他忘了，昆仑镜已经照出他的身影，他的进攻我看得一清二楚，拳如雷崩，巨大的七拳如山一样朝我压下来。可我早有准备，佛莲挡于身前，一道火光冲天，周围荡漾出了十阵火海，黑暗的烈火瞬间化解了所有权益，而靠近我的空峒老祖也将遭遇会被恐怖的邪火吞噬。就等你来，你太急了，老头。 我大喝一声，犹如火神一样站立于火圈当中。这佛莲我虽然没有驯服，但却用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拿它挡枪十分好用。它的火极其邪恶，且能焚烧世间大部分东西。想换我，你是否太天真了？时代变了，有枪谁跟你玩肉搏？崆峒老祖的厉害也远超我想象。面对恐怖的黑莲之火，他居然肉身躲过，双掌如风，百道灵符散出，瞬间组成了一道符剑，一剑劈出，火海变形，硬生生斩出了一条生路。 可他已是穷途末路，再次七孔流血，脸上毫无血色。七伤拳就算没有打中人，也会伤自己的吧？而且最后的法力用于对付火莲了，用符也是需要消耗法力的，况且是百道。我拔起了地上的蛟龙刃，准备给他最后一击。你失败了，崆峒老祖，轮到我反击了。我暴跳而起，一声龙吟响彻云霄。不知道是不是对手太强，激发了刀魂，我居然一刀暴斩后，看到了一条双头蛟龙咆哮而出，恐怖的刀意横穿天际。 直斩空峒老祖，空峒老祖大惊，连忙以符剑应付，可是却已经不敌我。他身受重伤，力量虚弱，灵符瞬间被击破，散落一地。刚刚才解决了佛莲，他如何能应对我？龙啸一声，刀光一闪，空峒老祖直接飞了出去，身见巨血滚地而倒，于地上攀爬数秒，再无战力之能，犹如一个血人般躬身于地，气息微弱，离死临门一脚了。他输了，这老家伙好厉害，居然这都没死。 我踉踉跄跄地踏步而行，想送他上黄泉，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好像刀子在割内脏一样，嘴里不知不觉地吐出了鲜血。不对劲，这七伤拳施加了咒印，再走我要死。看来你发现了，你已经走了五步，还剩两步。呵呵呵，空峒老祖虚弱地笑着，但一边笑一边咳血，好像已经不用我补刀了。他不是在骗我。五步之后，我头疼如麻，眼睛开始模糊了。不走，剩下两步。 我一样可以诛杀你。我抬起了蛟龙刃，这个距离，我的刀器一样可以远斩取他性命。我高举蛟龙刃，用尽全力挥发出了一道凌厉的刀气。可这时候，一道鬼魅的身影突现，人头蜘蛛身，他吐出了一道金色的结网，直接挡住了我的刀气。网虽然破了，但我的刀气也没了。妖吗？我皱起了眉头。刚才我就已经猜到了，周围还有人出来什么玩意，我都不奇怪，因为沈洛伊没有现身。再说了，弑神计划这么多人，不可能只有一个空瞳老祖。 你猜，半人半蜘蛛的怪物呵呵笑着，黑色的眼影和唇色看着极其鬼魅，头发很长很浓密，男非男，女非女。几只蜘蛛脚在地上来回踩着。我斜眼看向了四周，都出来吧，不要再躲躲藏藏。我知道肯定不止这么点人。看着崆峒老祖和崆峒派不救，你们是一伙的吗？他们宁愿躲在暗处，也不早点出来帮忙。到底是表面兄弟，还是另有阴谋？想等我虚弱后来收割吗？我话音一落，周围顿时刷刷刷无数声。 落下了无数个身影，什么人都有，而且数量庞大，人数瞬间碾压了我们。这就是半个京都吗？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奇形怪状，甚至有些长得跟妖魔鬼怪无二。沈洛伊可真有本事，居然能忽悠这么多人跟他合作。他的手段完全不亚于我，怪不得叶家被如此欺凌，没有能镇场子的人，确实会被活活打死。叶寒一和叶无涯的相继离去，让叶家沦为了鱼肉，而别人为刀俎。就在这个时候，沈洛伊从人群中缓缓走了出来。 苏阳哥哥，狐仙去找蛇了吧？我愣了一下，然后瞬间反应了过来。苏恩被抓就是个套，想救苏恩必须要集齐五野仙，但少了一个蛇仙，根本无法打开妖界大门。他们故意引开狐仙的。孔雀妖王是他们那边的。沈洛伊到底有什么魅力？不但能联合半个京都之人，制定了所谓的弑神计划，还跟了妖王合作。凭什么？凭她是九阴之女吗？他说的确实没错，狐仙去找蛇了，因为差一个蛇仙。 不然不会让空峒老祖有伤我的机会。他钻了一个空子，而且这个空子是他一早就计划好的。苏阳哥哥，你可真厉害，能在我接二连三的计划下依然占有优势。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男人，没有你，现在的苏家不堪一击。可惜你还是棋差一招。沈洛伊立身于前，众人皆为他马首是瞻。此等气魄，跟几年前的小姑娘好像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九阴之气，仿佛要立于天命。他要当京都的王，牺牲空峒老祖。 就是为了让我身受重伤吗？我扫了一眼周围，顿感大事不妙。如今的我被伤得太重了，他们人好多。不不不，不是为了让你身受重伤，是想跟你换了，然后我们来取走空同印，到时候无人能挡。可惜啊，空同老祖居然输了，只是将你重伤，但也可以了。沈洛一的计划很完美，就算结果差了一点，也根本不影响战局，是吗？那让我看看，你们所谓的“是神”计划到底有多少含量？居然敢用“是神”二字！ 我冷哼了一声，事到如今，只能战了。都杀到了苏家门前，我们怎敢退？我虽身已伤残，但奈何挂多，倒也不是非常虚。他们具体难不难打，还得看他们的本事。京都能人多，卧虎藏龙，有些术法确实是非常棘手的。放心，会让你见识的。先把老祖抬走。沈洛一还算有良心，居然这个时候还想救奄奄一息的空峒老祖。这个老头其实对沈洛一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可好不容易才让空峒老祖倒下。 我怎么可能让他就走？苏命、苏月杀了空峒老祖，只要补上一刀，他就没了。我连忙挥手下令，等他伤养好，又是一大隐患。这老逼灯必须交代在这里。苏命和苏月反应非常迅速，两人左右夹攻，两道杀意袭来，刀剑无眼，寒光四闪。可那蜘蛛人却一点都不害怕，只是淡淡笑了一下。与此同时，四阵寒风袭来，四个邪影同时挡在了空峒老祖的周围，将苏命和苏月的攻击全部吃掉了。 只见出现的四人根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样貌虽然跟人差不多，但却邪里邪气的，身体则一言难尽，和这个蜘蛛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分别像蜈蚣、蝎子、壁虎、蟾蜍，身上不是有这些东西的手脚和尾巴，就是长有一样恶心的皮肤。五个人有点像古代所言的五毒，不过五毒里面的不是蜘蛛，而是蛇蝎。所谓的五毒不只是毒，而且五毒还要能入药，蜘蛛并不能。这都是些什么玩意？是特么妖还是人？ 可是他们身上并没有妖气，吐息也是人的正常呼吸，奇形怪状的，甚是渗人。苏命皱了下眉头，扬言道：“邪道无子，这种歪门邪道居然也敢上台面！”哼，少在爷这里装蒜！你们苏家跟叶家一样，也该走到头了。那蟾蜍突然张开深渊巨口，吐出了几颗带血的人头，看样子有点像叶家的人。龙虎山有过一面之缘。那蟾蜍人长着蟾蜍的皮肤，人身蟾蜍脑袋，甚是怪异，但嘴巴一张便是深渊巨口。 到底生下来是什么怪胎才会羞耻道？太恶心了吧！见这些头颅，苏家人皆惊，也顿时明白自家的处境了。这些邪道中人可不算是人，比妖都恶。少跟他们废话，杀了这个老头先。另一个苏月并不天真，甚至对死亡没有丝毫畏惧和感情。他挥舞着黑色的皮鞭，直抽向五个怪物。可是蜈蚣怪却突然吐出毒液，蟾蜍吐出毒物，两阵毒气朝着苏月和苏命袭来，两人只能无奈退缩。 这种玩意别说呼吸道，就算皮肤沾到一点，也必定中毒身亡。苏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是有点名气的，绝不是泛泛之辈。邪道无子，人躯不好惹，在毒面前众生平等，中了就得死。毒、物、蛊都不是人躯能挡的，无论你多强，都要敬畏。这样的话，岂不是杀不了他？好不容易他才倒下，看着他从我眼前逃走吗？要不是崆峒弟子受制，崆峒老祖不会这么被动。下一次没这么好杀他了。 这时候，我连忙双指放进嘴里，然后吹了一声口哨。既然如此，只能让今天命他们进场了。一定要不顾一切后果，宰了崆峒老祖，绝不能让他被沈洛伊救走。可就在此时，突然一阵阵波纹荡漾而起，符灵如罩，无数的咒语化成城墙，顿时将周围圈了起来，好像罗生门一样，将我们都禁锢住了。一白发少年漂浮于空中，眼眸如魔，红唇白脸，身着青衣，身背红剑，仿佛神一样屹立于半空，完全无视地心引力。 他低头看向了我们，仿佛在看地上的蝼蚁，眼眸无恨无义，秋水无波，眼中无众生，对什么都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最强结界师，屠苏一族，屠苏不破。众人抬头看向了天空，苏家顿感不妙。会结界的人不多，屠苏一族更是此法的佼佼者。可屠苏一族野心并不大，你看屠苏不破一脸性冷淡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一族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沈洛伊到底是怎么拉拢他的？烂船也有三根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叶家能被这样杀，对方绝不简单。沈洛伊的势力太大了，如果孔雀妖王也进场，他将所向披靡。加个空峒老祖，谁能挡他？两家的领头羊都死了。苏阳哥哥，你的人好像进不来了。屠苏一家的结界，就算你有本事破的了，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我看了一眼铜墙铁壁般的结界，确实如此。沈洛伊的话不是唬人，所谓的医术最强，就是绝活哥。他总体实力或许不如你，但他能把这个术练到最高境界。 看来今天命他们一时半会是不可能支援到位了，就算来了也破不了这个结界。但我还有一手，鬼王出来能让他们抱头鼠窜。十只鬼王的实力绝不容小觑。可沈洛一却突然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阴冷的微笑。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鬼王女儿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当日跟沈洛一百鬼夜行去阴山的时候，那鬼王女儿表现确实特殊，血月当空，百鬼膜拜，就连他老子都没他厉害。可我跟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没有怎么研究过。 鬼王女儿肯定是身上有某种特殊作用的，不然不会引起那么多人去抢夺。但她真的能挡我十只鬼王吗？一对一或许还有看头，但一对十真的毫无悬念。她凭啥阻止？此时鬼王女儿飘了起来，她立于天空之下。突然，白茫茫的一片天空出现了惊人血月，鬼气如烟尘滚滚滔,滔,滔天。她挥舞着双爪，仿佛将人间活生生拖入了地狱一般。满满的血色月亮染红了天，染红了地。我们仿佛置身于血之深渊。众人全部惊愕，这不是双重结界了吗？ 屠苏不破的罗生门，鬼王女儿的血之地狱，双重结界，活生生将我们脱离了人间。这鬼王女儿没想到还有这般本事，前几次居然从没有亮出来底牌过，就连被十只鬼王侮辱也是忍气吞声，真是能忍啊！我连忙摸出黑葫芦，想释放十只鬼王，就算是双重结界又怎么样？鬼王二字含金量非常高，绝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低头。可是葫芦之下却传来了小倩的声音：“不可，此等血怨，鬼王出去必暴走，我也无法控制。” 这里人这么多，他们会敌我不分，大开杀戒，以人为食。小倩提醒了我，我抬头看向了天上突然出现的血月，阴气十足。阴日、圆月之时，可谓阳间最阴的日子，但两个加起来都不及血月当空。这种日子，阴邪必暴走，嗜血如狂。鬼王本来就力气大，出来估计得把苏家人都杀了。沈洛一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我的鬼王，用一只鬼牵制我十只鬼，这算盘打得太好了。苏阳哥哥，你的鬼王可还敢出来？ 沈洛一朝我应声问道：“他的鬼王女儿知道我有十只鬼王，所以早已经算计好，好缜密的心思，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算计。我差点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女子有谋到这种地步，可谓出彩至极。京都除了诸葛恪，应该无女子能出其左右了。过奖了，你要是没有后手，就该我了。上。”沈洛一挥了挥手，叶家已惨败，该我们苏家了。崆峒老祖在邪道五子的保护下，还真被护送走了。苏月和苏命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此时我们也都受困于结界中，鬼王又无法出来，怎么还管得了奄奄一息的空峒老祖？沈洛伊一声令下，带来的奇人异士全部加入了战斗，配合空峒派的弟子，顿时加攻我们，人数又几乎是我们的两倍。我们一下子从顺风变成了逆风。与此同时，一阵阴风吹来，一道鬼影如奔雷，直接袭向了我。我单手提刀，一下子挡住了鬼影的袭击，恐怖的鬼爪打在蛟龙刃之上，发出了呼呼的火花。鬼人。 我皱眉看向了满脸阴气的他，半人半鬼，雪白的脸阴森森，跟个鬼差一样，双手早就没了人形。杀了你，我就能在京都扬名立万了吧？嘿嘿嘿，鬼人笑得阴森森的，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一口牙齿黑得像干枯的毒血一样，恶臭难闻。确实，杀了我，你就是最胖的。可我话音一落，蛟龙刃已然斩了出去，鬼人挥舞着双爪想要硬吃我一刀，可是雷霆一斩，狂风呼啸，蛟龙出影。 那鬼人立马双臂尽断，血花四溅，温热的洒在了地上。原来还是人血啊！看来没修到家，血肉之躯，鬼修没到家啊！他哀嚎一声，头往后倒。我突然揪住他的衣领，直接轰然按在了地上，地面爆裂，出现了一个人形深坑。他已经成为了烂豆腐，血肉模糊。别说杀我，你们要是能让我动一两步，我就算输。我虽然受伤，但也不是你们能随便杀的。空峒老祖一走，能赢我的人也不多。别怕，他已是强弩之末。 一起围攻他，必然能赢。沈洛伊鼓励着其他人，他们人多，就算是项羽也只能自刎乌江。杀了我，扬名立万，胆子大一点！一大批鬼人立马朝我杀来，他们跟鬼很像，力量上更接近鬼，但也保留着人的特征，没有青面獠牙。可我佛莲一出，不管来多少个，都命丧火海。恐怖的烈焰吞噬着这些鬼人，最后连骨灰都不剩。佛莲本来就厉害，加上这骨火，我都不知道。 你们这些人拿什么杀我？我握剑站于人群中间，斜眼看着四周，左手蛟龙刃，右手佛莲，果真一步都没有动弹。火焰荡漾，我只在意屠苏一族那小子，不知道我这佛莲能不能破他的结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我要李不二进来给我疗伤。一旦我恢复一点作战能力，我定让他们血染青天。屠苏不破也低头看着我，面无表情。这家伙这么高冷，半天看不见他有变换任何表情，一副厌世脸。 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样。不管了，怎么样都要试一下。我马上举起火莲，想驱动它为我破了这结界。可是这破壁玩意突然哑火了一样，居然阴沉了下去，连点火星都没有了。我还没完全能驱动它，它这是摆攻了吗？这会，其他人也有点懵逼了。本来刚才被烧的都有点害怕了，不敢再上。可佛莲突然没了动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连忙假装将其放了回去，冷笑一声：“哼，你们太逊了，还不配用这个来对付你们。” 浪费我气力，杀鸡焉用牛刀？众人无端端被强行侮辱一通，脸上过不去，顿时火冒三丈，再一次朝我杀来。我挥舞着蛟龙刃，以一敌十，依旧不落于下风。生而无畏，战至终章，残破之躯亦能屹立不倒。可就在我以为情况会好不起来的时候，突然屠苏不破捂住了心脏，好像人极其痛苦一样。他急速的呼吸着，仿佛喘不上来气。沈洛伊也注意到了，连忙问道：“怎么了？” 只见他好像望向了我们早已经看不见的苏家大院，然后痛苦说道：“有人在诅咒我。”屠苏不破话一出，我立刻就明白是谁了，是雨烟。可沈洛伊却不肯放弃，厉声道：“再坚持，坚持，快好了！这个结界不能破。八大财团的人全是高手。”屠苏不破紧紧捂住了心脏，然后面露痛苦之色：“扛不住，好厉害的诅咒！硬抗我会死，我不可能给你卖命。”屠苏不破并未听命于沈洛伊，不过是组成的联盟罢了，又不是上下级关系。 谁会为了这个把命搭上？再大的利益也是得建立在能活着的基础上。人死了，一切白搭。屠苏不破立马落地，解除了手印，然后坐地练法，开始去除身上的诅咒。不然他要死在这里。沈洛一气的咬了咬牙，然后狠狠的望向了苏家大院。莫雨烟，就该杀了他！屠苏不破的结界一消除，不远处马上传来骚动，我的人要进来了。鬼人，快动手，别拖了！沈洛一喊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上百个鬼人一拥而上，满身鬼气，犹如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有些是红色的身体，估计比之前那些更猛，已经练成力踢了，面目狰狞，慢慢朝着鬼发展，身体有虚影。数量太多了，四面八方围攻而来，我应接不暇，挥刀一斩，只能杀退十几人。可幸亏我有神与内甲，他们的鬼爪一时之间无法掏掉我的内脏和肠子。刀气一翻，斩断了几人的头颅和手脚，但数量太多了，我站立不动有些吃力，虎落平阳被犬欺。若不是重伤。 这些小喽啰不值一提。与此同时，八道身影如星陨般落下，剑气如雷，一声鬼笑震惊众人。雷鬼！只见鬼剑一族强力护驾，瞬间将我围了起来。八道剑气拔地而起，将所有鬼人如青菜萝卜般斩杀。剑气化成雷鬼奔腾，吞噬周围的红色鬼人。八人如天罡落地，罩住了我的四面八方。护驾来迟，请老板恕罪。别逼逼了，李不二呢？赶紧让他滚过来给我疗伤。要不是雨燕。 你们这群人我白养，我痛斥了他们一顿。要是我死在这里，你们这些人就都白拿老子钱。我如何不大动肝火？居然让一个人全部挡在了外面。上，都给我上！老板生气了，卧槽！你个 DJ，干活麻溜点！李不二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当了个二把手，我一死啥都没了，以后吃屎估计都轮不到他。李不二说完后，连忙跟个猴一样跳了过来，一手持银针，一手给我号脉。老板息怒，我来演。赶紧的，有没有办法让我短暂恢复？ 我要收拾这帮人，只要给我半个小时，我让他们全部后悔来苏家。空峒老祖走了，无人能挡我。可以，中了七伤拳，只要以毒攻毒，直接能让你恢复七成，后面慢慢调养，基本问题不大。以前就有一道山大当家这样治过。李博二说的有模有样，当我却眯眼瞪向了他。你特喵的说的大当家不会是至尊宝吧？你个王八犊子，可别拿我当实验小白鼠。你以前治过七伤拳吗？我半信半疑的看着他。 这家伙不会想把我死马当活马医吧？放心，我心里有数。李不二说完后，立马掏出了跟我勾巴一样长的红针，这不是一般的银针，是特么毒针。这家伙真要以毒攻毒，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失针了，针入皮肤，疼痛难耐，但是随后便慢慢好了起来。我感觉腹中的淤血慢慢散去，内里和外里都轻松了许多。我握拳一试，发现力量已经恢复了，就是人还是有点麻麻的。李不二说这是正常现象，气伤全好了，但毒没完全散去。 不过不碍事，确实如此。我整个人恢复了差不多，提刀而起，状态已经回到了当初。沈洛依自觉大事不好，忙哼哼道：“怎么回事？那男人是谁？为什么可以破空峒老祖留下的七伤全伤？”李家听说是李时珍后人。京都旁人知情者回答道：“沈洛依一怒，李时珍后人会去当鬼医，这么厉害，不去大医院当个教授？你耍我呢？这你就有所不知，现在的中医要考试。” 你别说李时珍后人了，就算李时珍亲自来了，他也考不上。沈洛一，可在他们谈话间，一道狮吼震慑天地，旱魃落地，见人就杀。沈洛一的人被咬死无数，碰到旱魃者全部成了干尸。在惊天命的操纵下，一只旱魃已经杀得他们人仰马翻。这小子真抠，之前可能死的旱魃太多了，他现在一般指控一只出来，开始止损了。可这样的旱魃铜皮铁骨，威力极大，又有碰者将干枯的属性，进来这人群中就是大杀器。 就算是赶尸人来了，也奈何不了。其他人也杀了进来，局面顿时一边倒。沈洛伊的人完全不是对手。我花钱请的这些，全是全国各地的翘楚，精英中的精英。我们八大财团只收精英，不要勒色。真晦气！撤。沈洛伊自知不敌，连忙想溜。继续下去，他必败。雨烟打破了他所有部署。本来他这个就是环环相扣，少了任何一环，直接溃不成军。没有了屠苏一族的结界，他赢不了我。云墨轩本来就是八大财团手下黑市的缩影而已。 他拿什么赢八大财团？就算是结合了京都一半的力量，那也远远不敌。沈洛伊突然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就地动山摇了，地面震得厉害，随之开裂，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我紧盯地面，片刻后，两条龙直接从地面钻了出来，庞大的身躯甩飞了许多人，张嘴就吞，威慑力非常大。我皱了下眉头，又是四龙人。之前在三都水会的河边就遇到过，还斩了一条。所谓的龙根本不是真龙。 而是蛇化的，用比较简单的逻辑解释就是现在的催化剂，然后把蛇强行变成了龙。但这样的揠苗助长根本没有什么用，只是形态进化了而已。在古代就有这种职业，专门饲养这种龙给皇帝吃的，有些古文中有记载。我以为杀死一个就没有了，没想到四龙一族人还挺多。沈洛伊站在了龙头上想离开，以刚才龙出现的方式可以猜测，这两条龙会遁地，这是蛇的特性，因为蛇跟黄鳝一样，本来就会钻洞，要不是蛇危险。 估计有些女主播就用蛇代替黄鳝了。沈洛依挥了挥手，顿时鬼王女儿回到了他身边，放弃了所有操作。而两条龙调转了龙头，打算重新钻入地面离去。白姑用蛊，绝对不能让他走！不是我死，就是他要死在这里。白姑听罢，马上袖子有许多细小的虫子飞了出去。蛊虫他应对不了，就算是我以前遇到白姑的毒蛊，也得让三分。不是用计，我已经死在白姑手上了。可这时候，鬼王女儿却突然变大了，成了五人多高。 然后张开倾盆大口，直接将沈洛伊吞进了肚子里。鬼自然是不怕蛊毒的，给沈洛伊逃掉了。白姑无奈地看向了我，仿佛在说自己尽力了。鬼王女儿保他，蛊毒也没用。龙尾一甩，逼开众人后，两条龙直钻地面。但我此时却提刀而上，不可能让他走的。我大喝一声，恐怖的蛟龙刃直接扎进了龙尾，将其钉紧在地面上。龙头入地没用，龙尾已经下不去了。蛟龙刃有龙魂，可克制这些血脉不强的假龙。鬼王女儿见状不对。 连忙飘到了另外一条龙身上，可我却祭出了十只鬼王，没有了血缘，现在他们可以出来了。有些鬼王体积很大，不一定比龙小。十双鬼爪按住了所谓的龙，恐怖的鬼气如山一样压了下来。那龙在鬼王手里就如同蚯蚓一样。开饭吧，孩子们，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尝尝龙肉是什么滋味。十只鬼王兴奋至极，看着龙身垂涎欲滴。之前苏家大战损耗不少，今天必须喝龙血，吃龙肉补回来。 接下来就是极其恐怖的画面，恶鬼屠龙，蚕食其肉，狰狞又阴森。十只恐怖的鬼王仿佛在分食一条可怜虫一样。这种龙就是失败品，连龙吟都不会，只是痛苦挣扎着，但持续不了多久，很快就断气了，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鬼王女儿害怕极了，论硬实力，她还不是鬼王的对手。靠龙逃跑计划失败，她连忙升空，打算飘走。哼，跑得了吗？一切都迟了。和尚，给他打下来！我仰头看向了天空。 而此时，一个和尚却从上面降了下来，朝着鬼王女儿一掌落下。佛像进路，仿佛一座大佛压向了鬼王的女儿。秃驴，别挡道，不然我杀了你！鬼王女儿一声咆哮，满身鬼气迎难而上，周围所有鬼气化成了骷髅头。阿弥陀佛，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三千大世界，三千小世界，佛道如中，辟邪万宗。梵音缭乱，两股力量相撞，佛香伸手，而在掌下。 鬼王女儿渐渐变成了蚊子般的大小，轰！天空发生了巨大爆炸，正邪相冲，佛鬼相抗，和尚赢了。鬼王女儿惨叫一声，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狠狠砸入了地面，鬼气骤降，魂体如碎片一样慢慢散落，身受重伤。和尚双掌一合，直接打个跟斗，稳稳落在了地面上，念了一句阿弥陀佛。而鬼王女儿已经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时候已经没人来救他，只顾自己逃命，兵败如山倒。 两条龙都被鬼王吃完了，我拔出了蛟龙刃，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了鬼王女儿，把她吐出来。刀指鬼王女儿，逼迫着她将沈洛伊吐出来。可鬼王女儿却露出了狡猾一笑，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了一具女尸。可那人分明不是沈洛伊，假的，从一开始就是烟雾弹，用来迷惑我们的吗？沈洛伊根本没有进鬼王女儿嘴巴。好狠的心，居然牺牲鬼王的女儿来保全自己。之前是牺牲空峒老祖，现在到鬼王女儿了。 如果不这样，他也压根逃不掉。我们下意识这俩绑定在一起的，根本想象不到沈洛伊为了逃跑，居然会故意牺牲鬼王女儿。我扫了一眼周围，沈洛伊已经不见人影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逃跑的。剩下一群丢盔弃甲的虾兵蟹将，杀光他们！我挥了挥手，毫不留情，然后让鬼王们全部吃进肚子，连埋尸的功夫都省了。但没有杀到沈洛伊真是可惜。这女人狡兔三窟，太狡猾了，阴招频出，连逃跑都那么无情和无耻。 不消一会，剩下的人已经被全部围剿杀死，没有任何意外，这是败者的下场。叶家灭了，但我们苏家有我在，依然屹立不倒。看到了吗？你的下场不会比这好。我刀指鬼王女儿说道：“他抛弃了你，利用你来做诱饵，你可太跟对人了。”可鬼王女儿却犟嘴道：“我乐意，你要杀便杀，我生来便是鬼，又何惧死亡？”是啊，她是鬼王女儿，生来便是厉鬼，从没有做过人，哪有对死亡的恐惧？鬼本来就是死物。 对死根本没有概念，既然如此，那就让贫僧超度你吧。和尚欲要动手，但我却阻止了他。不，不能杀他。苏恩还在他们手上，而且留着他有用。有了他，鬼王能力量翻倍。问题的根源在沈洛伊，杀了他就万事大吉了。这鬼王女儿不算强，不急着杀，留着有更大的用处。鬼王女儿能让鬼王狂暴，这可是非常恐怖的能力。十只鬼王一起狂暴，那估计得天地为之变色。只是今天有这么多苏家人在，我不能拿出来。 沈洛伊也是算准了这一点，所以才阴我。不过孑然一身的话，那这个可是大杀器。我就留你一条狗命，让你看看你主子是怎么死的。我用昆仑镜将其封印。现在他身受重伤，基本沦为傀儡了。看着满地的尸体，先不着急让孩子们开餐。我转头对白姑说道：“把这里出现过的所有门派和家族一一记下来，我过两天一家一家去拜访。”我脸上露出了阴狠的表情：“是神计划是吧？我让你们一家一家的死无葬身之地，不下狠手。” 叶家就是我的榜样。空峒老祖和沈洛伊逃掉了，但是其他门派和家族已经露过脸。这些露过脸的只有一个字：死。今天苏家也损失惨重，不过对比躺尸一动不动的那些，我们已经算大赢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杀了沈洛伊和空峒老祖。我马上传令下去，给我全城翻找这两人。空峒派已经全灭了，就剩一个空峒老祖，还身受重伤。我看你跑哪里去？次日下起了瓢泼大雨，将苏家门前的血冲刷的一干二净。 鬼王吃光了尸体，连骨头都没有落下。我和雨烟依偎在了一起，然后静静看着门前的雨。我搂着他半球，紧紧抱进怀里，然后轻声问道：“你怎么这次没有损失？诅咒不是一换一吗？之前雨烟也有诅咒过，但基本上他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这就是诅咒的规矩。可这一次他诅咒屠苏不破，怎么好像没事一样？我取消了，不然他必死，所以我没事。”雨烟回答了我原因，原来是这样。不过屠苏取消结界就行。 他是生是死都不重要，我将手插入了他衣服里，然后继续问道：“墨轩，你见过了吗？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那墨轩神神叨叨的，跟个疯子一样，还说和雨烟有什么打赌。不过他好像已经输了。我不但没有抛下雨烟，我还赢了。现在墨轩去了修罗的老基地，不知道有没有闹出事了？不会被枪毙了吧？苏灭可没在那里。雨烟皱起了眉头。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他说他跟我一个姓，是同族之人，让我听他的。我当然不听。然后他跟沈洛一就把我抓了。 那老太婆还跟我打赌，说你一定不会救我。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满手鲜血。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没有错，墨轩被空峒老祖就走了。三人还凑到了一块，然后就对雨烟下了咒，让他到处杀人。幸亏我忽悠走了墨轩，不然这个疯婆子还不好对付。就连沈洛一和空峒老祖估计都无法完全控制她。现在不知道他人去哪了。现在我的任务有四个：第一个，找出沈洛一和空峒老祖的藏身之处，将其人道毁灭；第二个。 屠光那些反我们苏家的门派和家族，一个不留。如果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苏家的地位既站不完也保不住。第三个就是抓回墨轩。虽然我跟他无冤无仇，我甚至还要叫他一声太奶奶，但我总感觉这个疯子极度危险，而且有点仇男。估计苏灭和儿子苏婷都伤了他的心，毕竟两个最亲的人关了他大半辈子，换谁谁不恨？可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他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作为苏家的长老，我必须关回他，这是责任。第四个。 我要抄死雨燕，老子冒着生命危险就回他，不用补偿的吗？为了他，差点就败在沈洛意手上了，所以我也要设在他手上。我翻身将窗台的他抱了下来，然后让他双手扶窗，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补偿我。这张脸加上窗外的风景让我极其满意，怎么都想不到，我还是把师傅给睡了。可进城一半，突然我感觉有个人在背后看着我，我打了个冷战，连忙回头一看，发现居然正是狐仙。你们继续，不用管我。 狐仙坐了下来，吹了一口热茶，好像看电影一样，但我却兴趣全无。雨烟受到了惊吓，忙用手捂住了胸口，然后嘀咕道：“你，你师傅怎么有这种癖好？怎么偷看咱们？”我滑了出来，连忙穿上了裤子。怎么想什么来什么，晦气！这回应该是爽不成功了。狐仙应该是有点不满了，不然他从不打扰我这种事。看来是应该脸的问题。师傅，我们这还怎么继续？别调侃我了。你去哪了、啊？我拍了拍雨烟的肩膀，让他别害怕。 狐仙不会伤害他，他连忙穿上了衣服，脸上一片红晕，人前端庄，人后骚，女人百分之九十都这样，这被看了谁都遭不住，有种惊魂未定的感觉。给你找蛇仙的候选人啊，你不是要去找孔雀妖王吗？少一个野仙怎么打开门？狐仙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然后一步一步朝着雨烟走去。雨烟缩在了我后面，他有点害怕狐仙，紧紧拽住了我的手。那蛇呢？我连忙拍了一下雨烟的手，让他不要怕，然后朝狐仙问道：“说实话。” 我也很紧张，心里没底，不知道狐仙要做什么。狐仙没有回答，反而托起了雨烟的下巴。真像啊，跟我以前一模一样。我记得你诅咒丫头，你以前不长这样。我我换脸了，苏阳帮我换的。雨烟还挺老实，居然直接说了出来。我想捂他嘴都来不及了。哦，是吗？狐仙又看向了我，仿佛在询问我的答案。我只能点了点头。是我，他当初毁容了，急需一张脸的模型，所以我找了全天下最美的一张脸给他。 对不起，师傅，爽吗？狐仙突然问道。我以为他会怪罪我，没想到问了这种问题，我们两人都懵了，和雨烟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算狐仙打我两个大耳光，我都认了。可说这些，我倒有些慌。说呀，爽吗？狐仙见我不敢说话，又问道。我好像不答不行了。爽，我如实回答。这老狐狸说谎，估计骗不过他，他甚至还会不满意。我没问你，我问他。 狐仙又问向了雨烟，雨烟顿时懵了。啊，我我吗？雨烟看向了我，眼神充满了不解，仿佛在说狐仙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当然是你，不然还能是谁？用我的脸，他要是怠慢了，说明他不敬我；你要是舒舒服服了，说明他心里还敬我几分；要是不敬我，那我可不客气了。狐仙说出了原因，雨烟怕他怪罪我，连忙说道：“舒服，他敬你，很敬你。有一次还一晚七次，够敬你了吧？这次。” 我连忙捂住了雨烟的嘴，再让她说下去，我特么要被凌迟处死了。他他开玩笑的，师傅别放心上，我怎么可能一晚上冲湿七回？呸，那个我怎么可能一晚上七回？师傅言归正传，蛇呢？我连忙企图转移话题，求求了，别再说下去了，我害怕。狐仙越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我越害怕。一问小腿抖三次，雨烟也是口不择言，什么都说，把我这么威猛的特点说出来，那天下的小妹妹见到我还怎么把持得住？可恶啊！ 再说我的优点，分手。狐仙面对我的支支吾吾、只言片语后，倒看出了我的尴尬。可那儿大不由娘，他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挥手，啪的一声，门自动打开了。进来吧。狐仙真把蛇仙的候选人找回来了，这也太给力了吧！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这个，除了他，可能也没别人了。这时候，一个青衣女子撑着油纸伞从外面走了进来，一头黑黑的长发垂到了腰间，样子有些妖艳，不过淡妆下脸庞精致，样子还算可以，而且身段绝美。 柳腰细臀，眼神如丝，一看就是勾人的小妖精。这要是大晚上遇到这种妖怪，基本上就走远了。还是闭眼享受吧。卧槽，找了一条青蛇啊！我有些惊愕。其实青蛇比白蛇更加罕见，不过妖气差了一点，跟之前的蛇仙比是有差距的。怪不得成不了蛇仙。青蛇弯腰道：“见过狐仙，见过公子。”他的声音很亲号亲号，一声公子差点把我叫得去了。狐仙挥了挥手，示意他不用这么客气，然后问道。 你想不想成为野仙？青蛇迫切的点了点头，想，做梦都想，但这并不容易，以我的道行，估计有点难。这年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家都想往上爬，妖也不例外，谁也不想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妖也内卷，成为蛇仙就跨阶层了，哪个妖不想？确实，你才五百年修行，太弱了，想要得到老天爷的认可，成为野仙，只能给你作弊。狐仙皱了下眉头，明显是为了让他成为蛇仙而成为蛇仙。 五百年道恒，这连黄大仙一半也比不上，这怎么搞？不过也不能怪狐仙，事情太急，能找着一个都算不错了。青蛇一下子就跪了下来，马上磕头，多谢狐仙，以后愿效犬马之劳。这是要跨街成为蛇仙吗？可才五百年道恒啊，怎么作弊？没个千年道恒，你都不配用仙这个字。我连忙将狐仙拉到了一边，师傅，这差太多了吧？咱们怎么给他作弊？还有，他还差张人皮。 上哪给他弄去？刺人皮是要自愿的，不是说随便包张人皮给他穿上就行。那不是妖都可以杀人穿人皮了吗？可人不是神，人皮一包人就没了，而且还是活生生包，这生前得遭受多大的痛苦？这是赐恩和挡杰，帮妖受苦难，一般人没什么事还真不愿意。得到上天的认可就是渡雷劫，当然了，这个肯定是小雷劫，不是那种飞升的九道天雷，不然怎么抗得住？ 可就算是小雷杰，也不可能是他五百年道行的蛇妖挡得住的。人皮雷杰两样都不行，怎么成为蛇仙？狐仙这是闹呢？狐仙回道：“那就要看你的手段了。反正人选我已经给你找来。”啊？你不管了？直接扔给我？我愣住了。我还以为他要帮助这青蛇，没想到大冤种居然是我自己。那你给找个好点的呀！这三不沾，我怎么搞？难度太大了。不然呢？不给你找点事做？ 天天玩女人，为师可管不了那么多。是你自己要救苏恩，别怪我不提醒你。这妖界可不好闯，孔雀妖王也并不好惹。狐仙这时候跟我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用，因为黄大仙和白仙快来了。我总不能让他们什么不干就回去吧？除非沈洛一拿苏恩换回鬼王女儿，不然这妖界还非得去不可。苏恩一死，苏家肯定又要内讧，我强行镇压，坐上去更乱。苏家现在不能再生事端，不然真废了。最主要的还是苏恩对我不错，他应该是苏家对我最好的长辈了。 虽然现在杀了苏婷和她有一点隔阂，不过她对我的好却是真的。不救回她，我心里也有愧疚。行吧，行吧，你先回去，找到合适的人皮，我找你。我连忙打发青蛇走，然后独自扛下这个重任。这是八字没一撇，他留下来也没有用。青蛇可能怕我反悔，当即吐出了自己的妖丹，双手奉上：“公子，我妖丹给你，你有什么事让我来，口念咒语驱动妖丹便可，我必有感应。”说完后还教了我一句咒语，不过不难念，妖法也就那样吧。 毕竟动物是比较简单的，跟我们人的语言相差甚远，易懂是基础。姐姐，你这也太拼了吧！妖丹给我出了什么事？那你不完犊子了吗？这我可担当不起。这青蛇可真精，这不是纯纯表忠心吗？他怕我这事就这么算了，所以连命都赌上，就是为了这一次机会。我不想收的，可他硬塞给我，然后就走了，追都追不上。妖丹一拿，不帮他都不行了。蛇果然天生狡猾，不过他能赌命，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诚意。 妖丹是妖最重要的东西，我只要销毁，他立马就得死，跟人的心脏一样重要。不过强一点的妖可以短时间的妖丹离体，这还是不影响的。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亲爱的徒弟，你要继续星号星号做的事，还是去找人呢？狐仙看着我，一脸的俏皮，仿佛故意整我。他肯定是有主意的，只是突然不肯说了。也罢，既然如此，那我就自己找。肯定有人在临死前有愿望的，只要找这种人，那准没错。我拉着雨烟出门了。 一人打了一把伞，慢慢的走出了苏家大门。去哪？雨烟好奇的问道。刚才的事情他也知道了，但他想不到应该去哪可以找到愿意把自己人皮给蛇妖的人。普通人肯定不行，估计听到这个吓都吓死了。要找只能找临死的阴人。可阴人一般不喜欢帮助妖，而且阴人有执念，喜欢玩尸下葬，希望自己完整，这样一来难度就加大了。杀人！我突然脸上起了杀气。昨天所有来犯的家族和门派。 我都已经让白姑记下来了，我会一个一个的找他们算账，图他们全族不在话下。除非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为了保全家族献出一张人皮，不然的话就得死。他们野心害了自己，沈洛伊害了他们全族，杀人夺人皮两不误。雨夜的晚上有些凄静，我戴着面具，踩着血水站在了各种大门外，死者们面露恐惧，瞳孔放大，嘴角抽搐，身体上下两节已经彻底分开。 上至八十岁的老翁，下至五岁男童，无一幸免。或许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斩草除根是个好词，无关对错，都是利己主义罢了。他们好像也知道自己是失败者的下场，虽寒含恨而死，但也没有一个是睁眼而亡的，仿佛已经接受了这失败命运带来的恶果。同理，那天说的是苏家，现在的苏家大院已经连一根草都不剩了。我去过叶家，除了满地尸体和苍蝇，就是带血的门槛有点破了。条子总会来收尸的。 但也仅仅是收尸，雨水只能冲刷掉残留的血迹，但不能冲刷耻辱。我相信叶家还有活口，但应该已经在逃亡的路上。什么时候东山再起不好说，但叶家的传说已经陨落。沈洛伊很厉害，他灭了一个曾经的王者，但他输给了另外一个王者。为了掩饰我的身份，倒地的老者会问我到底是谁，我只给他留下迷茫的三个字：张三丰。他带着满脸问号倒在了血泊中，而我如雨夜屠夫一样清洗着所有曾经想毁灭苏家的对手。 可是，竟然没有一人愿意献出人皮来为此保全家人。他们仿佛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样，只是在此等死。沈洛伊，看看你做的好事吧。他们本来可以很安乐的活在京都，而你为了踏上神坛，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想要死多少人来成就你自己？我不会手软的，因为我如果手硬不过沈洛伊的心，我就会死得很惨。五、哦，这是第几家了？我叫着苏静的代号，站立于雨中问道。 这种天气很好，可以清洗掉我身上的残血。雨夜屠夫原来是贪方便，不过我脸上的面具未曾沾上半滴血，雨水也不能将它淋湿。不知道为何，苏静拱手答道：“第八家了，可是很奇怪，主力全都不见了，只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这我早就料到了，他们自然会逃，而有些人是无法逃的。屠苏一族和五毒门呢？”我又问道：“这两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必定将其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一个人都没有。” 是空门，他们本来人就不多。苏静有些可惜的说道：“杀不了这两门，我心有不安，但也暂时不知道他们逃去哪里了。”屠苏不破和邪道五子也算小有名气，他们会成为沈洛伊的大杀器。剩下的你搞定，我回去了，记得手脚干净一点。已经没剩多少人了，毕竟留下的人都是等死的。苏家的杀手可以自己完成，他们也不是吃白饭的，而且这个就是他们的老本行。今晚除了杀人，几乎一点收获都没有。 甚至连想杀的人都没有杀掉，更别说人皮了。他们视死如归，被我斩于刀下也没有求饶。对死亡的恐惧是有，可也不胆怯。这就是真王的觉悟吗？输了就认栽。京都的人果然见过大风浪。雨烟以前也跟着王天琪杀人，所以她没有太多感觉。出身就这样，说不上茹毛饮血，但也绝不是什么单纯的小姑娘。她的眼睛比血都要红。雨中漫步回去，我俩手牵手，水花溅在了我们的手指上，然后化成不同的形状。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如果不是戴着面具，我估计和他就打起了水战。杀人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丝毫不影响我们鸳鸯戏水。因为狐仙今天的打扰，进行一半的郁闷会化为更多的兽欲。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拳影朝我砸来，速度和力量都非常完美，雨水化为了碎片。来人想一拳杀了我，可我岂是泛泛之辈？一拳对了回去，两拳碰撞，发出啪的一声。对拳的瞬间，来人不敌，直接被震了回去，退后一米开外，溅起了不少水花。 雨水没有遮盖我的视线，我看清楚了来人的模样，是无道大叔。这时候，他一左一右出现了两个人，正是朱雀一族的族长农情和大魔导师十三哥。导管的生涯让十三哥肾虚不已，脸色一直都是白的，走路没几步也气喘。不过他看上去好像气色好了不少，不会是戒了吧？还是出来以后又跟浓情他们在一起，不方便倒了？我正奇怪无道大叔为什么袭击我，他却先发制人怒斥道：“终于找到你了，就是你杀了古族！” 你到底是何人？我先是愣了一下，不明白无道大叔为什么对我质问这个。不过很快就缓了过来，因为脸上的面具，他应该是误会了。当年苏灭屠杀了白孤全族，但他没有露脸，戴的就是这个面具。是我，无道大叔。我摘下了面具，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但以我的年龄，那时候还没出生，所以好像也可以完全排除嫌疑了。苏阳，三人一愣，哑口无言。面具是对的，为什么人是我？ 我不可能是凶手，因为我的年龄对不上，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出生。我找了一个地方，和他们坐下，一边吃喝一边解释了起来。能再见到他们，我无比高兴，因为组长还有承诺没有兑现，而且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没有回去黄河，为了找出当年的面具人吗？可他们怎么知道面具人在这里？无道大叔知道真相后，突然一声长叹，然后就开始不停喝酒，人也不说话了。怎么了，无道大叔？我朝他问道。 无道大叔又是一声长叹：“哎，没想到啊，杀害古族的面具人居然是当年名震天下的苏灭。如果是他的话，我估计一辈子都无法替古族报仇了。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凭我根本无法动其分毫。”苏灭确实厉害，无道大叔别说杀他了，估计连他一招都未必接得住。最强男人不是说笑的。不过无道大叔真的仗义，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对古族存有愧疚之心，过不去心里那道坎，所以一直想替古族报仇。如果不是他为妹求医，古族也不会死。 那可是全族的性命，他良心如何过得去？现在他更痛苦，明知凶手是谁，但已然失去了报仇的可能。他看着我的面具，只能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表情可却是越喝越痛苦。无道大叔的痛苦我可以理解，他甚至没有回去黄河，就是为了替白姑一族报仇。但仇人已经不是他能解决的了。明明知道了凶手是谁，但却无能为力，就好像一个大美女在你面前，但你却已经无油了一样。无力对男人来说，简直比不行还残忍。浓情只能安慰道。 别伤心了，叔，又不是你的问题，尽力就好。要不我们回去吧？京都毕竟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离开了黄河，我们会很难受。龙情想回去了，从小在黄河长大的他，几乎没怎么出来过，他自然不喜欢这个所谓花花世界。可吴道大叔却甩开了他的手，明显还不想放弃，而且也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依然看向了我的面具。这个面具是他的，我刚刚好需要，就戴上了。我敷衍的回答了一下，毕竟这个面具的事情。 我很难再去解释，而且跟吴道大叔已经无关了。能给我看看吗？吴道大叔突然来了兴致，不知道是他喝多了还是什么原因。随便你，我没有想太多，直接把面具丢给了他。吴道大叔喝完酒杯的酒后，直接接过了面具，他仔细端详着，然后嘴里自言自语道：“我怎么感觉这个面具好像有生命一样？”浓情等人直接无语了，只能没好气的说着：“叔，你喝多了，我没醉。” 我能感觉得到他有心跳，太邪乎了！吴道大叔反驳了浓情的话，然后居然将面具给戴上了。起初我们都没有去阻止，也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不就戴了个面具吗？可是吴道大叔戴上面具后，突然身体就抽搐了一下，仿佛被什么东西上身了似的。他突然就不动了，但人坐得板正。可刚才他喝多几杯后，人是滔滔不绝的，怎么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而且面具露出来的眼睛开始有了一点红光。叔，别闹了，把面具摘了，我们明天回去。 族人还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个叫苏魂的家伙把我们全族人都绑了，我们得回去救他们。浓情有点不耐烦了，起身就要揪起无道大叔，他实在不想跟一个中年男人在这里耍酒疯。可他一起身的瞬间，我就马上按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去触碰无道大叔。别动他，他有点异常。我说道。不，准确的来说是面具有异常。可我戴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这样？我戴在脸上的时候就是普通面具。浓情僵住了。 因为无道大叔看向了他，但是面具在笑。对的，面具在笑，而且非常诡异。我突然有点后悔让他给戴上了，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太邪乎了。说，你你怎么了？浓情紧张了起来，一连叫了几遍，但无道大叔没有任何反应。苏阳，你的面具有邪？浓情指指面具。我摇了摇头，我早就说过了，不是我的面具，是苏灭的。那你戴怎么没事？ 浓情半信半疑的看着我，可我无法解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可能出了苏面，没人能解释这个问题。把面具卸下来。观察了一番后，我发现吴道大叔虽然不正常了，但明显没有在攻击的迹象。我连忙去扯面具，想将面具从他脸上拿下来，但是吴道大叔却啪的一声，直接伸手捏住了我的手。冰的，他的手是冰的。可是朱雀一族的人出生自带胎火，怎么可能手是冰的？吴道大叔，你怎么了？我问道。 他的手铿锵有力，冰冷无比，仿佛雪山的万年积雪一样，仿佛变了一个人。就算是普通人，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体温，别说朱雀一族。是你吗？长生？突然，吴道大叔说话了，声音是他的声音，但是语气却变了一个人，而且问的问题也让我们有些吃惊。吴道大叔，这是江辰附体了吗？他也是昆仑胎之一。这时候，浓情和十三哥都看向了我，包括雨烟，仿佛在期待我下一步怎么解决。是我，你是？ 我想了一下，决定顺着他问的问题回答：“你为什么会忘了我？今夕是何年？”无道大叔反问道。啊！我一听懵了，但随即明白了过来。面具有魂，他上了无道大叔的身。我倒多了，记性不太好。现在是二零二三年，过几天过年。你到底是谁？我再次问道。为什么面具有魂不上我的身，但却上了无道大叔的身？你说的话我有点听不懂，但那个不是我，他是魔，你小心。 我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两人牛头不对马嘴。什么魔？谁是魔？你又是谁？他问我，我也问他。可是他这次却突然暴起，一拳打向了我，人跟疯子一样。你不是傅长生，又想来骗我？魔族不得好死！为什么选中我？无道大叔这一拳，酒杯和酒壶瞬间炸裂，桌子都化成了碎片，外面的雨全部冻成了冰点。我反应过来后，顿时以太极之力化解了。 他的力量瞬间变成了虚无，且一掌扣拳，强行扼住了他的手腕。无道大叔是火，可这个魂却是冰，可魂战体是无法改变身体属性的。这个面具到底有什么东西？绝不是一个魂那么简单。摘他面具，快！我扼住他后，忙让农晴摘他面具。只要面具一脱，无道大叔应该就可以恢复了。农晴会意，忙去摘无道大叔脸上的面具，但是面具有很多触手一样的东西，他们全部吸附在无道大叔的脸上，一下子根本无法拔出。 去死！我不会成魔的，你们这些畜生！长生救我！无道大叔暴喊，整个人已经癫狂了起来。我快要控制不住他了。他身上的力量一点也不弱。可浓情很聪明，突然指尖起火，南明离火专烧邪祟，火苗一烤，那些触手全部缩回去了。啪的一声，面具跟铁球一样狠狠砸进了地里，还砸出了一个深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面具该有的重量。面具一掉，无道大叔翻了翻白眼，人直接躺地上了。我拿起了面具。 但是却轻得跟普通面具一样，刚才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面具里外什么都没有，邪乎！面具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但什么问题都没有，根本查不出邪。我甚至不怕死，自己又戴了一遍，但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好像我戴跟无道大叔完全不一样。说你怎么了？你醒醒！说浓情看着满脸血的无道大叔，立马慌了，鬼知道那面具是什么玩意，会不会死？这时候店家还以为我们闹事。 看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告道：“你们别在这里打架，要打出去打，不然我报警了。”“谁打架了？只是喝醉了。”“我们走。”我忙收起面具，然后和十三哥一人抬起一边，打算先带吴道大叔回去疗伤。吴道大叔好像没什么大碍，只是脸上受了一点伤。浓情太紧张了，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突然店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喂，小子，你有东西落下了。”“什么？”我连忙转身，可是对上的却是一对如血月般的红瞳。 红瞳在旋转，天地也在旋转，我人很晕，然后突然抽搐了一下，仿佛被什么叮咬了一样。等我缓过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一座满是雾的铁桥，铁桥机关满满，周围全是傀儡，两边各有一座超大的铁机关大佛，如山林立，压迫感十足。幻境吗？到底是谁出来？别给我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我深知这些不是真的，少唬我。那双眼睛把我带进来这里的，不不，这些都是真的。 全是真的，我们墨家机关天下无敌，哈哈传承了两千年，岂是那些外国的科技可以随便淘汰的？一个邪魅的声音从铁桥那边传了过来，不但狂妄，还极其大声。然后雾中走出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黑唇白脸，背着一个木框，长发，手指修长且老茧非常多，一副狂拽酷炫脸，仿佛他就是世间的主一样。墨家机关道，那不是刷信誉分的地方吗？我皱眉看向了他，此墨家当然非彼墨家。 跟莫雨嫣和莫轩的墨姓不是一个含义。这个傻鸟是墨子的传人吧？我跟墨家没有什么交集，更别说恩怨了。他拉我进这里干什么？基建吗？而且拉我进来的应该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墨家不懂幻咒。苏家长老，有人找你。书生话音一落，突然大雾散去，铁桥的对面出现了许多人。沈洛一、空峒老祖、屠苏不破、邪道五子，还有莫轩。回想起那双红瞳。 我立马明白是谁拉我进来的了，这老太婆居然没被枪毙，修罗你也不行啊！雨烟的眼睛好像也有类似的功能，以前我跟王天琪被困结界的时候，也是他透过邪咒，天生双瞳，犹如幻界。前几天他也可以透过结界诅咒了屠苏不破，一般的邪咒师肯定是做不到这样的，不然屠苏一族的结界不是白搭了吗？估计全靠那一双眼睛。可墨轩要比雨烟厉害，而且完全懂得怎么利用这双眼睛。原来是弑神局啊！啧啧啧。 可你们口口声声说着要是神，怎么就剩口号了呢？我刚才去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你们可能杀个猪都不太行，别说杀神了。我冷冷的调侃着，他们要是不跑，估计全都下火葬场了，藏头露尾的跟只老鼠一样。而且空峒老祖这老逼灯怎么还不去死啊？这次除了原来的人，还加了个墨轩和墨子后人，双墨何必啊？不过好像战力加了不少，可惜啊，只是一个幻境，他们人可不敢出来。为什么？因为狐仙回来了。 小子，你骗得我好惨啊！墨轩突然呵斥了我一句，眼生怨恨。我估计和我的太奶要结仇了。人都说隔代亲，我都隔了三代了，他怎么一点都不亲我，还一副要弄死我的样子？我低乖乖，太奶，你都站对面去了，还想我不骗你？这好难啊！而且你老公真没死，只是和我说的有一点点出入而已。我摊了摊手，一副极其无奈的样子。反正都是假的，我才不怕他。毕竟像这种幻境，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进。 我称之为春幻，后果就是醒来特么裤子湿了。墨轩笑了，不过是冷笑。他活着不活着已经不重要了，他该死，苏家的人也都该死。他狠心关了我几十年，让我暗无天日。苏家人不为我发声，也全都该死。残忍又冷漠的家族罢了，天下第一。我呸！他们就该灭绝，全都该死光光。他们如果站在风水界的顶端，那就是世道不公。哎，还真别说，他的话我认同。苏家确实是残忍又冷漠的家族。 因为维持一个家族的强大，让其存活千年之久，靠的根本就不是仁慈和道义，是利益和手段。无情的人在现实中是活得最风生水起的，一个家族也同理。越是这样的家族，越是强大。恋爱脑不去挖野菜，开始人间清醒了吗？可墨轩再惨，也只不过是这个千年风水家族的匆匆一刻罢了。皮肤岂可撼树？所以你就联合外人来灭我苏家是吗？我亲爱的太奶奶，墨轩的加入确实让人头疼。 而沈洛伊无疑又壮大了几分，加上空峒老祖没死，事情只会对我越来越不利。不过莫轩战那边却对于我来说并不稀奇，因为他就是空峒老祖救出来的。这时候，沈洛伊走出来，站到了桥中间，和我面对面看着苏阳哥哥：“你还要你的家主吗？他现在在妖界。”沈洛伊不是在提醒我，他是在要挟我。苏恩是他最后一张威胁我的底牌。你想要干嘛？我皱了下眉头。三日后，孔雀妖王会公开处死他。 用妖界最残忍的酷刑生食，沈洛伊说出了他的目的。生食跟我们古代的凌迟有点像，就是活着一点一点的将你吃掉，但整个过程你是清醒的，而且不会死去，这让痛苦直接增加了百倍。如果雨嫣是我个人情感的威胁，那苏恩就是苏家的大义之辱。苏家的家主如果被妖孽公开处于此等酷刑，那苏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苏家的祖宗又岂会安宁？斩妖除魔上千年，最后被如此侮辱，风水界第一扛把子。 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孙绝不能被这样对待。这妖界我不去都不行。沈洛伊每一步棋都是狠招。